季玉儿的脑回路跟不上徐小贤的节奏，他还没醒过神来，徐小贤就真将这两本书递给了他的丫鬟，抬步就走。季玉儿转身，便见徐小贤在那书桌前停下了脚步。徐小贤看见了桌上的那两首他写的诗词，这是什么情况？徐小贤回头，四目相对。徐小贤的目光射出了一箭，可季院儿的目光却柔情似水。好吧，这小妞儿着实美丽。可你不应该做贼啊！等等，难不成她就是季院儿？不对，这字迹不是她的，那就不是原本。 这姑娘估计是从妓院那里抄来的。另外，最主要的缘由还是纪县令的那张脸。这张俏丽的脸显然和纪县令那张尖嘴猴腮的脸没有任何关系。嗯，这字还算可以。算了，不就是两首诗词吗？看在白嫖的两本书的份上，不和他计较。这一次，徐小贤是真的走了出去，没再有丝毫停留。妓院儿踏出了三位书屋的门槛，看着徐小贤登上了那辆老马拉的破车，看着那破车消失在巷子的尽头，这才回了书屋。 子儿很是担心，小姐怎么就像一门望夫一样，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季玉儿坐在了书桌前，提笔就将徐小贤刚才说的那道算学给写了下来：鸡兔同笼，共有头四十八，脚一百三十二。问鸡和兔各有多少？各有多少呢？天赋异禀的少女凝眉思量数息，提笔写出了答案：答，有鸡三十，有兔十八。子儿，齐名要术和四民月令这两本书进货多久了？回小姐，足足三年了。 幸亏只个进了三本，到今儿才有才有许公子取了两本，还没给银子。子儿觉得这笔生意简直亏到姥姥家了。季玉儿觉得有些奇怪，竹林书院的学子们来买书，除了圣贤之外，多为关于科考的教辅策论或者诗词文章这一类。这两本书是农书，徐小贤是个读书人，他买农书作甚？对了，那日在他家门前看见那告示上说他要买地，难不成是因为他这病让他放弃了再考科举，而选择了当个地主？可是当地主也不需要自己去种呀。 农事在读书人的眼里，他终究是个粗笔活儿。所以，徐小贤究竟想做什么呢？就在季玉儿胡思乱想的时候，一朵红云飘了进来，还捂着鼻子。季仙儿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满脸的委屈。今儿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本来要出去遛马的，结果被周若兰给抓去陪她逛定方楼。这本没什么，我就是好奇你们为啥会喜欢那玩意儿。季仙儿抬头看向了姐姐，没料到在定方楼遇见徐小贤。季玉儿一怔，顿时明白徐小贤进三味书屋的时候。 为啥会说那番话了？他把你弄出血了，我还不是为了给你出一口气。他一个男人去定方楼干什么？他带着一个女人也？他是要给那女子买胭脂水粉？季希儿气鼓鼓，他是你的未婚夫啊，怎么能脚踏两只船？我看不过去，所以所以就跳了下去。结果结果被他撞了一下，疼死我了。季希儿取下捂着鼻子的手帕，手帕上还有一朵鲜艳的梅花。鼻血倒是没流了，但鼻子还很疼啊。季儿乐了，你这就是多事。 那是他丫鬟，季心儿一怔，丫鬟，定方楼的胭脂水粉那么贵，他给他丫鬟买，他怎么就不给你买呢？哼哼，其中必有奸情，徐小贤就不是个好东西。这句话令季玉儿有些难受。婚书取回来了，父亲说再送过去，这都十来天了，他怎么就没送过去呢？而今的自己和徐小贤可没有半文钱的关系，若是他真的相中了他那丫鬟，对了，他那丫鬟长得也可怜可俐的，他对自己死了心，难说不移情别恋，这肯定不行。 就在这一刻，极有主见的妓院下定了主意。子儿，牙行还没有回消息。小姐，咱们这地方的地不太好卖，太靠近边境。妓院想了想，徐小贤不是要买地吗？卖给他六十亩。他至今好像还不知道我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我的丫头。这事儿你去办。不是，小姐，快去。哦，子儿转身出了门。小姐急迫的要卖地买徐小贤隔壁的那宅子，凭着小姐的容貌和才学，还需要送货上门的吗？纪仙儿也惊呆了。 姐，你这是要当真？季心儿抬手摸了摸姐姐的额头，没发烧啊。她有病的，你莫要被她这两首诗就给骗了。结婚生子是要过一辈子的，她若是刚一结婚就死了，你这辈子可怎么办？终究是双胞胎的亲姐妹，寻常斗斗嘴无伤大雅，但在这等大事的面前，季心儿还是很靠谱的。季玉儿望着窗外的梨花，眼里有些痴迷。刚才徐小贤来过。季心儿小嘴微翕，视线在季玉儿的脸上凝聚成了一个光点。那坏人不是。 你们私定终身了？别瞎想，他压根就没认出我来，他把我当成了你，态度可一点都不好。我揍他也是为了你，这还怪我咯？季月儿回头瞪着季心儿，脸上有点凶。不怪你，难道还怪我自己咯？若不是你今儿又砸到了他，他至于这样对我吗？季心儿就不乐意了，我还不是担心他吃着锅里看着碗里，这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我还不是想帮你管教管教一下他，为了你，我流了好多血，你知道不知道？早就给你说过，我的事不要你管。 有那闲心，你去找你的大将军啊！现在可好了，徐小贤认定了我就是你，进来都没给我好脸色，还不是你做的这些事。纪心儿很委屈，但吵架绝不能认输。他杏眼一瞪，哼，既然他将你认成了我，纪玉儿，你信不信我把徐小贤给你抢了？就凭你这凶悍的模样，你以为男人会喜欢你这一款？纪心儿豁然站了起来，脸上突然一笑，胸脯一挺，我倒是认为男人当真喜欢我这一款。不服气来比比。纪玉儿顿时败下阵来，浮浅。 这叫有货，不像某些人啊！啧啧啧，季仙儿瞄了一眼季玉儿的胸脯，十六岁了还像个没发酵的馒头。你说是发酵的馒头口味好，还是死面疙瘩的口味好？你，季仙儿骄傲的仰着脖子，你不懂男人，在男人的眼里，你那八斗的才华压根就不是我这骄傲的对手。季玉儿很伤心，离开三位书屋之后，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周氏药堂找了周若兰。若兰，有没有什么药可以可以让这馒头发酵？有啊。 虚孽粉不是，你要蒸馒头？少爷少爷，一只鹅黄的蝴蝶飞过了月亮门，飞到了徐府后院里。徐小贤正蹲在这一畦地边，仔细的看着他的宝贝土豆。所有栽培下去的土豆块的芽儿都长了出来，长势还很不错。他正在寻思的弄点农家肥，便听见了那熟悉的声音：“叫你别老是风风火火的，啥事？”赤蕊看着少爷，两眼神采奕奕。少爷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来福在闲着遛狗，少爷居然在这地边看着。 他是个读书人啊，难不成他还真懂得种庄稼？对了，昨儿少爷买回来了两本种庄稼的书，看来少爷的志向确实改变了。志蕊咽了一口唾沫，撩起衣袖来擦了擦额间的汗水，欢喜的说道：“少爷，有人来卖地了，正好卖六十亩，你要还是不要？”徐小贤顿时一喜：“要啊，当然要了，在哪？牙行，就在门口。张环公的那丫头，你见过？昨儿在三味书屋也见过，就是他家的主子要卖地，快请那丫头进来。” 怎么不是张桓公来呢？他一个丫头能做得了主？志蕊扇着衣袖，脸儿红扑扑。我问过了，他说桓公没空，全权让他处理。那就好。徐小贤放下心来，去请他进来吧。嗯。志蕊又飞走了。徐小贤在墙角的水井取了水，洗了洗手，抬步去了正院的闲云水榭。子儿随着志蕊走了进来，心思儿有些复杂。小姐打了招呼，不允许她告诉徐小贤小姐的名字，恐怕是怕丢人。 卖田地这种事，通常都会被认为是败家。小姐卖田地却不是败家，而是为了置办一处家业啊。还好前面那个叫志蕊的丫头误会了她，以为她是桓公的丫头，这样也好，就借着桓公的名头把这桩生意给做了。子儿站在了徐小贤的面前，又仔细看了看徐小贤，这少年实在英俊，再加上那两首诗词和那些说给桓公的话，令自家小姐欲罢不能。小姐买下隔壁那院子也好，住在徐小贤的隔壁，就能更多的知道徐小贤的事。他若是经常发疯。 恐怕小姐就会打消这个念头。若她一切安好，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小姐有了心仪的归属，就是小姐一辈子的幸运事情。子儿这短短时间想了许多，徐小贤伸手一指，说了两个字：“请坐。”谢许公子。徐小贤的视线落在了子儿的脸上，这丫头有些婴儿肥。多少银子一亩来着？十二两银子一亩。子儿便看见徐小贤眉间一蹙，连忙又道：“许公子，这六十亩可是上田？上田自然是肥沃的田。” 要说起来，这个价格倒是合适，可这一家伙就要掏出去七百二十两银子，口袋里就只剩下七十多两了。想了片刻，他问道：“十两银子一亩，若你能够做主，现在就可以成交，咱们就去衙门过户。”子儿一怔，出门的时候，小姐给的底价倒是十两银子一亩，小姐有些着急，因为听说这隔壁的那宅子被那个从苏州来的少爷给看中了。听说那个叫苏平安的少爷很有钱，所以小姐在自己出门的时候就去了牙行，说是先给定下来。 等着他卖了这地的银子去付余款，成，那就十两银子一亩，咱们现在就去县衙过户。徐小贤倒没有觉得这丫头一口同意自己就吃了亏，毕竟人家张桓公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听说那周阎王前几天就走了，看来自己的安全已经无恙。好，咱们这就去过户。梁邑县县衙，季县令最近的心情很不错。那三桩命案破了，周巡查灰溜溜夹着尾巴走了，自己这长女季玉儿眼目前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听玉儿说，张桓公和华神医亲自去了徐小贤那府上。可遗憾的是，徐小贤拒绝了华神医的复诊。现在就弄不明白徐小贤这脑子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了。不过这些日子，玉儿却有些异样，她总是走神。今儿早上吃饭的时候，居然在傻笑。这丫头笑什么呢？问她却不答。就连心儿也神神秘秘的。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问题？季县令端着茶盏，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师爷杜正淳走了过来。东家刚刚办了一个田地的过户手续。 季县令抬头，这不是很寻常的事吗？东家，这田地原本是大小姐所有。季县令一惊，季玉儿既有经商才能，他经营那三位书屋进项不错，这些年在郊外的百花村已经买入了数百亩的上田，这当然是个好事。但他为啥又要卖了？再说这里面可还有他娘亲的一份。卖给谁的？徐小贤。季县令疼的一家伙坐的笔直，小眼睛瞪得贼大。繁殖，正是。卖了多少亩？六十亩。 多少银子一亩？十两，亏了一两银子卖的。季县令收回了视线，眉间微蹙，捋着他的八字胡须，心里在分析：月儿将田地卖给了徐小贤，还是亏了一两银子一亩卖的？他为什么会做这亏本的生意？他急着卖又是为了什么？六百两银子，徐小贤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的银子？季县令一脑门的问号。师爷杜正淳小意的说道：“东家，以小人所见，大小姐这一手极妙啊。”季县令一怔，抬眼看向了杜正淳。 妙在何处？东家，您想想，若是大小姐嫁给了徐小贤，这银子落在了大小姐的荷包里，这田地岂不是还是在大小姐的手里？季县令恍然大悟：“哦，不对呀、啊，那婚书而今还在本官手里，我这不是都还没送给徐小贤的吗？那老爷赶紧给送过去啊！”可婆之没有让华神医给复查，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啊？这也是个问题。那大小姐为啥会将地卖给徐小贤呢？季县令一呆：“你问我，我问谁去？”等等等等，月儿亲自来办理的过户。 这倒不是，是大小姐的丫鬟子儿，她带着大小姐的私印来的。他人呢？办完就走了，说是带徐小贤去看看那些田地。走了，你说个毛线！算了算了，中午回去问问月儿，若是她不嫌弃，老夫傍晚时候就把婚书送到徐府去。徐小贤坐在马车里撩起衣袖，心里很开心，落实下来了一桩大事。来到这个世界四个多月了，终于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六十亩地，虽然少了点，却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它代表着我来了。 并且要在这个世界生根了，这在别人看来恐怕就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但对于徐小贤而言，这就是他自己的一大步。等以后再赚了银子，就再买地，买好多好多的地，这以后就躺着数钱。美好的日子仿佛那青楼的女子一样，正在向徐小贤招收，还挥着手帕，嗲声嗲气的说着：“来啊来啊！”想想都不要太美。徐小贤乐呵的搓了搓手，这才拿着已经过户的田契一瞧，百花村上田六十亩，他愕然一怔，百花村。 这就有意思了。上辈子扶贫的就是在百花村，这辈子买地居然也是在百花村，看来自己和百花村极有缘分。他再仔细一看，田契售卖人的这一栏这个印章，这个印章是簪花小楷，嗯，雕刻的相当不错。他再一细看，顿时吃了一惊：妓院，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妓院在卖的田地？那丫头不是说是张桓公的吗？对了，妓院是张桓公的学生，张桓公是大臣名士，这名士通常好脸面。 所以他通过妓院买下了那些田地。那天前来府上，看见了他想要买六十亩，于是今儿就遣了他的这丫鬟给我送来了六十亩。张桓公是个好人啊，急公好义，这以后还真得时常去看看他老人家。毕竟在这梁邑县能够有这么粗的一条大腿抱着，比抱蓟县令那细胳膊小腿踏实多了。马车在崖行停了片刻，徐小贤道没有注意，然后又再次启程。大致也就半个时辰的功夫，马车停在了郊外。徐小贤下了马车，一眼望去是一片绿油油的田地。 田里是新插的秧苗，地里是半人高的麦苗，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是一座巍峨高山，山脚下有丛丛竹林，竹林里掩映着一个小村庄。田间地里有农人正在劳作，有鸡鸣狗吠之声，也有小儿嬉闹之声，好一副美丽的春色田园风光。徐小贤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他喜欢这样的乡村，尤其这个村子还叫做桃花村。徐公子，请跟奴婢来，子儿带路。徐小贤带着志蕊和来福跟在后面，走在了田埂上。 穿过了三条田埂，来到了一处田边，子儿停了下来。徐小贤却抬眼看了过去，他看见了一座石拱桥，还有一条小河在小村庄前潺潺流淌。好地方啊！这是一处开阔田野，平原说不上，但田间的落差不大。若是将这一大片的田全买下来，就能够推平了，变成一块巨大的田，至少上千亩。子儿这时开了口，他伸手一指：“许公子，这三块田就是卖给你的那六十亩田间，有几个农人正在插秧。”子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李大爷，其中一老农直起腰来，回头一瞧，哟，子儿姑娘来了。东家今儿没来。李大爷，你过来一下。子儿又才低声对徐小贤说道：“这位李大爷就是这六十亩田的佃户。李大爷家里家里有些穷，就靠着这六十亩田才能吃饱饭。你以后可不能换了佃户。”徐小贤倒是无所谓，反正自己又不下田。李大爷来到了子儿面前，子儿这才指了指徐小贤，对李大爷说道：“这个东家把这六十亩田卖给了这位徐小贤，许公子。这以后呢？” 他就是你的东家了。李大爷一惊，原来的东家好啊，美丽又善良。人家佃户落两成收入，可东家却给了他三成的收入。现在这东家一换，看这位东家一脸的小家子气，恐怕是个守财奴，岂不是也会将这收成给改为两成？罢了罢了，以往是老东家大方，这两成倒是行情。东家，小老有礼了，以后还请东家多多照顾。好说，大爷、啊，我看这秧苗培育的不太好。说着这话，徐小贤就蹲了下去。 拔起了一簇秧苗来，仔细看了看，这秧苗的根系呈黄色，这说明了秧苗细胞老化，活性降低，以培育秧苗的秧田有问题。所有人听得一怔，徐小贤根本没去注意他们的表情，又道：秧田的酸碱度不合适，需要调整，来不及了。再看这单株的根系，根系数量不够，结根偏少，少了一半。徐小贤皱着眉头，按说这样的秧苗已经失去了栽种的意义，因为先天不良，就算种下去，收成也将减半。现在能怎么挽救呢？ 徐小贤正在思考，却不知道李大爷已经惊得目瞪口呆。金穗育苗那块秧田确实出现了问题，正常的秧苗根须是白色的，但育出来的秧苗却变成了黄色。可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根须偏少也正确。同样是那块秧田，偏偏金穗的秧苗就是这样，他也弄不明白是为什么。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这样先种下去。这位新东家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他看起来像个书生，怎么对这东西如此了解？ 子儿张大了嘴巴，看着徐小贤的背影。志蕊也呆愣愣看着他的少爷，心想这就神奇了。少爷什么时候懂得这些？他连米是从稻谷里出来的也不知道呀。按照正常而言，你就是告诉他米藏在树上，他肯定会信。一个书呆子，你还指望他分得清五谷？可现在是怎么回事？看那李大爷的表情，似乎少爷说的没错。接着，志蕊就看见少爷蹲在田埂上，撩起袖子就挖了一把田泥起来。他很认真的在看着这田泥，还用手搓了搓。 还凑到鼻子前嗅了嗅，我的个老天爷！志蕊简直惊呆了。少爷是个读书人呀、啊，他这是在装模作样，肯定是了。不过他装的好像很像的样子。子儿此刻的表情和心情与志蕊无二。我的天，这位许公子，他这是有病呢，还是没病呢？徐小贤仔细的查看了田泥，心里有了想法。他去了一处水洼边洗了洗手，这才对张大爷说道：“你记住，这些秧苗因为先天性的不良，它们生根的时间会变得更长。这第一次的施肥。” 你一定要等足一个月。另外，我告诉你一个法子。志蕊捏紧了衣摆，忽然觉得少爷有些陌生起来。他敢对天发誓，他的少爷真的不懂这些的。难道……难道少爷换了一个人？志蕊猜对了，但这个念头仅仅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因为太过荒唐。徐小贤此刻无比的认真，在志蕊的眼里，这样的认真倒是经常出现在过年以前的少爷脸上，是在少爷看书的时候。可现在，少爷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 志蕊不知道，他就觉得好神奇的样子。徐小贤的认真来源于这玩意儿是他的专业，他清楚这样的秧苗该怎么处理。可惜的是弄不出来氮肥，但这不妨碍用点土办法，至少能够挽救一下。比如他此刻就在志蕊和子儿复杂的视线中开口说道：“你记住，圈内取出粪尿，单独弄出去堆一尺高，不要压它。三天之后再往上堆积，每过三天堆积一次，直到六尺高度，然后用泥土把它给封起来。两个月后二次施肥就可以用它了。” 你还得记住，用过了之后再添新的粪尿，再封起来，四个月这玩意儿才算腐熟。这个叫疏松紧密交叉堆积法，施肥的时候量千万不要多。李大爷目瞪口呆，这个法子很好理解，他听明白了该怎么去做，只是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去做，便觉得这个像书生一样的新东家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粪是劲，水是命，七十二行农为首，百亩之田肥当先。这个法子你记住了吗？若是记不住，我得给你写下来。 李大爷咽了一口唾沫，才小意的说道：“东东家，小人记住了，那就行了，就这样吧。等明年育秧的时候，本少爷再来教你怎么弄。走了，好生侍候这些庄稼，本少爷不会亏待你的。”徐小贤当真走了，李大爷却一直看着东家的背影，直到消失不见。他这才醒过神来，农家肥要发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他知道。但是东家的这个法子却很新鲜，他决定插完这片田的秧苗就去试试。 这个疏松紧密交叉堆积法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存农家肥里面的氮，而这些秧苗需要的就是这个玩意儿。要造出氮肥可不容易，徐小贤只好用了这个方法。马车里，志蕊捏紧一摆的手没有松开。他想了想，少爷今儿在那老农面前装的倒是极像。若是他那法子就是瞎扯，若是精岁的庄稼欠了收成，只怕人家会被地里骂死他的。说来说去还是脑子的问题。一想到少爷的脑子，志蕊想起了周家小姐周若兰的承诺。 那方子都给他了，药呢？这一次，志蕊自作主张的掀开了前帘，对来福说了一句：“来福，去周氏药堂。”徐小贤一怔：“去那地方干啥？那位周小姐不是答应了免费给你拿药吗？一两银子一副呀，不要白不要！”这来福回府，少爷给你们弄一道口水鸡。很明显，口水鸡的诱惑力远远大于给少爷拿药治病。来福顿时欢喜，自然遵从了少爷的命令。志蕊瞪了徐小贤一眼，撇了撇嘴儿。 心想下午找个时间自己去那周氏药堂取药去。徐小贤揉了揉志蕊的脑袋，吃鸡多好，为啥要吃药呢？对了，接下来你再打听打听那百花村有没有人卖地，这次需要的是地，别搞错了。这些日子天天吃鸡，这田一买，口袋里就剩下了一百九十两银子了。田有了，地也得有啊，不然明年的土豆种在头上，还得去一趟淡水楼，比如这个口水鸡、钵钵鸡啥的，这配方也可以卖给陶掌柜啊。知识的要转变成银子。 这是目前徐小贤能够想到的最快的获取银子的办法，不多，但足以解决他现在的小小理想。季玉儿买下了徐府隔壁的那院子，心里很欢喜。他径直去了三味书屋，等到了快五时，才见子儿匆匆进来。不就是认个地儿吗？怎么这么久？子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小姐说了。他咽了一口唾沫，抿了抿嘴唇，还理了理耳际的散发，这才开了口：“小姐，那徐小贤……”子儿一顿，季玉儿一怔：“徐小贤他又怎么了？说来，小姐不信。” 他在李大爷的面前口若悬河，是这个样子的。子儿将那田边发生的事仔仔细细的说给了季月儿，季月儿仿佛听着天书一般，他的眼睛一眨一眨，小嘴儿慢慢张大，直到子儿说完过了时息，他才合上了嘴，收回了视线。那双漂亮的柳叶眉儿却微微皱了起来。这没道理的呀！这些日子我我也从竹林书院的学子们嘴里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下徐小贤，他真的就是个书呆子。他们说他平时几乎没有言语。季月儿又看向了子儿，难以置信的问道：“你说像这样的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 他怎么可能懂得农事？子儿也不知道呀。主仆二人面面相觑，子儿才忽然说道：“对了，小姐，昨儿个他不是在咱们这买了两本农书吗？”哦，季玉儿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如此看来，徐小贤得了那病之后，放弃了圣贤，从书中走了出来。正如他对先生说的那样，想过的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客去客来、日日花开花落、年年这样的日子。只是这和种田有关系吗？子儿，将那两本书给本小姐找出来。子儿一怔：“不是。” 小姐，这眼见着就要到端午诗会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准备准备？可莫要输给了柳烟梅，人家可是有备而来，是来砸场子的啊！这急什么？诗词文章这种事情哪里是想写就写得出来？他需要灵感，快把那两本书给我找来，我瞧瞧。子儿无奈翻出了《齐民要术》和《四月明令》，季玉儿坐在了书桌前，当真看了起来。他当然看得很是粗略。 为的是在这两本书里求证一下徐小贤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来自于这两本书。就在这时，周若兰走了进来。哟，我的大才女，看文章呢。周若兰一翻这书的封面，脸上顿时惊诧：“不是吧？你昨儿要蒸馒头，今儿又要种地了？”子儿一愣：“小姐蒸什么馒头？”季月儿脸一红，瞪了子儿一眼，抬眼看着周若兰：“啥事？还有啥事？我表哥请你在淡水楼吃午饭，不去，没空。”周若兰嘻嘻一笑。 我可听说淡水楼又多了三道来自于徐小贤的菜品哟！季玉儿眼睛一亮，那还等什么？走走走！子儿守着三位书屋，双手撑着下巴，心思儿飘摇。小姐完蛋了！一听说淡水楼多了三道出自徐小贤的菜品，季玉儿就忽然觉得有些饿。平桥豆腐和拆烩鲢鱼头这两道菜的美味，他还未曾忘记。不料徐小贤又推出了新品，这当然的去尝尝了。要吃好吃的，当然不能忘记了妹妹季心儿。吵架是内部矛盾，反正从小吵到大，早已经习惯了。 这有了好事儿，当然得带上妹妹。于是周若兰的马车驶去了季府。继仙儿一听更是开心，抱着姐姐还亲了一口，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了。季月瞪了她一眼，还比不比大小？不不不，我觉得小点也好。玲珑，哼。姐妹二人登上了马车，周若兰这才又有些惊讶的说道：“说来也奇怪，那个徐小贤隔壁的那前府，就是搬去了凉州城的那个守财奴，他那宅子挂在牙形，都挂了两年了，五百两银子呀，这样的价格谁会去要？” 季儿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周若兰没有注意。那个苏平安人傻钱多，他居然要买那宅子，说他觉得徐小贤非常人也，想要结识一番。周若兰两手一摊，可你们知道吗？我还以为就苏平安是个没脑子的冤大头，却没料到他今儿个带着银票去衙行的时候，才知道那宅子居然被人给买了。哈,哈哈哈！那破宅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子买下来的，苏平安还郁闷了好久呢。你们说可不可笑？季月儿和季星儿面面相觑。 纪先儿探出脑袋，低声问了一句：“你真的不知道是哪个傻子买下来的？这哪里知道？人家还让牙行给保密了呢。”哦，我告诉你哈，纪先儿正要说话，纪月儿的手落在了纪先儿的腰上，夹住了一丁点肉肉，然后一拧，哎呦！纪月儿脸红扑扑，这事儿瞒不住的呀、啊。她弄好了那个院子，就准备搬过去。周若兰又是她闺蜜，肯定会找上门来。不如大方的承认了。我觉得那宅子的风水很好，人家钱老爷不是都去了凉州了吗？这也算是高升了。所以呢？ 那宅子就是我这个傻子买来的。周若兰倒吸了一口凉气，似，好吧，我错了。那宅子风水很好，会升值的。隔壁住着个徐小贤、许繁之还很有文气。妓院儿凤眼一瞥，有万种风情。别瞎想，姐，你掐我干啥？妓院儿转头，我哪里掐你了？到了，下车。但水楼现在的生意比以往更好，一来是大臣建国十六载，国家渐渐趋于稳定，商人们就更加活跃起来。这梁一县说差吧。 他偏偏距离北魏和西云国不远。现在的大臣和这两个国家，至少在明面上好像还算友好，边境没有禁止商人们交易，所以就有了行商来到了这里。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因为大臣皇朝所产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极受这两个国家的达官贵人喜欢。而这两个国家所产的刀剑、马匹、牛羊，也是大臣的富贵人家喜欢的。一来二去，这偏僻的梁邑县商业渐渐就有了抬头的苗头。至于二来嘛。 淡水楼是梁义县最有档次也最有规模的酒楼，尤其是在推出了那平桥豆腐和拆烩鲢鱼头之后，就更受从江南而来的行商喜欢。大臣之父最富在江南，这不是吹的。这些行商们多是做丝绸生意的，家底都极为丰厚。这两道菜品又恰好集合他们的胃口，故而来淡水楼的外地客人便以江南行商居多。此刻正是午时用饭时间，淡水楼里座无虚席。作为这梁义县的首富之子朱仲举。 早已派了下人定下了二楼的仙客来雅间。周若兰带着季月儿姐妹俩在陶掌柜的引领下走入了雅间。雅间里，苏平安正在唉声叹气，我就弄不明白了。徐小贤隔壁那宅子在牙行都挂了两三年了，我今儿拿定主意要去买下来，偏偏他就这妖巧的卖掉了。你说买那宅子的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哎，季月儿入座，瞥了苏平安一眼，面带愠色。季心儿入座，视线径直盯向了苏平安，颇为凌冽。苏平安顿时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双腿一家不解地看向了纪星儿。苏州来的苏大少会不会说话的？这买卖的事情谁能说得准？人家挂在牙行，难不成你苏大少看中了还不允许别人买的？我看要怪啊，只能怪你苏大少手短了那么一点。再说你一个男人买到徐小贤的隔壁去干什么？实话对你说吧，那宅子是我姐买下来的。你说我姐这脑子有病，徐小贤那脑子也有病，他们俩脑子都有病，是不是天作的一对？纪玉儿转头看向了纪星儿。 会不会说话的？什么叫他们俩脑子都有病？苏平安张大了嘴，这才明白自己这是不小心得罪人家了。可是，可是季玉儿为啥要去买下那宅子呢？朱仲举在这一刻万念俱灰。是啊，两个脑子都有病，当真是天作的一对。季玉儿这操作如此明显，他显然对徐小贤有了兴趣，这可不是一个好苗头。苏平安这时候才对季玉儿拱手一礼，苦笑道：“玉儿小姐恕罪，在下当真不知道是你买的，还请原谅则个。” 没什么，我就是看那宅子风水还不错。朱大少，今儿咱们吃什么？吃什么？对我们是来吃饭的，可别被这事儿影响了胃口。陶掌管的将那两道新的菜品送来尝尝。好咧。陶掌柜转身离去。朱仲举这才期期艾艾的看着季玉儿问了一句：“你买那宅子，当真是因为风水不错？不然你以为是为啥？”嘿嘿，我还以为你是好奇徐小贤呢。朱仲举刚刚放下心来，季玉儿却给他的心脏射了一箭。 我也不瞒你们，我确实是好奇徐小贤。除了季仙儿，就连周若兰都大吃一惊。不是，月儿，我看过华神医给他开的那方子，他的问题很严重，你可莫要冲动了、啊。季月儿淡然一笑，然后悠悠一叹：这天下懂他的人太少。苏平安眼睛一亮，我懂。季仙儿心想：你懂个屁！季月儿从怀里取出了那两首诗，那你瞧瞧这个，你懂他多少？季月儿将徐小贤做的那两首诗词递给了苏平安，他觉得应该给徐小贤证明了。 有着如此之高的才华的少年，哪怕有疯病，也不应该受到别人的歧视。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这是能够入文风阁的诗词。大臣立国十六年，文风阁建立十四载，天下文人如过江之鲫。然而，如今的文风阁存下的诗词文章不过寥寥十四篇。哪怕是名扬天下的江南四大才子，他们的诗篇经也无一人有那资格入文风阁。做出这十四篇诗词文章的人，而今都是大臣皇朝之重臣。徐小贤就写了这么两首。 可老实说，这两首都有资格入文风格。这足以说明徐小贤在诗词上的造诣已经达到登峰造极之境界。他不想当官，但出名总可以吧？现在梁邑县的百姓们另眼看他，不就是因为他不出名吗？不就是觉得他那样的少年好欺负的吗？若是他出了名，这些百姓便只能仰望，还是那种倾慕的仰望。他们在看向他的眼神将不再会有歧视，而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是妓院需要的效果，也是为他以后的日子铺路。 苏平安将那两张纸接了过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笔酣畅淋漓的行书。苏平安一惊，接着看向了那首名为《孟江南三月三》的词：“九曲池头三月三，柳三三，香尘扑马喷金弦，唤春山。”他低声吟诵了出来，眼睛越来越亮，身子坐得越来越直。到最后一句“落归帆吟完”，他已经举起了这两张纸，一脸的震撼。苏州苏家乃是苏州城的大门阀，大臣皇朝六大家之一的存在。 苏平安自幼接受的就是最好的教育，何况他还有一个叫苏菲的大才女妹妹。他当然懂得这首词的含义以及其中极高的意境。这样的词，他深吸了一口气。这样的词，就算是江南四大才子也没可能做得出来。他沉醉于这首词里，反反复复地连诵了三遍，才意犹未尽地放下了举着的手，眼睛却望着窗外出了神。装。季仙儿看着苏长生那张小白脸，心里就冒出了这个字：不就是一首词吗？ 这苏大少爷居然像失了魂似的，至于吗？才学没有一斗的朱重举凑过脑袋去看了半天，这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也就是朗朗上口。看着苏少的表情，他似乎神游天外了。真的有那么好？再一结合刚才季月儿说的话，朱重举心里顿时咯噔一下。难道这词是徐小贤写的？这不可能吧？那疯子据说这两三年来都会向太学院寄去诗词文章，求的就是万一有某个大儒看见，能够让他的诗文入了文风阁，就能一步登天吗？ 可听说他的那诗文皆如石沉大海，连浪花都没泛起一朵来。想想也是，据说每年太学院收到的诗词文章数以万计，能出头者却寥寥无几。他许凡之算个什么玩意儿？苏少这就是大惊小怪了。陶掌管正好端上来了一波富贵鸡，他还没来得及介绍，便听苏平安突然一拍桌子：“好词！你都还没吃呢，怎么就知道好吃了？”陶掌柜很是惊讶，便见苏平安又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绝对好词！”陶掌柜放下了富贵鸡。 不好意思的笑道：“确实好吃，请大家一品。对对对，若兰，你也品品这首词。想来是徐小贤作于三月三，我就奇怪了，你们不是都说他没有出过梁一城吗？他怎么就知道九曲池头？怎么就知道苦笋食于昌门烟水？”陶掌柜这才听明白了，大家说的吃不一样。周若兰极为好奇的接过了那张纸，脸上的表情顿时精彩。苏平安又道：“我知道了，他没有去过，但是听过，就凭着他之所闻，便写出了犹如身临其境的词来。” 当真是徐小贤所做。苏平安看向了季玉儿，季玉儿笑盈盈，微微颔首，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不行，吃了饭我得再去拜见徐小贤。说完这句，他的视线又落在了另一张纸上。这首诗名为《锦瑟》，他又倒吸了一口凉气，惊艳于这一纸的簪花小楷和妹妹的字也不遑多让啊！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写出了这样秀美的字呢？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一个大男人，这是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呢？苏平安又举起了这首诗，又吟诵了三遍，声音低沉，差点潸然泪下。整个梁意除了月儿小姐之外，恐怕所有人都误会了徐小贤。他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他还是一个品性高洁的人。在《孟江南的》的那首词里，表达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想要离开梁邑县，他想要去长安，想要游历天下，追求的是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 在这首景色中，他呈现出了内心柔软的一面。他渴望友情、亲情，还有爱情。他将这一切的情，以庄生迷蝶、望帝托鹃徐徐道来，寄于沧海明月、蓝田日暖之中。但这一切他都没有得到，他终究孤独而无人理解，故而此情可待成追忆，便是枉然。苏平安一番解读，令吉仙儿惊讶地张开了小嘴儿，转头看了一眼姐姐。姐姐的眼圈儿已经微红，是我对不起他，所以我买下了他隔壁的那处院子。 我希望能够再把他找回来。苏平安，拍掌，好。这样的少年，若是玉儿小姐不喜，我想我那妹妹若是见了这两首诗词，定会赶来。季玉儿视线一凛，心里一紧，别添乱。吃饭。周若兰看完了这两首诗词，听完了苏平安的这番解读，抬眼看了看大表哥朱仲举，已经一脸的生无可恋。好吧，吃饭，大家尝尝，这是徐小贤的又一道名菜——富贵鸡。有了这两首诗词的出现，苏平安顿时对这美食无感。 他又兴致勃勃地说起了徐小贤：“朱少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你们口口声声说徐小贤有精神异常之症，我觉得这一次华神医恐怕看走了眼。”此话何解？苏平安这么一说，不但朱仲举觉得疑惑，就连季月儿也竖起了耳朵。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只要是关于徐小贤的话，他就特别上心，这让坐在他身旁的季心儿很是担心。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徐小贤前后变化太大太大。他是个梁邑县都没几个人认识的书呆子。 他却跑来淡水楼卖了那两道菜品。他第二次来，估摸着也是要卖菜品的，却没料到遇见了周阎王。他被那府上的管家欺负了足足十四年，这说明他是个软弱之人。他没可能有那样的勇气和周阎王为敌。至于他审视破案，我总觉得这里面的手法极像五花八门中的彩门之法。可就算他真的能够通灵，按照他的性子，他根本就不会抛头露面来帮助季县令。凡此种种，我就觉得他身上充满了神秘。 这前后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再看他做的这两首诗词，我才疏学浅，不敢妄加定义，但肯定极好，好到什么程度，这需要大如来评判。你们说，这样的诗词是一个书呆子、傻子、疯子能够写得出来的吗？所以，他这是大智若愚，他一直在藏拙，他是有大本事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你我去结交一番。季仙儿扯了一条鸡腿给姐姐，她在啃着这鸡肉。你们继续讨论徐小贤，本姑娘饿了。哇，好好吃。 季玉儿没有说，张桓公已经评判过这两首词，可入文风阁。这位苏少的妹妹，居然是江南大名鼎鼎的才女苏菲，这让她忽然有些后悔，拿出了这两篇诗词来。她咬了咬嘴唇，心想的快些将那院子收拾好，搬过去。如此，我也是近水楼台了。待会回去得让父亲尽快将那婚书再送给徐小贤。不，我要凭自己的本事走到他的心里。少女的心安定了下来，觉得这富贵鸡好好吃。朱重举心事重重，他想了许久。 终于决定勇敢的问一句，玉儿，我真的就没机会了吗？季玉儿抬头，眉儿一弯，一脸笑意。你一直都没有机会。一箭正中朱仲举的胸口，很疼。好吧，朱仲举化悲愤为食欲，他大吃了起来。来来来，都尝尝这道清炖蟹粉狮子头，也是徐小贤。他顿了顿，突然发现怎么啥事都和徐小贤有关了呢？看吧，我就一直说徐小贤很神奇。苏平安给朱仲举的伤口上撒了一撮盐。 这富贵鸡的烧制方式简直是天马行空，可偏偏做出来的味道又如此的美妙。苏平安扯了一块鸡肉，慢慢的品尝着，又道：“普普通通的鸡，通过他这秘法烧制，其色泽枣红明亮，入口酥烂肥嫩而不油腻，带着淡淡的荷香味儿。若是细细品尝，仿佛置身于春风里荷塘边，实在妙不可言。<装>”“庄，你吃个鸡还吃到了荷塘边，咋不掉到荷塘里呢？”季心儿在心底鄙视了苏平安一番，吃着这美味，心想看来姐姐是真喜欢上了徐小贤。 哎，也好，这以后就天天去徐小贤那府上混饭吃。桃林小筑，纪中谈拎着一盒茶叶来拜访张桓公。恩师啊，这是来自凤岭的明前雨丝，就这么一小盒子，请恩师品鉴。张桓公乐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啥事？纪中谈嘿嘿一笑，为张桓斟了一杯茶，问了一句：“恩师，学生敢问婆知那父亲云楼先生当年究竟得罪的是谁？”张桓公放下了手里的书，为了玉儿。是啊，女大不中留。 这些日子，月儿魂不守舍。今儿还卖了六十亩田，买下了徐小贤隔壁那院子。哎，我这个当爹的也难啊。那天去徐府，徐小贤拒绝了华神医的复诊。你就不担心徐小贤那病？他那病若是没好，可是会害了月儿一辈子的。季中谈捋了捋那上扬胡子，这就是学生苦恼的地方啊。月儿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在意婆枝那病了、啊。你说，他都私自把那院子买下来了，翻过那墙就是徐府，万一开一扇门，这进出多方便。所以学生思来想去，月儿既然不在意婆枝那病。 那最大的隐患就在徐小贤的身世上，还请恩师告知一二。张桓公一听，季玉儿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子，她既然都做到这一步了，恐怕就算是九头牛也拉不回头了。若说徐小贤那病，这些日子他也仔细想过，看来徐小贤那并不是太严重。再加上他对徐小贤的文采极为喜爱，这季玉儿若是真嫁给了徐小贤，也不是个坏事。徐云楼于大臣元年，就是在陛下登基的前一天就离开了长安，是独自离开的。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大臣二年，他才出现在梁邑县。陛下当年起事就是从梁邑县开始的，许云楼追随陛下也是从梁邑县开始的。朝中没有几人知道许云楼来梁邑县，更没有人知道他来干什么。大臣二年对北魏那一战，陛下授予了许云楼监军之职。许云楼离开梁邑县去了前线上阳城，接着他便死在了上阳城。要说许云楼在朝中的故旧极多，他的部下也极多，尤其是大臣刀旗。 这本就是许云楼一手训练出来的最强大的骑兵，老夫也觉得怪异，偏偏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照拂一下他的遗孤许小贤。曾经听到过一些说法，想必你审问了徐府那管家，也知道这事儿明面上是中书舍人徐瑞在办理，但既然去岁时候许小贤落了榜，这背后显然有人不愿意许小贤入长安。陛下还是念及云楼先生开国之功的，不然不会让他的画像入武德殿。但陛下同时也不愿意提起云楼先生这个名字，所以。 没有人知道这背后究竟是为什么。徐小贤能够活到现在，这至少说明了两个可能：要么是陛下希望徐小贤活着，要么是另外某个人忘记了徐小贤，也或者没有将这书呆子放在眼里，觉得他已无足轻重。他毕竟不是许云楼，犯不着为了个遗孤去得罪了皇上。纪中谈就像听天书一样，他知道许云楼，因为许云楼这个名字太过传奇。当然，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也不算少，却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 但提起这个名字的人却寥寥无几，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名字有些忌讳。至于为什么会忌讳，纪中谈不知道，就连张皇公也不知道，仿佛约定成俗一般，大家知道这么个传奇，却绝对没有人再去提起他一句。若是徐小贤知道这样的故事，他会想起一个词：社死。这么说，月儿嫁给许凡之问题不大，老夫觉得没啥问题。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再说，谁知道那两个家伙会不会就在暗中看着徐小贤呢？ 两个家伙，他们是谁？别问这件事，就说这么些了。这茶还可以，你可以走了。少爷，少爷。徐府，徐小贤正晒着夕阳看书，志蕊就像一只黄色的蝴蝶飞了过来。啥事？隔壁那宅子卖掉了呢？徐小贤就纳闷了，人家宅子卖掉关你啥事？去买块豆腐回来，晚上咱们做一道麻婆豆腐。志蕊立刻忘记了隔壁的那事，他的那双大眼睛一闪。好，等等。 明儿记得一件事，去西市买点黄豆和胆水。少爷教你怎么点豆腐。志蕊瞪大了眼睛，少爷，你还会点豆腐？少爷会的东西多着呢。对了，告诉来福一声，明儿个去百花村转转。少爷要去看看那些田。少爷去弄点杏树汁儿回来。志蕊就觉得奇怪了，那东西来干啥？徐小贤抬眼看向了志蕊，说了两个字：嫁接。嫁接又是什么鬼？志蕊忽然觉得自己和少爷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少爷的言语越来越难以理解，这可怎么得了？难道这就是读书的好处？少爷这些日子都捧着那两本农书在看，难道那书里有教怎么点豆腐和这老十字嫁接？一定是这样，不然少爷怎么可能知道？看来这以后我得少绣花多看书了，不然可就跟不上少爷的节奏。少女内心有些忧郁的走了。徐小贤放下了手里的《齐民要术》，他走出了闲云水榭，在院子里活动了一下手脚。对了，明儿早上该起来跑步了。 点豆腐这件事是他突发奇想，因为他想喝豆浆、吃豆花了。嫁接是他这些日子有想过的。至于说去百花村寻找杏树枝条，也不知道百花村有没有。他主要是去外面弄点艾草、浮萍，再买点雄黄、阿魏、硫磺、樟脑这些玩意儿。因为天气渐热，这满院子的花草虽好，可特么蚊子这个东西也渐渐的多了。今儿这手臂上就被叮了好大两个包。他要做蚊香，至于卖这个东西，得看看成本，算算利润，也不知道好不好卖。 毕竟这古人都有文章，百花村的竹子很多，那村子的后面有一座群山，顺便去瞧瞧。这已经进入了初夏，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竹笋，就当出去踏青吧。毕竟来到这个世界了，梁邑县周围的地图也应该去开启了，不能开得太宽。这辈子就窝在这新手村。徐小贤如此想着，来到了前院。隔壁果然有点动静，估计是慌了许久在整理。那颗翻墙而来的红杏，有那么一两朵正在绽放，嗯，很美。 昨儿夜里，一场初夏的雨下的不大不小，恰恰正好。徐小贤一觉睡到了自然醒，说好的早起晨跑呢？堕落了呀！这怎么可以？看了看自己这单薄的身子骨，徐小贤站在清新的庭院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发下了大志愿：明天我要起来跑步、洗脸、刷牙。洗脸比较简单，刷牙有点麻烦了。那登山包里就只有一支牙刷和牙膏。 这牙刷都快秃了，像志蕊那样咬柳枝儿，这显然不行，得想想法子把牙刷给弄出来。至于牙膏，就将就着用盐吧。要弄牙刷，可以用猪鬃毛或者马尾毛。马尾毛，徐小贤想起了砸了他两次的那姑娘，她有一匹大白马，啥时候再遇见的去薅点那马毛。徐小贤一边刷牙一边想着，忽然发现自己要做的事儿还挺多的。志蕊穿着一身鹅黄圈儿飘了进来，呀，他大吃了一惊，心里咯噔一下，少爷这是怎么了？ 怎么口吐白沫了？来福，来福，快来！徐小贤转头，志蕊的眼睛瞪得更大。他匆忙跑了过去，一把扶住了徐小贤。少爷，少爷，这大早上你别吓我啊！你这这是扯母猪疯了！你大爷的！你才扯母猪疯了！别嚷嚷，少爷，我这是在刷牙。少爷都刷了四个多月了，你都没看见吗？志蕊摇了摇头。少爷不是不要我事后洗漱了吗？不是，少爷刷牙怎么会吐出白沫子来？这怎么给古人解释呢？徐小贤也不知道呀。 来福飞一般的冲了进来，跑得比常威还要快。啊！来福一惊，少爷，他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少爷，你别走啊！你走了，小人去哪里拿月钱？志蕊，快去请大夫！滚！徐小贤飞起一脚将来福踹开，连忙用水漱了口。这大清早的，还要不要人安静点了？你们两个快点去弄早饭，今儿早上少爷我要吃煎蛋。对了，志蕊，把昨天买来的黄豆用水给泡上，快去快去！少爷我要看看书了。两个仆人带着满脸的疑惑走了。 院子里终于安静了下来，徐小贤好整以暇地坐在了闲云水榭中，似乎又回到了前世的日子。他煮了一壶茶，这茶比以前住在偏院的野茶好了许多。然后想看看报纸，才哑然一笑。报纸是没有的，那就练练字，写点什么呢？他一边磨墨，一边想着。片刻，他从笔架上取了一只狼毫，从纸筒里取出了一张纸来，极为仔细地铺好，用一方漆黑的镇纸压住。这镇纸从有记忆开始，它就存在。这镇纸的质地有些奇怪，很沉。 很凉，还很硬。背面若是仔仔细细的去看，可见一朵雕工精美的云，不知何物。饱蘸笔墨，思量片刻，徐小贤落笔于纸上，依然是大气的行书。长相思，便水流，变水流，似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明月人已楼。搁笔，一声叹息。哎。徐小贤安静的站在这幅字旁，心里却无比惆怅。若曦。 我在这里应该算是稳定下来了，有一处大宅院，就是你曾经想的那种。我还有了两个仆人，这显然有些奢侈。这不是腐败，而是这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我买了六十亩的田了，这以后得再多买一些。这辈子就不去当官了，但科举得去考考，就像咱们当年考大学一样，恐怕比考大学更难一点。四个月又二十三天了，我的适应能力还是蛮强的，就是这个世界太落后，你肯定难以想象，上厕所还用的是棍子。若不是在百花村锻炼了三年，我恐怕还不习惯。 这个世界有些荒诞，京城在长安，也有江南，但许多的名字变了，许多的国家也都不存在。所以，我打算等以后有了银子，再去这个世界走走看看。你知道我的胆子比较小，所以暂时我会偏安在这个叫梁一县的小县城里，就这样躺平吧。若曦，再见。徐小贤仰头望了望通透的蓝天，蓝天上一朵云彩都没有，又是一个好天气。他抬步离开了闲云水榭，去了前院。早餐颇为丰盛，一碗稀粥。 一个水煮蛋，一屉黄乎乎的粗面馒头，还有一个煎蛋。主仆三人在前院子里的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徐小贤看了看志蕊和来福面前的早餐，将水煮蛋夹给了志蕊。现在咱们家不缺银子了，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得跟上。记住，从明儿个开始，你和来福早上也得各吃一个鸡蛋。来福大喜，多谢少爷。志蕊撇了撇嘴，瞪了来福一眼，对徐小贤说道：“鸡五十文钱一只，这蛋十文钱一十，头一文钱一个呢。” 我们有着馒头就很不错了，少爷你得多吃一点鸡蛋补补身子。徐小贤喝着稀粥吃着煎蛋，听少爷的话。哦，一文钱一个鸡蛋，一两银子一千文，就是一千个鸡蛋。主仆三人每天吃三个，这得吃差不多一年。为啥不吃？少爷，昨儿下午我去了一次周氏药堂，没遇见那位拿走方子的小姐。我想，会不会是被她骗了？她就算不给我们药，但方子得还给我们呀。别老是去想那破事，少爷没病。 志蕊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徐小贤。通常有病的人都会说自己没病。常威蹲在徐小贤的身旁，眼睛绿油油地看着徐小贤夹着的煎蛋，他觉得这个味道好熟悉，似乎自己的狗生之前经常吃这个玩意儿，现在都忘记了是个什么味道。然后他的狗眼充满了失望。徐小贤一口将剩下的煎蛋给吃完了。吃完了，狗大爷还在这等着呢，你怎么能吃完了？汪汪汪！徐小贤夹了个粗面馒头扔给了常威。好吧，狗大爷有得吃就好。 常威叼着馒头，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忽然觉得这馒头真香，能不能再来一个？隔壁传来了砰砰啪啪的声响。徐小贤转头望了一眼，挺早的。那只爬墙过来的红杏，在一场雨后，似乎又多开了三两朵，挺娇艳的。老马拉着破车，主仆三人带着一条大黄狗，在朝阳升起的时候出了门。马车走出了良月巷子，又经过了梨花巷子。许贤撩开了车帘看了看，三位书屋倒是开了门，却没看见那个漂亮的姑娘。 反倒是看见子儿那丫头在里面，徐小贤有些遗憾。哪怕那姑娘砸了他两次，他都必须承认那姑娘确实很养眼。这毕竟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所接触的第一个除了智蕊之外的少女。只是徐小贤心里觉得有些怪异，那姑娘穿着红裙子的时候总觉得凶巴巴的，可那天在这三位书屋，那姑娘换上了一身白裙子之后，言语里却又极尽温柔，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双面人格，这就很有意思了。看来得对这姑娘多了解了解。 改天去桃林小筑问问张环公，他那丫鬟看来常在这三位书屋，张环公一定认识那姑娘。自始至终，徐小贤都没有将那女子和季月儿联系起来，这得归功于冀中谭季县令那尖嘴猴腮的模样。志蕊看着徐小贤的头都扭到脖子后面去了，少爷，要不让来福把车停下，你去仔细瞧瞧。算了，徐小贤放下了车帘，揉了揉志蕊的脑袋，回头记得在这来买点宣纸，家里的纸不多了。哦，志蕊撇了撇嘴。 看来少爷对那姑娘还是有些点意思的，这样也好。少爷十七岁了，到了成亲的年纪，早些娶回来一个不嫌弃他的少奶奶，这也是徐府的一件大事。徐小贤的老马破车从左边离开了凉月巷子，季仙儿骑着大白马从右边来到了凉月巷子。少女翻身下马，干脆利索，一气呵成，然后站在了这街对面。她左瞧瞧是姐姐的院子，她又看看是徐小贤的院子，好一对狗男女。少女银牙咬着嘴唇，双手抱在胸前，哼，季儿。 看来你这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可是个病人，他那病可是没法子治的。你这辈子当真就想要这样去过吗？口口声声还说我呢，自己选个夫婿都这么不靠谱。哼，我偏不能让你如愿。少女的柳叶眉一挑，嘴角画起了一道弧线。我可是为你好。季星儿牵着大白马走入了这间院子，她把大白马丢在了前院，来到了主院，便看见姐姐正在指挥着下人们忙碌。这么心急的，担心嫁不出去还是咋的？那徐小贤可还不知道你是谁。 你这样迫不及待地贴过来，嘻嘻。若是徐小贤不喜欢你，看你怎么收场，姐。季仙儿甜甜的喊道。季玉儿回过头来，你来了正好。来来来，爬到这棵树上去，把那些多余的树枝都砍掉。季仙儿顿时嘟起了嘴儿，我可不是来给你当苦力的。那你来干嘛？来认个门。季玉儿笑了起来，就像这墙角盛开的一朵白玫瑰。这是我的门，你没门。季仙儿忽然觉得心口一疼，仿佛被射中了一箭。 没钱是他最大的硬伤，可他忽然也笑了起来。这么说，某人当真想要在这近水楼台住下来了？是又怎样？不怎样。我说过要把徐小贤给你抢了。说着这话，季仙儿凑了过去，眉儿一飞，低声又道：“人家徐小贤可不认识某人，你那婚书，父亲大人可还没有送过去。”季玉儿，你不是自诩为才女吗？你不是很能赚银子吗？哼！少女别过头去，鼻孔朝天，双臂环抱在胸前，抖了抖。女人啊，相夫教子才是正事。 同样是奶孩子，我这饭碗总比你那大吧？孩子总能吃得更饱吧？那孩子是不是会养得更好？季仙儿骄傲地说完这话，看向了季玉儿。他以为季玉儿会如以往那般恼羞成怒，败下阵来，却没料到他看见的是一张平静的脸。那你不妨去试试。若是若是徐小贤当真是这样的人，我倒也认了，算是看错了他。不过他好像出门了，你可以出去了。我这真的有些忙。季仙儿撇了撇嘴，心里却悠悠一叹：完犊子了。 姐姐头铁，这九头牛怕是都拉不回来了。至于去抢徐小贤，这当然是个玩笑。不过他很想试试将徐小贤抢过来，令姐姐伤心，他就不会再嫁给徐小贤了。他或许不能寻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夫婿，但至少不会守寡的呀。至于自己抢过来又不订婚，到时候将徐小贤一脚踹掉，这个办法似乎很好。季希儿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有了这个馊主意。要想抢徐小贤，当然首先得接近徐小贤。哪里距离徐小贤最近？ 自然就是姐姐的这处院子了。不行，我也得住在这院子里。一来可以监视姐姐，她可千万别犯了错误；二来就让姐姐亲眼瞧瞧徐小贤那瑟瑟的模样。季心儿又想起了那次车祸，她坚信徐小贤看她的目光带着许多的色彩。哼，男人，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姐，季心儿抱住了季月儿的手臂。不就是砍树吗？我帮你砍树可以。那以后我也得住在这院子里。季月儿瞅了季心儿一眼，这院子这么大。 他本来就是要让父亲也搬过来一起住的，当然有季仙儿一份。行啊，那就快去干活。对了，那个红杏可别砍了。季仙儿当真挽起了袖子，拿着一把柴刀，噔噔噔就爬到了树上，忙活了起来。片刻之后，这树修干净了。季仙儿站在一根树枝上，又向隔壁望了望。徐小贤人呢？我哪里知道？下来收拾一下。哦。然后季玉儿就惊呆了。季仙儿跳了下来，却不是这处院子，她跳到了隔壁徐小贤的院子里。季玉儿顿时张大了嘴巴。 忽然觉得让妹妹住在这恐怕不是个好事。对于妹妹的想法，他当然清楚，心里在觉得温暖的同时，却很是担心这妹妹莫要给自己惹出些难以辩解的麻烦出来。比如现在，季玉儿有些忐忑，季仙儿却在徐小贤的府邸闲逛。他来到了闲云水榭，看向了石头桌子上的这张纸。咦，长相思，变水流。他居然又做了一首词。这家伙文采好像还真的很高。嗯，得带回去给姐姐瞧瞧。少女在这徐府悠闲地逛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厨房。 可惜厨房里冷冷清清，没有了那好吃的手撕鸡。停留片刻，少女发现没有什么值得再入手的东西，于是又轻飘飘翻墙而去。徐小贤带着俩仆人出了城，也没有去百花村，就在郊外采了一些艾草和浮萍，没有多做停留。这两个玩意儿得晒干，改天再去药铺。若是能买到别的药材，这蚊香就能做出来了。季月、季仙儿和周若兰三人在这凉亭里品那首《长相思》。周若兰是厚道的，作为季月的闺蜜。 周若兰对季月儿的这一选择有些意见，她觉得必须来给季月儿再慎重的提一提。女子嫁人可是一辈子最大的一件事，这季月儿眼见着距离那火坑越来越近，无论如何得想办法再拉她一把。徐小贤主仆三人这时来到了梁月巷子，咦，这里有匹大白马，季心儿丢在前院的那匹大白马不知何故跑到了这巷子里。徐小贤一看，顿时乐了，这是那赵丽颖不，那漂亮小妞的马，认识啊？他眼珠子咕噜噜一转。 不是要做牙刷吗？不是正在打着大白马的主意吗？瞧瞧这膘肥体壮的大白马，那马鬃毛长得是真漂亮。马鬃毛和猪鬃毛相比，更适合做牙刷。它比猪鬃毛软一点，在前世的古代就已经有了牙刷这个东西，只是因为马匹稀少，比猪鬃毛更贵，所以绝大多数的牙刷采用的是猪鬃毛。但这个世界似乎还没有牙刷，至少徐小贤在这梁邑县的西市街未曾见到。目前他知道的，这世界的人刷牙采用的都是如志蕊那样的法子。 小柳枝儿，或者是用布蘸了盐水，用手指头来抹，所以这东西理应也有市场。志蕊，去给少爷我取把剪刀来。来福，将这马给牵进咱们的院子里。志蕊一呆，少爷，难不成还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偷人家的马？这马可老贵了，一匹这样的马价值至少百两银子。少爷偷了人家的马，人家一报官，可是会被抓起来的。来福咽了一口唾沫，胆战心惊的说道：“少爷，偷狗可以，偷马真的不行。” 快点，快点！你们想啥呢？少爷，我就是捡点马毛。捡点马毛，这好像不犯法。只是少爷捡马毛来干啥？来福抓住了缰绳，那马嘶惊惊一叫，常威围着这个大家伙一阵狂吠。来福手里的马鞭，一家伙抽在了大白马的屁股上。你这畜生！进去，不然我宰了你！这大白马从小到大跟着那漂亮的女主人，莫要说用鞭子抽了，平日里就算是恐吓都少有。 可现在他吃了一记马鞭，又被一阵恐吓，他吓到了，他没有反抗，就这样被来福给牵到了徐府的前院里。徐小贤接过志蕊送来的剪刀，又搭了一张凳子，他站在了这大白马的脖子旁。好马呀！其实徐小贤根本不懂马，因为前世这玩意儿他就没见过活的。他只是觉得这家伙膘肥体壮，油光水滑，看着俊朗的模样，估计脚力不错，至少比自己的那匹老马有卖相多了。他抓起一把鬃毛，咔嚓一剪刀就落了下去。 志蕊取来了一个簸箕，徐小贤快乐的入着马毛。隔壁的纪星儿浑然不知，他这漂亮的大白马差点被徐小贤给入秃了。少爷，是不是够了？再再剪下去，它它就没毛了。这玩意儿难得，徐小贤下手就狠了一些。片刻，徐小贤住了手，因为没地方剪了。这大白马变得光生了许多。嗯，天气渐热，你这样估计会更凉爽一些。徐小贤跳下凳子，摸了摸马腹，好马呀！以后咱们有了银子。 少爷，我也得去养一匹。志蕊翻了个白眼，你又不会骑马，学呗。徐小贤不觉得学骑马比考驾照还难，他拍了拍手上的残毛，行了，来福将这家伙放出去。志蕊将这些马毛收起来，这些艾草和浮萍晒干。对了，该磨豆腐了。隔壁三个少女还在品这首词，季月的眼睛亮晶晶，汴水流，似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他这是在抒发心里的思潮，他那思念之潮就像这汴水和泗水一样绵延奔流，直到瓜州的古渡头。就连那吴山，这吴山想来是泛指，泛指江南群山。就连这群山都在愁，那是怎样的一种愁？思念也好，怨恨也罢，却没有一个尽头，除非那思念的人儿归来，方可罢休。皓月当空，倚楼独忧愁。哎，明月人倚楼，那是何等样的孤独？妓院抬起头来望着湛蓝的天，徐徐闭上了眼睛。所以若兰。 你莫要劝我，我我对不起他。季仙儿听得一脸懵逼，他睁大了眼睛看着季儿的脸上留下的两行清泪，倒吸了一口凉气。不该把这首词给姐姐看呀！他他这又被徐小贤那家伙弄哭了。可少女的心里也很是感动，她觉得那徐小贤也是可怜，这一辈子好不容易中了个界缘，却落了个榜上无名；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婚约，却又被父亲给收了回去。听姐姐这么一说，她好像真的很有才情，终究这命运又捉弄了她。 偏偏让他得了个疯病，偏偏让他失去了所爱的人，难怪他会那么的愁，难怪姐姐不顾一切的买下了这宅子，却又常常一叹无语泪双流。周若兰比季仙儿好一点，她听了季院儿的这番解读之后，明白了。她做了三首诗词了，这么说，她当真是这梁义县的大才子。月儿，要不这样，周若兰似乎也放弃了劝说季月儿。她眼珠子一转，俯过身子，这不就快到端午了吗？竹林书院端午文会，托张桓公老大人请他来。 让他当场做出一首诗词，让他名扬咱们这梁邑县。我听大表哥说，这一届端午文会，张桓公要举荐文会之魁首。如此一来，他就不用参加科考，就能有个官职。他当了官，极大可能离开这梁邑县。他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可就没人知道他有疯病这事儿了。平日里多吃吃药，只要稳定不受刺激，估计也不会发作。如何？季玉儿梨花带雨，凄然一笑。你们怎懂得许郎之心思？他饱受打击，而今早已看破了这红尘。 所求不过是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罢了。这显然是个极好的主意，就连纪仙儿都认为不错。可季玉儿却摇了摇头，他无意为官。其实就凭他前面的两首诗词，恩师就准备举荐他的，可他拒绝了。周若兰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当今大臣科考才刚刚兴起，大臣的官员依然以举荐为主，因为科考需要层层选拔，仿若过那独木桥，实在太难出头。但举荐不一样，举荐上去之后，受皇帝钦点，直接就可以面圣。 若是殿前答对合了圣上的胃口，这官儿就看圣上怎么去封了。再不济也是一县之县令，就像季县令一样。若是再有几分气运，还可能一步登天，直接被圣上册封为一州之知府，就像当今又像江上游一样。那可是大臣学子们心中的偶像。大臣二年，年仅二十二的江上游受北都后罗焕溪之举荐，被大臣皇帝圣恩册封为山南道瀛州知府。又三年被陛下召回长安，任户部侍郎。又三年官居户部尚书。又三年官拜右相。 三十一岁，官居二品，这显然是官运亨通，三步登天。所以，这位江上游江丞相又被称为江三步。这举荐就是第一步，所以举荐的名额无比珍贵。整个大臣拥有举荐资格的人也不过区区三十，他们可都是这大臣皇朝的开国功臣，或者朝中大员，也或者大臣之大儒。无论哪一种，都是天下学子们仰望都难及顶的大人物。可许小贤居然拒绝了，他是不是傻？周若兰震惊的瞪大了眼睛。 觉得那徐小贤当真是个傻子，如此珍贵的机会，他居然不懂得珍惜。天下文人写下诗词文章无数，拼了命的去投递给那些大人物们，那可是做梦都想着自己的诗文能够入了这些大人物的法眼，能有个举荐的机会。可许小贤他，他居然拒绝了。我曾经也这样认为，但现在却不觉得了。季玉儿取了一方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泪痕，露出了一抹幸福的微笑，看得周若兰心肝一颤。文青少女自己尚未意识到，她已经踏入了徐小贤的这个天坑。 还正在向下滑落，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何？周若兰极为不解。不为何，就觉得现在这样挺好。季星儿翻了个白眼，你挺着也不太好。诗词文章她不太懂得，但她从姐姐的这番话中已然明白了姐姐一往无前的决心。姐姐是对的吗？火红少女不知道，她现在倒是明白了。那徐小贤极有才华，若是他真去了竹林书院的端午文会，他恐怕真能成为这梁意县的第一才子。可那又如何？ 他终究有病，难说哪一天就死了。生命的长度戛然而止，何来生命的宽度？姐姐啊！火红少女深吸了一口气，极为认真的看向了姐姐：“你可莫要为了一时的冲动而悔恨一辈子。”周若兰连忙点了点头。文章是能够当饭吃，但徐小贤这碗饭能吃多久？月儿啊，他那碗可是随时会破的。要不咱们不急，再看看。对了，那日在定方楼，他那婢女倒是给了我一张华神医给他开的方子。若你坚持，我便回去取些药送给他。 那样，即便治不好他这病情，想来也能得到控制。啥时候华神医再有来良邑县，咱们再请华神医给他瞧瞧。季玉儿无法拒绝妹妹和闺蜜的好意，便点了点头，望向了墙边的那束红杏。那就有劳你了。他那要需要多少银子，记在我账上。能治好他就是天大的事，谈什么银子？对了，伯母这次去长安有些日子了，何时会回来？伯母指的是季玉儿他娘简秋香，估摸得到七月。 文青少女趴在了桌子上，双手撑着下巴，怔怔的望着那堵墙，思绪儿似乎没有在娘亲的身上。她忽然咬了咬嘴唇，水灵灵的眼睛狡黠的眨了眨。墙的那边有声音传来：“来福，杀一只鸡，今儿少爷给你们做一道绍兴醉鸡。”志蕊，把这些艾草浮萍摊平了晒好，你来推磨。待会少爷我来点豆腐。季月儿回头，他回来了。季心儿的思维显然没有在徐小贤回来这个问题上，他的眼睛也陡然一亮。绍兴醉鸡。 这道菜好像淡水楼都还没有呢，别去干那事。现在咱们是邻居了，你可莫要再去给我惹来麻烦。周若兰不知道季心儿惹了什么麻烦，她也望了望那堵墙，笑道：“这眼见着就快中午了，要不咱们也去淡水楼吃个饭？”不去，得快些将这院子收拾好。季雨儿站了起来，又开始指挥着家丁下人们忙碌着。周若兰悠悠一叹，看了看这位头铁的闺蜜，知道自己说的那么多话全然无用，她已经坚定地爱上了徐小贤。 并且在这条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小径上狂奔，再也无法回头。恐怕就连他娘也难以将他劝说上岸。周若兰起身告别走了，寻思将那方子的药取了，明儿再给季月儿送过来。这大致是她能为这头铁的闺蜜做的唯一一件事了。季心儿也瞧了瞧那堵墙，咽了一口唾沫，听见了隔壁的狗叫声，终究压抑住了翻墙而过的念头。姐，那我也回去了。嗯，下午要不要来？有啥事？有来就去找一下谢木匠。 请他来这里看看，得打一些家具。季馨儿撇了撇嘴：“好吧，你可答应过我的，必须得有我一个房间。”季月儿俏皮一笑：“那你以后还和我比大小不？”“哼，不比还不是比你大？”季月儿瞪了季馨儿一眼：“滚！”季馨儿仰着脖子，就像一只骄傲的火鸡一般，走出了这主院，来到了前院。季月儿刚好坐下，正想再仔细的看看这首《长相思·变水流》，却突然听见了前院传来季馨儿的一声惊呼：“啊，谁？是谁薅了我的马毛？我要杀了他！” 妓院儿一怔，也起身来到了前院，看见的是一匹光溜溜的大白马。光溜溜的大白马也正一脸委屈地看着季星儿。隔壁正在点豆腐的徐小贤手一抖，望了望这堵墙。在凉月巷子忙活了一天的妓院儿回到了家里，洗了一个香喷喷的澡，穿上了一袭白色的睡衣，搓着那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坐在了书桌前。书桌上摆着的是那一首《长相思》，这是一笔多么畅意的字啊！这是一首多么有意境、有深意、有文韵的词啊！ 这短短月余时间，从那首《三月三》开始，他就做出了三首绝妙的诗词。季月儿微蹙了一下眉头，这以前的十余年时间里，他怎么就没有做一首诗词呢？文青少女又开始脑补起来，她曾经在竹林书院苦读四书五经，求的是功名利禄。而今她放下了这一切，心情坦然，也或许心情郁结，便有了这三首诗词。先生说前两首都极有可能能入文风阁，那么这一首呢？ 这手掌相思，寥寥三十六个字，便道尽了天下仇怨和哀思，发乎于心，跃然于情，终究止于孤寂。这是他内心真情的写照。是父亲的退婚，导致了他肝肠寸断，才有了这样的怨念。少女抬头望着窗外的新月，表情肃穆。朱唇轻启：“许郎，我对不起你，我知你心，愿往后余生长相依。”季仙儿恰好走了进来，她唯一的那匹大白马不知道被哪个天杀的给薅秃了，心情很不美丽。郁结的少女瞅了季玉儿一眼，撇了撇嘴：“啧啧啧，许郎。” 还想长相依，害不害臊？他能活多久？叫你吃饭了。很明显，季心儿来的不是时候，他打断了文青少女的无限感怀，破坏了文青少女刚刚营造出来的美妙气氛。季玉儿恶狠狠地瞪了季心儿一眼，吃吃吃，就知道吃，能不能有点内涵？季心儿嘻嘻一笑，挺了挺胸脯，内涵，内涵能有这东西管用？肤浅。出去，我换身衣服就去。季心儿仰着脖子，骄傲的走了。季玉儿深吸了一口气，垂头看了看胸脯，悠悠一叹。 老天爷，你不公平！他脱去了睡衣，摸了摸光洁的肌肤。这人生啊，终究会有些许遗憾，就像这身体一般。他换上了一身白裙，想了片刻，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了那份婚书，得给父亲，让父亲无论如何也得再送到徐小贤的手里。少女的信念无比坚定，她不是肤浅的人，她有如此才华，喜好怎可能是这东西的大小？季星儿那家伙就喜欢舞刀弄枪，唯有我才能够和许郎灵魂共通和，琴瑟和鸣。季玉儿挺直了腰。 面色坚毅，也骄傲的走了出去。季府饭堂，季中堂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快意的畅饮了一口，咂巴了一下嘴，捋了捋那两撇山羊胡须，看向了季星儿。星儿，嗯，为父记得你曾经说、哦、喜欢这银甲披大氅、手握长刀、百战百胜的大将军。季星儿眼睛一亮，放下了碗筷。是啊，莫非爹爹有这样的人选？啊，这倒不是。为父这些日子寻思，婆知这小子是个文人，莫要说着银甲披大氅、百战百胜。 他恐怕连刀都拿不起，所以纪中谈又端起了酒杯，看着一脸懵逼的纪仙儿，酝酿了片刻，说道：“所以为父觉得他还是和你姐姐更合适一些。你呢？当断则断，不断反受其害啊！”纪玉儿顿时看向了纪仙儿，眼里满是疑惑。这纪仙儿，他口口声声说要抢了徐小贤，听爹这席话，莫非莫非他还真对徐小贤动了心思？纪仙儿就郁闷了：“爹，你说啥呢？我怎么可能看上那傻子？还是个脑子有问题的病人。” 说着这话，纪心儿瞥了纪月儿一眼，又道：“也只有姐这样的痴女才会被他给迷惑了。书读的多，看来也读的有些傻了。”纪月儿不乐意了，她也放下了碗筷，说：“谁呢？谁读书读傻了？人家徐小贤三首诗词，无一不是绝品，这叫才华八斗那么高。你不学无术，侮辱斯文，知道什么？好了好了，都别吵。”纪中谈双手虚按，姐妹二人互瞪了一眼，视线交错间，仿佛有刀光剑影。心儿啊，爹今儿说这些是为了你好。 柏知有病，这是事实。你姐姐既然在她隔壁买下了那宅子，玉儿，你真的想好了吗？你先别忙着回答。他又看向了季仙儿：“你姐中我喜读诗书，你呢中你娘喜弄刀剑，这没有错。自幼爹也没有干涉你们的喜好。但现在你们大了，到了寻找自己夫婿的时候了。那许繁之虽然有病，但文采确实了得。你姐既然有这心，爹依旧不会干涉。爹就你们这两个女儿，曾经想的是留一个昭婿，现在爹也没有这个想法了。” 但是，纪中谈心里一直记挂着徐小贤兜里的那个绣着一个心字的绿色荷包，这简直是他心里的一道魔障。大女儿入了徐小贤那火坑，这二女儿难不成偷偷摸,摸摸的已经在了徐小贤那火坑的底下了？所以这事儿他必须得弄明白，必须得及时掐断纪星儿的念头，将他从那火坑中给拽出来。纪中谈看向纪星儿的视线颇为沉重，语气也极为沉重：“你给徐小贤的那荷包是怎么回事？”纪玉儿陡然一惊，难以置信的看向了纪星儿。 他说要抢了徐小贤，难不成他已经有了实质的行动？也是第一次砸了人家可以说是误会，那第二次呢？定方楼那么宽敞，他偏偏就差点砸到人家徐小贤的头上，有那么巧的事吗？他肯定是故意的。季玉儿咬牙切齿，好你个心机如此之深的狐狸精，爹，季仙儿这就很冤枉了。那荷包不是你想？季中潭打断了季仙儿的话，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你们姐妹以后都能幸福，荷包的事就不要再提。你记住，他是你姐夫。 你对他不可有任何非分之想。季仙儿咽了一口唾沫，姐夫，他们八字都还没一撇呢。季中堂心里咯噔一下，完犊子了！这小女儿这话的意思是不会放手。季玉儿心里也顿时一紧，忽然瞧了瞧季仙儿胸前的骄傲，忽然有些不自信起来。她连忙从袖带中取出了那婚书，递给了父亲。爹，这婚书还得请爹送给徐小贤。嗯，明儿爹就送去。仙儿，他非你良配。季仙儿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他和我有什么关系？ 季儿淡淡说道：“关系还是有的，他是你姐夫。”老百姓的记忆果然是有限的，这才二十来天过去，梁义成几乎再没有谈论徐小贤通灵这事了。不过，徐小贤依然极少抛头露面，偶有出门也是乘着那辆老马破车。更多的时候，他是待在这宅子里，安静的做个宅男。不是他有社交封闭症，而是他的思想依然难以融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但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都在改变，都在不停的暗示着自己。 曾经那个文明的社会真的再也回不去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徐小贤不能让自己的脑子太过于空闲，因为空闲下来之后，总是会想起新婚不久的妻子秦若曦。想起秦若曦，就会想起隔壁的老王，这种感觉很不好。这都四五个月了，若曦，你也该去寻找你余生的幸福了。徐小贤走出了房间，抬眼一看，朝阳又升起来了。说好的晨跑呢？难道这就是典型的拖延症？好吧，这身子骨真的需要锻炼了。 他伸了个懒腰，来到了闲云水榭。咦，我昨天写的那首词呢？怎么又不见了？石头桌子上依旧放着笔墨纸砚，还有那方理应名贵的镇纸，却偏偏少了那首词。这是被风吹跑了，还是遭了贼？这贼，难不成还是个文贼？徐小贤四处张望了一下，觉得有些不太安全，看来得请一两个护院家丁了。他又磨琢磨，想了想，落笔在纸上：“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歌笔，这是一首飘若浮云、崩浪雷奔的草书。徐小贤咧嘴一笑，还行。于是他又提笔在这首《明日歌》的后面补了一行字，立铁为证。明日时，卯时起，晨跑五里。徐小贤是用镇纸压住了这张纸。徐小贤坐了下来，寻思着去看望张桓公，总得带点什么。若是前世，自然是带些烟酒茶、营养品什么的。可这地方能带点什么呢？思来想去，没有答案。 那便等两天，那蚊香和牙刷做好了，给他送些过去。大如也要刷牙，也怕蚊子不是？志伟提起的八月科考这事儿得提上日程，功名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不是为了当官，当官就走张桓公的举荐之路了。有个举人身份，以后就算是出行也会方便许多，更不用说见了官老爷不需要下跪了。所以这脑子里哪怕是那些四书五经依旧熟悉，也得再翻翻书看看。解元就别去想了，能够上榜就完事，所以压力倒不是太大。 对了，这一晃眼二十来天过去了，那周阎王屁股上的伤恐怕已经痊愈。这些日子风平浪静，莫非他就这样将打落的牙吞进了肚子里？这事儿可得小心着点，万一人家来阴的，得去寻个武器店看看有没有公脉。来福有一把子力气，让他压得练练刀剑。徐小贤在闲云水榭做着短期计划，志蕊像一只蝴蝶一样的飞了过来。少爷，志蕊局促不安，我我好像没做好，他没凝结成豆腐，吸了。徐小贤一瞧，乐了。 我告诉你啊，豆腐这个东西，做实了就是豆腐，做稀了就是豆花，再不行就是豆浆，放臭了就是臭豆腐。总之，这东西随便怎么捣鼓都行。来来来，这东西正好熬成豆花。梁义县有豆腐，也有豆花，还有豆浆，并不新鲜，只是没有他说的臭豆腐。志蕊这些日子似乎已经习惯了少爷的作为，他居然没有好奇的问问这曾经的书呆子少爷怎么会做豆腐的。现在他还要煮豆花。志蕊想的是，少爷做的豆花会是怎样的味道呢？ 这月余以来，几乎都是少爷做菜，少爷的手艺无疑是绝好的。少女曾经疑惑，曾经怀疑自我，但现在，现在她似乎已经麻木，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这些日子发生了太多的事，比如收拾张管家，比如审尸破案，比如写诗，比如卖那菜品方子给陶掌管，也比如昨儿少爷点的那豆腐。一切的一切都无法在曾经的少爷身上体现出丝毫。志蕊只能认为是少爷得了那病之后脑子开了窍，也或者是少爷真的得到了神灵的庇佑，不然怎么想？ 想不明白就不如不想。少爷说那不过是图添烦恼罢了。少女是快乐的蝴蝶，少爷不发病，少爷能做好吃的，这就够了。主仆二人来到了厨房。少爷，志伟烧着火，抬眼看了看徐小贤：“你不是说今儿个请陶掌管来府上吗？今儿没空，改天吧。”少爷，书还是要读的，不是我多嘴，也不是我想要你当官。毕竟那么辛苦的读了那么多年。志伟往灶里塞了一把柴火，又道：“就像种庄稼一样，辛辛苦苦开垦出了田地。” 辛辛苦苦施肥播种了下去，眼见着就要收获了，却不要了，反正我觉得挺可惜的。徐小贤看了看志蕊，这丫头可以啊，还会举例说明了。他咧嘴一笑：“秋葵不是八月份吗？还早，到时候去看看。”这还早，就剩下四个月了。志蕊撇了撇嘴，没有再劝，心想罢了，少爷平平安安不犯病，这其实已经是天大的鸿福了。豆花，你吃甜的还是咸的？志蕊一怔，这梁义成张豆花家卖的豆花不都是咸的吗？还能吃甜的？ 他还没有回答，便听徐小贤又说了一句：“嗯，还是吃咸的。”志蕊不明所以，徐小贤没有解释。这世界没有白糖，只有蜜糖和饴糖，饴糖也就是麦芽糖，这两个玩意儿都是奢侈品。而今的大臣极度缺粮，寻常人家哪里有多的粮食来熬糖？自己家里也没有。至于养蜂，对这个世界的养蜂技术还不了解，这个可以研究一下。麦芽糖这个东西要做，其实很简单，成本并不高。徐小贤决定空了之后弄点出来给这丫头解解馋。 再顺便卖卖。三碗热腾腾的豆花，志蕊一瞧，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雪白的豆花上是一勺子精肉臊子，细碎的一小撮香葱撒在上面，那香味儿便在这晨风中飘散开来。可许小贤还是有些遗憾，没有油泼辣子的豆花是没有灵魂的。主仆三人幸福的享用着这美味的豆花。隔壁的季仙儿使劲的抽了抽鼻子：“姐，你闻到了没有？好香。”季玉儿默默的咽了一口唾沫，看了看隔壁的那堵墙，说：“那荷包是怎么回事？” 闻着隔壁传来的诱人香味儿，季玉儿终究忍不住，还是问了出来。季仙儿脖子一扬，瞥了季玉儿一眼，我就偏不告诉你。哼，不告诉我是吧？这院子可就没有你的房间了。哼，你当我稀罕？到时候我直接住在徐小贤的府上。我先嫁入徐府，你想进门还得我点头同意才行。季仙儿恼羞成怒了，季仙儿骄傲的抬步就走了出去，撂下了一句话来：你虽然是我姐姐，可我就是比你大。你。 季玉儿恶狠狠瞪了一眼季心儿的背影，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坐在了凉亭里，双手撑着下巴，忽然觉得了无生趣。徐小贤自始至终不知道自己就是他曾经的未婚妻季玉儿。徐小贤认识的是季心儿，只是从那天在三位书屋的情况看起来，他对季心儿明显是排斥的。他怎么可能接受了季心儿送鱼的荷包？女子的荷包是不可以随意送给男子的。虽然他没有绣球那样正式，却也代表着女子的心意。季心儿，他难不成是见了徐小贤之后改变了口味？ 这没有道理啊！就算他改变了口味，他又是怎样让徐小贤回心转意了的呢？站在一旁的子儿忽然说了一句：“小姐，你可记得二小姐第一次砸了许公子，将所有的银子都赔给了许公子？奴婢想，当时二小姐恐怕在情急之下，将那荷包一并塞给了许公子，这才有了这样的误会。”季玉儿恍然大悟，她直起了腰，眼里星光灿烂：“对对对，一定是这样！”哼，季仙儿想恶心我，明儿爹爹将婚书送给了许郎，我倒要恶心一下他。子儿抿了抿嘴。 终究没有说徐小贤的不是。纪中谈也在县衙的官署里煮着一壶茶，陪他喝茶的是刚来的刑名师爷杜正淳。东家刚刚得到凉州通判连大人的文书，说要提张秀，就是繁枝府上的那管家去凉州。这事儿您看。纪中谈一怔，张秀他已经审过，是长安中书舍人徐瑞徐大人曾经的家奴。按说张秀在这偏远的梁邑县被抓，这消息他不应该知道。周巡查周阳，一定是他。这张秀要说罪过，远不至于惊动凉州通判。 可怜大人却下了这文书，这背后一定就是周阳或者是凉州刺吏曹不动的指示。徐小贤砍了周延望一刀，在官面上有张桓公压着，但这背地里提审张秀只是一个借口，或许他们会有更多的手段。若是正式文书，我们就没有留人的理由。这样，我儿季玉儿不是在凉月巷子新买了一处宅子吗？就在婆之隔壁。明儿个派刘能去那里看着一点，保护好婆之。今儿个一大早，徐小贤起了床，说好的跑步锻炼身体。 他看了看自己这细胳膊细腿，觉得这事儿得提上日程了。毕竟这梁邑县说起来依旧是大陈皇朝的北部边境，万一北地那边的魏国真打过来了，无论如何也得跑得更快一些，不是？想着这跑步就不带着志蕊和来福了，于是他取了那根电击棍插在了腰间。那只鹅黄的蝴蝶正好开了门出来，还是睡眼惺忪的模样。少女伸了个懒腰，便看见了徐小贤走来。志蕊瞪大了眼睛，正月初一之前，少爷真的是三更睡五更起，在十年如一日的在苦读。 可自从正月初一之后，少爷几乎都是睡到大天白日才会起床。今儿个他又是怎么了？志蕊望了望微清的天光，少爷，你这是要做啥？少爷，我去锻炼一下身体。昨儿教你弄那豆花、豆浆，啥的学会了吧？待会就煮豆花，记住一定要撒上一撮香葱。志蕊愕然的张了张小嘴儿。少爷几时回来？半个时辰。哦。志蕊看着徐小贤出了那月亮门，心里依旧有些怪异。不过少爷弄的那豆花真的很好吃。 来福那家伙吃了足足四大碗，嗯，自己好像也吃了两碗。志伟收回了念头，少爷说要去锻炼，这是一件好事，那我就去熬豆花去，再给少爷配一个煮鸡蛋，应该就是少爷说的营养早餐了。徐小贤出了门，从凉月巷子出来就是长长的过桥巷，他拐入了过桥巷子，一路小跑，跨过了三道桥，来到了淡水巷子，真特么的累。徐小贤张着嘴喘着气，原本就不快的脚步变得更慢，其实和散步差不多。 淡水河沿着淡水巷子在缓缓地流淌，他徜徉在这淡水河边，看着河边的青翠柳树，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清新的空气，觉得这古代的空气是真的好。他站在了淡水河边，望了望这潺潺流水，看了看天色，天光已经大亮，该回去了。他转过身来，继续小跑，身后忽然传来了疾驰的马蹄声，他连忙让到了一侧，一匹没有毛的大白马拖着一个身穿一袭红衣的女子，如风一般掠过。灰，一阵马嘶声传来。 继星儿停下了大白马，调转了马头，向徐小贤冲了过来。他觉得那人的背影颇为熟悉，不太确定，就想瞧瞧。那大白马呼哧一家伙停在了徐小贤的面前。徐小贤还以为事情败露，吓了一跳。他摸了摸腰间的电击棍，心里踏实了几分，抬头仰望着赵丽颖，不，仰望着那小妖精。好狗不挡路。继星儿原本就是瞧瞧，本来还觉得这徐小贤在跑步很是奇怪，却没料到徐小贤一句话如剑一般扎在了他的胸口。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哼！撂下这句话，少女原本美丽的心情顿时不美丽了。她骑在马上，俯视着徐小贤，手里的马鞭一指，说：“是不是你薅了我的马毛？”徐小贤咧嘴一笑：“小妞，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不然我告你诽谤。”哼，迟早会被本姑娘查到，到时候……哼哼！季心儿咬牙切齿的瞪着徐小贤，到时候看本姑娘怎么收拾你。对了，那荷包还我。徐小贤不想搭理这也蛮小妖精。 又放开步子跑了起来，丢给了纪仙儿两个字：“扔了。”回到府上洗了个澡，徐小贤顿时觉得浑身都轻盈了不少。坐在了前院的院子里，舒舒服服的吃了一碗志蕊做的豆花，听着隔壁捣鼓什么传来的声音，留下生无可恋的常威。主仆三人上了老马破车，出了门。徐小贤需要去药铺买几味药材来做蚊香。周氏药堂，周若兰来到了药堂里。她昨儿从徐小贤的隔壁回来，她去看过了纪院儿新买的那宅子，本想着劝劝纪院。儿。 却没有料到，季玉儿看了徐小贤做的那首《长相思》之后，反而陷得更深。他明白了季玉儿飞蛾扑火的毅然决心。这书读得多的人，脑子通常都有些铁。季玉儿看来是九头牛也拉不回头了。好吧，既然是自己的闺蜜，总得帮她做点什么。就这样，周若兰才想起了那天在定方楼里那丫头给她的方子。这是那日的承诺，也是周若兰想要为季玉儿做的一件事。徐小贤能不能治好，这关系到季玉儿一辈子的幸福。 若是治不好，尽人事听天命吧。终究是那个脑子打铁的女人自己的选择。大小姐好，药堂坐堂郎中陈欢拱手一礼。陈郎中叫伙计按照这个方子抓五副，不，先抓十副药，记在我的账上。好。陈欢不疑有他，接过方子一看，顿时一惊：大小姐，这药这药有点贵啊！多少银子一副？周若兰不懂医学，她还以为就是个寻常方子，好奇的问了一嘴：这至少得一两银子。 什么？周若兰倒吸了一口凉气，瞪大了眼睛。这个精神病的方子这么贵的吗？主要是里面用到了灵芝六克、人参八克，这两样就很贵了。小姐，这确实是安神的方子，这方子很好。何人所开？华神医。陈欢大吃一惊，顿时将这方子奉为了圣旨一样。原来是华神医的手笔，难怪，难怪这方子是开给何人的。周若兰白了一下眼睛，一脸幽怨，还能是谁？徐小贤妹，抓药抓药，待会本小姐还得送去。 陈欢一怔，徐小贤，难不成华神医的这方子能治徐小贤的疯病？得好生研究研究呀。华神医的方子流落在民间的可不多，凭这张方子，十两银子不亏还大赚了。只是大小姐怎么会和徐小贤扯上了关系呢？陈欢颇为惊奇的看了一眼大小姐，心想：那徐小贤审视破案倒是出了名，可季县令却退了婚。大小姐和季县令的长女季玉儿关系不错，难道大小姐反而看中了徐小贤？这这不太好呀。 因为疯病这个东西，安神是可以缓解，但若是说根治，估计华神医也做不到。这事儿得给老爷说说，大小姐正是懵懂年龄，可别误了终身。陈欢拿着方子去交给了伙计，周若兰靠着这柜台，倒没有心疼这十两银子。她在纳闷妓院儿这么好的姑娘，她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大表哥哪里不好了？要说长相也算可以，就是文采确实差了点。可人家家里钱多呀，当个富贵少奶奶哪里不好？ 为啥非得去和那疯子过一辈子穷酸日子？关键是这日子能过得安生吗？徐小贤万一犯病，万一一家伙翘了，哎，周若兰一声叹息，抬眼就看见了门前停下了一辆老马破车。徐小贤带着志蕊走了下来，他径直走入了这药堂，看了看周若兰，面熟，拿笔墨纸砚来，我开个方子，帮我抓点药。周若兰看着徐小贤，再听到这句话就惊呆了。志蕊看到周若兰脸就笑开了花。 徐小贤看着惊呆了的周若兰，就有点纳闷了。大家在定方楼吵了一架，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难不成还记仇？我说我要笔墨纸砚开个方子，你家只卖药，没有文房四宝的吗？周若兰就更加惊诧了，因为徐小贤确实说的是他要开的方子。这药方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开的吗？那学医还有什么用？那考行医执照那么难，还有什么用？关键是你徐小贤本就是个病人。对了，他得的正好是精神异常之症，此刻他那病恐怕是正好发作了。 这太可怕了，季玉儿，你以后怎么办呀？徐小贤就纳闷了，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看着周若兰盯着自己那呆滞的目光，本少爷的脸上难不成有朵花？啊！周若兰醒过神来，狠狠地瞪了徐小贤一眼：“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趣？人家季县令分明已经取回了婚书，你为啥还要去招惹季玉儿？这里有镜子，你自个去照照。你这皮囊生的不错，可你得明白自己的问题。你脑子有病，就莫要去祸害人家季玉儿。”徐小贤一脸懵逼。 本少爷来抓几味药，怎么就祸害了妓院？再说，就凭季中谈、季县令那模样，他那女儿莫要来祸害自己还差不多。怎么说话的？会不会说话？徐小贤当然不能吃了这莫须有的亏，开门不想做生意了。他的视线停留在了周若兰的胸前，胸大无脑果然没错。你那脑子若是有老鼠的脑子那么大，也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周若兰一愣，脸一红：“你，你什么你？就凭妓院那模样，她配得上少爷我吗？” 少爷，我风流倜傥，英俊潇洒，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堂堂大臣，玉面小郎君。我说小妞，你这双眼睛倒是清亮，是不是睁眼瞎？啊？女人不一定要胸大，但一定得要有脑子。算了，说了你也听不懂。我要笔墨纸砚。周若兰被徐小贤噼里啪,里啪啦一阵对，她和纪星儿当初没有两样，脑瓜子顿时嗡嗡的。她咬着嘴唇，狠狠地跺了跺脚。徐小贤，你你这登徒子，月儿是瞎了眼。他有没有瞎眼我不知道，但你确实瞎了眼。 这开门做生意有这样得罪上帝，不有这样得罪客人的吗？小丫头还不去给本少爷拿笔墨纸砚来！这里的吵闹顿时惊动了药堂的所有人。周氏药堂掌管周玉连忙走了过来，他也闹不清是个啥情况。一个是家里的大小姐，一个是是玉面小郎君。咦，倒是郎才女貌。对了，刚才大小姐叫这少年徐小贤。周玉意味深长地看了二人一眼。刚才那小二可不正是帮小姐抓药，说这要是小姐要给徐小贤治那疯病的吗？ 难道是一对小情侣？这怎么行？小情侣吵吵闹闹很正常，何况徐小贤本有脑疾，那两边就都不能得罪。于是周玉打了个哈哈：“许公子开门做生意，这肯定没错。我家大小姐的脾气……嗯，其实大小姐平日里都很是温柔，许公子莫要往心里去。”说完这话，他转头对一小二吼了一嗓子：“没眼力见的东西，还不快给许公子取笔墨纸砚来！”他又回过头看着徐小贤，脸上堆满了笑意：“那个，许公子，我家小姐为您抓药，马上就好。” 您先写点啥，打发一下时间。小老这就去将药给许公子送来。徐小贤一听，愣了三息，明白过来了。他一把抓住了周玉的衣袖，嘿嘿一笑，却吓了周玉一大跳。你是这的掌柜？周玉扯了扯衣袖，没扯动。正是。你看这样好不好？给我的药呢，折算成银子，待会我开个方子，你瞧瞧，一副药需要多少银子，从折算的银子里面扣，如何？这周玉又扯了扯衣袖，徐小贤抓得很紧，他还是没有扯出来。 周玉极为担忧地看了看徐小贤，这次的毛病恐怕有点严重。大小姐这样的选择，家主会同意吗？他又看向了周若兰，这是周若兰要给徐小贤抓的药，当然得看周若兰的意思。周若兰胸口起伏，她盯着徐小贤，心想：这人都自暴自弃，放弃了治疗，那便成全了他，不医治最好。万一治好了，万一他真和季玉儿成了亲，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好，周若兰一拂衣袖，转身就向门外走去，还掷地有声地丢下了一句话。 你去死吧！徐小贤盯着那背影，也吐出了一句话：“我就算死，也不要你陪葬。”徐小贤，我告诉你，周若兰在门口转身，指着徐小贤，恶狠狠的说道：“你别妄想娶了妓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就是傻子疯子，自己有几斤几两，自己好生去称称。”我也告诉你，我这只天鹅的肉有一百二十斤，你要不要来吃一口？你无耻，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懒得和你废话。哼！ 周若兰气得晕乎乎的上了马车，又咬牙切齿的瞪了徐小贤一眼，对车夫说道：“走去凉月巷子。”药堂安静了，这时候来抓药的不多，却也有那么几个。这些人和药堂里的郎中伙计，甚至是周掌管，都目瞪口呆的看着徐小贤。这个神经病的战斗力很强大，他居然对跑了周家大小姐。对了，他是来干啥的？徐小贤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落在了纸上：桑白皮十克，松香粉五百克，黄芩十克，烟叶粉五百克。 川贝母六克，硫磺五十克，雄黄五十克，砒霜。砒霜就算了，可别蚊子没熏死，把自己给熏死了。这张方子列了足足十余味药，但事实上用来做蚊香的仅仅是其中的四种。两世为人的徐小贤当然不能让蚊香的配方泄露了，他还指望着这东西赚点银子呢。他很快写好了这张方子，这才抬头看向了众人，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大家好，我是徐小贤，人称玉面小郎君。切，这个神经病！ 所有人收回了视线，愈发笃定这徐小贤脑子有问题。若是他还有那通灵之法，这些人可能还会怕他。可他没有了啊，凡人一个，还有病，何必和他一般见识？徐小贤乐呵呵的将这方子递给了周掌柜，帮忙看看这里面的药可齐全。周掌柜的接过来仔细一瞧，脸上的神色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他本就是老中医，此刻正在仔细的琢磨这道方子。这越琢磨，他这心里就越是惊讶。他抬眼看向了徐小贤，这川贝母没有？ 贝母倒是有，许公子，这方子你从何得来？哦，忘记了，我是华神医的弟子。志蕊捏紧了衣摆，周掌柜愕然一惊，抬头看向了许小贤：“你特么吹牛都不带稿子的，这是什么鬼方子？按照这个方子煎药，那是会活生生吃死人的！许公子，这方子不对，我没说这方子对，你将里面的药分开包装，我自会配搭。”周掌柜又愣了片刻，看了看这方子：桑白皮、黄芩。 贝母这些玩意儿倒是只可常用药，加入松香粉和烟叶粉，还有硫磺，这是什么讲究？周掌柜想破了脑袋，就差点把千金药方给背一遍了，结果依旧不明所以。他狐疑的又看了看徐小贤，徐小贤没有吱声，他只好又算了算，这十二味药按照这个药量，共计五百文钱。行，一并在那十两银子里扣除五百文钱。徐小贤打起了小算盘，回去之后捣鼓一下，看看能够做出多少蚊香来，算算成本几何，再试试看这玩意儿有没有销路。 可别看这玩意儿简单，如果驱蚊的效果好，这个东西的市场估摸着还是有的。这古人家家户户都是小楼小院，都喜欢种花种草，正是蚊子这个东西最喜欢的环境。蚊子猖獗，这就是需求。蚊香能够极好的驱蚊，这就是产品的针对性。有了市场需求，有了标向产品，如果价钱再合适，它一定会畅销普及。作为一名扶贫干部，对市场营销也是有所涉猎的，不然瞎解宝叫老百姓种，好不容易种出来了，却卖不出去。 岂不是会被老百姓给打死？徐小贤主仆三人带着取来的药登上了马车，在回徐府的途中，志蕊的脸色一直不太阳光。本应该给少爷抓药的呀，可结果呢？少爷放弃了治疗，他用那些折算来的银子买了这么一大包的药，却没人知道是来干啥的。哎，可惜了，看来他他的时日当真不多了。徐小贤离开了周氏药堂，周氏药堂的周掌柜还在拿着那张方子研究，这字写得漂亮啊，只是。 这方子究竟是个治什么的呢？你们别说，徐小贤还真生的俊俏，还真活脱脱一玉面小郎君。可惜了，若是他没那病，我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他若没病，轮得到你？人家季县令也不至于取回那婚书了。也是人家季玉儿有福气，差点就进了那徐府的门。若是真嫁过去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几个取药的妇人谈论着徐小贤，有人同情，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嗤之以鼻。那傻子也值得你们说到的吗？ 啥时候忽然夭折了也没什么奇怪的。话说周若兰气冲冲再次来到了梁月巷子妓院的那院子里，她一屁股坐在了凉亭里，腮帮子鼓鼓，端起茶盏就猛喝了一口。季月儿正在痴迷地看着手里的一张纸，这时候才抬起头来看了看周若兰，这又是怎么了？月儿，你你真的不能嫁给徐小贤？季月儿一惊，咋的？就刚才我去我家药堂，本想着你既然死心塌地的喜欢上了他，华神医当初给他开的那方子又在我手上。 我就寻思免费给他取十副药治治，哪怕治不好，能稳住病情也是好的。他恰好来了，结果你猜怎么的？季希儿眼睛一亮，他是不是拒绝了？可不是吗？周若兰敲了敲桌子，咬牙切齿地说道：“不知为啥，反正我看见他就生气，于是就劝他离你远点。结果，结果他说他是啥玉面小郎君，他还说凭你季月儿那模样，哪里配得上他？他算个什么玩意儿？简直是不知羞耻！月儿，他有病，真的。” 你能不能现实一点？我不是要推销我那大表哥。这梁一城的才子不多，但凉州多呀。北秀三杰不就很不错吗？你为什么偏偏就喜欢上了这个疯子？季仙儿听得乐了起来。季玉儿嘴角一翘，非但没有生气，那语气还极为温婉。他他去你家药堂干什么？他说要开个方子。你瞧，他就是一书呆子，他怎么懂得开药方？这不是脑子有问题是啥？季仙儿敲响了边鼓，是压是压。姐姐，那徐小贤简直就是胡来。他若是给自己开药方还好。 吃死了正好完蛋。他若是给别人开药方，这要是吃死了人，他可脱不了干系。这个问题倒是令季玉儿那张俏脸儿微微愣了片刻。他开的是什么药方？不知道，我被他气跑了。他居然骂我胸大无脑。他居然说女人不一定要胸大，但一定得要有脑子。我是没有脑子的人吗？季玉儿忽然掩着嘴笑了起来。她看向了季心儿，眼光里有几许挑衅，仿佛在说某人不是总是在我面前骄傲吗？瞧瞧，人家这话说的有道理的呀。 季心儿眯了姐姐一眼，扬起了脖子，挺了挺胸脯，仿佛在回应着季玉儿的挑衅。我就是比你大，怎么的？我还有脑子，是不是比你更有优势？季玉儿忽视了季心儿的骄傲，她看向了周若兰，他呢？你也知道他脑子有病，你和一个病人计较什么？再说，他将手里的这张纸递了过去。你再瞧瞧这首词，他有病，但他在我的心里，他比任何人都要健康。有病又如何？人的一生，生命的长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宽度。 终其一生，能得一良人，能一同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客去客来，日日花开花落，年年。我觉得他就是我的良人。季仙儿似懂非懂，忽然觉得姐姐好伟大的样子。他，他真的不在乎徐小贤那病。他追求的居然是思想上的共鸣。可是，可是若有一天徐小贤死了，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如何去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季仙儿极为担忧的看向了季玉儿，季玉儿一脸的阳光灿烂。 你们看看这首词，我忽然有了新的感悟。周若兰和纪心儿面面相觑，这头铁的女人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来福用石碾子将这艾草和浮萍碾碎，越细越好。志蕊，今儿中午吃。对了，还有豆腐，今儿中午就吃熊掌豆腐。志蕊蹲在徐小贤的身边，好奇的看着他分药，好奇的回了一句：“少爷没熊掌，这能怎么解释呢？就像老婆饼里没老婆一样。可这丫头也不知道老婆饼呀。”啪。 一声脆响，志蕊的巴掌落在了徐小贤的脖子上，打得他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他愕然抬头看向了志蕊：“干啥？有一只蚊子咬你，至于这么用力吗？”志蕊啊，嗯。少女双手撑着下巴，乖巧伶俐。到了夏天，咱们这地方蚊子多不？少女眨巴了一下眼睛，撇了撇嘴：“少爷忘记了？每年夏天少爷读书，可都是我在旁边给你打扇赶蚊子的。尤其是晚上，除非是关在蚊帐里，就没有别的法子驱蚊。” 这东西怎能驱走？除非是烟熏。可烟熏虽能驱走蚊虫，但人也很是难受。徐小贤顿时笑了起来。如此看来，这蚊香的销路不愁了。自己没有铺子，这东西该放在哪里去卖呢？这是个新鲜玩意儿，要怎样才能让这古人接受呢？若是销路能够打开，凭着自己三人一天能生产多少？显然产能也是一个问题。先试试吧。若是真行，那就去一趟百花村，在那地方设一个简易厂房，让百花村的老百姓也赚点银子吧。 这算不算扶贫？我特么这职业病貌似又犯了。来福推着石碾，碾着晒干了的艾草和浮萍，不知道少爷又要捣鼓个什么玩意儿。可惜这东西看起来不是用来吃的。不过少爷说中午吃熊掌豆腐，来福顿时来了精神，推碾子的力气似乎又大了一些。徐小贤分好了要用的药，伸手捏了捏来福碾出来的粉末，不够细，待会再碾一遍。来福整个人都不好了，可接着他便听见少爷又说道：“碾完了之后，按照我画的图样，你给我凿一些模具。” 这事是做，徐小贤没那么讲究。如果驱蚊的效果可以，这模具得找木匠做一批精细的。放下手里的活，抬头看了看天色。江武、智蕊做饭，少爷，我教你做熊掌豆腐。隔壁季玉儿从那首《长相思》里走了出来，脸上是悲伤混合着欢喜，背着徐小贤对自己的一往情深，欢喜着徐小贤对自己的一往情深。我会伴着他，在那明月夜，同一楼，这便是双宿双飞，这便是执子之手与子白头。 少女的脸上充满了憧憬，看在纪心儿和周若兰的眼里，这就是无药可救。纪心儿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原本想要感慨一番姐姐的这痴怨，结果却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这意境就这样被生生打破。哇！纪心儿一声惊呼，好香！一弯峨眉月冉冉升起，夜空中的星睁开了眼，有些朦胧，仿佛都没有睡醒的样子。忙碌了一下午的徐小贤用过晚饭，舒服的坐在了闲云水榭里。智蕊煮上了一壶茶，当然不再是徐小贤采来的野草茶。 现在兜里有了银子，徐小贤在西市街的张记茶铺花了二两银子买了半斤，据说是产于衢山的明前雨丝。那衢山就在百花村的后面，山势陡峭雄伟，居然有天然野茶。对于喜欢爬山的徐小贤而言，现在闲得蛋疼的他，对那衢山产生了兴趣。改天去买张弓，买把刀，带着来福和常威去打点野味来吃吃。少爷，你下午做的那东西是啥呢？志蕊坐在徐小贤的对面，双臂趴在石桌子上，下巴就搁在手背上。 透过茶壶里的袅袅茶烟，好奇的看着自家的少爷，徐小贤端着茶盏，揭开的盖碗在茶杯里轻轻的拨了拨，笑道：“那玩意儿叫蚊香，可以驱蚊。”智蕊眼睛一亮，从下巴下抽出一只手，啪的一家伙拍打在小腿上，真能赶走这烦人的蚊子。当然，不然少爷我费那么大的力干什么？徐小贤脸上流露出的是骄傲，这就是领先古人千年的优势。脑子里的科学技术藏着没用，得将其转化为银子，银子。 现在口袋里还有一百六十余两银子，要说起来，在而今这个朝代也算是一笔小小的巨款。这些日子，他终于大致搞明白了一些基础的物价：五谷、稻、黍、稷、麦、菽。其中以稻的价钱最贵，一斤稻价值十五文钱；若是脱壳而成的大米，则在二十五文左右。黍就是黄米，是一种果实叫黍子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子实煮熟后颇有粘性，可用于酿酒、做糕点或者包粽子等等。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不太容易消化。 所以价格低廉，为寻常百姓的主粮之一，价格在一斤五文钱。在前世这东西已经极少见到，但扶贫干部徐小贤很清楚。稷这个东西又称为粟，粟有五彩，有白、黑、黄、红、紫这些颜色。其实它同样是小米，比黍的星号颗粒略小，价格也差不多在一斤五文钱。麦分小麦和大麦，小麦当然主要是磨面粉之用，属于精细的粮食；但大麦这个玩意儿就是老百姓用来熬大麦粥的，属于粗粮。所以小麦一斤在十文钱。 而大麦只需要四文，至于书，它指的是各种豆类，比如黄豆、黑豆、红豆等等，价格不一。这粮食的价格看起来好像不贵，可若是和收入相比，它其实很贵。一两银子折合一千文钱，只能买到四十斤大米。季县令月俸二两银子才买八十斤大米，当然，朝廷官员的口粮是另算的。季县令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受限于农耕技术，这梁邑县位于大臣之北境，一年只能种一季稻谷。 一亩田年缝好才能收获稻谷两百来斤，去壳成米也就一百五六十斤，直近四千文钱，也就是四两银子。刨去给佃户的三成，徐小贤一亩田的收益在二两多银子。幸亏不买稻种，没有肥料，一年一亩田利润二两多银子，这显然远远低于了他的预期。至于许多穿越者，包括傅小官，在古代培育出杂交水稻，这在农业专业的徐小贤看来，那些作者完全是扯淡。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生物化学。 机械等等诸多学科的综合发展之上，就算你真能运用大量的人工来寻到野生败育稻副本，稻谷是风梅花，适合授粉的时间不超过半个时辰，你怎么去人工授粉？所以徐小贤压根就没去想过弄什么杂交水稻，在而今的条件下，他也造不出来化肥，所以得跳出这个圈子，方法只有一个：水田改旱田，一田两种，旱田种植黄豆，黄豆的根系有根瘤菌，根瘤菌这个东西是天然的氮元素合成工厂。 有利于根系在土壤中聚集非常多的氮元素，能使土壤变得肥沃，也能够促进水稻的生长。这才是他在这个世界能够想到的生态农业。徐小贤想的出了神，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融入了这个世界，把自己当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员。少爷，少爷，志蕊依然趴在桌子上，睁大了眼睛，不知道少爷为啥又走了神。那面上的神色颇为严肃，看起来也挺深沉，哪里像十七岁少年的模样？啊！ 徐小贤从沉思中惊醒，啥事？眼见着端午了，咱们要不要也包一些粽子？当然要了，明儿叫来福去弄些芦苇叶，我待会列个方子，你明儿一早按照这方子去买需要的食材，少爷教你包各种粽子。志蕊眼睛一亮，自幼来到这徐府，记忆中已经过了十二个年头的端午了，这包粽子可是头一遭。少女抬起了头，直起了腰，包粽子是一件了不得的神圣的事情。按照梁义县的风俗，自家的粽子是要送去给亲朋好友品尝的。 若是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称赞，那就是府上的荣誉。只是少爷好像没有什么亲朋好友，但自己吃也是极好的呀。何况还是少爷出手，那粽子一定会特别好吃。就在志蕊想着粽子会是什么味道的时候，来福带着纪县令走入了这主院，来到了闲云水榭。繁之，好久不见，老夫又来了。徐小贤连忙起身一礼，狐疑的看着纪中坛，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尖嘴猴腮的纪中坛这时候跑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纪大人。 案子已经破了，纪中谈一怔，那双小眼睛盯着徐小贤，一手捋着那两撇山羊胡须，怎么？案子破了，本官就不能来你这府上了？啊，不是，大人请坐，晚生的意思是恭喜大人破了那命案。这小子话里有话，那日在秋香茶园，这小子拒绝了我的一番好意，他当真破了那案子，为的就是阻止老夫将这婚书送回。季县令就纳闷了，心想老子那女儿人家求都求不到，他为啥死活就不同意呢？ 现在女儿更是一心扑在了这小子的身上，连宅子都买在这隔壁。若是这婚书送不出去，我的这张老脸往哪搁去？这婚书必须送到徐小贤的手里，还必须是他徐小贤乐意的接下，所以急不得啊。纪中谈的视线落在了桌上，桌上放着的是徐小贤写的那首《明日歌》，好字。纪中谈取了这张纸，就着灯笼的红光，捋着两撇八字胡须，眯着那双小眼睛，仔细的看了起来。徐小贤为他斟了一杯茶。 很是担心他将那稀疏的胡须给撸秃了，可别像那只大白马一样。不，大白马就是秃了也很帅气。这位纪大人，妥妥一奸臣小人反派模样，也为难了他。他的女儿确实难以嫁得出去。就在徐小贤腹诽的时候，纪中谈看着这幅字又说话了：“好字，短线斩截，长线流转，自是疏兽，若隆冬之枯树，然其力苍劲而不失，其姿招展而不夸。凡之，好字啊！” 纪中谈这赞美声一出，倒是令徐小贤吃了一惊。这幅字当然还没有真的达到他这话里的火候，但纪中谈的这句话却深得草书三味。如此看来，这位纪大人也是一位书法高手。大人谬赞，晚生信手涂鸦，担当不起。纪中谈越看这字越喜欢，因为在这个世界，像徐小贤这样的五象之年能够写出这样一手字的人，实属凤毛麟角。难怪女儿会死心塌地的喜欢上他，就凭这手字，这小子也是人中龙凤啊！可惜了。 为啥他偏偏就得了那疯病呢？纪中弹心里一阵惋惜，才细细的品读着这首《明日歌》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他抬头看向了徐小贤，那双小眼睛里分明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是一首简单易懂的诗，但这首诗里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徐小贤通过这首诗要表达的是，他将不再沉沦，他已经明白了不要浪费今天的光阴的道理。他这是要奋发图强了。反之，听说。 你拒绝了张桓公的举荐，这季大人徐小贤也很认真的看着季中谈，悠悠一叹：“晚生有病，全程皆知。您说张桓公一番好意举荐晚生，晚生若真的当了这朝廷的官儿，若是这病发作了，大人，这岂不是在官场上闹出天大的笑话吗？晚生犯下了大错，张桓公又是晚生的举荐之人，到时候朝中若是有人参张桓公一本，晚生倒是无所谓，可张桓公一定会落个遇人不淑、识人不善的恶名，这让张桓公的脸往哪搁呀？” 纪中谈一听徐小贤这番肺腑之言，说的极为有理，这小子思虑倒是周详，可惜了，太可惜了。他默不作声的将这首《明日歌》揣入了怀里。按照你现在这情况，入朝当官确实不太合适。我这个当长辈的说一句不当说的话。纪中谈俯过身子，也看着徐小贤，极为认真的又道：“按照你现在这情况，梁义成满城皆知，你已经十七岁了，可有媒婆上门来为你提亲？”他伸出一只手扣了扣桌子。 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无法治疗病情还极不稳定的少年。要真说起来，我也不愿意。可是我很欣赏你，不单单是你装神弄鬼破了那三桩命案，也不单单是你惩治了恶奴，还卖给了淡水楼几张菜品方子。我欣赏的是你这个人，你小子把事情看得通透豁达。你说的那句“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客去客来，日日花开花落，年年”，老夫很喜欢。所以，纪中谈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纸来。 放在了石桌上，推了过去，还拍了拍这婚书，你收下。伯父愿意把长女季玉儿许配给你。徐小贤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向了桌上的这张纸，这哪里是什么婚书？这分明就是他写的那张《明日歌》的纸。季中谈收回了视线，也落在了这婚书上，陡然一怔，讪讪一笑：“啊，拿错了，这个才是。”季中谈脸不红心不跳的，又将那首《明日歌》塞入了怀里，重新取了婚书，推到了徐小贤的面前，语重心长的说道：“我儿季玉儿。” 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还擅长于打理生意，真真是出的厅堂入的厨房，这是你的福气啊！凡之当珍惜。不是，徐小贤的手放在了季中谈压着婚书的手上。大人，他的脑子飞快的在转着，这尖嘴猴腮的纪大人看来是绝不善罢甘休了，这可如何是好？大人，晚生有脑疾，不知何时就去了，这会耽误到令愿终身啊！徐小贤徐徐抬起了头来，望着天上的那弯峨眉月，忽然间悲从心起，就连言语也仿佛带着深秋的凉意。 韩愈与孟上书书有言：“生而为人，当养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他收回了视线，饱含深情的看着纪中谈：“无愧乃君子之本，人之一生当立身于天地之间，一身坦荡，清澈如云，不可做污浊唯心之事。”晚生自知时日无多，求的是洒脱得了此一身。若是令愿下嫁于我，我得了欢乐，某一天撒手而去，敢问令愿这一辈子如何去过？晚生于九泉之下也难心安，这便有为无愧。 非君子所为，纪大人，这婚书晚生实在不能收，不敢收啊！徐小贤一番深情恳切的话，深深打动了纪中谈。他愕然地张开了嘴，怔怔地看着徐小贤，良久才徐徐地呼出了一口气。徐小贤是真的在为女儿考虑，他果然是坦荡君子，他居然宁可孤老终身，也不愿意女儿跳入他这火坑。好人啊！可是纪中谈陡然醒悟了过来，这可是女儿继月儿的心愿啊！继月儿知道徐小贤有病。 却仰慕于他的才华。今儿和徐小贤简短的一聊，这小子的才华着实很高，也难怪季玉儿会如此不顾一切的靠近徐小贤。他不忌讳徐小贤生命的长度，他希望的是陪伴徐小贤这生命的宽度，这是真爱。在季中谈的心里，他当然不希望如此，可架不住女儿的执着。一个非徐小贤不嫁，一个打死不愿意祸害了季玉儿，这怎么搞？徐小贤仔细的看着季县令纠结的表情，忽然展颜一笑：“大人，宁愿年幼，在他未来的日子里。” 会遇见许多的少年，大人啊，为了一棵枯萎的树，放弃了一片森林，这不是个明智之举。他将那份婚书推了过去，又道：“晚生以为，宁愿在未来的日子里会遇见他的真正的天命之人，你莫要心急，急会害了令愿一生。”纪中谈终究没有将这婚书给送出去。徐小贤终于将纪中谈给送了出去，回到了闲云水榭，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志蕊又坐在了凉亭里，难以理解的看着少爷。 少爷和纪大人的对话，他一字不落的听了个清清楚楚。他就不明白了，人家纪大人一番好意，想要将女儿许配给他，可他为啥死活就不同意呢？少爷，嗯，虽然知道你日子不多了，可徐府若是能够留个后人，就算是月儿小姐离去，我发誓我会将小少爷养大成人。徐小贤整个人都不好了，谁日子不多了？本少爷可是会长命百岁的。徐小贤撩起袖子，为自己倒了一杯茶。志蕊啊，你还小，这男女感情上的事情你还不懂。 真爱要懂得放手。另外呢，少爷，我是相信缘分的。缘分，缘分，有缘才有份，那样才能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志蕊垂头看了看自己胸前，我还小吗？好像不是太小了呀。缘分，人家送来的缘分不要。少爷，这是不是缘木求鱼呢？话说季中堂回到了府上，季玉儿还在闺房里眼巴巴的等着。季仙儿坐在一侧，手里拿着个青色的团儿，正在捏来捏去。某人就这么急着嫁出去？季仙儿眯了季玉儿一眼，她就不明白了。 这女人一旦动了情，就这么可怕的吗？这季玉儿简直就像一只飞蛾，正在奋不顾身地扑向那火堆，根本无法拦得住。这个头铁的女人太愚蠢。人生难得一知己，尤其是在这小小的梁邑县，感情的事情你不懂。缘分这种事情，季玉儿的脸上浮起了一抹明媚的笑意。我和她的缘分已到，她就是我曾经想要追求的天命之人。季心儿撇了撇嘴，瞅了季玉儿一眼，还天命之人，恐怕是短命之人。她的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 毕竟是自己的姐姐嫁给一个短命的姐夫，何来幸福可言？即便是有，那也是短暂的幸福。未来更漫长的日子，她将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地过那凄苦的一生。今儿晚，父亲亲自去了徐府，那婚书断然是会送出去的。如此一来，姐姐和那傻子的事儿就算是定下来了。等娘亲回来之后，恐怕就要开始操办这场婚事了。继府大小姐下嫁徐府那出了名的傻子，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事都会成为梁邑县百姓嘴里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姐。 你说娘会不会反对？娘才不会反对呢，她还会支持我。那可不一定。虽然娘是说过让我们自己追求幸福，但重点是幸福。你被这所谓的爱遮住了眼睛，短期看来恐怕是幸福的，可未来，未来未必会幸福。娘的眼睛可雪亮着呢，她知道徐小贤的病，她还会由着你乱来。季玉儿有些紧张起来，因为季星儿这话说的有道理。他们的娘也是一个极有主见并且头铁的奇女子。如果娘真不同意，十个爹也劝说不了。 那这件事就真成不了，所以继月儿早就想过，当初父亲去定下这门亲事娘，娘并没有反对。徐小贤发病，娘也没有吱声，还用她的名帖让父亲去凉州请来了华神医。娘并不知道华神医给徐小贤诊断的结果，他就走了。那就得趁着娘还没有回来，再将这件事敲定。只要徐小贤握着婚书不放手，娘想来也没有多少法子。可惜的是，三月三那天，爹把婚书给要回来了，但今儿送了过去，这件事也算是有惊无险。 季玉儿心里安定了下来，这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就算是娘娘也反对不了。就在这时，季中谈走了进来，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季玉儿心里咯噔一下，便看见父亲坐在了茶台前。婆芝果然是个好少年，我儿没有看错人。季中谈这话一出，季玉儿那心儿一松，正要放下，却见父亲从怀里取出了两张纸。婆芝和为父语重心长的一番畅谈，为父觉得婆芝的话有理，所以这婚书没有送出去。 季玉儿倒吸了一口凉气，季仙儿灿烂地笑了起来。那傻子是真的傻呀，幸亏他傻，不然姐姐这只飞蛾恐怕就会被那火给烧焦了。为何？季玉儿坐在了父亲的面前，难以置信地问道。他说：“生而为人，当养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无愧乃君子之本。人之一生，当立身于天地之间，一身坦荡，清澈如云，不可做污浊违心之事。”他自知时日无多，求的是洒脱得了此一身。 若是你下嫁于他，他得了欢乐，某一天撒手而去，敢问你这一辈子如何去过？你听听，字字珠玑，凡之是爱慕你的。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世，他放开了手，这便是大爱无疆。为父以为这样的男子值得尊重，那便碎了他的心愿，你也死了这份心吧。他还说，莫要为了他这棵枯萎的树而放弃了整片森林。季月儿脸上的沮丧忽然消失不见，她露出了一抹笑意，还为父亲煮上了一壶茶。 他的内心从刚才的忐忑变得安稳起来，因为徐小贤这样的人才是真君子。他为爱放手，他独自承受了那份孤寂，他不愧于天，不愧于人，更不愧于心。这便是坦坦荡荡。问世间有几个男子能像他这般磊落光明？他越是这样，我便越是要嫁给他，去温暖他那颗冰冷的心，让他知道世间终究有一种真情。这真情和生命的长度无关，那是精神上的共鸣。哪怕那样的日子仅仅只有一天，我忆愿。 也无悔无怨，头铁还极度文青的少女并没有受到打击，她反而越挫越勇，反而决然的逆流而行，步伐坚定而执着。我明白了她的心意，父亲，她就是女儿我心里唯一的那棵树，女儿心里常青的那棵树。纪中谈错愕的抬起了头来，纪仙儿张大了小嘴儿，这姐姐果然是这么倔的，你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纪仙儿恨恨的说了一句：“女儿三思啊，女儿早已经想好了，她就是女儿的天命之人。” 这个晚上，徐小贤睡得不太安生，耳根子红了半夜，还打了几个喷嚏。一大早起来，精神有些萎靡。昨晚难不成还有谁在想我？这没道理啊！前世的妻子秦若曦倒是有可能，但两世相隔，那思念的能量能有这么大的？徐小贤站在院子里，望了望妈妈亮的天，不明所以。去了院子一角的水井边，取了水洗漱了一番。那鹅黄的蝴蝶又飞了进来。少爷，今儿早上吃啥？还是豆花配鸡蛋？好咧。 鹅黄的蝴蝶飞走了。徐小贤将电击棍别在腰间，再一次的出了门，开始晨跑。今儿早上运气不错，没有遇见那小妖精。倒是回来的时候，看见隔壁那门口停着一辆马车。隔壁这新邻居倒是来的挺早的。改天等隔壁弄好了，乔迁新居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买份礼物去道贺一下？毕竟是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何况自己压根就没亲戚。如此想着，徐小贤走入了自己的院子，去了澡房洗了个澡，水温正好。志蕊这丫头太懂事了。 昨儿晚上留下来的倦怠一扫而空，徐小贤满血满蓝的复活了。独自坐在这闲云水榭里煮上一壶茶，若是再有一张报纸，这日子和当年在单位时候倒是有几分神似。天光在袅袅的茶烟中渐渐开了，当真是碧蓝如洗，又是一个大晴天。昨儿下午做的那些蚊香，今儿个再晒晒，应该就干透了。傍晚时候退了凉去一趟桃林小筑，给张环公送些蚊香过去。这当然不能白送，得求张环公给这蚊香提几个字。 张桓公可是大臣大儒，他在学子文人们心里的地位极高。这蚊香的价钱可不便宜。上次买的那些材料价值五百文钱，刨去不用的药材，估摸着也是在三百文左右，却做出了一百盘蚊香，不算人工成本三文钱。但徐小贤想要卖出去的价格是五十文一盘蚊香，一只鸡。这买卖简直是暴利。这东西他打算在百花村去建个三五小作坊，料自己来配。但到模具这种事情交给李大爷来做，一盘蚊香给李大爷六文钱。 至于李大爷能雇多少人，那是李大爷的事。这活儿简单，来钱还快，关键之处在于打开市场销路，攻略下张桓公。这销路的事也就不用愁了。眼见着就快到五月了，所以这事儿得抓紧。到了九月可就没蚊子了。这事儿放在了心上，等这件事走入了正轨，就得将那些圣贤书拿出来翻翻了。科考这件事他也放在了心上，功名这个东西也得拿一个。只是去岁这原主被一只无形且巨大的手从榜上给撸了下来。 今岁自己再去考，会不会又功亏一篑？无论如何得去试试，别考到榜首。取了界元看似风光，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己仅仅需要一个举人的身份，何必去出那毫无意义的风头？端着茶盏，徐小贤起身去了后院。那一期地里的土豆长势极好，三寸来高了。过些日子得开始第一次培土追肥。改天有去百花村，还得找李大爷弄点农家肥回来。如此想着，徐小贤又回到了主院。志蕊正好飞了进来：“少爷，吃早饭了。” 好，少爷这就来。放下茶盏，来到前院，常威正冲着那堵墙汪汪汪的狂吠。徐小贤瞄了一眼，隔壁有乒乒乓乓的声音传来，不知道在捣鼓着啥。倒是那只翻墙而过的红杏，似乎又多开了三两朵。主仆三人吃了一顿美味的豆花早餐，徐小贤回到了闲云水榭喝茶看书。来福在翻晒着那叫蚊香的东西，志蕊安静的坐在徐小贤的身边纳着鞋底。少爷的鞋有些破了，得给少爷做一双新的。这院子里和谐安宁。 隔壁那院子里却剑拔弩张，人家在家里你也敢翻墙？玉院瞪了季星儿一眼，被那狗咬了无所谓，若是被人家看见，人家会怎么想？季星儿撇了撇嘴，理屈的说道：“我不就想看看他早餐吃的是什么吗？那么香，吃吃吃就知道吃，不就是豆花吗？我也没吃早饭，你去无豆花那打两碗来。”好，季星儿一口答应下来，伸出了一只手给钱，两碗豆花十个铜板，你也找我要。 季仙儿扭了扭那杨柳腰，眉儿一扬：“我穷，你穷你有理。”季玉儿取出荷包，一看这荷包，她整个人又不好了，因为季仙儿的荷包居然在徐小贤的身上。少女取出了十个铜板，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你既然喜欢翻墙，啥时候翻过去把你那荷包取回来才是正事。”季仙儿抓起十个铜板，嘻嘻一笑：“我偏不，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某人婚书送不出去，信物又没有一个，偏偏还天鹅想吃癞蛤蟆肉，我就是要让你吃不着。你能拿我怎的？我能拿你怎的？” 不就是你每个月的零花没有了吗？也好，我倒是又能剩下些银子，合适了还能再置办些田地。季玉儿没有恼怒，季心儿就有些不自在了。她脖子一扬，哼，爹爹派了刘能刘捕头来这里，我觉得吧，恐怕是有人想要对徐小贤不利。若是那周阎王派了人来，到时候我制住刘捕头，就让你眼睁睁看着你那小郎君死在周阎王的手里，我看你还怎么嫁。季玉儿一惊，他还没弄明白父亲为啥会派个捕头来这尚未打理出来的府邸。 这时候听纪星儿一说，才恍然大悟。他又从荷包里取了五个铜板，再多买一份给刘捕头。莫要这样看着我，人家刘捕头来帮忙护院，请人家吃个早餐，这是应该的。快去快去！哼，看来某人对他心里那小郎君还真够关切的。可惜啊，这就叫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番心机中枉费，到头来倒是落下个院子，却只能听隔壁传来的凄惨哭声。何必呢？我若是你，当断则断。天下男人那么多，何至于在一棵朽木上吊死？你。 季月儿生气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那是我的事，你嫌吃萝卜蛋操心，管好你自己。季仙儿灿烂一笑，跑出了院子，就像飘走了一朵火红的云。季月儿坐在了凉亭下，看了看隔壁的这堵墙，心里却担心了起来。子儿，去帮我请刘捕头进来。小姐，二小姐的话，快去。夕阳落山，洒下满城金黄。徐小贤主仆三人用过晚饭，乘着那辆老马破车，悠悠达达的出了门。 对尔金这个生活状态，他很满意。现在缺的是一个长久来钱的法子。若是这蚊香真能卖得出去，赚了银子继续买地，距离躺平的日子可就越来越近了。卖菜品方子终究不是个长久之事，那玩意儿总有卖完的时候。何况这世界很多调料没有，很多方子也就没法去。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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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没有辣椒你，你怎么把水煮鱼的方子卖给陶掌柜？人家又不是傻子。何况自己的专业也不是厨子，那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已。就像书法一样，当年不过是为了泡到秦若曦。秦若曦。 哎，徐小贤一声叹息。为了秦若曦，自己成了半个厨子，半个书法家，终于将秦若曦娶回了家。这好日子还没过上一年，狗日的隔壁那货姓王，徐小贤恨得牙痒痒，面色上便有些狰狞。志蕊看着少爷的表情，小手捏紧了裙摆，眼里满是担忧。少爷直到现在也没有吃药，他他的性情不稳定啊。徐小贤收回了思绪，决定不再去想秦若曦，毕竟跨越了时空，这思念不过是自添烦恼罢了。 马车来到了梨花巷子的三味书屋，徐小贤叫来福停下了马车，他下了马车，走入了三味书屋，没有看见那个有双面人格的少女，倒是看见了张环公那丫鬟子儿。子儿一瞧徐小贤来了，顿时吓了一跳，他站了起来，后退了两步，咬了咬嘴唇：“徐公子，你你来干啥？”徐小贤就有点郁闷了：“本少爷来买点宣纸，有吗？”“啊，有，才好的一两银子二十张，你要多少？”徐小贤顿时瞪大了眼睛：“这玩意儿这么贵的？” 五十文一张纸，一张纸价值一只鸡，我特么还以为卖那蚊香是暴利，这看来卖纸才是暴利啊！徐小贤心思儿电转，子儿看着徐小贤那阴晴不定的面色，又退了两步。他咽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的又问了一句：“公子要吗？这该要还是不要呢？”算了，徐小贤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吃鸡明显比写字来的实在啊，暂时不要。他转身正要走出去，视线落在了窗前的书案上，看见了一张写着簪花小楷的纸。 许公子问：“鸡兔同笼，共有头四十八，脚一百三十二。问鸡和兔各有多少？”答：“有鸡三十，有兔十八。”这小妞算数还可以吗？也不知道她用了多久，用的什么方法解出来的。沉吟三息，他提起桌上的毛笔，在这张纸的下面又写了一道题：“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最少几何？”放下毛笔，徐小贤转头对子儿说了一句：“那姑娘若是回来。” 叫他算算这题的答案。子儿一脸懵逼的点了点头。哦，徐小贤踏出了三位书屋的门槛，又上了那辆破车，子儿才醒过神来。这个神经病，他跑这里来干啥？莫非莫非他已经知道小姐了？他这是主动来找小姐的？可不对啊！昨儿晚上老爷说那婚书未曾送出去，他为了小姐决意放弃，可他又跑来这三位书屋作甚？言不符实的家伙，心里终究难以忘却小姐的美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小人。 应该是，就连那借口都找得如此荒唐。买纸，这么贵的宣纸是你徐小贤用得起的吗？还不是找个由头想来撩我家小姐。哼，这家伙不是个好人。阿嚏！徐小贤打了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心想这又是谁在想我了？马车缓缓而行，路过了竹林书院。透过车窗，徐小贤果然看见了一大片的竹林里掩映着一排红砖碧瓦的房舍，里面有朗朗的读书声传来，那定然就是竹林书院了。对这地方的记忆极为深刻。 但也仅仅限于寥寥几处地方，比如那间书屋，比如书院外的那方荷塘，再比如书院后山的竹林深处。那是这身体的前生待的最多的地方。去竹林书院必须经过那处荷塘，书屋自不必说了，那是教习们授课的地方。至于书院后山的竹林深处，那是这家伙下学了不想回家，在那地方自个看书学习，倒是勤奋，是真的勤奋。也难怪人家叫他书呆子。志蕊看着少爷留恋的眼光，心思儿活络了起来。少爷，要不咱们也去报个名？ 还是在孔老夫子的门下求学如何？徐小贤放下了车帘，瞅了一眼智蕊，不如何。智蕊撇了撇嘴，真不去参加金髓科考了。去啊！不过少爷，我自学成才可以吧？何必去花那束修的银子？智蕊没有吱声，心想：少爷，你以前可不是这样说的。少爷以前说：“古之学者必言其师，师言然后道尊。”不太清楚这话的含义，但想来就是尊师重道之意。少爷现在的性格倒是好了很多，但在求学的这条路上。 他却再没有了以往的那般热情执着，还是受去岁的那打击太深。不过，少爷能够去参加科考也是好的，哪怕没考上，或许又能唤起少爷求学之心去。就在志蕊的期盼与揣度之中，马车来到了一大片的桃园前。徐小贤三人下了马车，他看着这片桃园，桃花早已落尽，桃树上的果儿都拇指那么大了。出于职业病，他走入了这片桃园，仔仔细细的观察了一下这桃子，不是黄桃，也不是蟠桃，更不是水蜜桃。 而是最没有价值的毛桃，也就是山桃。这玩意儿个头长不大，卖相还不好，口感其实还可以。至少在前世，这玩意儿真没啥人喜欢吃。要改良这桃树的品种，唯一的方法就是嫁接。但徐小贤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哪里的桃子好吃。再说，他是来推销蚊香的，这才是正事。穿过桃林，便看见了一道月亮门。踏入了月亮门，又看见几棵桃树。这位大臣名士是不是喜欢吃桃子？ 他带着俩仆人走入了这四合院里，便看见院子中正站在一方池塘边喂鱼的张桓公。啪！张桓公给了自己一耳光，挺响亮的，抽的他自己直咧嘴。他的巴掌还在自己脸上，便看见了走来的徐小贤。张桓公哈哈一笑：“婆之啊，你想死老夫了！”啪！又是一巴掌。徐小贤看得脸抽抽。桓公，您这是啊？蚊子太多，不抽不行。所以古人的脸皮厚就是这么来的。来来来。 繁之，请坐。张桓公心里那个乐啊！上一次去徐府，转眼十余日已经过去，但徐小贤说的那番话却依然记忆犹新。这是一个看透红尘、心性洒脱的少年，他写得一手极好的字，还作得一首精妙的诗词。他非但没有恃才放旷，反而谨小慎微。这样的少年，自然合了张桓公的脾胃，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少年英杰。前两日，他甚至又去了一趟徐府，可惜的是，寇那大门却未开。然后他去了隔壁妓院的院子里小坐了片刻，才知道徐小贤出了门。 自己那弟子将宅子都买在了徐小贤的隔壁，其心自然明朗。也不知道那婚书再次送到徐小贤的手里了没有。张桓公对这女弟子的婚事，也从曾经的不赞同变成而今的大力支持。月儿追求的是思想上的共鸣，这样的人，放眼凉邑县，甚至放眼整个凉州，除了徐小贤之外，还有何人？这是天作之合，就算不能举案齐眉白头到老，至少也能琴瑟和鸣，相敬如宾。徐小贤坐在了张桓公的对面，他不知道这一瞬间，张桓公想了许多啊。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按说晚生早该来看望桓公了，只是这人活在尘世间，免不得有诸多俗事缠身。说着这话，他啪的一声拍在了露出来的手臂上，拍死了一只蚊子。他转头看向了志蕊，若无其事的说了一句：“志蕊，将那蚊香点上。”桓公，你这院子倒是清雅，就是这蚊虫有些多啊。啪！张桓公一手拧着茶壶，一手又给了自己那老脸上一巴掌。他苦笑着一边斟茶一边说道：“可不是吗？每年夏日。” 受这蚊虫之苦，简直是苦不堪言。这可恶的小东西，弄得老夫无法看书，更无法安心著书。哎，张桓公放下茶壶，才陡然一怔：“你刚才说把什么点上？蚊香啊，就是这个东西。”徐小贤接过来福，福抱着的一个匣子放在了石桌上，从里面取出了一盘蚊香，递给了张桓公。桓公之苦，晚生感同身受，所以晚生这些日子就是在捣鼓这个。张桓公好奇地接了过去，仔细一看，这东西色泽黝黑。 卷成一盘，看不出有什么奇妙之处。他又放在鼻子前嗅了嗅，倒是有一股药材的味道。这东西能驱蚊。这不，今儿才刚刚晒干，晚生也还没有试用。晚生寻思，桓公乃是大臣大儒，平日里肯定是著书立说的时间居多，便送了过来，正好试试这东西的效果。徐小贤看向了张桓公，张桓公的那双老眼里顿时闪烁出了一抹光芒。妥了，这就说明了，只要这东西有效，需求是肯定旺盛的。智蕊点燃了两盘蚊香，很快就能见其效用。 若是当真能够驱蚊，若是当真能够驱蚊，这简直是天下文人的福气。张桓公果断地接过这话，拍了拍徐小贤放在桌上的手，就连神色都有些激动起来。反之啊，你应该知道的，这读书人到了夏天，酷暑还好，至少有阴凉处可以纳凉；但对这蚊虫却毫无办法。这小东西叮人，那是一叮一个包，还奇痒难耐，哪里还有多少心思醉心于书本？这才是最难受的。若是有了此物，解了此大困扰，学子们便能够心无旁骛地安心看书。 简直是一件天大的功德呀！徐小贤咧嘴笑了起来。我不要什么功德，我要的是银子。蚊香的味道弥漫开来，在这夜风里，那一缕香烟妙曼飘摇。徐小贤没有去说这东西已经有了效果，这效果得让张桓公自己去体验。桓公，而今之大臣，开国已经十六载，按说一个国家新立，正是锐意进取的时候，各个行业正当蓬勃发展之际，可咱们大臣为啥还是缺粮呢？ 徐小贤需要知道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更多的是在原来那书呆子的脑子里，这些是压根没有的。张桓公从长安而来，想来他对此会有一番见解。果然，张桓公捋着长须开了口，却是一声叹息唉：“凡之啊，你恐怕不知道，咱们大臣是太玄皇帝推翻了离朝建立起来的。而今天下五国鼎立，东景朝、南墨国、北魏国、西云国，其余四国建国皆已超过两百余年，国力雄厚，国土辽阔，国民众多。” 唯有咱们大臣，他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啊，偏偏占据的还是中原之地，四方列强环视，一个个对咱们大臣是虎视眈眈，单单垂涎欲滴，恨不得扑上来咬上一口。张桓公打开了话匣子，浑然没有注意，他有许久没有打自己耳光了。离朝留下来的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摊子。太玄皇帝唐无望算得上是励精图治了，这十六年的时间里，与莫国一战，安定了南疆，嫁三公主唐虞与云国太子，两国结成了姻亲，暂时安好。 宋武皇子唐不归于景朝为质子，算是稳了东边。至于咱们这北边，大臣的耻辱啊！张桓公没有说这耻辱何来，想来是文人要脸面，这国家之耻难以说得出口。徐小贤这才知道，这大臣皇朝面临的局面是多么的糟糕。这特么的一不小心，这大臣皇朝就有可能被别的国家一口给啃去一块；再一个不小心，可就灭国了。重生的地方不太美妙，但这是继承的事实。徐小贤总没可能一家伙跑去别的国家叛国吧？ 这种事他还做不出来，何况自己这梁邑县的渣渣，连叛国的资格都没有。大臣而今的重心依旧在军事。陛下虽然修建了文风阁以期能够招募到治国之才，这些年也确实招募了一些。陛下还开了科考，但读书这个东西终究是有钱人家的事，平民百姓莫要说读书，就连纸都买不起。所以这文臣依旧奇缺，内政依旧不振。加上国家养了足足五十来万的军队，这人吃马嚼的需要许多的粮草。 田地的产出就那么多，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你说哪里会有多余的粮食？另外，大臣建国的时候借助了前朝许多高门大阀的势力，这便是大臣鼎鼎有名的六大家。他们的存在，老夫这些年一直在想，有其利也有其弊。张桓公眉间微蹙，端着茶盏却一口没喝，他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片刻，才又说道：“其利，他们算是一手推翻了旧朝，自然要维护新朝的秩序。他们和新朝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休戚与共。” 所以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抗拒外敌，稳定内政，但他们存在的弊端也极大。大臣心力自然要论功行赏，他们占据了大臣最多的资源，比如田产，比如盐铁，比如漕运等等等等。这些是国家的命脉啊！国家之税收的绝大多数本就来自于这些行业，可偏偏他们因为功勋可免去一应税收，他们占据了如此多的资源却不缴纳税赋。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的又是银子，这银子从哪里来？自然就落在了老百姓的头上。所以。 最苦的依旧是百姓。徐小贤听明白了，所谓的六大家，他们是大臣超然的存在，估摸着其规模还极其庞大。但大臣却需要他们的存在，在这样的一个封建王朝里，他们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奠定了大臣是大臣这间大厦的支柱。但同时，他们又依附于大臣，就像吸血虫一般。这就是张桓公所说的利弊关系。徐小贤也不知道这利弊关系当如何权衡。事实上，陛下也不清楚该如何取舍。 所以，陛下力排众议开了科考，算是给了天下学子另一条路。只是这科考收效甚微，因为哪怕是科考取中入了官场，依旧是要和六大家的子弟们打交道的。最终，要么被同化吸收，要么就被淘汰出局。哎，不谈这些事，婆之啊，老夫忽然发现，好像这蚊虫真没有了。徐小贤撇了撇嘴，心想：你这发现是不是太晚了一些？张桓公看着放在脚边的燃了一半的蚊香，脸上满是惊奇。 这东西效果居然如此之好，他抬起了头来看向了徐小贤，眼里满是炙热。凡之，此蚊香造价几何？可繁琐？徐小贤极为认真地回道：“桓公，此物需要十余味药材，耗时也极长。晚生初步估算了一下，这样一盘的成本大致需要四十文钱，这还不算人工。”徐小贤以为张桓公会大吃一惊，却没料到张桓公居然大喜：“好东西，值！算上人工达五十文钱，虽然略贵，但有了它，却可安心于书中。” 读书那是无价的，反之，你有多少卖给老夫如何？志蕊站在徐小贤的身后，咽了一口唾沫，抿了抿嘴。少爷的这张嘴，张口就来，那成本分明不过五文钱，他居然欺骗这位慈祥的老爷爷。就在志蕊腹诽的时候，徐小贤乐呵呵说话了：“凭着咱们之间的关系，可千万不要谈钱，谈钱伤感情。这样，晚生每个月送桓公一百盘这蚊香，当然，桓公高洁肯定不愿占晚生这个便宜，所以晚生有一策。” 不知桓公可能答应？张桓公咧嘴笑了起来。你说说看，就是给晚生提几个字。徐小贤从袖袋里摸出了巴掌大的一张纸，递到了张桓公的面前。就请桓公在这张纸上写一句“百花闻香，天下无双”。就这样，可否？张桓公狐疑的看向了徐小贤。你小子想做着买卖？嘿嘿，读书费钱啊。晚生寻思，这玩意既然有销路，那便赚取个三瓜两枣。 其实不瞒桓公，这是晚生给百花村的村民寻一条生财之道。百花村您知道吧？说来也是可怜，晚生不是在百花村买了六十亩田产吗？那些百姓过的那日子，晚生实在看不下去。左思右想，希望能够让他们赚点小钱，改善改善生活，这才有了这主意。这话一出，张桓公顿时对徐小贤高看了三眼。老夫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还以为是婆之弃了书香，要去惹那铜秀。 却没有料到，他是为了那百花村的老百姓。什么叫品性高洁？婆知这就叫品性高洁。读书为的是什么？不就为了给老百姓谋福祉吗？婆知读了许多书，他这就是在实践，他做的就是在为老百姓谋福祉的事。这字老夫提了，徐小仙大喜。智蕊为桓公磨墨。婆知，老夫白活了这么些年，不如你活得明白啊。此后你勿要再叫老夫桓公，请叫老夫一声老哥。儿。这如何使得？ 张桓公大手一摆，凡之以五相之年而致百姓疾苦，知其苦却不似老夫仅仅落于嘴上，凡之以行动而贯之，此乃大智慧，当受老夫一拜。这话一出，张桓公居然站了起来，他真的要对徐小贤行礼。就在这时，纪中谈走了进来，恰好看见张桓公双手抱拳，徐小贤一家伙就跳了出去。他慌忙来到了张桓公身旁，一把扶住了张桓公的胳膊。桓公，你这是要折煞晚生了？叫老哥，老哥，君子之交淡如水。 咱们不必纠结于礼节，可好？好一句君子之交淡如水。好好好，老哥我这香了，老哥这就为你提字。纪中谈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堂堂大臣大如张桓公，这是要和徐小贤拜把子？这小子又搞出了什么名堂？他走了过去，便看见张桓公提笔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留下了一笔漂亮的行书：百花闻香，天下无双。张环见张桓公搁笔，抬头便看见了纪中谈。中谈，你这女婿不一般啊！繁之老弟。 老夫当年居于庙堂之上，寻思的就是如何救国救民。老夫寻思了一辈子，却没有想明白。今儿老夫才茅塞顿开，天下之大，一救一国，当从一隅而起。你这样做才是对的，从一个小小的百花村开始。老夫相信你定能让百花村的村民们过上好日子。如此幸事，当福一大白。你们稍等，老夫还有一坛好酒。星月璀璨，便以这星光月华佐酒。季中谈就一脸懵逼了，你这女婿不一般啊！这繁枝。 他不是拒绝了我送去的婚书吗？怎么就成了我的女婿了？你对桓公做了什么？纪大人好，晚生就是和桓公不和我老哥聊了聊天。徐小贤无辜的说道：“你老哥这小子还真蹬鼻子上脸了。人家桓公是什么人？哪怕退了，可人家门生满天下，曾经可是堂堂的从三品银光禄大夫。你小子区区一秀才，居然和桓公称兄道弟，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你小子可千万不要没大没小的。” 张桓公抱着酒坛子出来了。中坛，你这话可不妥。他放下酒坛子，又道：“闻道有先后，勿以年岁论之。”婆之见村民疾苦，便挂于心上。今儿个发明出了这驱蚊神物，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此物来扶持百花村的村民们。这便是道，读书求的不就是这道吗？老夫读了一辈子的书，遇了一辈子的人，却始终未能参破这治国救民之道。你万万不可小瞧。《劝学》有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这是繁枝跨出的小小一步，却是实实在在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不似老夫以耳顺之年依旧在原地踏步。来来来，坐下坐下，咱们月下煮酒，把酒论天下。纪中谈那双小眼睛瞪得贼大，徐小贤这是干了什么？为何桓公对他如此大加赞赏？闻道他徐小贤闻的是什么道？驱蚊神物。纪中谈这才发现这亭子里没有蚊子，才看见地上那燃着的东西。这是你发明的？徐小贤咧嘴一笑，正是。对了，纪大人。 这玩意儿驱蚊效果极好，待会我也送你几盘。不过还得请纪大人在那衙门里帮晚生推销一二。纪中谈又看了看徐小贤，他和桓公称兄道弟，自己是桓公的弟子，这辈分若是要论起来，我岂不是得叫他一声小师叔？这肯定不行，得和长女纪玉儿一样，各叫各的。纪中谈决定忽略这辈分问题，于是应承了下来。若是真有驱蚊效果，本官自然会为你推荐。你是打算将这玩意儿放在百花村去生产？徐小贤接过张桓公递过来的酒碗。 决定让自己的形象再高大一些。他悠悠一叹：“哎，不瞒纪大人，那百花村晚生去了两次，感触颇深。一个村子四五十户人家，三百来口人，从耄耋老者到垂髫小儿，过的那日子，不是晚生指责大人你，他们过的那日子，猪狗不如啊！人人面如菜色，个个家徒四壁。晚生见不得别人穷，于是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晚生并没有老哥说的那般大的理想，就是寻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扫天下这种事情太大。” 晚生就想扫一屋罢了。好，好，好，好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来,来，来，来，凡之贤弟，就凭着醍醐灌顶的一句话，老哥敬你一碗。张桓公端起酒碗，和徐小贤轻轻一碰，畅快的干了一大碗。扶贫干部徐小贤，酒精考验自然不怕喝酒，也豪气的干了一大碗。不好喝，酒味寡淡，水臭味太重。季中谈被徐小贤给镇住了。这小子原来有如此伟大的理想抱负，“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现在准备扫一屋，那以后。 以后是不是就能扫天下呢？对了，他有精神异常之症，能扫一屋已经极为不错了，何苦期许他再扫天下？这蚊香好像是个好东西，若是往日，这手里不拿个扇子驱蚊，简直就没法安坐。可现在，现在真没蚊子来烦扰了。这小子有些名堂啊，可是季中谈就纠结了，那婚书还在他的怀里躺着，要不要再送出去？凡之贤弟，单单凭着这蚊香，老哥给你说句实话，这还看不出你能扫天下的才能。不过这是一个开端。 很好的开端，关键在于你的心意。你能有这样的一份心意，去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做点事，这是老哥我佩服你的地方。老哥再问你一次，老哥举荐你入朝为官，你可愿意？站在徐小贤身后的智蕊，那心肝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上，他又捏紧了衣摆。一份泼天富贵再一次摆在了少爷的面前，只需要他点点头，这富贵就落在了少爷的身上。这是多少少年梦寐以求的天大机缘，少爷，你可千万要答应！ 就连纪中谈这时候也看向了徐小贤，心想：徐小贤若是点头，老子非得将这婚书塞到他的怀里。徐小贤提起了那酒坛子，为张桓公倒了一碗，这才缓缓说道：“不瞒老哥，金科秋为我打算去参加，不是老弟，我要拒绝老哥您的这番好意。我有病啊，我不能去当官，参加科考。我想的是能挣一个举人的功名，绝非是为了当官。有了举人这功名，我能做更多的事，也方便做更多的事，仅此而已。老哥，我敬你一碗，这件事。” 我心领了，当官真的就不必了。什么叫高风亮节？这就叫高风亮节。若是别的少年听到这句话，恐怕会欢喜的晕过去。可凡芝呢？婆芝比任何人都清醒，他知道自己有病，知道不久于世，他不愿意给自己带来麻烦。看来他是要扎根在这梁邑县，也好不入官场，他才能活出他想要的模样。老夫生平佩服的人没有两个，凡芝你是其中之一。功名利禄能看破，能看破的人能有几个？除了你之外。 这偌大的大臣只有一个，钟谭啊，你是梁义县的父母官，你才应该为梁义县的老百姓多想想，想想如何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如何让这梁义县变得更富裕一点。当年你求学，也有一番救国救民之心，老夫希望你勿忘初心，勿忘曾经的理想抱负。季钟谭无辜躺枪，他连忙拱手一礼，恩师教训的对，我我当向婆之学习，这就对了。婆之意图在百花村建设着蚊香作坊，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他做好了，这也是。 你的政绩吗？批地批文什么的，这年轻人要干一番事业，你这父母官当福气上马再送上一程，何况他还是你的女婿。徐小贤顿时一愣，我怎么就成了纪中谈的女婿了？不过这创业若是能得到当地官府的扶持，这是事半功倍之好事。他瞅了一眼纪中谈，没有当着张桓公的面去扶了纪中谈的脸。多谢纪大人，来，我也敬纪大人一碗，咱们三人同干。 徐小贤觉得这酒真的难以下咽。他给张桓公季中坛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饼，然后寻了个由头，带着志蕊离开了桃林小筑。季中坛没有走，他狐疑的问道：“先生，徐小贤说什么需要五百亩地来建设标准化厂房，这是什么意思？”张桓公也不知道呀，但身为大臣大儒，他不能不知道。中坛啊，这说明婆志要大张旗鼓的干。他不是说了吗？山地就行，不占用耕地，这多好。那百花村后面渠山之前不是有许多山地吗？ 给他就行。至于标准化厂房，国家有法度，这作坊恐怕是繁之也要离定标准，这是好事，说明他真的要用心去做这件事。总之，你大力支持他就对了。哦，先生，你刚才说功名利禄能看破破看破者，除了徐小贤，还有一人，那人是谁？还能是谁？当然是云楼先生许云楼。纪中谈愕然一惊，先生为何没有告诉繁之云楼先生的事？那是很是复杂，老夫倒是希望婆之这一辈子都不知道才好。 你万万不可向他提起，切记。张桓公忽然看向了纪中谈，玉儿和徐小贤的事可落实了？纪中谈整个人都不好了。哎，昨日学生去过了一趟徐府，却被樊芝的一番话打动，觉得婆芝说的有道理啊。所以这婚书，学生未曾能够送出去。张桓公一怔，他说什么了？他说：“生而为人，当养不愧天，抚不愧人，内不愧心。”他自知时日无多，求的是洒脱得了此一生。他担心有朝一日忽然夭折，留下玉儿一人在这人世间。 他心难安，这便有为无愧，非君子所为，所以他再次拒绝了这婚书。学生倒没有怪罪于他，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张桓公举头望着那一弯峨眉月，沉吟了半晌，低头端着一碗酒一饮而尽。凡之君子也，月儿怎么想？非凡之不嫁。月儿心性坚定，他没有看错人啊。一心只想着借着张桓公的名头卖蚊香赚银子的徐小贤，他哪里知道这番操作令张桓公和季县令刮目相看。 原来季县令是张环公的学生，自己是张环公的忘年交，这便宜不占就是王八蛋，所以他开口就是五百亩山地。本来还以为季县令会讨价还价一番，没料到季县令当场就拍了板。一个破厂房需要多少地？不过是一间茅草屋来存放原材料罢了。标准化厂房，这就是红鬼的噱头。至于多出来的地，徐小贤当然笑纳，因为那山地开垦出来最适宜种土豆，关键是不要钱啊。 最多花点小钱钱，请百花村的村民们开荒罢了。今儿去桃林小住这一趟，简直值了。坐在马车里的徐小贤乐得合不拢嘴。志伟瞅了一眼像傻子一样欢乐的少爷，视线里却没有歧视，而是觉得少爷太伟大了。他居然对张桓公和季贤令说，说要带百花村的村民们脱贫致富。少爷口袋里好像还有不到二百两银子，他自个脱贫了吗？志伟觉得少爷自己是已经脱贫了，从曾经荷包里没有半文钱，到现在有了二百两银子，还有六十亩的上田。 少爷果然是很厉害的。外面凉风习习，马车里有些闷热。马车已经来到了梨花巷子，距离凉月巷子不是太远了。徐小贤觉得下来走走，顺便看看三位书屋打烊了没有。志蕊觉得这样挺好，他俏生生跟在少爷的身后，望着这天上璀璨的新月，觉得这气氛恬淡祥实，很是舒爽。这条路若是足够的长，若是能够就这样陪着他一直走下去，那该有多好。志蕊，嗯。 明儿个去看看这梁一城有没有铺子，能买下来最好。若是买不到，便租一间，大小都可以，位置位置不重要。咱们卖蚊香要用，这事儿得快一些。好，明儿我就去衙行问问。来福，坐在马车上晃晃悠悠的来福正在想着明儿个能不能吃上鸡腿，听少爷一声喊，吓了一大跳。他翻身下了马车，少爷，小人在。待会回去之后，我你个方子。明儿个你带着那方子去周氏药堂，把那些药取回来。 要早一些，然后咱们去一趟百花村。好嘞，少爷，家里鸡没有了。滚！徐小贤三人正好来到了三味书屋外面，三味书屋的门已经关上，但里面的灯还亮着。来福正要滚，就在这突然之间，从梨花巷子的另一头冲过来了足足五个人。他们在昏黄的路灯下跑得飞快，距离徐小贤大致只有两百米距离。这时，徐小贤左右看了看，街巷上,上没有别人，对面这群人是冲着谁去的？他没想惹事。 因为今儿出门的时候没有带电击棍，他带着志蕊躲在了三位书屋旁边的屋檐下，寻思等这群人跑过去再走。那五人距离徐小贤越来越近，他才看清楚，那是五个黑衣蒙面人，一个个手里居然还拿着棍棒，这是要去打架的节奏。徐小贤还以为这些人是喝多了，可紧接着他便发现苗头有些不对劲，那五个人似乎似乎正是冲着他来的。跑在最前面的一人举起了手里的棍子，他发出了一声低吼：“徐小贤，拿命来！” 徐小贤一惊，一把将来福抓到了前面，正要说一声跑，却不料三位书屋的门忽然开了，砰！那黑衣人正好冲到了三位书屋的门前，恰好撞在了门上，他发出了“的一声惨叫，砰然倒地。徐小贤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他本想着去抢了黑衣人手里的棍子，却又没有料到他冲出去两步就撞到了一个人，砰！啊！季希儿捂着鼻子一声惨叫，徐小贤捂着额头连退了三步，撞在了来福的身上。 另外四个黑衣人陡然停下了脚步，一脸懵逼的看着前面，这特么是怎么回事？纪星儿鼻血长流，眼里泛着泪花，我不就是想回家吗？难不成这大晚上还有人敢来劫姑奶奶的色？红衣少女生气了。就在这时候，那四个黑衣人中有人不知死活的大吼了一句：“兄弟们，上！”泪流满面的纪星儿没有分清方向，他陡然站了起来，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枪的一声拔出了剑。不知死活的东西，看剑！ 愤怒的少女大无畏地冲向了四个黑衣人，四个黑衣人就懵逼了。不是，我们不是来杀徐小贤的吗？怎么和这女子给杠上了？显然是完成任务要紧。且慢，一个黑衣人话音刚出，却突然亡魂大冒。砰！纪仙儿就像一只愤怒的母鸡，她飞起一脚踹在了前面那黑衣人的胸口。就在徐小贤震惊的视线里，那黑衣人被纪仙儿踹飞足足两丈，他跌落在地上，浑身上下仿佛散了架一般。我勒个去，这小娘子好狠！ 其余三个黑衣人一呆，卧槽，点子扎手啊！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银子已经拿了，若是没有弄死徐小贤，这特么回去也是一个死。别怕，先解决这女的。三个黑衣人挥舞着棍棒，恶狠狠向纪仙儿围杀过去。纪仙儿手里的长剑寒光闪烁，她用剑格挡住了向她劈来的棍棒，大长腿如鞭子一般的甩了过去，一脚正中一匪人的面门。啊！那匪人捂着鼻子发出了一声惨叫。另外两个黑衣人手里的棍棒依旧向纪仙儿招呼了过去。 徐小贤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上，他又冲了过去，捡起了地上躺着的那黑衣人手里的棍子。他决定去救下那被误伤了的少女。这一刻，他无所畏惧，堂堂大男人哪里能眼睁睁看着那女子为他去死？姑娘别怕，我来也！徐小贤提着棍子就飞快冲了过去。不就是打架吗？这些人的武力值不是太高，至少不是戏文里演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强人。纪星儿一腿又踢飞了一个匪人，猛然一听徐小贤这句话。 这语气怎么这么熟悉呢？他迟疑了那么一息的时间，剩下的那个匪人一棍子敲在了纪仙儿的肩膀上，少女吃痛，嘶的一声裂开的小嘴儿，一个踉跄退后三步。徐小贤恰好赶到，砰，撞了个满怀。徐小贤连忙抱住了纪仙儿，他跟着连退了两步，一阵风起，吹动了少女的秀发，那秀发调皮的浮在了徐小贤的脸上，痒丝丝，香喷,喷喷，很是好闻。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抱着纪心儿的手落在了两处不合适的地方。 一片柔软，他的手因为紧张用了些力气，将那不合适的地方捏得很紧。季心儿忽然觉得有股异样，她垂头一看，面色通红，啊！一声惊呼，砰！少女的毫不留情的给了徐小贤一肘子，正中腹部。徐小贤就像煮熟了的虾一般松开了手，又连退了三步。徐小贤，你这登徒子，我要杀了你！徐小贤佝偻着腰，捂着腹部，那张清秀的一脸无辜的脸变成了猪肝色。我特么真不是故意的啊！这小妞，妈的！ 力气居然这么大！他咽了一口唾沫，看着一脸愤怒向他冲来的纪仙儿，伸出手里的棍子指了指：“你，你小心身后！”纪仙儿转身，一枪愤怒，用这一脚发泄了出来。那最后一个匪人正高举着棍子，这一棍子敲下去，这小妞不死也得晕。他空门大开，纪仙儿一脚弱电，砰！少女的鞭腿霸气凛然，一脚将这匪人给踹飞了出去。少女冲了过去，在那匪人落地的时候，又是一脚踩了下去。啊！惨叫声惊天动地。 少女转身而来，目瞪口呆的徐小贤吓得一个激灵。少女和他错身而过，在他的耳畔留下了一个字：哼。季星儿走入了三味书屋，取了五条绳索，绑住了四个人。其中一个见势不对，爬起来一溜烟跑了，将四个还在惨叫的人丢在了一堆。季星儿走到了徐小贤的面前，他用手帕擦了擦鼻子，又擦了擦眼泪，手里的长剑一闪，落在了徐小贤的脖子上。徐小贤感觉到的是一片冰凉。徐小贤，许繁之，这三更半夜的，你跑这三味书屋来做什么？ 说，不说，我一剑砍了你的脑袋。少女没有提那两抓之威，她还感觉到隐隐作痛，却羞于启齿。腹部的剧痛渐渐消失，徐小贤缓缓地直起了身子。我若是说恰好路过，你信吗？哼，你这人诡计多端，哪里有这妖巧的事？不过这一次是你撞了我，赔钱。徐小贤忽然觉得自己的思路跟不上这姑娘的节奏。我说，把剑放下了好吗？我又不是坏人。呵呵，你不是坏人，你有我银子。 难道你还是好人？另外，我那大白马的毛是不是你薅的？说，我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薅你的毛了？姑娘，咱们现在做正事要紧，赶紧将这几个匪人送去衙门。跑了一个，肯定是去通风报信了。我还想着问问这幕后的凶手。少女的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说，这群人本来是冲着你来的？其实我更希望是冲着你来的。这么说，本姑娘救了你一命，算是吧？那正好，拿银子来。你自己一条命值多少钱？自己估个价。 徐小贤从荷包里摸出了一个铜板，递给了纪心儿。纪心儿顿时瞪大了眼睛：“怎么，你的命就值一个铜板？多一个子儿也超过了我的命，不如你杀了我算了。”纪心儿一咬牙：“那我就杀了你！”不要！志蕊飞一般的扑了过来：“这位姑娘，要不要不你杀我好了？”哼哼，没想到啊，徐小贤居然还有人为你卖命，那本姑娘就成全了你们。纪心儿银牙一咬，手里的长剑咻的一声举了起来。徐小贤顿时亡魂大冒。 他没料到这姑娘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啊！眼见着那寒芒一闪，自己的脑袋就要落地，却听见又一个声音从他身后响起：“住手！”这是纪县令的声音。徐小贤提在嗓子眼的心未曾放下，却忽然一喜。砰！来福拿着一根棍子，一家伙敲在了纪仙儿的后脑勺。纪仙儿两眼一黑，手里的剑扑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然后扑通一声，他倒在了地上。快跑！主仆三人飞快的上了马车。来福一鞭子抽在了老马的屁股上。 老马吃痛，撒腿狂奔，消失在了梨花巷口。纪中弹赶了过来，他连忙扶起了纪心儿，看了看消失的马车，脸上直抽抽。特么的，徐小贤，对你小姨子下手也这么狠的！回到了府上，徐小贤沏了一壶茶，压了押金。回想刚才发生的那一切，他的后背不由得冒出了冷汗。那群匪,匪人显然是奔着他而来。今儿晚上若不是因为那小妖精，估计这小命可就交代在梨花巷子了。明儿个这梁意县会多出一个新闻：徐府那神经病死于非命。 志蕊坐在徐小贤的对面，稳了稳神，这才问道：“少爷，那姑娘明摆着是吓唬你的，你跑什么呢？”“是啊，我跑什么呢？要论起来，人家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刁钻了一点，但至少也应该问问他的名字，改日后寻个机会去登门道谢一番才对啊。虽然那姑娘和自己八字不合，但这恩情却是实打实的。倒是来福这厮，虽然机灵，但那一棍子下去，可不要将人家给敲傻掉了，不然这就是活生生的恩将仇报啊。改日吧。” 梁义县就这么大个地方，日后肯定还会遇见，到时候给这姑娘赔个不是，不丢人。再说我是怕丢人的人吗？将小妖精放在一旁，徐小贤眯起了眼睛，看得志蕊心肝一颤，那眼神有些吓人。来到这个世界近五个月，若是要说仇人，这特么用膝盖想也知道，只有那个周阎王。季县令来收了尾，那四个匪人肯定是被逮住带走了。这事很简单，只要季县令一审，背后的主谋便会浮出水面。这个仇当然得报。 只是，如果主谋真是周延望，这个仇要报起来就有些麻烦。那厮毕竟在凉州，自己还从未曾去过凉州，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厮弄死，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下毒。可毒这个东西，登山包里是没有的，那就想办法弄点毒出来。至于去凉州，荆轲相氏自己不正好要去凉州的吗？徐小贤阴狠地想着。志蕊打了个白子，觉得有些冷，他抬头望了望天，月明星稀。志蕊，帮我把来福叫来。好。 来福战战兢兢地来到了徐小贤的面前，那一棍子是他敲的，他不知道那姑娘的生死，那时候是在情急之中，他一心想的就是救出少爷，那一棍子敲下去，他就后悔了，万一那姑娘死了，他妥妥的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会被杀头的，怕死的来福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徐小贤的面前，声泪俱下的一把就抱住了徐小贤的大腿，少爷救我！你妹的！徐小贤心里暗骂了一句，但言语上却极为温和，你起来。 少爷一定会救你的，来福鼻涕眼泪一家伙就擦在了徐小贤的长衫上，无比感动的说道：“小人就知道少爷比我爹还疼我，小人多谢少爷了。”徐小贤整个人都不好了，我特么刚做的新衫子啊！行了，你想活命就给我起来。这话比什么都管用，来福一咕噜就爬了起来，恭敬的站在了徐小贤的面前。两件事你记住，其一，明儿个去寻个武器铺子买两张弓两把刀；其二，我现在列个方子，你明儿顺便按照这方子去周氏药堂把药给买回来。 来福愕然一怔，弱弱地问了一句：“少爷，您不是应该给我点银子，让我星夜离城去避避风头吗？”我操！徐小贤顿时看向了来福，人才啊！你去避了风头，万一那姑娘真被你丫打出了问题，我特么怎么办？死道友不死贫道，当然不能放这家伙走了。主仆二人互有算计，徐小贤决定先稳住来福。来福啊，你想想，那姑娘身手如此厉害，说不定还练过气功，你觉得你一棍子能将人家给敲死？再说了。 纪大人不是一心一意想要将他那女儿嫁给少爷我吗？若是你真敲死了那姑娘，少爷哪怕受点委屈，娶了他女儿，这样少爷我就是纪县令的姑爷了。你坐几天牢房，少爷自然会将你给保出来，怕什么？来福一听，好像是这么个理儿。若是这样背负着命案跑了，这辈子可没法抬头做人。但若是少爷将自己保出来，让他那岳父大人消了案子，自己就依然是清白之身。少爷为了我，宁可去跳那火坑。少爷果然大义。好，来福躬身一礼。 小人全凭少爷安排。另外，从今儿晚上起，你和志蕊就都搬到这主院来住吧。徐小贤担心匪人还有后手，前院距离主院可有点距离，来福在身边终究会放心一些。来福一听，顿时再次感动，差点又流下了眼泪来。瞧瞧，这就是自己的少爷，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少爷。他不但抗下了自己的尸首，还让自己搬进了主院。做仆人做到这份上的，天下能有几人？谢少爷。志蕊却撇了撇嘴，少爷。 这不合规矩。以后少奶奶进门，徐小贤打断了志蕊的话。少奶奶在哪里还不知道呢，但敌人却已经来了。等少奶奶进了门再说吧。主要是少爷我喜欢热闹一些，你们住在这主院里，能随时陪少爷我说说话，可消减一些心里的烦忧。对，少爷的心里记挂着百花村的村民们。今儿晚他不是对张桓公和季县令说过的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话的意思，志蕊懂了一丁点。不懂的地方是，少爷好像从来没有摸过扫帚。少爷是用心在扫。 难怪他心里会有烦忧，一定是这样。是夜，梁邑县衙门大牢里收入了四个匪人。周氏药堂的门被纪县令敲开了。经过陈欢、陈郎中的诊断，纪仙儿他脑子似乎出了一点问题。小贼，我要杀了他！小贼，我要杀了他！纪仙儿从醒来到现在，他重复的就这一句话。他面若寒霜，凶神恶煞，那张俏生生的脸上分明刻着两把剑，这令陈郎中打了几个寒战。是夜，就在兰桂坊里。 一个坐在大堂里喝着寡酒的中年男子得到了一个消息：行动失败，四人被捕。扯呼呼，扯泥妹，周少爷安排下来的事没有办妥，谁他妈敢回凉州？为啥会失败？他的对面坐着一个鼻青脸肿的黑衣人。徐小贤早已知道我们的计划，他在梨花巷子的三位书屋里藏着一个女高手。中年男子眉间一蹙：这么秘密的计划都泄密了，不应该啊！那女高手有多高？以小人之见，怕是有有三层楼那么高。 中年男子倒吸了一口凉气，扬起了脖子，心想：“还真特么高啊！”胆小如鼠的徐小贤没敢再出门，哪怕是在他这院子里，那根电击棍也一直别在了他的腰间。三天过去，五月初一到了，没有听见任何风声，就连志蕊出去买鸡，还刻意打探了一下最近梁邑县有没有发生命案，结果自然是没有。这三天风平浪静，只有隔壁时常有些动静。这时候，徐小贤忽然觉得隔壁有人来住是件天大的好事。 万一有凶人入宅行凶，吼一嗓子，隔壁估摸也能听见。就算不出手相救，但也能震慑一下匪人，不是？但命这个东西终究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更稳当一些。电击棍最多还能再用两三次，它就变成了个废物。所以这三天里，徐小贤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是练习射箭。至于刀，徐小贤不知道来福的脑子里是啥结构。他买回来的是两把六尺长的大刀，足足两米。关键是这大刀重约四十来斤，徐小贤这细胳膊细腿的，压根就抡不动。 所以那十两银子算是废了。人家那武器铺子好不容易才卖出去两把，哪里有退货的道理？这弓怎么说呢？黄杨木弓倒是轻巧，但要完全张开弓也颇费力气。徐小贤一次最多连射五箭就手臂酸麻，得足足休息半个时辰。说来说去还是这身子骨太单薄，好不容易爬起来跑步，现在还跑个屁！可别把小命给跑没了，还是在家里躺着实在。射箭这活，徐小贤发现自己颇有天赋。 或许是因为前世曾经经常用弹弓打鸟的讲究，他的箭射的还挺准的。做的那个箭靶，每一次反正不会脱靶。至于正中靶心，这就要看运气了。反倒是来福这狗东西，他嫌弃这弓没劲，居然喜欢上了那大刀。好吧，徐小贤觉得这样更踏实一些。只是这三日里，来福练刀之后饭量大增，有些不划算。五月初一一大早，徐小贤起床，觉得吧，卖蚊香这个事不能因为遇见这么一点小挫折就放弃了，得去一趟县衙。 一来是落实季县令答应的那山地，二来是问问季县令有没有审问的结果，三来张秀那货死了没有呢？他信步来到了闲云水榭，便听见了志蕊的吼声：“你舞刀就舞刀，把这些花儿给劈了干啥？你瞧瞧，这么好的花园被你糟蹋成什么模样了？连蝴蝶都没一只了！来福，你再敢劈坏了这些花花草草，我就让少爷把你赶出去。”显然来福气短，或许是因为少爷经常给志蕊加鸡腿的缘由，来福总觉得少爷更亲近志蕊一些。再说。 志蕊是个女人，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她来福拿什么和志蕊较劲争宠？没有听见来福说啥。前院只剩下了常威的哀嚎，估计是来福拿常威出气了。一家三口加一狗，这日常倒是欢乐。徐小贤去了一趟后院，看了看那一期土豆，这玩意儿似乎更适应这古代的土壤，长得比徐小贤预计的还要好，叶子已经疯了，看一眼看去绿油油一片。去了百花村得弄点农家肥，如此想着，他去了前院，隔壁又有多多的声音响起，不知道在干啥。 只是那翻墙而过的红杏又多开了三两朵，主仆三人用了早饭，又乘着那老马破车出了门，直奔县衙而去。隔壁纪心儿恶狠狠地瞪着那堵墙，手紧紧地握着剑柄，捏了又松开，松开又捏住，似乎极想将那堵墙给劈开了。纪玉儿瞅了一眼妹妹，你可别乱来，爹爹可是吩咐过的，这事儿你不能寻他麻烦。爹爹可是还指望着他做些政绩出来呢。哼，我就不明白了，他徐小贤一个神经病，能够帮爹爹做出什么政绩出来？ 就凭那蚊香。说到蚊香，少女有些气短。这三日里来，她亲自用过，别说点上那东西，还确实就没有蚊虫的烦恼了。这说明那蚊香很有效果。可偏偏这蚊香就是徐小贤送给父亲的。那天晚上，父亲说了许多徐小贤的好话，倒是把姐姐给听得心里欢喜。可听在自己心里，却不是个味道。就算你徐小贤真能凭着那蚊香带动百花村的村民致富，可你不应该让下人敲我闷棍吧？无论如何，我是救了你一命。 难不成还当真以为我那一剑敢砍下去？要不要这么傻？季仙儿咽了一口唾沫，摸了摸后脑勺，还在隐隐作痛。妹妹，姐给你说，许郎既然对先生和父亲如此说了，他就肯定能做到。所以呢，为了百花村的那些村民，这件事你就忘了吧。季仙儿杏眼一瞪：“啧啧啧，都叫许郎了，八字还没一撇呢。那群匪,匪人来路不明，爹爹都没问出个子午，但想也想得到，肯定是周阎王下的黑手。我说某人，周阎王这一计不成。” 下一次，下一次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再说，下一次徐小贤可以就没那么好的命，恰好遇见我了。季月儿蹙眉沉思，因为季仙儿这几句话是有道理的。徐小贤躲得过初一，可能躲过十五，可现在能怎么办呢？除非是让他多请一些家丁护院，出行的时候多带些人，也或者能够请到武林高手来保护他。武林高手，对啊，眼前不就有个武林高手吗？季月儿笑了起来，就像三月里的春阳。我说妹妹，给你个赚钱的差事，你干不干？ 纪仙儿摸着后脑勺，撇了撇嘴：“你还能有啥好差事？难道又是叫我去凉州进货？不是，姐姐，请你保护徐小贤的安全。”纪仙儿陡然瞪大了眼睛，看着纪月儿：“姐，你没有搞错？姐怎么会搞错？你不是说徐小贤很危险吗？可他不能死啊！他死了，爹爹怎么办？”纪仙儿更加惊愕：“他又不是爹爹的儿子，他死了关爹什么事？应该是他死了，你怎么办才对吧？”“不是，你听我说。”纪月儿脸蛋微红：“反正不管怎样，徐小贤不能死。” 你不是喜欢当游侠吗？姐，请你给他当保镖如何？你就不怕我和徐小贤日久生情？想啥呢？我要你暗地里保护他，这院子明儿个就可以搬过来住了。你呢，就住在这里。徐小贤有出门，你就悄悄跟着，反正他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不干！纪心儿干脆利落的拒绝了。他可是我的仇人，若是真有人来杀他，我可巴不得。一个月十两银子。四目相对，一片刀光剑影。纪心儿很快败下阵来，他银牙一咬，纪雨儿，算你狠。 成交，你还待在这里干啥？现在就开始，今儿个正好五月初一，好算账。纪仙儿摊开一只手，定金五两。纪月儿解开荷包，递给了纪仙儿一定五两的银子，必须保她无恙。嘻嘻，有本女侠出手，你就准备好剩下的五两银子吧。看在这么大的一笔银子的份上，纪仙儿将那深仇大恨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骑着大白马离开了这处府邸，在梁邑城到处寻找着徐小贤，生怕他被人给黑了。 徐小贤主仆三人来到了县衙，在杜师爷的带领下，徐小贤走进了季县令的官署。繁之坐，谢大人。季县令沏了一壶茶，有些愧疚的看了看徐小贤。那日晚上，那四个匪人倒是审了，他们也招供出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宋蛮子，是五花八门中挂门的人。徐小贤愕然一怔，五花八门是个啥？旁门左道，江湖中的玩意儿。五花指的是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行医的江湖郎中；水仙花就是酒楼歌女。 火金花就是玩杂耍的，土牛花指的是一些挑夫，这就是五花。至于八门，就是金、皮、彩、挂、平、团、吊、聊你沈视破案的那一套，就是典型的八门中的彩门的戏法。至于这个宋蛮子所在的挂门，就是江湖中卖艺的人。季县令一席话，顿时让徐小贤开了眼界。原本以为五花八门不过是个成语，没有料到他还真指的是江湖中的各行各业。彩门就是变戏法，也就是前世那些变魔术的人的祖师爷。 自己弄的那一套还真属于踩门。这宋蛮子是挂门的人，按照季县令的说法，这种人居无定所，很难缉拿。言下之意就是，此案可能会不了了之，抓不到宋蛮子，哪怕你我都怀疑背后是周阎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定周阎王的罪。所以凡之啊，这以后呢，你得当心着点。不过你现在在为百花村的村民们做事，也算是在帮我做事。所以呢，我将刘能、刘捕头给你，从现在起，刘捕头将和你寸步不离。五花八门有他们的规矩。 绝对不会和官府中的人为敌，所以有刘能在你身边，你大可以放心行事。这当然是个很好的事情。徐小贤连忙感谢了纪中谈，可站在一旁的刘能连脸都变绿了。本来纪大人是安排他在纪府隔着那堵墙保护徐小贤，有那堵墙存在，刘能觉得心里便踏实许多。可现在纪大人居然要让他贴身保护徐小贤，这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徐小贤不发病还好，可谁也不能保证这家伙不发病呀。他发起病来太可怕了。 刘能想着那天在杨柳巷的情景，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弱弱地问了一句：“纪大人，小人小人能拒绝吗？”刘能，纪县令语重心长地说道：“而今的徐小贤关系着百花村村民们未来的命运，待在婆枝的身边，这就是在帮助着百花村的村民们。再说了，婆枝有什么问题？本官觉得婆枝比任何人都正常，莫要再想着拒绝这件事。做好了，本县会记在心里。”刘能还能说啥呢？他心想，若是徐小贤正常。 那天晚上就不会敲二小姐一闷棍，下手那个狠啊，根本不知道轻重。刘能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怎么忽然觉得自己的后脑勺有点痛呢？他不知道那一棍子不是徐小贤敲的呀，他只知道二小姐嚷嚷着要杀徐小贤，那肯定就是徐小贤干的破事了。徐小贤对着刘能拱了拱手，一脸笑意，满是善意。刘大哥，从此以后我的小命可就交到你手里了，百花村数百口人的命运，季县令的前途可都交到你手里了，你可得接住啊！ 嗨嗨，季县 <laughs> <laughs> 令轻咳了两声，这话需要说的那么明白吗？还真需要。刘能得徐小贤这句话的提点，才明白季大人的深意。只是他不明白季大人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前途交到这个不靠谱的徐小贤的手里。无论如何，得在季大人面前表个态。于是刘能咬了咬牙，躬身一礼：“小人请季大人放心，只要小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保证徐公子安然无恙。”好，办好这件事，你前途无量。刘能大喜，心里的恐惧抛到了九霄云外。多谢大人。 嗯，婆枝要渠山前的五百亩地，渠山前都是荒地，没什么用。你和杜师爷一起陪婆枝去一趟，随便画画，多画点也没事，就画到婆枝名下。反之啊，那蚊香甚好，只是消耗起来也太快。你哪里可还有？晚生府上倒是还有一些，待会就请杜师爷给大人送来。另外，百花村蚊香作坊建成以后，这县衙里所有官吏的蚊香我免费提供，这是我徐小贤的一点心意，还请大人笑纳。纪中谈那双小眼睛微微眯了一下，咧嘴笑了起来。 你小子倒是有心了，本官就带他们先谢你。徐小贤这只小狐狸心里的算盘，自然瞒不过纪中谈这只老狐狸。不过这本就是徐小贤故意为之。梁邑县整个县衙的官吏加起来也不过二十来人，他要在这梁邑县卖蚊香做生意，首先当然是和官府打好关系。这是前世的经验，这一世可少走不少冤枉路。铺子找好了没有？纪中谈决定送佛送到西，便问了一句：“还没去找呢。如果大人有知道合适的。” 晚生可买可租，嗯，杜师爷，待会一并把这事帮婆枝解决了，把三位书屋隔壁的那间铺子收回来，待会就收回来。婆枝的蚊香可在那铺子去卖，至于租金，等卖了之后再说吧。季中谈心里当然有打着小算盘，将徐小贤那铺子安排在玉儿隔壁，两人总是会见面了吧？万一水到渠成，岂不是两全其美？徐小贤不知道呀，他很欢喜，一来是因为铺子的问题解决了，二来是因为隔壁有个女侠想来给他道个歉，送点蚊香什么的，这仇也救了了。 还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对了，大人，张秀那厮啊，忘了告诉我张秀那厮被提到凉州去了，恐怕。季县令指了指头顶，想来你也知道，张秀是中书舍人徐瑞徐大人的人。凡之啊，这件事你最好先忘记。另外呢，你最好经常去桃林小筑坐坐，毕竟桓公是你的义兄。徐小贤秒懂，他起身躬身一礼，那晚生先去落实作坊用地的事。大臣明示张桓公是徐小贤的义兄，这个消息显然震惊到了杜师爷和刘能。 张桓公来到梁邑县足足六年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位从长安告老而来的大人物。他可是曾经官居从三品的荧光禄大夫，这已经够吓人了。而更吓人的是，这位张桓公以往还当过长安书院的院长。官场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就是传承。而今大臣有多少官员出自张桓公的名下？恐怕就算是张桓公自己也弄不清楚。反正杜师爷和刘能知道，冀中谭纪大人曾经就是得张桓公的举荐而为官的。虽然仅仅是个小小县令。 但也是正儿八经的大臣七品官了，这样大人物居然和徐小贤结为了忘年之交，这足以说明徐小贤有过人的本事。只是这徐小贤究竟有什么本事呢？他们知道的就是徐小贤审事破案，还有就是卖了几道菜品方子给淡水楼。骑着马的刘能看了看前面那辆老马破车，心想：莫非徐小贤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强大能力？坐在马车里的杜师爷显然比刘能想的更多，毕竟去岁徐小贤是考中过解元的，这便是大才华。 或许正因为如此，入了张桓公的法眼。如此看来，徐小贤这家伙也是前途无量了，得好生把他的事办好。对了，县令大人不是说他要的那山地本就没用，随便取之吗？那就划给他千亩，算是结个善缘。坐在最前面那辆老马破车里的徐小贤也很高兴。大家都是明白人，一点就通，这样很好，以后办事更加方便。季县令也是舍得，送了一个捕快，还送了一处铺子。上道啊，以后去张桓公那里得吹吹季县令的好。 花花轿子得人人来抬，这样才能你好我也好。可惜的是，张秀终究没有弄死匪人之事，目前来看也无疾而终。慢慢来吧，正当途径拿那周延望没办法，歪门邪道总是有机会的。如此这般，各有心思。一行人来到了百花村，主仆三人下了车，来福牵着常威。常威听见了村子里有母狗的叫声，他顿时激动了起来，往前一窜，拉得来福踉跄跑了三步。来福手里的绳子一勒，常威人立而起。 汪汪汪汪！就是一阵狂吠，然后徐小贤就看见那村子里冲出来了一条白花狗，那白花狗跑到了桥头，和常威隔河而望。可惜那白花狗太瘦弱，毛色杂乱，长得不太好看，常威似乎没看上眼。白花狗哪里见过这么雄壮威武的公狗？它小心翼翼走过了这石桥，小心翼翼地接近了常威。常威发出了呜呜的警告声，白花狗迟疑片刻，抬起狗头来，一脸期疑，还含情脉脉的看着常威，然后再次小心翼翼的接近。 他来到了常威身边，嗅了嗅常威的气味，又绕到了常威的身后，他居然嗅了嗅常威的屁股。常威尾巴一夹，转头就是汪汪汪一顿吼。白花狗满脸委屈的退到了一旁，蹲在了地上，忐忑的看着常威。常威高傲的仰着狗头，没有再看那瘦弱的花狗一眼，而是抬起一条腿来撒了一泡尿。徐小贤乐了，这特么的狗都这么讲究的？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来：“东家，是东家吗？” 徐小贤转身，李大爷扛着锄头走了过来。看到真的是东家，还带着一个捕快，他顿时有些局促。这个东家不一般，他懂得这农事，这才几天时间，居然又来了，是担心我侍候不了这片田吗？这可是一家子糊口的来源，东家可千万不要看不起我，将这片上田给了他人去耕种啊！东家又来看田了，不是田有你侍候着我放心。李大爷，今儿我是出来溜溜，要不去你家里坐坐？这李大爷迟疑片刻，东家身份尊贵。 小老儿那家里，家里乱得很，怕污了少爷您的眼啊。或许是曾经的工作习惯，徐小贤喜欢和这样的农人聊天，他也没有往多里去想，笑道：“怎么，不欢迎我这个东家？啊，不是，真不是。那就好，带路去你家里瞧瞧。”李大爷满脸纠结，但他能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是不能得罪东家的，不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杜师爷也下了马车，他很是好奇的看了看徐小贤，不明白徐小贤要跑去这农户家中干什么。泥腿杆子的家里。 能有啥好瞧的？李大爷带着徐小贤一行向村子走去，一路都有农人们和李大爷打着招呼。他们更多的是看着跟在后面的徐小贤等人。徐小贤穿着的可是朱家布行买来的缎面绸衫，虽不是苏锦，却也价值三两银子一匹。再加上智蕊的手艺，这衣服便显得颇为惹眼，一看就是一个富家公子的模样。关键是徐小贤身后跟着个带刀捕快，另外还有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看来那公子定是大户人家的少爷。村民们就挺好奇了。 因为他们的东家基本是收成的时候来看看。喂喂喂，你们听说了没有？李大爷家的田换了主人？这样啊，上次好像看见的就是这少爷。可惜了，原来那个女主人多好，简直是菩萨心肠啊！可不，我家还种着那女主人的一百二十亩田呢，这也算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不然哪里能够遇见这么好的主子？你们说，李大爷家里现在这情况，那少爷若是知道了，他会不会收回这六十亩的田？这可不好说，毕竟，毕竟。 还是李东那家伙不懂事，可怜了李妞妞，才八岁。若是这少爷真将这田给收了回去，李大爷一家三口可怎么活啊？李大爷老了，家里就一个老婆子带着一个药罐子孙女，说起来是一家三口，但所有的活儿却几乎都落在李大爷的肩膀上，着实有些可怜。乡里乡亲的，插秧的时候还是乡邻们帮的忙。李大爷家的秧插在最后，长得也最差。这东家哪里会愿意再将那田交给他种？这恐怕是最后的一季了。唉。 许多的村民们心中叹息，无法想象李大爷没有了田种，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徐小贤一行加一狗跟着李大爷走入了百花村，那白花狗一直跟在常威的屁股后面。一行人穿过竹林，走到了村东头，来到了一间破落的草屋旁。李大爷放下了锄头，双手搓了搓，很是紧张的低声说道：“少爷、差爷，这这就是我家。”他从屋檐下取了几张矮凳子，用袖子仔细的擦了擦。“少爷、差爷，你们请坐。” 然后他对屋里吼了一嗓子：“老婆子，东家来了，去烧点开水。”东家来了，屋子里走出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妇人。老妇人的腰有些佝偻，穿着也是破破烂烂，头发用一条黑得发亮的布缠着，还散发着一股子酸味儿。她紧张的将双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抬眼看见了刘能，连忙又后退了两步，小意的说道：“东家、差爷，请坐。”徐小贤坐了下来，笑道：“烧水就不必了，李大爷，你也坐下，咱们聊聊天。” 老妇人依然不安地去了偏房，恐怕是烧开水去了。李大爷也局促不安地又取了两条矮凳子给了智蕊和来福，他坐在了草垫子上。杜师爷看着这房屋的破落模样，微蹙了一下眉头，不动声色地坐在了徐小贤的身后。刘能一瞧，也坐了下来，不知道这徐小贤要和这老农聊个啥。家里有几口人？回少爷，就小老和老婆子带着一个生病的小孙女。徐小贤眉间一蹙：“你儿子媳妇呢？”李大爷面容落寞，一声叹息。 儿媳妇去年死了，去年四月去渠山里采药，结果失足落下了悬崖，还没抬回家就断了气。儿子，东家让您笑话了，家门不幸。这个孽子去年五月也走了，说是去凉州闯荡。李大爷摇了摇头，一声长叹：“闯荡，他当了足足十年的兵，倒是会些拳脚功夫。前两年退役，原本还在家侍候田地，可这一走，眼见着就快一年了，农忙都没回来过，连书信都没有一封。小老儿就当他死在外面了。这”这徐小贤就很不好意思了。 他没有料到会揭了李大爷的伤疤，于是他问了一句：“你孙女得的是什么病？治不了？有没有请郎中看看？”李大爷似乎有难言之隐，他不太想说这个事。多谢少爷问候，那都是命啊。徐小贤反而来了兴趣，他懂得一点中医的皮毛，万一自己能够帮上李大爷一把呢？你说说，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帮点忙。这李大爷垂下了头，想了片刻，觉得这事儿也瞒不过东家。这百花村的郎中就是我本家侄儿。 我那孙女去岁春开始犯病，请他来看过，说是肺痨。肺痨，这话一出，杜师爷和刘能一家伙就站了起来，毫不迟疑地跑到了院坝里。智蕊也吓得站了起来，连退了三步，就连来福都牵着常威后退了五步。徐小贤也吓了一跳，因为肺痨这玩意儿可是会传染的。这是在这古代，肺痨是个要命的病，和风寒、天花并列的存在。只是他没有起身，依然坐在凳子上，神色严肃，很是认真的问道：“都是些什么症状？” 咳嗽咳得厉害，有没有咳血？这个倒没有。有没有痰？有痰。起初的时候还好，现在现在痰多而黏，一咳起来还时常会出现呕吐，怕是时日不多了。徐小贤皱起了眉头，这就不对了，这和肺痨症状有些不一样。再说了，按照这古人的防疫水平，张大爷和张大娘怎么就没被传染上呢？就在徐小贤思索的时候，杜师爷说话了：“樊殖离远点，这病要命。”杜师爷以为徐小贤不知道这肺痨的厉害。 好意的提醒了一句，却没料到徐小贤却冲着他一笑，说了两字：“无妨。”志蕊眼睛都看直了，少爷的胆子真大，他居然不害怕，好像还很专业的样子。难道少爷还懂得治病了？你那本家侄儿就没叫你将你孙女隔离，就是隔开的意思。你去看你孙女的时候也没有戴面巾。有说少爷放心，小老进出我孙女的房间都会戴上面巾。小老和老婆子照顾我那小孙女这么久了都没事。李大爷忽然后悔对东家说了这事。 肺劳啊，这东西会惹人，惹上了就医不好。现在东家知道了，他他会不会收回那些田呢？你别紧张，我再问问你，你孙女多大了？刚满八岁。去岁什么时候发的病？去岁三月，刚发病的时候是不是有打喷嚏、流鼻涕和低热现象？三五天之后，这些症状缓解，但咳嗽开始加重，然后越于咳嗽时甚至会出现痉挛，就是抽筋。李大爷仔细一回想，顿时一惊，对对对，和少爷说的一般无二。 现在他的咳嗽主要是发生在夜间，一旦咳起来就止不住，基本都是连续咳几声甚至几十声。对对对，少爷，啊，我那孙女夜里几乎难以安睡，一旦发作就仿佛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他才八岁啊，这才一年左右时间就瘦的皮包骨头。哎，徐小贤基本否定了肺痨这个诊断，这些症状更像百日咳，只是百日咳不治疗也会要命的。这小丫头的命倒是挺硬。要想进一步确诊，他还需要听音，带我进去看看。不行，这是志蕊的声音。 少爷，那是肺痨，一旦惹上，估计就连华神医也治不好。我知道，志蕊，把你手绢给我。万一给我，没什么万一的，别怕。志蕊嘟起了嘴儿，不甘不愿地将手绢递给了徐小贤。这可是他自幼陪着一起长大的少爷啊，他他好不容易才活了过来，这封病还没好，万一再惹上一个肺痨，志蕊捏紧了衣摆。倒不是少女没有怜悯之心，而是这病太可怕。杜师爷和刘能都看傻了，这徐小贤果然脑子有问题。 他非但没有躲避，他居然还要进去瞧瞧。这事儿得告诉季县令一声，大小姐可千万不能嫁给徐小贤啊！走，带我去看看。李大爷惊诧地站了起来：“少爷，这这不好，危险！”杜师爷也上前一步，再一次提醒道：“徐公子，你不能进去。”徐小贤淡定自若，他没有理会杜师爷的劝导，而是看着李大爷说道：“放心吧，少爷，我是华神医的徒弟，华神医知道不？咱们大臣治病最厉害的那一个，我不保证能够治好你孙女。” 但总得让我望闻问切之后再说吧。我操！刘能的手不知觉的握着了刀柄。这徐小贤的病，莫非是又犯了？他居然敢大言不惭的说是华神医的徒弟，他这是要坏了华神医的名头啊！杜师爷一拍脑门，更加绝望。他悠悠一叹，心想：季县令也不知道是怎么被徐小贤给骗了。对了，还有张桓公老大人，难不成他也老眼昏花，看错了人？一定是这样，正常人哪里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李大爷的心里却燃起了希望。 他不知道华神医是谁，但既然是神医，那医术肯定了不得。这少爷居然是华神医的弟子，若是他愿意伸出手来，说不定我那孙女真的有救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希望这位少爷能够去看看他的孙女，却又担心真把这少爷给惹上了，可如何是好？内心挣扎了片刻，他还是摇了摇头：“少爷，您的心意小老领了。若是少爷有个三长两短，小老这贱命也抵不了。”徐小贤沉默了，这就是农人的淳朴，他喜欢的也就是这样的淳朴。 当年去百花村扶贫，他不是心甘情愿的。可自从在百花村待了三个月之后，他就喜欢上了那里，因为那里的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质朴，是在城里极难看见的。他生在城市，却喜欢上了农村，在百花村一待就是三年。他在百花村实实在,在在地做了许多事，实实在,在在地带领着百花村脱离了贫困，绝对不是像某些村镇那般敷衍了事。这就出自于他内心的对农民的尊重。这辈子又来到了这个叫百花村的村子，又遇见了千古不变的淳朴农民。 他现在还没有产生带着他们致富的这个伟大想法，他现在就想看看李大爷的孙女，若真是百日咳，他恐怕能够帮上一二。那我自己进去了。说完这话，就在杜师爷、刘能和智蕊震惊并恐惧的视线中，他起身就踏入了这低矮的门。莱弗纳斯在和常威较劲，白花狗带着一条黑公狗来了，常威正在汪汪大叫，想要挣脱脖子上的绳索去战斗。徐小贤走入了屋子里，里面的光线很是阴暗，有一股霉味，并没有一股子的药味。 想来这样的家庭也是没钱去医治的，所以这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穷人，一旦得个什么麻烦点的病，要么抗住，抗不住，基本是就是死路一条。他用手绢捂住了口鼻，走入了一间更黑的小房子，里面有咳嗽声传来，然后有一个弱弱的声音响起：“奶奶，我想出去晒晒太阳，好不好？”徐小贤怔了一下，若是百日咳，这样关在屋子里是很不好的。李大爷也走了进来，他低声说了一句：“妞妞。” 不能出去，可嗨嗨，爷爷回来了呀！嗯，爷爷请了个神医来给妞妞治病，妞妞一定会好起来的。说着这话，李大爷点上了放在床头柜子上的油灯。妞妞眯起了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这才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少年坐在了他的床前。这是神医？不是说神医都是白胡子老爷爷一样的吗？爷爷这是在宽我的心。小小女孩裂开嘴，努力的笑了一下。我这病我知道治不了，爷爷您就别费心了。再说。 妞妞知道咱们家也没钱抓药，可还咳？徐小贤一阵心痛，多么懂事的小姑娘，得尽量治好她才好啊！妞妞又捂着嘴剧烈的咳嗽了起来，徐小贤侧着脑袋非常认真的听着。等妞妞咳完了，他说了一句：吸气，深呼吸，呼气，吸气，呼气。然后他听见了明显的鸡鸣样的回气声，这是典型的百日咳症状。妞妞是不是觉得呼吸有些困难？妞妞看着徐小贤点了点头。来，我扶着你坐起来。 他收起了手绢，将妞妞扶了起来，靠在了床头。这样呼吸是不是觉得顺畅很多？嗯，妞妞放心，少爷我能治好你。妞妞的眼睛顿时闪烁出了一抹暗淡的光芒。真的，真的，若若少爷真能治好妞妞，妞妞一辈子做牛做马服侍少爷，那就这么说定了。说完这话，徐小贤揉了揉妞妞的脑袋，转身走了出去。李大爷也跟着走了出去，心情有些激动，却又担心这是一场梦。 来到了屋子外面，徐小贤看着李大爷说话了，说得很认真，完全没有了平日了那玩世不恭的模样。首先，妞妞这并不是肺痨，而是百日咳，你得将妞妞弄出来晒晒太阳，增加一些抵抗力。其次，生活上得开好一点。徐小贤从袖袋里取出了那个绿色的荷包，从里面取了一锭二两的银子，放在了李大爷的手上。这是妞妞卖到我府上的定金，用这银子给妞妞多买些好吃的，鸡蛋多买些鸡蛋，蒸成鸡蛋羹，饮食以清淡为主，忌油腻。 买点米给妞妞熬成米粥，然后明儿给我带我过来，教你怎么熬。杜师爷就惊呆了，看徐小贤煞有介事的模样，难不成他还真懂得治病？志蕊也捏紧了衣摆，他咽了一口唾沫，心想少爷又在胡言乱语了，他哪里懂得治病？府上压根没有一本医书，他一定是在宽李大爷的心。少爷那么吝啬的人，居然给了李大爷二两银子，少爷这是慈悲心肠啊！李大爷伸出了手，哆嗦的接下了这二两银子，因为家里没有几个铜板。 但少爷既然说妞妞需要吃鸡蛋，家里是供不起妞妞吃鸡蛋的。若是少爷真能治好妞妞，妞妞去了啥也府上当丫头，总比夭折了好。小老儿多谢少爷，你可别谢我。还有一件事，少爷要交给你做，请少爷吩咐，带我们去渠山下看看。县太老爷给少爷批了一片山地，这地方你熟，去帮少爷我长长眼，选块好点的山地。徐小贤顿了顿，看着李大爷笑了起来。少爷，我要在那建一间作坊，但我很忙，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少爷，我在百花村的管家了。月钱一百文。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令李大爷愣了许久。一百文钱啊，还是每个月一百文？对于这样贫寒的家庭，这显然是一笔巨款。这笔巨款就这样落在了李大爷的头上，让他仿佛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一般。杜师爷又看了看徐小贤，这小子冲动了呀！他那银生八字还没一撇呢，这工钱却开出去了。万一那生意赔了本，算了算了，他那脑子本就不太好使，由他去吧。 一行人在李大爷的带领下来到了百花村后面十余里的地方，站在了一条小河旁。徐小贤抬头望去，看见的就是巍峨的渠山，清脆的渠山绵延不知道多少里，山上一片苍翠，完全是古木参天的模样。就在渠山之下，一条小河蜿蜒而来，这条小河正是流向百花村村前的那条河。按照李大爷的说法，这条河起源于渠山之中，他活了六十来岁，无论多么干旱的年份，这条河从未曾断流过。 渠山下是一大片望不到头的斜坡，斜坡上有山石，山石间生长着许多的灌木林。少爷，这样的地开荒都无啥大用。李大爷说着这话，随手挖了一块泥土摊开来。少爷您看，这是沙土，沙土难以保存水分，无法种植小麦、粟米。少爷您再看看，李大爷捡了一根棍子，在这地上掘了一个池许深的洞。少爷您瞧，都是沙土，下面还是沙石，土壤贫瘠，作物无法保水生根。所以，徐小贤笑了起来。 这简直是给土豆量身定做的土壤。土豆和其他的农作物不一样，它的果实在地下形成，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疏松透气的沙土。这地方是南坡，光照条件极好。待到秋天，将这坡地上的灌木、衰草一把火烧了，再深翻一遍，来年最多用农家肥追肥一次就能丰收。土豆的灌溉不要多少水，这旁边恰好还有一条河，到时候弄几家水车，挖几条灌溉渠，这事儿就算解决了。然后自然是等着丰收卖了之后数银子。 简直不要太美好。不过他心里的欢喜并没有表露在脸上，而是附和着李大爷摇了摇头。是啊，没什么大的用处。不过见作坊倒是无所谓。说着这话，他转头看向了杜师爷：“杜师爷，您看着办，你画多少给我都行，反正慌着也是慌着，尽量多给我一点。养鸡不错，既然没啥用。”杜师爷大手一挥：“刘捕头，你上马去跑一圈，圈住的就是许公子的地了。”刘能一听，这主意好。既然这破地方没用。 那不如卖个人情给徐小贤，老子就把这圈子跑大一点。于是刘能翻身上马，打马而去，看不到影子了。杜师也有些惊诧，不过转念一想也无所谓，这破地方就算全划给徐小贤也没关系。他若是能够将那蚊香卖得好，作坊也有个扩大的地方不是？没有人想到徐小贤要地的目的是用来种土豆，至于蚊香，好吧，这玩意儿盖一个三五百个平方的茅草屋就足够了，连李大爷住在这里的屋子都有了。过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刘能跑了回来。 马儿还在喘气，看来跑得不慢。杜师爷，小人跑了差不多有两千来亩地吧？四个脚小人插了棍子做了标记，你觉得如何？这还能如何呢？杜师爷取出了一张梁义县地契，又摸出了一支毛笔，在嘴里舔了舔，在这张文书上画了一个长方形，备注道：“兹有渠山下山地两千亩，由梁义县赠与徐小贤，此后为徐小贤私地，年固定收取二两银子税赋。”梁义县县衙正。然后他取了一方印章，啪的一家伙盖在了这张文书上。行了。 这就是你的了，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我得回衙门交差了。杜师爷将这文书递给了徐小贤，徐小贤拿过来一看，印章盖的是纪中坛的名字。莫说这纪县令对自己还真的好，可惜他生的那副尖嘴猴腮的模样，不然当他女婿也是不错的。他小心翼翼的收起了这张地契，对杜师爷拱了拱手：“杜师爷慢走。”“嗯，你自得忙着吧。”杜师爷转身回去，他压根就没想过徐小贤能够将这么一大片的坡地折腾出一朵花来，在他看来。 这就是随手送出去的一个人情。至于徐小贤开那蚊香作坊能不能赚钱，杜师爷还没见过蚊香这个玩意儿，他单单觉得凭着徐小贤那脑子，估摸着是赚不到钱的，不赔钱就不错了。杜师爷坐在了马车了，哼着小曲，愉快的往县城而去。徐小贤这时候才拉着李大爷，带着志蕊和来福，在刘能的带领下，花了足足一个多时辰才走完了他的这片地。徐小贤震惊了，刘能好人啊！他一把握住了刘能的手，刘能顿时一哆嗦。 身上的汗毛咻的一家伙就立了起来，杨柳巷子的阴影至今萦绕在他的脑海。徐小贤又来这一招了，你放手！徐小贤紧紧地握住刘能的双手，眼神热情地令刘能站立。刘大哥，多谢了，徐公子，放手！刘大哥，你这辈子都是我徐小贤的大哥，不是？你能不能先放开手？马的！刘能哪里敢当徐小贤的大哥？他心想，若是当了徐小贤的大哥，这辈子恐怕都会活在噩梦之中。徐小贤松开了手。 一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刘能恰好在这时间往后用力，他噔噔噔连退三步，本来能够站住，却被一块石头一盘，他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这地上可不是像杨柳巷那般平整，地上多是乱石，这一屁股下去，刘能顿时生不如死。这徐小贤就是老子的克星，纪大人还要我贴身保护他，只怕他没事，我刘能却嗝屁了。徐小贤不是故意的呀，他就很无辜了。他连忙走了过去，想要将刘能给拉起来，哪里想到刘能翻身而起，退后五步，手还握着了刀柄。 你别过来，这个神经病！徐小贤撇了撇嘴，没再过去，而是对李大爷说道：“咱们去你家，就在这个地方。”徐小贤随手一指，在这里建一处长十丈宽六丈的茅草屋子。走走走，去了你家里，我给你详细说道说道。一因事情丢给了李大爷，还顺手取了一百文钱作为李大爷本月的工资。徐小贤一行人回到了梁邑县，他再一次来到了周氏药堂。这一次，他是真的来抓药的，为了李大爷的孙女李妞妞。 踏入周氏药堂的大门，徐小贤微微一怔，人有点多呀、啊。前来抓药的人里面，某一个不小心在人群中看到了徐小贤，那人顿时大呼起来，就像看见了一只猴子一样，他很是激动：“喂喂喂，徐小贤，你们看他是不是徐小贤？”徐小贤这个名字，而今在梁义县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些矛盾。一方面是这小子裸奔那是实在震撼，觉得这可怜的书生这辈子废了很是可惜；另一方面又因为他审时断案，让百姓们心里有些顾忌。 总觉得能够吓到阴曹地府通灵的人身上似乎有着飘渺的鬼气，于是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徐小贤的身上，许多人甚至还后退了两步。喂喂喂，你特么踩着我的脚了！前面那么空，你们都往这后面挤什么？徐小贤不是说了他没有了通灵的能力了吗？你们还怕个鸡毛？是啊，这小子被那狗血一泼，那阴风的来的通灵能力没有了，那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少年。于是人群渐渐安定了下来，但视线依旧落在徐小贤的脸上。 华神医不是给他开了方子的吗？听说他卖了几道菜品方子，给淡水楼赚了些银子，恐怕是来取药的。女儿啊，看看他就是徐小贤，别看生的一副好皮囊，可莫要被他的表象骗了。他是个病人，还砍了周阎王一刀，莫要同情他什么，他也不是个什么好人。这街坊的嘴是肯定管不住的，说啥都有。虽然小声，但这大堂也不大，自然悉数落在了徐小贤的耳朵里。智蕊抿了抿嘴，很生气，视线落在了药堂里的药刀上，一副蠢蠢欲动的模样。 徐小贤毫不在意，他甚至伸出了一只手来挥了挥。大家好，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臣玉面小郎君徐小贤，很高兴认识。切，这个神经病！幸亏这世界的人还不知道竖中指的含义，否则徐小贤一定会看见密密麻麻一片中指。周氏药堂的掌柜周玉被惊动了，他连忙走了过来，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徐小贤又来干啥？他可是问过家主的，大小姐周若兰和这小子一文钱的关系都没有。家主说，大小姐绝无可能嫁给一个有脑疾的人。 所以那天徐小贤和大小姐不是打情骂俏，而是真的在拌嘴。幸亏今儿大小姐没来。周玉迎了过去，脸上堆起了笑意：“徐公子有何事？”“哦，取笔墨纸砚来，我要开个方子。”这话一出，围观的群众顿时哗然。他说要开个方子，难不成他还是个郎中？也许这就是久病成医。不是，我儿曾经和他同窗，说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就算是久病成医，他也没可能开出什么方子呀。有人好奇。 有人觉得这就是个好看的笑话，有人摇了摇头，为徐小贤这般哗众取宠一声叹息。周玉也有些纳闷，上一次徐小贤开的那方子简直就是瞎写，他完全弄不明那方子针对的是什么病，甚至他还和药堂里的郎中共同探讨过。许久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特么也是神经病，居然会去研究一个神经病写的药方。现在徐小贤又要开方子，好吧，这是人家的自由。周玉招呼小二取来了笔墨纸砚，徐小贤提着笔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沉吟三息，他落下了笔。 桑白皮十克，黄芩十克，贝母六克，半夏六克，苏子六克。脸皮比城墙还厚的徐小贤忽视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吹了吹纸上的墨迹，乐呵呵的将这方子递给了周掌柜，帮忙看看这里面的药可齐全。周掌柜的接过来，还是仔细的瞧了瞧。咦，这张方子就有点意思了。他脸上的神色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他本就是老中医，此刻正在仔细的琢磨这道方子。这越琢磨，他这心里就越是惊讶。徐公子。 这方子看这些药材之药性，多为舒经理肺、止咳平喘之功效，却和千金药方中的方子偏偏又不一样。周玉看着这方子摇了摇头，眉间微蹙，抬眼看向了徐小贤，敢问公子，这方子它究竟是治疗什么疾病的？徐小贤能怎么说呢？这是治疗百日咳二期症状的偏方。知道这个方子，还是因为曾经那百花村村长的小孙女得了百日咳这个病，恰好看见了那老中医开这个方子，恰好这个方子治好了那小姑娘。不是和你说过吗？ 本公子乃是华神医的弟子，这是华神医传授给本公子的药方，其余的你就别多问，取药吧。这是规矩，哪怕他心痒难耐，人家只要不愿意解释这药理，他就没有资格去问。何况还是名震天下的华神医，这华神医的名头一搬出来，周玉就闭上了嘴。其余围观群众一听，也大吃了一惊。华神医可是大臣第一神医，哪怕华神医从未曾在这小小的梁邑县坐诊过，但人的名术的影，他们听过呀，还如雷贯耳。 华神医确实给徐小贤看过病，难不成他还收了徐小贤为弟子？莫非这徐小贤天赋秉异，虽然得了精神异常之症，却有极高的医学天赋？这就很难说了。若是这徐小贤当真是华神医的弟子，能得华神医几分真传，那可就是了不得的郎中了。谁家没个头痛脑热，谁敢得罪郎中？于是众人看着徐小贤的目光起了变化，那视线居然有些炙热起来，里面有五分羡慕，三分崇拜，两分敬重。公子稍等。 周玉噼里啪啦的拨弄着算盘，很快他开了口：“徐公子，这方子一副一百文钱，原本的账目你那家丁上次买药已经抵扣完了。您看，前两日徐小贤叫来福来买了许多制作蚊香的药，当然其中还掺杂着别的，主要是卤味。徐小贤想吃卤鸡了，减五十副，五两银子。”徐小贤一脸肉痛的取出了银子，这特么的是一百只鸡呀、啊！不行，得让李大爷赶紧将这银子给本少爷赚回来。来福抱着一大包的药放在了马车里。 徐小贤带着志蕊离开了周氏药堂，周玉还在蹙眉看着这张方子，看了许久。他带着这张方子走入了诊堂，他总觉得这张方子的药理搭配很有讲究，但他确信这不是千金药方中的方子。难不成这当真是华神医传给徐小贤的？若是徐小贤当真是华神医的弟子，是不是该劝说家主，请家主出面让徐小贤去考个行医执照？若是有徐小贤在这周氏药堂坐堂，有华神医这个金字招牌，周氏药堂的生意完全可以拓展到凉州城去。 周玉的心思儿活络开来，但这之前得确定一下，这方子究竟是治什么病的？他究竟有没有问题？梁义县的朱仲举正在他的院子里发着脾气：“本少爷的旺财呢？你们这群狗东西，把本少爷的旺财溜去哪里了呢？找不回来本少爷的旺财，老子打断你们的狗腿！那是他养了足足五年的狗啊！这群王八犊子就这样把他给溜没了，这都过去大半个月了还没找到，只怕凶多吉少。”朱仲举看着那豪华狗宅。 还有那狗盘子里的被旺财啃得光溜溜的猪骨头，悲从心起。却听门房来报说苏公子来访，再去找，活要见狗，死要见尸。他对着这群家丁吼了一嗓子，这群家丁顿时如蒙大赦，作鸟兽散。他才一声叹息走了出去，看见的是一脸喜意的苏家少爷苏平安。朱兄，听说纪家那二位千金今儿个就要搬去梁月巷子那宅子里去了。苏少的消息很灵通啊，在下也是昨儿才听表妹周若兰说起，这可不是个好消息。朱兄何出此言？ 朱重举一声叹息：“你知道的，那宅子隔壁住的就是徐小贤。我想，三月三那晚在淡水楼吃了那两道菜，怕是把月儿给吃出了好奇心来。可那婚书已经退了，退了还可以再理，苏兄啊，这些日子在下多次邀请月儿，可人家不赏脸啊。在下知道苏兄对那纪心儿有意，这非在下不帮忙，实在是约不出来。”朱重举双手一摊：“若是寻常百姓家的女子，倒还好办。” 可这二位是县令的女儿，她可不敢去动了坏心思。苏平安却笑了起来：“既然今儿个他们搬家，咱们以这个由头去他们那院子里朝贺一番，不知道朱兄意下如何？”至于徐小贤，他不过就是做的一手好菜罢了。再说他那风病可没好，季月儿也仅仅是好奇，哪里可能当真嫁给了他？朱仲举能怎么说呢？你苏平安是眼睛瞎呀、啊？季月儿如此明白的心思还看不出来？他为啥急急忙忙的买下那院子？他又为啥急匆匆的整理好了那院子？ 表妹周若兰昨儿来，可是劝他死了那份心，因为季月儿的心思已经全放在了徐小贤的身上。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朱仲举在得到那消息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世界都是灰色的。周若兰说，徐小贤的诗词文章天赋之高，实在罕见。当初在淡水楼，季月儿就抛出了徐小贤做的两首诗词。他这个半文盲不知这诗词的好坏，可苏平安懂啊。苏平安自然是盛赞了那两首诗词，甚至下来还无比遗憾地说：“说若不是徐小贤那病。” 他甚至会将徐小贤介绍给他妹妹苏菲认识一下，想来他那心比天高的妹妹说不定会对徐小贤另眼相看。这特么的，简直就是给朱仲举的心口插了一刀。对江南四大才子都打不上眼的苏府千金，居然可能会对徐小贤另眼相看。早知道做事有如此大的好处，我特么当年怎么就不好生读书呢？昨儿表妹来又给他补了一刀，这伤口至今还未曾愈合。周若兰说，徐小贤又做了一首名为《长相思》的词，令季玉儿柔肠寸断、神魂颠倒。现在的季玉儿。 哪怕是九头牛也无法再拽回头了，还能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放弃。朱大少倒是个洒脱之人，他看着苏平安悠悠一叹：“苏兄不知，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季玉儿是铁了心的要寄给徐小贤，从此我与玉儿之间再无缘分，便当个朋友吧。”苏平安不知旧里，他也不会安慰人，便又捅了朱仲举一刀。我也觉得季玉儿和徐小贤蛮配的，一个郎才一个女貌，若不是徐小贤有病，确实是天作之合。不是。 今儿晚上要不要去给月儿小姐乔迁庆祝一番？去，为啥不去？下午我去淡水楼订一桌席面，送到季府。好，那就这样愉快的定了。到时候我再去拜访一下徐小贤，能有他同桌，这才完美。这两个公子哥倒是愉快的定了。徐小贤也在这时候愉快的来到了凉月巷子。咦，隔壁在搬家？下了马车，徐小贤看见隔壁的大门口停着一溜马车，还有许多人正在往里面搬着东西。 骑在马上的刘能看了看，心想：“这是县令大人的大小姐搬家了。大小姐住在了徐小贤的隔壁，也不怕被人非议，倒是一番痴情。可惜了，他尚不知道徐小贤的可怕。这样也好，作为邻居，他能够更多的了解徐小贤。若是他知道徐小贤已经病入膏肓，恐怕就会放弃。”志蕊，隔壁乔迁，咱们是不是得送点什么？志蕊抿了抿嘴：“少爷，咱们家好像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也是，不过作为近邻。” 这关系还是得出的融洽一点，要不就给他们送几盘蚊香。就在徐小贤如此想着的时候，梁月巷子的那头跑来了一匹大白马，大白马上坐着一个嚣张的火红的人。徐小贤连忙一个闪身进了自己家的门。那小妖精来了，说好的给那小妖精道个歉，可徐小贤没来由的心里一紧。那小妖精的大长腿太厉害，脾气还很火爆，自己这小身板怕是不够给他盘的。算了，还是过些日子他淡忘了那事再给他道歉吧，免得触了他的霉头。 看来隔壁和那小妖精有些关系，那和隔壁搞好关系，暂时就免了。季县令给了自己一个捕头，这刘能看起来傻乎乎的，身手也不怎样。若是有匪人，得让这刘能冲在最前面。卤鸡，徐小贤将一因事情抛在了脑后，这时候没有什么比卤鸡更重要的事了。来福，将药放好之后去杀鸡。志蕊，鸡别剁了，待会少爷我来教你怎么做卤鸡。姐，你真这么急着就要搬过来？站在这打理的干干净净的宅子里。 季心儿难以置信的看着他姐姐，隔壁可就是徐小贤，姐姐的心思儿路人皆知啊，他这是非得要吃回头草，他他真的是个疯子。季心儿决定尽自己最后的努力再劝说一下姐姐，毕竟是姐姐啊，真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他跳入那火坑里。买这院子就是为了他，你莫要再劝我。这梁月巷幽静，他就在隔壁，我很喜欢。另外，季月儿的视线落在了季心儿的脸上，狡黠的眨了眨眼睛。 爹爹不是苦于无儿，想要招一赘婿吗？姐姐寻思这担子得落在你的肩膀上。季心儿眼睛一瞪，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你说由我来招婿？是啊，你是妹妹，为父亲分忧，这不是一番孝道吗？那为什么不是你？”季月乐,乐了，一脸明媚：“妹妹啊，你看哦，你洗刀剑，拳脚有些功夫，这召回来的夫婿方可镇得住。姐姐我弱不禁风，万一那夫婿要翻了天，姐姐如何收拾得了？再说了。” 季月儿的视线在季星儿那鼓鼓囊囊的地方不做痕迹的一扫而过，你那地方可比姐姐大多了，有你招婿也更容易一些。别反抗，这事儿不急。你召回来了，夫婿姐姐就将这院子送给你们，如何？那你住哪里？我吗？季月儿看了看那堵该死的墙，心想：我现在该是近水楼台了吧？我还不信拿不下你徐小贤。我自有去处。我……这涉及到孝道问题，季星儿就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了。可她心里不想啊，她想的是嫁给一个威武大将军。 人家大将军这样的身份，怎么可能入赘？季玉儿没有理他，径直走入了主院，指挥着下人们摆放家具。忽然，他那小巧的鼻子使劲的嗅了嗅，咦，卤肉的味道，好香！他站定了脚步，又看向了那堵该死的墙，心想：这墙上啥时候能够开一道门呢？季星儿自然也嗅到了这味道，他的眼睛一亮，看了看墙边的那棵榕树，嗖的一家伙就窜了上去，就像一只敏捷的猴子。红衣少女手脚并用，几下就爬到了榕树那茂密的树冠上。 他看向了隔壁那只可恶的大黄狗，在那前院逡巡。他正在凄凄哀哀地接近厨房，想来他也闻到了那香味儿。就在这时，里面有个声音传来：“常威，今儿个给你啃个鸡头。”季仙儿便看见一个鸡头从厨房里飞了出来。那条叫常威的狗一个虎扑咬着了那鸡头，摇着尾巴屁颠屁颠地去了他的那木头屋子。这条狗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呢？季仙儿就纳闷了：徐小贤养狗这才多久？若是从小狗养起，这短短的大半个时间，哪可能长那么大的？ 越看那狗越眼熟，片刻，少女想起来了，朱家朱大少不是在满城找他的狗吗？对，这常威就是朱仲举养的那条旺财。少女咬了咬嘴唇，冷笑了两声，嘀咕了一句：“好你个徐小贤，原来是你偷了朱仲举的狗，本姑娘一定要揭发你这恶行。”一根竹竿捅在了少女的臀部，纪仙儿低头一瞧，纪雨儿正仰望着她，喂喂喂，看够了没？看够了就下来，去铺你自己的床。纪仙儿一家伙跳了下来，瞪了姐姐一眼，别乱捅。 还能捅坏，要不我捅你试试？快去快去！季仙儿转头望了望那堵墙，去了属于她的西厢房。季玉儿也看了看那堵墙，又望了望这棵大榕树，心想应该听娘亲的。小时候若是和妹妹一起跟着娘亲习武，我也能爬得上去。隔壁的徐小贤撸好了鸡，他走出了厨房，也望了望那堵墙。一朵，两朵，三朵，七朵。隔壁的那棵红杏伸过来的枝条上开了七朵鲜艳的花，很好看。对了，得去翻翻那登山包。 李妞妞的百日咳进入了第二期，单单凭着这方子恐怕难治好。看看有没有抗生素之类的药。志蕊，徐小贤冲着厨房里的姑娘喊了一嗓子：“把饭焖锅里就行，鸡让它在锅里继续卤着。去把后院里少爷我以前读过的那些用于科考的书整理一下，叫来扶去搬到主屋子里来。好”好咧，志蕊的回答软软甜甜，因为他心里欢喜。少爷终于要读书了，看来少爷说今儿八月要去参加科考是当真的。 改天得叫少爷去一趟竹林书院报个名。徐小贤离开了前院，回到了主院。他从床下拖出了那登山包，将那鼓鼓囊囊的登山包里所有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其中有一个塑料口袋，里面装的全是药。秦若曦，你做事真是细致，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打开塑料袋，他眼睛一亮，他看见了一盒药——红霉素片。这是个好东西，还正好能够应了妞妞的病症。想了想，他从这药盒中取出了一板，放在了一旁。 将其余东西又塞入了登山包，然后他的视线落在了床上一粒玉米。他没工夫去想啥时候这登山包里落下了一粒玉米。他又将所有东西掏了出来，将登山包倒了过来，使劲的抖了抖，什么都没有，就特么一颗玉米。这又是祖宗级别的神器啊！死了心，徐小贤将所有东西塞入了登山包，将登山包又塞到了床底下。他将那把红霉素片放入了袖袋里，拿着这颗玉米，就像拿着钻石一样，来到了后院。 五月初一，要说起来，播种玉米已经晚了一些，但这北境之地的气温还并不高，到正是时候。他取了一把锄头，在后院的那一起土豆旁边挖了小小的一块地，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这颗玉米种了下去。他杵着锄头，一脸期许地看着这小小的地，希望这玩意儿能够在这一世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明儿个去百花村给妞妞送药，得弄点农家肥回来。玉米这个玩意儿比土豆略娇贵。就在徐小贤在后院捣鼓玉米的时候。 隔壁的红衣游侠儿实在无法忍受这诱人的香味，他再一次窜上了那棵榕树，仔细的观察了一番，取了一根棍子，他跳到了隔壁。常威吓了一大跳，他紧紧汪的叫了一声，红衣少女手里的棍子，砰的一家伙就敲在了狗头上，常威狗眼冒星星的倒了下去。刘能一脸震惊的看着纪家二小姐，嘘<噓>，纪仙儿对刘能说道：“别嚷嚷，你就当啥都没看见。”可我真的看见了、啊。刘能垂头就走，离开了前院。 是非之地呀、啊！红衣少女忽然发现自己简直有当游侠的潜质。她看了一眼晕过去的狗，又看了看自觉离开的刘能，她咧嘴一笑，左右张望了一下，一个闪身就进入了厨房。徐小贤，你敲我闷棍，我敲你的狗一记闷棍，这是不能抵消的，所以再吃你一只卤鸡，算是给本姑娘补补。季希儿揭开了锅，穷鼻一簇，哇，好香！这味道可比街上那些卤味铺子里卖的香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难不成又是徐小贤捣鼓的什么秘方？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座未开发的宝藏啊！若是姐姐真嫁给了他，少女在美味面前改变了原本坚定的立场，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帮姐姐一把，促成他们的好事？比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将徐小贤敲晕，然后将他弄去姐姐的闺房。这之前得再给他喝一剂催情的药，这东西周若兰她家药铺里肯定有。如此一来，生米煮成熟饭，她徐小贤还逃得出姐姐的手掌心？ 少女为自己的这个主意感到自豪，但现在还是先吃鸡为妙。她取了筷子，将那整只的卤鸡给夹了起来，放在了盘子里。她端着这盘子，正要逃离案发现场，来福恰好走了进来。他贼头贼脑的四处瞧了瞧，很好，少爷和志蕊都没在。今儿个我先扯条鸡腿来尝尝。季星儿躲在了门背后，来福轻手轻脚的走入了厨房。他乐呵呵的搓了搓手，拿着灶台上的筷子往锅里一捞，咦，鸡呢？ 纪仙儿一手端着鸡，一手举起了棍子，砰！一棍子敲在了来福的后脑勺，来福晃晃悠悠的倒了下去。纪仙儿慌忙端着鸡，一家伙就噔噔噔窜到了那堵墙上。他一只手抓住了墙头，大长腿在墙上一蹬，他翻了过去，砰的一声落在了隔壁的院子里，吓了纪玉儿一大跳。你，纪玉儿无比震惊的看着纪仙儿，嘻嘻，啥都别问，吃鸡，好吃鸡。志蕊在后院整理好了一英书籍，实在是太多了。 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样。来福，来福，无人应他。志蕊来到了主院，少爷正在主院的闲云水榭里喝茶。来福，来福，这家伙跑哪里去了？可能在前院。哦，我这就去叫他。志蕊就像一只蝴蝶飞去了前院。徐小贤正提着笔在一张纸上画着，他画的并不是蚊香作坊的图纸，而是画的造纸的流程图。这个世界的纸太贵，用棍子擦屁股真的不舒服。记得前世有句名言。 说懒人改变了世界，徐小贤觉得这话极对。为了过得更舒服一些，他现在决定在蚊香正式上市销售之后，在渠山前的那一大片地上弄一个造纸作坊。渠山里有取之不尽的树，百花村的后面还有密密麻麻的竹林，这些玩意儿都是造纸的原材料，当然得利用起来。毕竟这个世界没有乱砍乱伐要坐牢的风险。要造出纸来，首先要打浆。这个世界的科技术显然还点不出蒸汽机，那就得用到水车，所以。 得先造出水车来做动力源，这个玩意儿没啥难度。虽然没看见百花村的村民采用水车灌溉，但只要会木匠活，有这图纸就能弄出来。于是他细致的画了一架水车的示意图。这图还没有画完，前院突然传来了智蕊的惊呼声：“少爷，少爷，不好了！咱们锅里的鸡，它又飞走了！”徐小贤一听，大吃一惊，他放下了笔，向前院跑去。常威已经爬了起来，就是狗头还晕乎乎的，走几步路直窜。来福也爬了起来。 他摸着自己的后脑勺，一脸茫然。我不就是想吃个鸡腿吗？怎么还有生命危险？怎么回事？志蕊咽了一口唾沫。我来前院叫来福，没人应。我就看见常威躺在地上，然后我进了厨房，就看见来福也躺在地上。然后那锅盖被揭开了，里面的鸡没了。徐小贤皱起了眉头。这特么是第二次丢鸡了。来福说：“是不是你偷吃了鸡，伪造了这现场？”来福就郁闷死了。我倒是想要来偷鸡吃的，啊，可鸡鲁城啥样我都没看见，好不好？少爷。 说来你不信，小人我就是想进厨房瞧瞧，结果还没来到灶台边就被敲了闷棍。对了，一定是有贼人进来咱们院子，贼人肯定是有的。不过这会儿贼人只怕早已逃之夭夭，哪里还能找到？徐小贤深吸了一口气，站在了厨房外的院子里。常威可怜兮兮地在徐小贤的腿上蹭了蹭，然后冲着那堵墙汪汪汪狂吠了几声。常威有看见那贼人啊，只是他说不了话，能怎么办呢？徐小贤看向了那堵墙。 难不成隔壁住的是能高来高去的江湖高手不成？这贼人也是奇怪，怎么就偏偏和我的鸡过意不去呢？难道他也喜欢吃鸡？对了，刘能呢？他应该在前院的啊，这时候跑哪里去了？来福，去将刘大哥请来，就说开饭了。刘能这时候在后院，他能怎么办呢？季县令的二千金跳墙而来，就是为了吃徐小贤一只鸡，自己总没可能为了徐小贤出卖二小姐吧？他决定眼不见为净，干脆躲去了后院，就当自己没看见。 来福找到了刘能，二人来到了前院。徐小贤看着刘能，一脸的抱歉。本来今儿个刘大哥出来我这府上，想着请刘大哥吃卤鸡的，却没料到这卤熟的鸡它偏偏飞了。刘大哥，你说奇怪不奇怪？这特么的，当然只能奇怪了。算了算了，不就一只鸡吗？报案衙门也不会受理的，整点别的来对付一下吧。刘大哥似乎知道这鸡飞走了。刘大哥，你嘴角还有油。刘能下意识的抹了抹嘴，才看见徐小贤意味深长的一笑。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志蕊，咱们弄个红烧肉来下饭。刘能整个人都不好了，我特么没有偷吃你的鸡啊！可徐小贤就以为刘能这家伙偷吃了他的鸡，他想的是不就一只鸡吗？这以后要用到刘能的时候很多，那自然就不能把这事儿挑明了，大家心里有个数，这样最好。隔壁的姐妹二人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鸡，这时候正吮着指头回味。姐，你嫁给徐小贤之后，得把他这一手厨艺给学到手。为啥？他若是夭折了，咱们至少还能有美味享用，不是？ 季星儿没心没肺地说了一句，季玉儿顿时瞪了他一眼：“不许你诅咒他！”哟，护犊子呢？我就护了又怎样？两只小母鸡刚吃完鸡肉就要战斗起来，却见周若兰风风火火的跑了进来。玉儿，玉儿，周若兰跑进了主院，还没跑到这凉亭下，忽然一怔，小鼻子抽抽，什么味道？好香！你晚来了一步，刚吃完了。于是周若兰看见了一堆鸡骨头，那再做一只呗，我也还没吃午饭呢。 季心儿嘻嘻一笑，仅此一只，真没了。啥情况？季玉儿有些不好意思的指了指那堵墙，隔壁做的。周若兰顿时瞪大了眼睛，这么快就这么熟了？季玉儿能怎么回答呢？总没可能说妹妹去隔壁偷来的吧？于是她岔开了话题，问道：“你跑这么快，有啥事？”哦，对了，我打听到了一个消息，隔壁那个今儿一早去了一趟衙门，然后带着杜师爷和刘捕头去了一趟百花村，据说。 你爹将渠山下的一片山地划给了他，足足两千亩呢。听说他要在那地方做什么？文香，你们知道不知道？文香姐妹二人知道，但徐小贤要那屁用没有的山地来干什么？两千亩那么大，若是建作坊，那得多大？这肯定没可能。蚊香就是驱蚊的东西，他送了一些给父亲，效果很好。至于那么多的山地，那可是贫瘠的沙地，估计也就是父亲给他的一个人情。毕竟前面他帮父亲破了那案子。季月儿如此一说，周若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应该就是这个理儿。对了，今儿个他又去了一趟我家药铺，听说又开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就连我们家那些坐堂的郎中都研究了许久，还是不能确定是治什么病的。他在药堂说他是华神医的弟子。月儿，华神医真的收了他当弟子？周若兰这话一出，季玉儿顿时张开了嘴，季仙儿瞪大了眼睛，这怎么可能？那日张桓公和华神医确实去过徐小贤的府上，也见到了徐小贤，可徐小贤却拒绝了华神医的复查。若是华神医收了徐小贤为弟子， 这么大的事，张桓公肯定会说的呀。可张桓公仅仅说了徐小贤的那些话，觉得他就是一个看透了人生百态、求的是逍遥快活的少年。所以徐小贤断然没可能是华神医的弟子，他撒谎了。但他为啥要撒谎呢？这话若是传出去，华神医从长安归来，立马就会知道，这谎言自然就会被戳穿。他徐小贤当真不要脸面了。季仙儿正要否定，季玉儿却说话了：“这件事或许是华神医和他之间的私事，我和他之间尚未说上几句话。” 哪里知道真假？这事儿不重要。心儿去吩咐厨房做几道可口小菜。若兰既然来了，待会父亲回来，我们也算是庆祝一下。哦，可我觉得没饿了呀。季玉儿瞪了季心儿一眼，心想你吃了大半只鸡，当然没饿了。可父亲饿了呀。哦，好吧。季心儿起身走了。季玉儿一把握住了周若兰的手，左右瞧了瞧，面色忽然一红，低声问道：“你家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能够让这里……”季玉儿指了指那地方，让这里变大一些。 周若兰一愣，然后笑了起来：“你呀，这哪里是要能治的？这得靠他自己长大。”季玉儿顿时失望，撇了撇嘴，嘀咕道：“那就是没救了。”“也不是，我听说，听说成了亲之后多揉揉，他又会长大，弄不好会很大。”“真的？”少女的双眼顿时星光灿烂。“反正我是听来的，有可能吧？”“怎么？嫌小？”季玉儿坐直了身子，有些不自在：“心儿总是拿这个欺负我，不说这事了。今儿开始我就搬这地方来住了，以后常来。” 嗯，对了，我那表哥说晚上来庆祝你的乔迁之喜，他在淡水楼订了一桌席面送来。那位苏公子提了一嘴，说想要邀请徐小贤，你觉得如何？我和他真的不熟啊，他对我有些误会，我不大好出面。我去也不合适，那天在药堂，他可是没给我留一点面子，我怕看见他就生气。算了，暂时也别请他，反正是邻居了，以后机会多的是。是这么个理儿。两个女子没有再说徐小贤，而是说起了闺中的悄悄话。 正午时分，季县令回来了。他坐在了凉亭里，看了看那堵墙，转头对季玉儿说道：“为父做主，把三位书屋隔壁那间铺子租给了繁枝。纪”季玉儿一怔，他要做生意，他不是要做蚊香吗？总得有个地方卖，不是？伯父，你觉得他那蚊香能有销路？周若兰问了一嘴，她很是好奇蚊香这个东西。季中谈捋了捋那两撇八字胡须，点了点头：“销路是肯定不愁的，只是这蚊子到了九月末也就没有了。” 剩下的这小半年也不知道繁殖干什么。爹，真不去参加科考了？听桓公说他会去考，但他求得是一个举人身份，也就是说，哪怕他真考中了，他也不会去当官。婆枝这小子心性坚定呀。其实他不去当官是个好事，他毕竟有那病，官场破事儿多了去，他万一控制不住自己发了病，那恐怕会惹来弥天大祸，还不如在这梁邑县就这样过一辈子。对了，杜师爷回来说，徐小贤那店户叫什么？张大爷，他那孙女得了肺痨。 这可是会传染的不治之症，可樊芝非但没有害怕，还去了那小姑娘的房间里，说是为她诊断一番。顿了顿，季县令微蹙着眉头，看了看一脸震惊的女儿和周若兰，又道：“婆之说，那小姑娘得的不是肺痨，而是百日咳。这小子啥时候又会看病了、啊？他若是看走了眼，人家真是肺痨，他一家伙惹上了，这该如何是好？”周若兰眼睛一亮：“伯父，今儿徐小贤从百花村回来之后，就在我家药堂开了个方子，估摸着就是治疗这百日咳的。” 他还说他是华神医的弟子呢，或许他真会看病。季羡令一怔：“华神医的弟子？没听说啊！”荒唐！这小子又在搞什么幺蛾子？不过，若是这小子真把那小姑娘给治好了，季羡令眯着小眼睛，脑瓜子转得飞快。这是不是说明了徐小贤真懂医术？或许他那病已经痊愈。可是他原本是个书呆子呀，怎么忽然之间不读书了，反而就像开了窍一样呢？中午美美的睡了一个午觉，徐小贤在花香鸟语中醒来。 他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在闲云水榭中将造纸术的各个环节给设计了出来。造纸不难，弄出那些造纸的器件也不难，难在画画。这玩意儿他真不专业，所以这一叠纸上的字很漂亮，那些图却很丑。徐小贤很是肉疼。这虽然不是宣纸，可普通的纸张也很贵啊。这一叠纸用去了十张，足足两百文钱，四只鸡。妈的，无论如何得赚回来才行。志蕊安静地坐在一旁，时而探着脑袋瞧瞧，时而绣绣花。 他不知道少爷在做什么，他只知道这样的岁月静好。他瞟了旁边的花丛一眼，又看见了一只白蝴蝶和一只黄蝴蝶在花间翻飞，没来由的脸一红，看得徐小贤莫名其妙。刘能抱着刀，靠着水榭的柱子坐着，他也不知道徐小贤在干什么，只是觉得这样的日子有些无聊，心想这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尽头，下次得弄点卖力来。坐在这里喂鱼不错，或者钓鱼。来福在捂着他的大刀，毫无章法，但气势不错。常威在一旁活蹦乱跳。 也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恐惧。夕阳映红了半边天，此间好一副闲适和谐的景象。该考虑晚饭吃什么了。志蕊，让来福再杀一只鸡，今儿晚咱们做一道白切鸡。就在这夕阳中，苏平安和朱仲举二人的马车来到了良月巷子。二人下了马车，看了看徐小贤府邸的那间关着的门，叩响了季玉儿家的门。下人问询之后，来到了主院通报了一声。季玉儿和周若兰一同迎了出去。两位公子好。 月儿小姐好，我俩厚着脸皮来了，还请月儿小姐勿怪。继月儿灿烂一笑，看得朱仲举眼都直了。两位公子能光临寒舍，可令小女子这寒舍蓬荜生辉啊！快快请进。四人走入了主院，在凉亭里坐下。子儿取了茶具，煮上了一壶茶。苏平安看了看那堵墙，问了一句：“在下想请请隔壁那位，不知月儿小姐可觉得方便？”这肯定不方便呀！中午才偷吃了人家的鸡，再说这婚书可还没送出去呢，这见了面多尴尬。 所以，继儿俩儿一红摇了摇头。今儿听说他去了一趟百花村，和一个村民家的孙女接触过。那孙女据说得的是肺痨。小贤有接触过，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请他过来的好。这话一出，吓了苏平安和朱仲举一跳，二人面面相觑，心想：幸亏没有贸然去敲徐小贤的门，万一这家伙惹上了肺痨，再把自己给传染上，那可不得了。这病可不是有银子就能活命的。苏平安心有余悸的摇了摇头，难以理解的说道：“这家伙怎能如此不小心？” 朱仲举连忙附和道：“可不是吗？我说句院你不想听的。”朱仲举指了指自己的脑子，很是认真的说道：“他这里真的有问题。”我知道你对他的心意，但是朱仲举一脸的纠结，他想要再为自己争取一下，可他的话还没有出口，就被妓院给堵了回来。朱少爷，我和小贤之间有很多事，你们外人不明白的。说着这话，他拧着茶壶斟了四杯茶，但“外人”这两个字却彻底让朱仲举闭了嘴。既然是外人。 那么不就说明他季玉儿和徐小贤是里面的人了？至少季玉儿已经将自己当成了徐小贤的那人。你们的好意，我再一次心领。但我得对你们澄清一点：无论徐小贤得了什么病，无论有没有得治，他就是我心中唯一的良人。我欢喜的是他的思想，欢喜的是他的文采，欢喜的是他看透人生后的那份豁达。他将茶递了过去，脸上洋溢着毫不掩饰的幸福的光辉。他没有矜持，只是有些羞怯。这羞怯来自于不太足的底气。那家伙至今未曾接下那份婚书。 若是论起自己，这其实是一厢情愿。但他不接那份婚书，却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而是他在为自己考虑。所以他才是最善良、最无私的人。文青少女完全误会了徐小贤的想法。徐小贤拒绝这婚书的缘由，完全是因为他爹季中谈的模样。他或许活不了多久，但在我看来，这并不重要。若是他真的去了，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怜悯、同情，因为我永远不会为我自己的选择后悔。请喝茶。 苏平安顿时对季玉儿刮目相看。他确实难以理解季玉儿为何对徐小贤一往情深，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季玉儿的佩服。明明知道徐小贤有病，明明知道徐小贤将不久于人世，他依然如此执着的选择了徐小贤，这叫什么？这不是愚蠢，而是对爱情的坚贞。这样的女子，当然值得他苏平安佩服。于是，苏平安站了起来，对着季玉儿躬身一礼：“在下汉言，苏公子大可不必，就当我是飞蛾扑火。” 为的仅仅是那刹那光华，这样的刹那便是永恒。我希望徐小仙能够无恙，并预祝你们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朱仲举悠悠一叹，人家都白头偕老了，自己还想啥呢？他倒是看开了，好吧，我这就是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了。玉儿，我也祝福你们。多谢。苏平安再次坐下，因为季玉儿将这话给说敞亮了，此间的气氛反而轻松了起来。他好奇地问道：“他跑去百花村做什么？”季玉儿浅笑道。 说是要开设个蚊香作坊扶贫，扶贫就是帮助百花村的村民们致富的意思。解释这句话的时候，继儿的脸上满是骄傲，因为他觉得徐小贤在有生之年要做的这件事是一件值得他为之骄傲的事。因为先生对徐小贤此举也赞赏有加，先生说徐小贤的那句话令先生觉得这大半辈子都白活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生有救国救民之崇高理想，而徐小贤却将这远大的理想落在了实处，哪怕是小小的百花村，这却是他迈出的关键的一步。 就在朱重举疑惑于徐小贤这一举动的时候，隔壁传来了一阵汪汪汪汪汪的狗叫声。他豁然转头看向了那堵墙，这狗叫声怎么如此的熟悉？再叫，再叫，今儿晚就把你炖来吃了。一个粗鲁的声音传来，狗叫声戛然而止。朱重举站了起来，深情地望着那堵墙。那个夜里，妓院的府邸一桌席面吃到了亥时，一桌人以季中谈为首，谈论着当今时事，也谈论着商业前景。 但更多的还是说着关于徐小贤的事。苏平安仔细的听着季中谈的话，徐小贤的形象再一次刷新了他就有的观点。他才明白徐小贤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那蚊香成本就大致在五十文钱，他说就卖五十文，只要能够让百花村的村民们赚到微薄的人工费就足以。你们不知道婆枝这个人啊，他气舒而开窍，他还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啊。蚊香是个好东西，这院子里就然找两盘，是不是没有蚊虫了、啊？ 苏平安和朱仲举和周若兰这才发现，果然没有受到蚊虫叮咬。这东西是个了不得的神物。若是别人发明了这玩意儿，首先想的肯定就是赚钱。唯有繁之，只有繁之想到的是让百花村的村民来做这个东西，让他们赚到钱。这便是高风亮节，这便是实实在,在在的为百姓谋福利。我这个县令季中谭捋着他那两撇八字胡须，悠悠一叹：“我这个县令不如繁之也。”朱仲举忽然觉得很是愧疚。 心想，难怪季玉儿心念念向着徐小贤。原来不仅仅是徐小贤的诗词文章，还有他那宽阔的胸怀。自己家里为梁义县首富，自己随时在淡水楼吃着一两银子一桌的席面，可自己何时想过老百姓？那些泥腿杆子值得自己去想吗？但现在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他忽然明白了，原来为老百姓谋福利可以得到别人的敬重。朱家大少爷不缺银子，他觉得自己缺少别人的尊敬，于是。 他问了一句：“伯父要建一处作坊，可没那么容易。不知道徐小贤可有什么困难？我等可帮助一二。”季县令小眼睛滴溜溜一转，无论如何，徐小贤是他定下的女婿，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徐小贤往里面砸银子呀。再说，徐小贤口袋里能有几个银子？那可是两千亩待开发的山地，这需要多少银子？于是他摇了摇头，说道：“他呀，多大的困难都自己在扛着，就连我，他也不肯相求。但我知道他缺银子。” 在朱大少爷的心里，叫他去管理个作坊，这肯定有点问题。但若是说银子，这显然就是个小事。伯父，他缺多少银子？季县令也不知道呀。他心里的小算盘噼里啪啦一波，估计得三百两银子。这好说，这三百两银子算我的，我也为咱们梁义县那百花村的村民尽一份绵薄之力。等的就是这句话。但老狐狸季中谈显然不会一口答应下来，他有些踌躇，依旧捋着那两撇胡须，艰难地开了口：“贤侄啊，这可是一笔巨款。” 徐小贤肯定是不会借的，因为买那蚊香他没有利润，他拿什么来还你？朱大少一听，胸口拍的山响。小侄不是借给徐小贤，小侄是送。无论如何，小侄也是这梁义县土生土长的人。徐小贤能够为梁义县那百花村的村民着想，我朱仲举别的帮衬不了什么，但这银子还请伯父帮忙转告徐小贤，三百两银子我朱仲举认了。明儿小侄就送到衙门，请伯父转送于他。纪中谈啪得一拍桌子，贤侄高义。 我纪中坛就先代徐小贤谢过贤侄，来来来，我敬贤侄一杯。朱仲举顿时有些晕乎乎，县令大人给他敬酒了呀！果然助人为快乐之本，果然银子能够买来快乐。不行，后面得寻个机会再问问徐小贤，可还需要银子。朱仲举和纪中坛干了一杯，纪玉儿偷偷的乐，纪心儿瞥了朱仲举一眼，果然是人傻钱多。这一夜宾主尽欢，纪中谈毫不吝惜的夸赞了朱仲举忧,忧,忧国忧民的大义。 朱家大少爷豪掷三百两，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尊重的感觉。只是在离开季府的时候，隔壁的狗叫声再次勾住了他的视线。他总觉得那声音很是熟悉，就像他养了多年的旺财。这令他站在那堵墙边驻足了时息。季府凉亭，季玉儿煮上了一壶茶，给父亲和妹妹斟了一杯。一弯新月挂在了天空上，大红的灯笼映红了少女那张美丽的脸庞。月儿啊，眼见着就到端午了。 竹林书院的这场端午文会，今年与往年有些不一样。季中谈端起茶盏吹了吹，又道：“因为桓公要在这场端午文会上举荐一名少年，这个风声已经放出去一些时日了。为父估计，整个凉州都已经知道，所以前来参加这场文会的学子会很多。今儿个才初一，凉邑县的客栈据说都已经有学子入住了。爹听说水阳县的那个什么大才女柳烟梅也会参加，还指明了要在这场文会上和你较量一番。你可得好生准备准备，虽说和桓公的举荐无关。” 却关乎你的名声啊！另外呢，爹还听说凉州城北秀书院也会派人前来，他们可是冲着那个举荐名额来的。这一次咱们凉邑县呀，莫要说魁首，恐怕前三的名额都占不到一席。季玉儿对这件事并没有那么上心，和柳烟没有什么好比的。自从见了徐小贤的诗词之后，他已经生不起作诗的念头。至于先生的那名额，那也是徐小贤不要的东西。这些世俗之人却抢破了头，所以还是徐小贤才看得透彻。北秀三杰总没可能来参加吧？ 还真说不一定。若是他们也来了，这诗会的盛况倒是能更上一层楼。只是咱们梁邑县的才子恐怕难入前五了。季心儿忽然眼睛一亮：“爹，姐姐，你们不是说徐小贤的诗词可入文风阁吗？若是有他出马，这文会的文魁岂不是就会落在他的头上？虽然他不受那举荐，却能为咱们梁邑县的学子们争回一份脸面啊！”季中谈一怔：“对呀、啊，怎么把徐小贤给忘记了呢？”季玉儿却瞪了季心儿一眼：“他他不是要忙那闻香的事吗？” 无妨，为了梁邑县的荣誉，纪中谈决定请张桓公邀请徐小贤。也就一天的时间，徐小贤若是拔得头筹，爹作为梁邑县的一方父母官，这脸上也会多几分光彩啊！徐小贤的跑步计划被那一场袭击彻底给断绝了。他脑子可没毛病，冒着生命危险去跑步这种事情他还做不出来。一大早起了床，一番洗漱之后，他在前院练习射箭。可别说，他射箭的技艺还越来越好。 只是臂力不足，哪怕是最弱的黄杨木弓，现在他也一次最多射出六箭就得休息。反倒是来福这厮，把那大刀居然舞得虎虎生风，虽然没有章法，但气势却很是吓人。这看在徐小贤的眼里，颇为羡慕。刘能受继县令之命，住在了徐府。他一大早起来，就看见了这主仆二人在前院里练武，这令他对徐小贤有两分刮目相看。这个文弱公子，他不是梁邑县有名的书呆子吗？怎么从未见他看书？反而他一早还在练习着射箭。 这弓虽然弱了点，但箭射的居然还可以。再看他那仆人刘能咽了一口唾沫，那么大的一把刀啊，那个叫来福的家伙居然使得如臂使指，难不成那刀是假的？随后刘能掂了掂了那把刀，默默的走开了。这特么的惭愧，所以这徐小贤真的需要自己保护吗？刘能开始怀疑季县令的安排。差爷，咱们来练练，练你妹,妹啊！刘能看都没看来福一眼，加快了脚步。来福看着刘能如此决然的离去。 便觉得自己果然不是练武的料，根本就入不了这位差爷的法眼。哎，就当是练力气吧。以后若是再遇见凶人，力气大也有好处不是？跟在少爷身边似乎有些危险，力气大到不是为了保护少爷，而是无论如何得比少爷跑得更快一些才好。未来的一代刀神来福，依旧是那个胆小如鼠、惜命的主。日上三竿，四人围坐在一起用过了早饭。若是说让刘能觉得留在徐府唯一的好处，大致就是吃的了。昨儿中午没有吃上卤鸡。 却吃了一顿好吃的红烧肉，昨儿晚上那白切鸡的味道也简直不要太美，就连今儿早上的这豆花味道都比街上卖的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在一番思索之后，刘能放弃了去县衙找季县令的念头。虽然跟在徐小贤的身边有些危险，但从这一天一夜的相处看来，这个危险似乎不大。那就继续留下，为了那一日三餐的好吃的。主仆三人上了那辆老马破车，带着骑着马的刘能，再一次离开了梁月巷子，往百花村而去。杨柳巷子，悦来客栈。 二楼，曾经被徐小贤打出府外的王三鬼鬼祟祟的进入了二楼的一间房间。这房间里临窗站着的正是那位宋蛮子。头儿，徐小贤已经出门。宋蛮子转过了身来，眼里闪过一抹厉色。有几人同行？除了他的两个仆人之外，多了一个刘捕头。这五花八门，可是有规矩，不能和官府中的人起了冲突。这事儿办还是不办？周少爷的事必须得办。你们现在又不是挂门中的人，有何担忧的？办好此事。 我自然会引荐你们加入这北境的挂门。王三拱手一礼，多谢头儿。那小人这就去召集孙小二等人办了徐小贤。嗯，动作要快，在他们出城之后，在郊外办了这件事。然后你们可别再进凉邑城，径直去凉州城。我会在凉州城等你们，为你们庆功。谢头儿。王三转身离开，飞快地跑去了城郊的一处荒废的城隍庙。这里聚集着当初被徐小贤赶出来的其余七个仆人。抄家伙，跟老子走，为张管家报仇去！ 一群人拿起了刀枪棍棒，凶神恶煞的离开了城隍庙，往通往百花村的三里坪狂奔而去。与此同时，纪仙儿带着一顶斗笠，腰挎宝剑，披着黑色大氅，骑着他的大白马，英姿飒爽的出了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保护徐小贤这个活儿可不能有半点闪失，这是做一名游侠的信誉问题。纪仙儿很是看重。红衣少女骑着马也往城外的三里坪而去。徐小贤不知道呀，但这不影响他对自己小命的高度重视。他的腰间插着电击棍。 肩上还背着那张黄羊木弓，背上还背着一壶足足二十支箭雨，看上去不像是去百花村送药，更像是去打猎。来福坐在前面驾着马车，他的那把大刀就竖在身旁，看上去威风凛凛。常威蹲在他的身边，猩红的舌头从狗嘴里伸了出来，一双狗眼机警的四处望着，倒不是望着什么可能的危险，而是想要看看有没有漂亮一点的小母狗。刘能骑着马悠哉悠哉的跟在老马破车的后面，这速度实在太慢。 昨晚为了提防徐小贤犯病，没有睡好，他在马背上一摇一晃，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徐小贤掀开了车帘，马车出了城，远处可见稀稀拉拉的田地。五月了，地里的小麦已经开始泛黄，田里的秧苗也已经绿油油，封了田。远处的油菜地里有农人正在收割着成熟了的油菜，近处的田间有农人正在给秧苗施肥。这就是一幅淡然的农村田园画卷，徐小贤很喜欢。志蕊，嗯，等少爷我有了银子。 咱们就在百花村那里弄一块地来建一座庄园。志蕊愕然地张了张嘴儿，咱们家距离这百花村也不远啊。志蕊就不明白了，村民们可羡慕住在城里的人了。少爷怎么会想着往农村跑呢？农村有什么好的？到处脏兮兮的，一到下雨，道路泥泞不堪，连出个门都麻烦，哪里像城里那样舒服？志蕊不知道，这又是徐小贤心里的怨念。前世想要在农村建个房子可不容易，自己没有农村户口，根本就批不到宅基地。 但在这里完全不存在。只要自己将蚊香这事儿弄好了，让季县令的脸上有了光彩。要弄一块宅基地，也就是季县令一句话的事。半山半水半炊烟，一壶清茶入云天。我辈本是凡间客，妻妾成群画中仙。这是多么美妙的生活！徐小贤不禁笑了起来。可就在他的嘴角刚刚翘起的那一刻，马车陡然停了下来。他的身子往前一扑，幸亏速度慢，没有撞在车厢上。这特么又是怎么回事？陡然，一个声音传来。 杀！弄死他！来福吓了一跳，两眼一瞪，一声大吼：“有刺客！少爷快跑！我来拖住他们！”他翻身下车，撒腿就跑，才想起自己的长刀没拿。常威狗脸一脸懵逼，他汪汪汪的一阵狂吠，狗眼大睁，便看见左右各有四个凶人挥舞着刀枪棍棒冲了过来。常威一看来福跑了，狗惊狗惊，他见识不对，心里一慌，也跳下了马车，向来福追了过去。两边的四名蒙面刺客就有些懵逼了。 老子们还没跑到呢，这一人一狗咋就逃得这么快呢？曾经都是徐府的下人，他们蒙着脸也知道跑的是来福啊。他们的目标可不是来福，只要弄死了正主徐小贤，这任务就算完成了。白花花的银子，白花花的小娘子，荣华富贵险中求。弟兄们，杀呀！徐小贤心里一紧，他抽出了电击棍，也跳下了马车，才发现来福带着常威，向着马车的正前方跑出去了足足百米的距离了。我操，这不靠谱的东西！ 你不是说你来拖住他们的吗？来福，给老子回来！徐小贤一声大吼，才发现来的凶人手里是长武器，自己这电击棍发挥不出威力啊！他连忙将电击棍又插入了腰间，取下了弓，还没来得及搭箭，冲在最前面的王三已经举起了明晃晃的刀。去死吧！王三一声大吼，徐小贤亡魂大冒，志蕊冲了下来，一家伙站在了徐小贤的前面。就在那一刀劈来之际，徐小贤的耳朵里响起了枪的一声巨响。 刘能在最关键时候终于从马背上醒了过来，他是被来福的那声大吼惊醒的，睁开眼就看见这群凶人向徐小贤杀了过去。刘能吓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飞身下马，恰好一刀挡住了王三劈来的刀。公子快跑！这特么往哪里跑？徐小贤视线瞬间左右瞄了一眼，他们已经被八个蒙面人给包围了。不，来福和常威在包围圈之外。可想而知，这狗日的跑得多快。徐小贤心里也很慌。 上辈子哪里经历过这样的阵仗？他在慌乱中反手抽出了一支箭，张弓搭箭，抬手就像被刘能一刀逼退了三步的王三射了过去。他大意了，根本就没有瞄准。哪怕这王三距离他仅仅五步之遥，哪怕他平日里可以二十步保证不脱靶，可这一箭偏偏就在刘能震惊的视线中，从王三的耳畔飞了出去。王三被这一箭吓得一激灵，他甚至还摸了摸自己的耳朵，耳朵还在，手上没血。哈哈哈哈！ 他大笑数声，心想：这小白脸少爷这剑法也特么绝了，这么近居然没有射中，活该他死！王三正要提刀再冲上去，却突然听见后面传来一声尖叫：“啊！”王三回头便见身后一同火捂住裤裆，满脸苍白的蹲在了地上：“啊！我我我特么被被废了！”卧槽！难不成徐小贤那小白脸射的是李信号信号？刘能陡然一怔，他也没料到徐小贤那一箭有如此玄妙的道理。 他挥着坡刀就向王三冲去，火拼在这一刻正式打响。王三带着一个同伙，两人拖住了刘能。其余人，你们给老子去砍死徐小贤就扯呼！随着王三一声令下，除了丧失战斗力的李新浩新号，其余五人在孙小二的带领下向徐小贤扑去。徐小贤没有料到刘能这堂堂捕快的身手这么差，他居然被两个匪人给逼迫的险象环生。刘能这时候心里也郁闷，老子又不是武林高手。 我特么就是在梁邑县混口饭吃的小小捕快头子，这特么招谁惹谁了？不是，是徐小贤招谁惹谁了？难不成是那周阎王？肯定是那周阎王！完犊子了，老子这一百多斤今儿个要为徐小贤陪葬！徐小贤在惊惧之后冷静了下来，志蕊上车。少爷，我不。志蕊，你挡着我射箭了。哦。志蕊紧紧的捏着衣摆，慌忙爬上了马车。徐小贤搭箭张弓，咻的一箭射了出去。 正中孙小二的右臂，便听孙小二一声惨叫，他手里的刀哐当一声落在了地上。他左手捂住了右臂，双目凶相毕露：“给老子弄死他！”来不及了，匪人距离他仅仅只剩下五步，那刀枪棍棒已经举了起来。徐小贤想都没想，拔腿就跑。敌人是从侧边来，他当然是往马车后方跑去，正好和来福逃跑的方向相反。而此刻，来福刚刚跑了回来，他刚才听见了少爷的喊声，他不是为了回来救少爷。 而是本能的觉得应该带上他的那把刀。来福握住他的刀，定睛一看，咦，那群匪人全都追着少爷而去。我若是冲到他们的身后，给他们来一记闷刀，就像那晚上敲那姑娘的闷棍一样，效果一定奇好。就在徐小贤亡命狂奔的时候，来福扛着大刀就追了过去。常威一瞧，好像自己的小主人有危险，来福都去救了。身为一条忠心的狗，是不是也应该去救主人呢？汪汪汪。常威撒开四条腿，如风一般的席卷去。 老马破车旁的战斗，就剩下了刘能三人。刘能一瞧，徐小贤是往梁邑城里跑的，他才是被刺杀的正主呀！这特么打的什么玩意儿？徐小贤跑进城就能脱身，自己却交代在了这里，说好的给徐小贤陪葬，他都没死陪个屁的葬！刘能当当两下挡住了王三两人手里的刀棍，他也拔腿就跑。王三和另一匪人对视了一眼，追。于是。 这三里坪的那些田间地里干活的农夫们，便看见了怪异的一幕：徐小贤没命地跑在最前面，然后是五个蒙面匪人在疯狂地追。五个蒙面匪人的身后是一条越来越近的狗，狗身后是一个扛着大刀狂奔的壮汉，壮汉身后是一个穿着官服的捕快，捕快的身后又是两名匪人，两名匪人的身后，志蕊又下了马车，正孤零零地望着，这是在干啥呢？老百姓也不知道呀。徐小贤明白，自己若是跑不进城，恐怕自己就是穿越者中死的最快的那一个。 他埋头弓腰，双臂摆得飞快。恰在这时，纪星儿骑着大白马悠悠而来，红衣少女自然看见了他，她大吃一惊。果然有凶人要杀徐小贤，那是我的银子。游侠儿在这一瞬间激动了起来，他翻身下马，却忽略了徐小贤求生的强大潜能。徐小贤根本就没抬头，他不知道前面来了救星。纪星儿以为徐小贤会在自己身边停下，然后，砰！啊！纪星儿倒退五步，一声惨叫，捂住了鼻子。徐小贤。 纪心儿眼泪鼻血又流出来了，徐小贤也郁闷。那一撞他是前冲，当然没有吃亏，但速度没有了呀。他回头一看，凶人距离他仅仅只有三步，这特么的，小妞快跑！他拔腿就跑，一根棍子呼啸落下，他感觉到了一股刺骨凉意，还好，就差那么一点点。纪心儿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拔出了手里的剑，都给本姑娘站住！一个匪人从他面前跑过，两个匪人从他面前跑过，然后是一条狗，那狗突然汪的一声大叫。 纪仙儿便看见那狗后腿一蹬，他居然凌空飞起，向落在最后的那名匪人扑了过去。砰！他扑倒了那名匪人，一口落下，咬在了那匪人握着棍子的手腕上。那匪人吃痛，一声惨叫，和那条大黄狗打成了一团。纪仙儿整个人都不好了，本姑娘居然不如一条狗！你们不给本姑娘站住，看本姑娘怎么收拾你们！红衣少女双目赤红，杀气凛然，她迈开大长腿就追了过去。小贼，拿命来！显然。 有着当游侠这一崇高理想的少女是真的会功夫，她瞬间就追上了一人，手起落下的是剑身，她一剑拍在了那凶人的脑袋上，那凶人顿时吃痛，一个趔趄栽倒在了路边的水田里，压倒了一片秧苗。少女没有停留，她的大长腿仿若踩着风火轮，她又追上了一名凶人，她一脚点的腾空而起，另一脚砰的一声踹在那凶人的后背，那凶人发出哇的一声惨叫，往前一扑，双手一搭，扯住了他前面那凶人的裤子。 跑在最前面的是孙小二，身后传来了数声自己人的惨叫。这特么是怎么回事？他一边追着徐小贤，一边回头望了一眼，他的心顿时一凉。卧槽，不是有四个兄弟跟着自己的吗？怎么全特么躺了？这莫要说是杀徐小贤了，老子若是不跑快点，也得交代在这里啊！他这时候忘了手臂的疼痛，他眼角的余光瞄了一眼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那红衣杀神。这一刻，他跑得比狗都还要快。他的手里没有武器，他超过了徐小贤。 甚至他都没时间给徐小贤来上一拳，一拳又打不死徐小贤，还特么耽误老子逃命的时间。徐小贤陡然瞪大了眼睛，不是，这混蛋怎么跑我前面去了？这究竟是个啥情况？徐小贤也回头瞄了一眼，才知道匪人都躺下了，小妖精果然厉害啊！那还跑个屁！徐小贤一脚刹车，嘎吱一声就停了下来。纪仙儿哪里想到徐小贤不跑了，他砰的一家伙撞了上来，追尾了。这次受伤的不仅仅是鼻子。 他的鼻子恰好撞在了徐小贤的后脑勺，一阵钻心的刺痛让少女暂时忽略了另外两处的伤势。徐小贤被撞飞了出去，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摔得他鼻青脸肿，两眼冒星星。这小妖精一定是老子命里的克星。他翻身站了起来，张弓搭箭，一箭向孙小二射了出去。最后剩下个王三，王三就很郁闷了，这特么打的是个啥？那么好的优势怎么转眼就没了？现在怎么办？当然只能跑了。 王三转头就跑，刘能一瞧，不行，保护徐小贤，我特么一个都没撂倒呢。于是刘能掷出了手里的坡刀，一刀正中王三的后背，王三哇的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此战虽狼狈，但大捷。纪心儿捂着鼻子蹲在地上痛哭流涕，他忽然觉得保护徐小贤这是太危险，这危险不是来自于敌人，而是来自那该死的徐小贤。这是第三次了，在定方楼，他把自己弄出血了；那晚在三味书屋，也是他把自己弄出血了。 今儿个又是他，还两次把自己给弄出血了。如此下去，我堂堂游侠儿没有死在匪人的手里，却会因为徐小贤血祭而亡。这个生意皆亏了。徐小贤现在没有时间顾及纪仙儿，他恶狠狠地瞪了来福一眼，然后看向了刘能。刘大哥，你快马回衙门，带几个弟兄将这所有的匪人押回大牢。好。刘能转身就走，他一刻也不想待在徐小贤的身边，太危险了。来福，小人在。说，你为何会弃了少爷跑路？ 来福手里的长刀哐当一声就落在了地上，他扑通一家伙就跪在了徐小贤的面前，声泪俱下道：“少爷，小人不是想跑路呀，小人想想的是引开那些匪人，却没料到那些匪人不来追小人，这不小人又杀回来了，还伤了一个匪人呢。我告诉你，别他妈在少爷面前扯犊子，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你自己给本少爷滚！”徐小贤一声大吼，吓得来福一个机灵，这不能滚呀，少爷做的菜那么好吃，少爷还给我涨了工钱。 离开少爷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东家？来福砰砰砰连磕了三个响头，小人再也不敢了。少爷，再有人来杀少爷，小人一定冲在最前面。这一次得将来福给收拾妥当。周阎王那厮显然还会有动作，今儿也是命大，恰好又遇见了这小妖精，不然结局可难说。少爷给你吃给你喝，少爷我哪里对不住你？今儿这事我记在心里。若是你连常威那条狗都不如，少爷要你何用？起来，去把所有匪人绑好，等刘捕头来拿人。多谢少爷。 来福一定会比常威有用。来福立下的大志愿，他要洗心革面，成为少爷身边有用的人。喂！季星儿抹了一把泪，看了看手帕上嫣红的血迹，这时候才感觉到胸口一阵胀痛。少女的脸陡然一红，这胀痛令她很不舒服，想要揉揉，可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揉？少女恶狠狠瞪了徐小贤一眼，她站了起来，手臂压着胸脯，打了个呼哨，大白马来到了她的身边。她翻身上马，又瞪了徐小贤一眼，驾！ 他打马而去，徐小贤看着红衣少女的背影，就有些纳闷了。他这是故意来救自己的呢，还是恰好路过？无论如何，这小妖精救了自己两次了，这份情得承下。若是无以为报，要不要以身相许呢？这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没等多长时间，刘能带着一群捕快来了。来福早已经将八个匪人绑好。刘能一行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徐小贤蹲在那八个跪在地上的凶人面前。哟，原来都认识。你叫王三，你叫孙小二。 你叫李新浩，新号，你咋不叫李狙击呢？徐小贤脸上的笑意陡然收敛，他甩手就给了王三一耳瓜子，啪！的一家伙将王三差点抽翻在地。他甩了甩手，用力太猛，手有点疼。是不是觉得少爷我好欺负？说谁他妈派你们来的？是不是张秀那个王八蛋？来福，把刀拿来。好咧，少爷，刀来了。来福递上了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难道少爷要砍了这群匪,匪人不成？这不能砍呀！ 既然已经擒获，得交给县太老爷审问之后来断。少爷若是将这些人给砍了，岂不是要我去坐牢？惜命的来福咽了一口唾沫，刚才他才被少爷给训了，现在他没胆说啊。徐小贤握住了长刀，妈的，太沉了，老子给你们三息的时间，若是不说，本少爷今儿就宰了你们。三。李新浩新浩一瞧，作为曾经徐府的家丁，他知道这少爷有病，这病若是发作起来，他是真的会杀人的。他砰得一脑袋扣在地上，少爷，我。 我坦白，这样挺好。这刀举着真特么累人。徐小贤放下了长刀，说：“是谁？是是宋蛮子。”徐小贤皱起了眉头，又是这个宋蛮子，挂门中的人。少爷，我记住你了。宋蛮子现在在哪里？快说，不然少爷我一样会砍死你。徐小贤又举起了长刀。刘能等人赶到，吓出了一身冷汗。许公子，刀下留人。徐小贤长刀果断的落下，一道寒芒闪过，来福的心陡然提到了嗓子眼上。 志蕊在那一瞬间闭上了眼睛，刘能等人眼睛猛然大睁，就连呼吸都已经屏息。这许公子太特么凶残了，当着我们这群捕快的面，他也要杀人呀！这一刀凌冽的落了下去，砰！一声闷响，王三下的黄白之物流了一地。少爷，不要！他以为自己肯定死了，却没料到这一刀和他擦肩而过，劈在了地上，飞溅的泥土撒了他一脸。妈的，算你命大，老子居然砍偏了！ 这一篇，所有人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刘能等人连忙跑了过来，架着一群人犯就走，居然没有人敢丝毫停留，似乎担心徐小贤还会再来一刀。许公子，县令大人还请公子去衙门做个笔录。好，我马上就来。是得先去一趟衙门，得请季县令查查那个宋蛮子落脚在何处。他肯定在梁邑县，只有抓住这个宋蛮子，才能知道背后的指使者是不是周阎王。主仆三人加一狗上了老马破车。 来福调转马头，向梁邑县县衙而去。梁邑县南门外五里地的将军亭里坐着一个人。片刻之后，又一个人飞奔而至。他对坐着的那人拱手一礼：“宋堂主，行动失败。”他正是宋蛮子。为了安全起见，他早已离开了梁邑县，在这将军亭里等着消息。此刻一听，他皱起了眉头：“一帮蠢货，对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居然两次都失败了。上次说是徐小贤，恐怕有觉察。” 在那三位书屋,屋里藏着一个三层楼那么高的高手，那么这一次呢？回堂主，这一次在下认为徐小贤同样知道，因为那个三层楼那么高的高手他又来了，不是巧合。在下觉得真不是巧合。徐小贤一行已经出城，到了三里坪，王三等人在这里开始的行动，徐小贤眼见不敌，落荒而逃。他逃跑的方向正是梁邑县，而那个三层楼那么高的高手恰好也是从梁邑出来，就像早已计划好的一样。宋蛮子这就郁闷了，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难不成是在这梁邑县刚刚设下的堂口里的人？也不对啊，这处堂口今仅仅只有两人，一个是面前的罗老二，另一个是自己从凉州带来的李辉。他们没可能背叛自己，更不敢背叛挂门呀。这就很诡异了。难不成那徐小贤还有未卜先知之能？堂主作为梁邑县的土著，二痞子罗老二想了想，决定告诉这位堂主一些关于徐小贤的事。这个徐小贤就在去年，都还是一个被府上的管家骑在头上的书呆子。 去岁乡试，他本应该是榜首，但放榜的时候却偏偏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所以听说他疯了，不是听说，是他真的疯了。小人亲眼见到他在风雪中裸奔，这是假不了的。然后季县令请了华神医为他诊断，确定是得了精神异常之症。可说来也怪，就是他这个疯子干出了沈氏破案这样的匪夷所思的大事。他帮季县令破了案，让周巡查使无法要挟季县令。堂主，徐小贤他会通神？通个屁的神！ 不就是彩门中的把戏吗？同为五花八门中的人，宋蛮子对彩门多少有些了解。他绝不相信徐小贤真有通神的本事。可现在这事又如何解释呢？梁邑县是肯定不能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向周少去解释。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协助李辉将挂门在梁邑县发展壮大。小人遵命。那徐小贤这事，你们都别管了，本堂主自有安排。好。罗老二离开了将军亭。宋蛮子想了片刻。 他写了一张纸条，放飞了一只鸽子，阴恻恻一笑，然后起身向青龙寺而去。姐姐，季仙儿擦着鼻血，委屈的哭了。姐姐，我我觉得那许许小贤就是个天煞孤星，这银子我觉得我赚不到。今儿救了他一命，那五两银子的定金就不退了，剩下的五两银子我我不要了。天可怜见的，可怜的妹妹，她居然连银子都不要了。季玉儿在弄清楚了情况之后，心有余悸的同时，又很是同情起妹妹来。 可越是这样，就越得让妹妹去保护徐小贤呀。很明显，两次行刺徐小贤都没有得手，这是妹妹莫大的功劳，但同时也说明了那暗地里的黑手肯定还会有更疯狂的行动。也就是说，许郎下一次面对的刺杀会更加凶险。这女人家每个月不都得流点血吗？这鼻血相比之下可少了许多。要不这样，季儿拍了拍妹妹抽泣的背：“你依旧保护徐小贤，这银子涨到二十两一个月，怎样？”季仙儿抬起了头来。 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又看了看手帕上如梅花般绽放的鼻血，终究觉得银子更重要一些。拿到这个月的银子，就能买下那把剑了。为了那把剑，我无论如何得坚持一个月。总没那么倒霉，这一个月里徐小贤还会遇刺吧？万一这后面的日子他平平安安，这银子岂不是白得？少女的胸脯隐隐作痛，这时候才忽然觉得原来大有大的苦恼。那好吧，姐帮我揉揉。梁邑县县衙，这个案子很简单。 纪县令将八人分开一番审问，便水落石出。王三等人得了宋蛮子的钱财，刺杀徐小贤。至于这宋蛮子的背后是谁，这八人无人知道，所以并没什么卵用。但在审问王三的时候，纪县令得到了一个信息：宋蛮子是挂门中人。这件事在你上一次遇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在纪县令的官署里，徐小贤和纪县令相对坐。纪县令微蹙着眉头，手指头扣了扣桌子，又道：“按理说，有刘能在你身边，五花八门中的规矩是绝不与朝廷作对的。” 王三这八个人不是挂门中的人，但王三说，若是这件事办成了，那宋蛮子会收他们入挂门。宋蛮子是挂门中的一个堂主。徐小贤就觉得有些奇怪，便问了一句：“为啥五花八门中的人就不会与朝廷作对呢？”这是皇上当年推翻离朝的时候就给五花八门立下的规矩。至于其中缘由，我不明白。但既然是陛下立下的规矩，这些歪门邪道自然就必须遵守，不然会怎样？当然是会剿灭他们了。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请了凉州城的府兵剿灭这挂门呢？纪中谈就像看着一个白痴一样的看着徐小贤，怎么剿？理由呢？人家宋蛮子又没有亲自出手，要杀你的和挂门屁关系没有？再说，纪中谈捋着他的那两撇八字胡须，皱起了眉头。樊之啊，假如我说的是假如，这宋蛮子本就是周延望指使，他爹是凉州巡查使，他外公是凉州刺吏，你觉得这是报到凉州有用吗？徐小贤这就很郁闷了。 无处伸冤啊！那咱们梁邑县可有挂门的堂口？纪中谈摇了摇头。梁邑县太小太穷，就连五花八门中的人也瞧不上。好吧，看来暂时拿着宋蛮子和周阎王也没啥办法。这以后得更加小心才行。纪县令忽然俯过身子，看着徐小贤，低声说道：“若婆知你受了桓公举荐，成了朝廷命官，这事儿便迎刃而解。当官？这辈子都没可能当官。赚银子，赚好多好多的银子。老子有了银子，招几十个家丁。” 身边随时带着几十个有点身手的家丁，这样总安全了吧？所以麦文香这事才是迫在眉睫。大人，您和桓公的好意，晚生心领了。还是那句话，晚生也想报效朝廷啊，奈何命不可违。晚生要去百花村了，再会。哎，纪中谈心里免不得有些遗憾。繁殖稍等。他从怀中取出了三张银票，递给了徐小贤。徐小贤大吃一惊，心想：这位纪大人为了嫁女儿，当真是舍得呀。这有多少银子？票面是百两一张。 足足三百两，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嘛！看在这银子的份上，我要不要从了呢？徐小贤一脸的纠结，却听季县令徐徐说道：“听说了，婆知要为百花村的村民谋福祉，咱们梁义县首富之家的公子朱仲举决定为婆知捐赠纹银三百两，以助你一臂之力。”原来不是季县令在舍孩子套狼，这就好。徐小贤毫不客气地接过了银票，这才问了一句：“朱仲举，这名字仿佛听过。他大意啊，这样的公子当结识一番。大人，他可有啥要求？” 他还真没要求，你放心大胆的用吧。不过可得用在作坊的建设和原材料的采买上。晚生知道，那便告辞。等作坊建成之后，生产出了那蚊香，晚生再送几盘给那位朱公子。三百两银子就买你几盘蚊香。若是抓住了那个宋蛮子，还请大人告诉晚生一声。好。对了，婆之老夫也搬去了你家隔壁。以后晚上若是有暇，常过来坐坐。徐小贤大吃一惊，难以置信：我隔壁那处院子是大人你买下来的？ 呵呵，这倒不是，这是我那长女季玉儿买下来的。反之啊，咱们现在就一墙之隔，这婚书你若是收下，那堵墙就可以拆了吗？这以后呢，也就是一家人了。没了那堵墙，老夫算是和你住在了一间大院子里。若是有挂门中的人想入户行凶，可就多了一些忌讳。另外，你伯母过些日子也该回来了，到时候你和玉儿成了亲。徐小贤张了张嘴，打断了季中谈的话：“大人，我其实很好奇一个问题，令院是不是对病人有什么特殊的喜好？” 或者他脑子是不是也有病？滚！季县令吹胡子瞪眼。徐小贤灰溜溜地滚出了县衙，站在明媚的阳光下，他才忽然发现那个叫纪月儿的女子简直比匪人还要可怕。她究竟想干什么呢？为啥扒着我这个无药可救的病人不放？他脑子若是没病，徐小贤绝不相信。走去百花村。日上三竿，主仆三人和刘能离开了县衙，来到了百花村。村民们就有些奇怪了。 这谁家的少爷闲得无事，老往这破地方跑？城里不更舒服的吗？整齐的房子，干净的街道，还有那些热闹，哪里像这百花村？低矮的茅草屋，坎坷不平的路，到处都脏兮兮的。就算是收获的季节，自己的东家最多也就是在田间地头瞧瞧。就连李大爷曾经的那位漂亮的东家，脚步也从未曾踏入过百花村半步。所以，徐小贤再次吸引了所有村民的目光。他们在窃窃私语中揣测：昨儿妞妞坐在门槛上晒太阳。 李大娘来河边洗衣服，她说：“那少爷了不得呢，是什么华神医的弟子？妞妞不是肺痨吗？怎么能出来？这要是惹上别人怎么办？以后可莫要从李大爷家门前过了。人家李大娘说了，那小神医昨儿给妞妞诊断过了，不是肺痨是什么？百日咳。说那小神医能够治好妞妞。喂喂喂，昨儿李大爷去赶场了，您回来一大篮子的鸡蛋。他家不是都穷的揭不开锅了吗？还有钱买鸡蛋？你们不知道那位少爷买下了妞妞。” 一个小病篓子，他买来作甚？谁知道呢？不过这也是妞妞的福气。如果那少爷真能治好她的病，去给人家少爷当丫鬟，总比窝在这百花村好吧？也是，就是不知道李二狗若是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人家给治好了，会怎样想？哎，其实李二狗也是为了出去找点钱给女儿治病。这世道钱是那么好找的吗？可苦了李大爷和李大娘。也不知道昨晚李大爷说的是不是真的。若是这少爷当真要在咱们后村建作坊，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好事。 希望是真的吧？每天给二十文钱呢、啊，这可比种田划算多了。徐小贤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跨过了那道桥，走入了百花村。百花村村如其名，这一路而来有许多的桃树、梨树、杏树和李树。这时节花期已过，地上倒是还有残花几许。树上挂果的效果并不好，这些树都是自然生长，没人修枝，树下杂草丛生，估摸着也没人施肥。难道这世界的人不喜欢吃水果？这不太合理。 曾经世界的古代不是有一记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吗？这事儿得调研一下。如此想着，他来到了李大爷家的院坝里。妞妞早已激动地站了起来，还向前走了三步。少爷，徐小贤笑了起来。妞妞，少爷给你送药来了。妞妞眼圈一红，泪珠顿时扑刷刷就流了下来。他给徐小贤倒了个万福：“奴婢多谢少爷，不要和少爷客气，你是少爷我的人了。来来来，坐。李大爷，我给你说说这药要,要怎样煎。”志蕊捏了捏衣摆。 这方子可是他亲眼见少爷开的，他这方子当真能治妞妞的病吗？可千万不要将妞妞给吃死了，不然这事儿可不好善终。李大爷颤抖着接过了这一大包药，徐小贤坐了下来。这里是五十副药，每一副药用两碗水煎至大半碗，一日服用三次，一副药服用两天。这个玩意儿，徐小贤从袖带中取出了一板红霉素片，这东西每日饭后给妞妞服用半片，一日两次。就这样。这是什么药？ 李大爷就觉得很是惊奇了，但他没有去问，因为这是少爷给的。少爷是华神医的弟子，自然有些不一样的药品。李大爷取了一副药送去了厨房。徐小贤揉了揉妞妞的脑袋，可要记得好生吃药。等你好了，少爷就把你接去府上。瘦干干的小丫头坚定地点了点头，眼里冒出了难以名状的光芒。接着，徐小贤便和李大爷拉起了家常。我看这百花村果树众多，为啥不好生打理？这又不耽误农事。 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少爷。李大爷微微一笑：“城里的贵人们不喜欢吃这东西，比如这毛桃子，个太小和太大没有品相。这梨树、杏树、李树也如此，种不对，不像水阳县的果子，人家个大和小，汁水还多。这梁邑县城里卖的果子，基本都来自水阳县。咱们这里唯独只有樱桃能卖点钱，但那玩意儿遭鸟雀喜欢，若不看紧了，很快就被鸟雀吃没了。咱们农人哪里有那闲工夫去照看果树，所以也就没人去打理这东西。”徐小贤明白了。 他又看了看李大爷院坝外的那几棵果树，将水阳县这个地方记在了心里。昨儿我让你做的事，可有了消息？回少爷，昨儿晚小人召集了百花村的村民们，告诉他们少爷您开了一天二十文钱的工钱，要盖一间房子来生产生产蚊香，村民们自然愿意。少爷准备何时动工？现在的徐小贤口袋里多了三百两银子，这让他能够把步子跨得稍微大一点。明儿就动工，按照少爷我画的那个图来盖。另外就是让一些富人去收集艾草和浮萍。 将它们晒干了，少爷，我有用。还有，徐小贤从怀中取出了他画了半天的造纸的图纸，这玩意儿一并建了，建在那条河的下游。切记！李大爷接过来一瞧，很是复杂，他不认识这上面的字啊。这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得找个识字的助手。接下来，徐小贤花了足足一个时辰，给李大爷讲了这造纸作坊以及所需要打造的那些器具，比如水车，比如磨坊，比如烘干炉子，等等等等，直到李大爷彻底将这东西给弄明白了。 并讲述了一遍给徐小贤听过之后，他才放下了心来。暂时就这两件事，这蚊香作坊先建起来，然后让村里的妇人孩童们做蚊香，我到时候来教你们。其余男子就接着弄这造纸作坊。若是没有匠人，可以去请来。需要多少工钱，你到时候告诉我一声。对了，少爷我很懒，没可能天天跑这百花村。改天你随少爷我进城一趟认个门。这以后你遇见什么难事，就去少爷我府上找我。眼见着天将午，徐小贤站了起来。这是十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 账目得做清楚，你每次来我府上都得带上账册。好了，记住给妞妞多吃鸡蛋羹，按时吃药。就这样，徐小贤甩手就走了。李大爷捧着这一锭银光闪闪的银子，看着徐小贤的背影，忽然间老泪纵横。爷爷，怎么了？妞妞，可能咱们百花村的好日子要来了，真的。李大爷点了点头，真的。刘能有些诧异，现在看来，徐小贤是真的要在百花村做点什么了。只是他怎么又会造纸了呢？ 志蕊是知道少爷画的那玩意儿的，只是他原来不知道那是用来造纸的呀。今儿一听，才陡然觉得少爷好了不起，他居然懂得怎么造纸。纸这个玩意儿可老贵老贵了，就算是最便宜的麻纸，也得五文钱一张。少爷现在用的是桑皮纸，这玩意儿得十文钱一张。听说最贵的宣纸，售价高达五十文一张。所以，若是少爷真的造出了纸来，徐府岂不是发达了？在志蕊看来，造纸这个活计显然比做蚊香更有前途。少爷，你怎么就会造纸了呢？ 志蕊的眼睛一闪一闪的看着徐小贤，满是佩服的问道：“少爷死了一次，这活过来了之后呢？脑子里就多了一些东西，造纸就是其中之一。”志蕊张了张嘴：“是呀、啊，少爷活过来之后会的东西突然多了许多，比如做好吃的菜，比如通灵这个技能，少爷没了，有些可惜；比如做那蚊香，还比如弄这造纸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少爷所说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徐小贤当然没有说他升起造纸这个念头，完全是为了入宫舒服一点。 不然，许多的穿越者来到古代都喜欢捣鼓这玩意儿，其实没啥新意。他原本是不打算弄的。一行人回到了徐府，志蕊和来福去了厨房。刘能想了想，也没有待在主院。徐小贤在闲云水榭里，刘能觉得至少得离徐小贤百丈距离才有安全感。徐小贤这次是真在看书，看的是四书中的《大学》。不知为何，这书拿在手里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翻开书来，记忆便随之涌动，里面的一字一句居然都了然清晰。 就连各种经义的理解也极为深刻，就像刻在了脑子里那般，这就很省事了。看来这身体的原主是真的将这书给读进去了。自愧弗如啊！若是上辈子我能有如此勤奋，何至于考个农大呢？徐小贤静下心来温故而知新。隔壁的季仙儿也回到了季府。姐姐，姐姐！红衣少女似乎又忘记了流鼻血和胸口疼这事，她满脸的欢喜，坐在了凉亭里，一双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徐小贤真的是给百花村的李大爷家送了药去。他走了之后，我也去了一趟李大爷家里。李大爷说他是活菩萨呢，嘻嘻。季月儿也在看书，看的是《诗经》。这时一听妹妹说起了徐小贤，他放下了书，抬起了头，却有些忧虑。这么说，他当真自己开了个方子给李妞妞治病？李大爷曾经是季月儿的店户，对于李大爷家里的情况，季月儿自然知道一些。但徐小贤又不是郎中，他怎么能胡乱开药方呢？这药是能乱吃的吗？是呀，李大爷说。 说徐小贤说他是华神医的弟子，姐姐，你说华神医要是啥时候再来梁邑县，忽然听说了自己有个弟子，这弟子还将病人给治死了。季心儿斜着脑袋看着季院，儿，没心没肺的笑道：“你说华神医会是怎样的心情？”季院儿瞪了季心儿一眼，心想恐怕华神医会亲手打死徐小贤，也不知道那方子究竟有没有问题，得去周氏医馆问问那里的大夫。若是徐小贤真将人家妞妞给治死了，一来他会惹上许多麻烦。 二来，他的名字恐怕又会在梁邑县引起轰动，这自然不是季玉儿想看到的后果。他决定尽快帮徐小贤解决掉这件事的后遗症。蚊香作坊那事是,是真的吗？嗯，季仙儿点了点头。李大爷说，下午就准备召集村民们开始弄了。对了，徐小贤除了这蚊香作坊之外，还让李大爷弄个造纸的作坊呢。季玉儿一怔，惊诧的问道：“造纸？对啊，造纸。我看过他给李大爷的图纸，看不懂，但有模有样的，恐怕也是真的。” 季月儿微蹙着眉头，陷入了沉思。而今，大臣造纸的技术基本掌握在官府的手里，隶属于工部的造纸司。这造纸司和织造司、盐铁司、瓷窑司、教房司、匠作司、漕运司并称为七大司。当然，其中的教坊司归于礼部管理。除了教坊司之外，大臣民间也有相应的行业，但这些行业统统,统掌握在六大家的手里。比如苏州府苏氏织造，比如宣州府张氏造纸等等。 虽然大臣律法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其余人进入这些行业，但这些行业的核心技术却被六大家牢牢把控。也就是说，除了六大家和工部之外，是没有人懂得这些技术的。他们垄断着这些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那么，徐小贤是如何知道造纸的呢？若是他真能造出纸来，会不会引起宣州府张氏的注意？季月儿有些欢喜，有些愁。他欢喜的是徐小贤居然知道如何造纸；他愁的是，若是徐小贤真造出了纸来。 若是成本还极为便宜，岂不是就和宣州张氏有了利益冲突？宣州府张氏族长张泽田可是户部尚书，这事儿得和先生商量一下，看看先生是怎样的意见。少女拿定主意，对妹妹说道：“这事儿你留点心，主要还是以保护他的安全为主。”可真麻烦，要不给娘亲去一封信，请娘亲派个人去把周阎王给杀了。别瞎想，等娘亲回来之后再说。徐小贤整个下午没有再出门。 吃了午饭，小憩了片刻，他继续坐在闲云水榭里看书。看得累了，便去了一趟后院。那一畦地里的土豆长势良好，生长出了一些野草，得除去，得追肥了。忘记了找李大爷弄点农家肥。至于那颗孤孤单单的玉米，发芽还有些时候，也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来福，小人在，你去一趟李大爷家，弄一包农家肥回来。好咧。来福兴冲冲地跑了出去。片刻，他又走了回来，带来了一个老头。少爷，张桓公来了。哦，稍等片刻。 张桓公没有在闲云水榭坐下，他也来到了后院，便看见徐小贤正蹲在那一畦地边，手里还拿着一个锄头。朴志，你这是在做什么？除草。凡之，此物是什么？徐小贤直起了腰，扛着锄头走了出来。此物名为土豆。张桓公一脑门的问号，可食否？当然是可以吃了，但这是祖宗啊！你吃一个，我就少收成几十斤。那两千亩地还等着这玩意儿明年去种呢。有毒，暂时吃不得。闲云水榭。 茶烟袅袅，张桓公翻了翻放在桌上的书，满脸欣慰。这徐小贤终究是个文人，哪怕有病，他也在坚持读书，实在是文人之楷模。我大成儿男，若是都有婆芝这样的上进之心，何至于朝中无人可用？也不对，婆芝仅仅是想考个功名，他没有为朝廷所用的想法。只是他怎么扛起了锄头去种地呢？你好好读书不是更好吗？但张桓公知道徐小贤的志向，倒没有再劝说他受举荐而为官。贤弟呀、啊！ 张桓公捋着长须，从怀里又取出了一张纸来，摆在了徐小贤的面前。徐小贤定睛一看，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张纸上正是他前些日子所写的那首《长相思》，便水流。老夫确信，婆知之文才，思悠悠，恨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明月人倚楼。张桓公摇了摇头，极为感慨的又道：“寥寥数句，便将那相思之情描绘的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实在是令老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徐小贤为张桓公斟了一杯茶，一脸的纠结。 他连忙问道：“老哥，这词你又是从何得来？”张桓公老脸顿时洋溢着笑意：“这自然是从我那学生季玉儿那里得来。莫要担心什么，老哥知道你对季玉儿的心思，郎才女貌，天作之合，这本就是一段金玉良缘。别不好意思。要说来，这也是你和月儿之间的情词。按理呢，老夫是不应该问月儿要的，可架不住贤弟你的这诗词太过美妙，老夫心痒难耐，这才让月儿给了我赏析一二。你可千万莫要责怪月儿。” 若因此事影响了你们二人之间的亲密感情，那老哥我可万死难辞其咎了。徐小贤听的那个懵逼，这显然又是季月儿那小妞将这首他怀念前妻的词给偷了。我啥时候对季月儿有了心思？这郎才女貌，郎才这是肯定的，至于女貌，这老哥是不是也有些误解？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了季羡林那尖嘴猴腮的模样，便倒吸了一口凉气，正想要澄清一下这个事，却又听张桓公说道：“月儿姑娘也是这天下的奇女子了，老哥我说句心里话。” 你这病看来时日不多了。玉儿非但没有嫌弃，他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不瞒老爹，此前老哥我是不相信什么见证爱情的，认为那不过是戏文中为了渲染情绪故意编造。但现在老哥我信了。老弟，你啥也别说。徐小贤欲言又止，到了嘴边的话活生活被张皇宫给憋了回去。你若是再否定，就是矫情。人家一个姑娘家都敢大胆的去爱，你堂堂一个男人，这词里面表达的如此清晰，嘴上却不承认，这岂不是口是心非吗？ 徐小贤能说什么呢？他能说这首词和那首景色都是纪念上辈子的妻子的吗？这话若是说出口，恐怕华神医真的会从长安跑来开了他的脑袋。但我不解释，岂不是就算是默认了？此刻，徐小贤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破事儿成了黄泥巴滚裤裆，他根本就没有法子去解释了。张桓公对徐小贤现在这个表情很满意，他意味深长的看了看徐小贤，端起茶盏来吹了吹，心想：你小子这点小心思还能逃过老夫这双法眼？被老夫猜中了吧？ 还不好意思、啊，这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哥，我倒是建议你们早些成亲。若是玉儿能够给你许家生下一男半女，贤弟你也算是有后了。至少在九泉之下，也有后人在逢年过节来给你烧一把纸钱。无论是对你爹还是对你自己，这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这人啊，不就是为了繁衍吗？你十七，他十六，正好。卧槽，徐小贤整个人都不好了。这老哥的脑洞大到了堵都堵不住的地步。 居然已经发展到了生猴子的程度，他张了张嘴，又发现自己无法辩驳。怎么辩驳？说自己压根没病，会长命百岁。现在这话说出来，只怕张环这老头都不会信。远在长安的华神医恐怕同样会飞奔来，开了自己的脑袋仔细瞧瞧。他抿了抿嘴唇，决定赶紧转换一个话题，不然待会妓院儿就要被这老头给说进门来了。老哥，我知道您很忙，要不喝杯茶您先回去，改天我再去桃园小筑看你。 张桓公浑然没品出这句话的味道，他喝了一口茶，还咂巴了一下嘴，大手一摆：“我有啥好忙的？虽然挂了个竹林书院客座教授的身份，那授课也是老哥我自己说了算。昨儿得了你这首《长相思》，老哥我是辗转反侧一宿未眠啊。”徐小贤还以为张桓公是被这首词给惊艳了，他没料到张桓公说完这句话就俯过了身子。蚊虫太多，老弟，那蚊香还有没有？所以这老头是借着这首词来要蚊香的。这个目前真没有。 徐小贤房间里是有的，可他决定让这老头再被蚊子多咬几天。我不是在百花村弄了个蚊香作坊吗？明儿才开始建，估摸着得十天半个月才能正式生产出来。哦，张桓公做恍然大悟模样。另外还有一事，这件事你可无论如何都得答应老夫。这话张桓公说的挺认真的，徐小贤便问了一句：“何事？”端午竹林书院文会，你呢？本来也是竹林书院的学子，老哥盛情的邀请你届时前来参加。这破事。 没兴趣，徐小贤立马摆了摆手，老哥，你这是太看得起我了。竹林书院学子八百，何需要我去凑个热闹？再说我不是已经没去读书了吗？理应被书院除名了。等等，张桓公双手一把抓住了徐小贤的手，语气迫切：“你没有被书院除名，若是除名了，你如何去参加金秋乡试？”另外就是，张桓公老脸微红，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老哥，我可是和凉州城北秀书院的魏老夫子打了赌的。你打赌关我屁事？打什么赌了？” 张桓公期期哀哀地说道：“老哥说，本次文会，文魁必然落在梁邑县。”徐小贤瞪大了眼睛：“自古文无第一，这老头谁给你的自信？”不过，若是自己真出马，凭着脑子里的那些诗词，要夺个文魁，好像不太难。可两世为人的他，真的不想去出这风头呀。就在徐小贤想要果断拒绝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售卖蚊香的事情。这第一波最好就是从这些学子中开始。这年头没点家底的人可读不起书，他们具备购买蚊香的实力。 再说文人好面子喜攀比，这文人的钱找对了法子是很好赚的。竹林书院里的那些家伙，正好可以卖一些给他们，也能让他们为百花文香创造个良好的口碑。如此一想，徐小贤有了主意，却依旧问了一句：“拿了文魁有什么好处？”张桓公顿时眼睛一亮：“第一就是得老夫举荐，这不是徐小贤想要的。”张桓公又道：“第二可得文银百两，这个可以有；第三诗词可推荐入文风阁。” 这个徐小贤觉得没啥意义，但冲着第二点，这个文会他倒是可以去参加一下。但话不能这么说，不然显得自己太势利。所以徐小贤悠悠一叹，视线投入了一片白云深处，颇为苍然肃穆。老哥呀，仅此一次，我本闲云野鹤，非为名利，你是知道的。另外呢，我有一个条件。张桓公一听，只要徐小贤愿意参加，他笃定自己和魏老夫子的赌约就一定赢了。至于徐小贤提条件，你只管说，老哥统统应下。 好，我要这次文会的冠名权。张桓公顿时傻了眼，伸长了脖子，低声的问了一句：“啥叫冠名权？”啊，就是将这场文会命名为“百花闻香端午文会”。另外，我要在竹林书院投放广告，就是拉几道条幅，弄一些小旗这样的玩意儿。这不也能给这文会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吗？张桓公张大了嘴巴，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面：“百花闻香端午文会”，这好像有些违和。再拉几道条幅，弄一些小旗，这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文慧是个斯文的玩意儿，怎么总觉得被婆枝这样一搞，有些变了味道？可究竟变了个什么味道，张桓公又说不出来。毕竟这样的事是没有先例的。凭着自己的身份，给竹林书院的院长张老夫子说一下，自然是没有问题。若是赢了魏老夫子，那可是白银千两，老夫未来几年的生活费就够了。桃林小筑也可以再修缮一番。如此一想，为了那一千两银子稳稳的落入自己的口袋，张桓公坚定的点了点头：“好，只要老弟你拿下魁首。” 你想弄啥都行，徐小贤顿时乐了。他坚信这场文会办下来之后，百花文香甚至百花纸业这个八字还没一撇的东西，都将名动凉邑县，甚至传播到凉州城去。好，我到时一定给老哥你长脸。张桓公心满意足的走了。虽然没有得到文香，但得到了徐小贤的这一承诺。有了这个承诺，凭着徐小贤这三首诗词的水准，一千两银子仿佛已经装入了他的口袋。所以，老头登上马车之后，一路都哼着欢乐的小曲儿。 徐小贤这时候独自喝着茶，倒没有去想广告那事，而是开始思考妓院儿这女子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自己这院子，并两次偷了自己写的诗词，还两次偷了自己的鸡的。看来上次是误会了刘能，那只卤鸡极有可能是妓院儿顺走的。还真把这里当成他自己的家了。可惜啊，可惜！这妓院儿若是生的有那小妖精那么好看，多好啊！来到这个世界已是定局，徐小贤儿经深刻的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前世的一切都和他再无关系。 他需要在这个世界重新开始，需要在这个世界扎下根来去过这一辈子。娶妻显然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这和喜新厌旧无关，这和他在这个世界繁衍后代有关。可惜了，季玉儿拥有极高的才学，老天爷却赏了他季县令那样的一张脸，这就是公平。我徐小贤不是诸葛亮，真心吃不下去黄阿丑。季大人，抱歉啊，一壶茶尚未喝完，来福回来了，带着一身的粪臭。少爷，少爷，您要的农家肥小人弄来了。 放到后院去，好咧。要说起来，土豆这个东西要想产量更高，它在不同的生长期需要不同的肥料，氮肥、磷肥、钾肥都需要。但显然现在徐小贤捣鼓不出来这些东西，他只能简单的给那一畦土地施一些农家肥。徐小贤来到了后院，让来福在旁边看着他，仔仔细细的将这些农家肥用水稀释之后，灌到了土豆苗的根部。来福就很是震惊了，那么臭还那么恶心的东西，少爷居然眉头都没皱一下。 少爷甚至做得非常仔细，那专注的模样就像少爷曾经读书时候一样。少爷太伟大了。今儿上午，我为了保命，居然丢下少爷独自跑了。我来福简直是猪狗不如。来福在深深的忏悔，他立下了大志愿，这一辈子都得跟随少爷，保护少爷的安全。若是再有贼人前来行刺，我我尽量不跑。你看好了，浇肥尽量浇在根部，得缓缓的浇，让根部的土壤将所有肥水全部吃下去。徐小贤扭头看着来福，魂游天外。来福。 他一声大吼，来福一个机灵：“少爷，小人在，你给少爷我过来。”啊，好。隔壁的季星儿窜到了他家后院的一棵大树上，手搭凉棚，定睛一瞧：“咦，徐小贤又在侍候他的那片地，也不知道他种的是个什么玩意儿，等秋熟了去拔出来看看。”少女左右眺望了一下，觉得在家里他应该没啥危险，便又跳下树来，去了主院。“你那情郎在锄地。”季星儿坐在了季玉儿的对面，端起茶盏来喝了一口。 前面时候张桓公来过，两人在那闲云水榭了聊了大半个时辰。太远了，听不见。不过张桓公离去的时候很是欢喜。季玉儿抬眼瞄了季星儿一眼。今儿下午他去了一趟周氏药堂，专程去问了问徐小贤开的那方子。药堂的郎中说那方子未曾见过，但其中那些药材多为书经理肺、止咳平喘之功效，药材的搭配上也没有大的冲突。若是妞妞当真是咳嗽之症，这方子说不定还真有用。吃不死人就行。季玉儿这才放下心来，回到了家里。 张桓公来，恐怕是昨日说的那事。这不，端午将近，先生偏偏和北秀书院的院长魏老夫子打了个赌，北秀书院将派出北秀三杰前来参加竹林书院端午文会。先生想，梁毅现营，就凭竹林书院的那些学子，哪里是北秀三杰的对手？所以，他才给张桓公出了个主意，让先生亲自来请徐小贤出马。妹妹说，先生是欢喜的离开的，想来徐小贤应下了此事。少女的俏脸上浮起了一抹笑意。今年的这场文会会很精彩。 季心儿一怔：“我在给你说徐小贤的事呢，你怎么飘到文会去了？”她很快醒悟了过来，趴在了桌子上，一双眼睛盯着季玉儿：“你的许郎会去参加？”“嗯。”季玉儿毫不介意妹妹口里这许郎的称谓，她的那双秋水般的眼眸亮晶晶，她一定会夺得文魁。切！梁邑县的一个文魁有个屁用，又不是长安书院文会的文魁。看把某人给乐的。季玉儿仰着修长粉嫩的脖子，就像一只骄傲的天鹅，语气中也洋溢着初夏火热的味道。你知道什么？这次文会文魁的诗词。 先生说了，可是会送去长安，被选入文风阁的。季星儿一听，却没有季月儿那样的欢喜。她忽然问了一句：“你真想他出名吗？可别忘记了，他有病。”这话一出，季月儿脸上的喜悦渐渐淡去，她也露出了深思的模样。万一徐小贤的诗词真入了文风阁，他的名字可就会响彻大臣，他将成为大臣的名人，并且会进入陛下的视野。陛下召他去长安，甚至授予他一官半职，也是极有可能的。可他有病，还是不治之症。 这要是当了官犯了病，岂不是落个欺君之罪？那可是会掉脑袋的。季玉儿顿时冷静了下来。不行，这事儿得给先生说说。就算是徐小贤的诗词得了文魁，也万万不可送去长安。季玉儿起身就走。季心儿愕然的看着姐姐的背影，摇了摇头，悠悠一叹：“情啊，当真害死个人了。”就在季心儿感慨姐姐那未知的命运时候，隔壁有狗叫声传来。少女眉间一蹙，她讨厌狗。她恶狠狠地想着：总有一天，本小姐会将你炖来吃了。 或许是被隔墙而来的这道杀意所惊吓，常威顿时闭上了狗嘴。与此同时，朱重举和苏平安踏入了徐小贤家的门。不容易啊！在进门的那一刻，苏平安无比感慨：“三百两银子的入门费，确实不容易啊！”朱重举也很是感慨。然后他听见了那熟悉的狗叫声，总觉得那声音是在向他诉说着什么。这种感觉很奇妙，里面有三分亲切，三分抱怨，还有四分的迷茫。这狗叫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感情呢？ 朱重举望向了徐府的前院，那狗叫声却停了。志蕊带着他们从一旁入了那月亮门，来到了闲云水榭。朱重举忘记了那狗叫声，对于这处院子，他有些惊讶，因为这主院的建筑装点都极为精美，尤其是苏平安这种风格，他很熟悉啊，典型的江南风貌。这院子与他在梁邑县拜访过的所有人家里的院子都不一样，所以这徐小贤的父母莫非来自于江南？看在足足三百两银子的份上，徐小贤决定结识一下这位梁义县的金主，万一以后还能用到呢？ 这样的人力资源显然不能放弃了。他早已站了起来，还迎出了水榭，对着二人拱了拱手：“在下徐小贤，敢问哪一位是朱公子？”朱重举仔仔细细地看着徐小贤，他就是徐小贤，我的情敌。哦，不，人家季玉儿已经心系于他，我哪里还有资格拿他当情敌？说好的和徐小贤好生认识一番，怎么见到这张脸我就想把他给打扁呢？总觉得这张长得斯斯文文、秀秀气气的脸特别的欠揍。 朱重举的腮帮子鼓了鼓，双手握成了拳头，两眼里的火苗正在酝酿，却被苏平安一家伙给灭了。他眼见着不对，一巴掌拍在了朱重举的肩膀上。许公子好，这位就是朱重举朱公子，在下苏州苏平安。苏平安对徐小贤拱手一礼，徐小贤还了一礼，却多看了朱重举两眼。这次怎么回事？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怎么感觉自己就像他的杀父仇人一样？我特么哪里招惹他了？这时候朱重举也醒悟了过来。 哪怕他再不情愿，却也知道是不可为。何况面前的少年还有那么高洁的思想。我不是要来向他学习如何才能受人尊敬的吗？他在心底长长一叹，对徐小贤拱手一礼：“在下朱重举，你得好生对待季院儿，否则我饶不了你。”卧槽！徐小贤顿时瞪大了眼睛，这话不太友好啊。关键是我特么的怎么就和季院儿扯上了关系？前有张桓公，这时候又来一个朱重举，难不成季院儿在梁邑县宣布了自己就是他的丈夫不成？ 丑人多作怪，看来得让志蕊去打听一下，莫要让那姑娘坏了我许繁之的清白之身。朱兄，你怕是有些误会。朱仲举心里就不自在了。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许兄，听说你要为咱们梁义县百花村的村民们做一些事情，我朱仲举敬重你的为人。但男儿汉大丈夫，敢做敢当。我朱仲举曾经是喜欢月儿小姐，可自从知道月儿小姐唯独钟情于你，自从知道你通过诗词表达了对季月儿的爱意之后，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家妓院把家都搬到你隔壁了你，你还要怎样？难道非得那堵墙拆了你才敢承认？朱仲举很气愤：“徐小贤啊，徐小贤，你若是个男人，就拿出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来，否则我朱仲举看不起你。”徐小贤被朱仲举噼里啪,里啪啦一番数落，他脑瓜子顿时嗡嗡的。他想要解释那诗词不是为妓院写的，却根本就无法说出口来。那是情诗啊，在这个世界和他能够谈得上情这个字的，唯有一个妓院。这个误会。 心显然越来越深，自己现在矢口否认，不但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反而会被认为是矫情。这朱大少爷作为一个富二代，也是神奇。你丫那么有钱，大胆的追妓院呀、啊，用银子砸，还有砸不下来的女人。你若是真把妓院搞定了，我特么感谢你都还来不及啊。现在怎么搞？这事儿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徐小贤脑瓜子迅速的一转，脸上堆起了笑意，依旧采取了托字诀，哈哈哈，朱公子果然是性情中人，爽快。 来来来，两位请坐，容我煮一壶茶招待两位贵客。他这一笑，看在朱重举的眼里，便是承认了。朱重举就很难受了。他多么希望徐小贤否认啊！若是徐小贤否认了和季月儿的关系，他会立马再送上纹银千两表示感谢。可惜，可惜，这银子终究没能送出去。徐小贤如果知道朱重举心里的想法，恐怕肠子都会悔青了。三人落座，徐小贤一边煮茶，一边看向了苏平安。三个男人坐一桌，还压根就不熟悉。 总得打破这沉默尴尬的气氛吧。于是，作为主人，徐小贤便问道：“听苏公子口音，不像是咱们梁邑县的人啊，在下从苏州来。”哦，要和陌生人开启话题，在不知道对方喜好的情况下，当然最好就是从对方的家乡说起。这玩意儿，徐小贤可擅长了。前八景、后八景、续四景，东西望月、南市小烟、北山春眺、水村渔笛、长山蓝翠，还有“大臣第一水乡”之称的贞丰里。 苏州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啊！朱仲举和苏平安顿时都惊呆了。朱仲举想的是：这徐小贤曾经当真是个书呆子吗？他是如何知道苏州的？居然还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仿佛他曾经亲自去过一样。而苏平安却在震惊的同时，一脸懵逼。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生在了假的苏州，因为徐小贤说的这些一听就极美的景致，他居然一无所知。陪坐在徐小贤身旁的志蕊两眼冒星星，他仰着头看向了自家的少爷。 死活就想不明白，这一同长大、绝对没有出过梁邑县的少爷是如何知道苏州的。但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像少爷将那两位公子给唬住了。苏平安不敢问，他觉得问了就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所以他脸微红，笑得有些牵强。许公子博学，在下实在佩服的紧。他觉得回了苏州之后，得赶紧去问问妹妹苏菲。妹妹好游也好书，估摸着妹妹会知道。那自己也得去看看徐小贤说的这些景致，增长点见识，以免显得的自己如此的孤陋寡闻。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徐小贤为两人斟上了茶，茶烟淡淡，语气淡淡，偏偏就显出了一副深邃莫测的模样。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苏少爷，你家是做丝绸生意的？苏平安连忙拱了拱手，在下家里主要是当官的，这丝绸生意是顺带做做。这个比装的好。徐小贤顿时对这位苏公子高看了一眼。既然这位苏公子有如此家世，那当然得和他打好关系。比如现在就有借用到这位苏公子的地方。 但他并没有立马提出，而是看向了朱仲举。朱少大明在下仰慕已久，今日得见，果然是人中龙凤。一通马屁先丢了过去，说的朱仲举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不就是家里有几个臭钱吗？文才没有一斗，哪里当得起什么人中龙凤？但朱大少爷就喜欢有人夸他，此刻一听，顿时忘记了心里的烦恼。他也连忙拱了拱手，惭愧，惭愧，还是徐少的理想才叫崇高啊！令在下汗颜，实为我辈之楷模呀、啊！要的就是你丫有这个想法。 徐小贤咧嘴笑了起来，徐小贤端着茶盏前举了一口，看向了朱仲举，面色顿时严肃，极为认真的说道：“不瞒朱少，有了朱少大义相赠的三百两银子，百花村最多只需要两年时间就可脱贫致富奔小康。”徐小贤没有理会两人不解的目光，而是又说道：“这蚊香是百花村脱贫的第一步，算不得什么大事情。这第二步，我打算在百花村建立一个造纸作坊，这东西是未来百花村的主要支柱产业。我想的是将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这个造纸作坊的规模大致占地三百亩，日产纸张三千斤，比宣纸略差，比桑皮纸要好。一个巨大的饼就这样被徐小贤给画了出来。苏平安和朱仲举哪里想到徐小贤还有如此长远的计划？此刻一听，便顿时惊为天人。这才是高瞻远瞩，这家伙当真是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反观自己，一个是官二代，仗着家里的硬币，十七八岁了还活得懵懵懂懂；一个是富二代，仗着家里有钱。 同样十七八岁了，还一事无成，两相对比，二人顿时觉得羞愧难当。尤其是朱仲举，他仿佛明白了自己在妓院的心里输在了哪里。两人盯着徐小贤那淡然的面色，又听徐小贤徐徐说道：“这里面有朱少的功劳，我徐小贤不可独享，故而在下想邀请朱少共同来做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件利国利民的事，参与的人越多越好，人多力量大嘛。比如苏公子，我估摸着苏公子以后也是要入仕途的，这件事。” 可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功劳，唾手可得之，不知苏公子愿不愿意？他居然将这么大张饼抛了出来与他们分享。朱重举顿时觉得自己此前的言语简直是侮辱了徐小贤。他没有担当吗？他是那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吗？他不是。这件事他本可独自去完成，去成就他的美名。可他现在却大大方方的拿了出来，要与自己和苏平安同享。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这就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这样的人才堪称人中龙凤啊！ 朱仲举立马举起了手，许公子高义，我朱仲举以你马首是瞻，此后听凭许公子差遣。苏平安脑子更加活络，他是极有可能受举荐而入朝为官的。若是真的在踏入仕途之前有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会为自己未来的仕途增添许多的光彩。他也立刻举起了手，许公子，在下也愿意奉上纹银三百两，在为百花村百姓那啥，对对，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伟大事业献上一份微薄的力量。志伟眼睛都看直了，他咽了一口唾沫。 心想，那造纸作坊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这两位公子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徐小贤放下了茶盏，依旧一脸的严肃。他没提那三百两银子这件事，就以我们三人为核心。其中我呢，主要是出谋划策；朱少为主要负责人。苏少，你家的生意既然都做到了梁邑县来，想来销售的渠道建立的不错。这蚊香和纸就依托于苏少的渠道去打开销路。但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这两件事是公益事业，它没有利润可言。 渠道回款的银子得交给我来统筹，为的是百花村将来能够更健康的发展。若是你们二位同意，咱们得白纸黑字写清楚，共同署名，算是这公益事业的协议。不知二位可有意见？徐小贤初来乍到，他倒是想要自己去建立最为重要的销售渠道，可他却明白现在自己连梁邑县都未曾走出去过，哪里可能在短时间将渠道建成？而苏平安正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得抓住苏平安，这渠道得借助于苏家的势力。 却得在协议中厘定好未来的规矩。智蕊又咽了一口唾沫。蚊香若是真卖五十文钱一盘，他是知道其中的利润的。就在徐小贤殷切期盼的视线中，朱仲举表态了：“许公子，我反对。”徐小贤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古人还不好忽悠了。可接下来却听朱仲举无比真诚的说道：“此事为许公子发起，并且已经在执行之中。我自己有几斤几两，我清楚，万万当不得这事的负责人。”徐小贤一听，顿时放下了心来。这朱仲举，他必须当这负责人。 朱兄啊，徐小贤忽然悠悠一叹，语气中极为遗憾。你知道我有病，我拒绝了华神医为我复诊，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情况。这是一件持久要做下去的大事。这样给你们说吧，若是在百花村取得成功，我的计划是将这成功的经验覆盖到整个梁邑县。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我，他抬头看向了天边的夕阳。我在这件事中的影响力越小越好，最好是无人知道，这样才便于朱兄以后去继续完成这伟大事业啊。朱仲举懂了，苏平安也懂了。 他们默默的看着一脸萧索的徐小贤，才明白这同龄的少年想的有多远，想的有多周到。他这是要深藏功与名，却要将这功与名送给他们两人。这是一份多大的恩赐？对于朱仲举而言，他会成为梁邑县的大善人，他会得到梁邑县所有百姓的尊重，甚至极有可能名动凉州。这会带动他家的生意，甚至可能在他的手里完成他爹的夙愿，将生意做到凉州城去。对于苏平安而言，这仅仅是他一句话的事。 但他收获的却是一个能体察民情、能因地制宜、带动一方富裕的绝佳考评。但徐小贤得到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他甚至还要操心账目的问题。他无怨无悔，却送了自己一场大富贵。现在二人能说什么呢？徐小贤估摸着命不久矣，这件事我们二人当一间抗下，尽量让婆枝能够轻松一些。许兄，感激的话我和朱少就不多说。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两人的兄弟。今儿晚上。 我做东在淡水楼，请许兄喝一杯酒，以表达我苏平安的感激之情。这是三百两银票，让许兄操心了。徐小贤伸手接过了这三张银票，随手就放在了桌上。如此，我便起草一份协议，一式三份，各持一份，明确责任，也明确一下未来的方向。志蕊、嬷嬷，至于淡水楼就不去了。有那银子，莫如投入到这公益事业中来。苏平安顿时觉得有些愧疚。徐小贤心心念念都是这伟大的事业，而自己呢，想的却是在淡水楼吃酒。 这就是境界的不一样。当以繁之为静，三省吾身。眼见着就到端午了，这徐小贤既然受了先生的邀约，他本应该在府上为这次文会准备的呀。可他这两天究竟在干什么？季玉儿坐在三位书屋的书桌前，看着外面的梨树，心儿有些不太安稳。他的面前放着一张纸，这张纸上有一道算学题：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有物最少几何？答：有物最少二十三。 这纸上的墨迹早已干透，可季月儿依旧将这张纸放在桌上。本还期盼着某一天那人又来到了三位书屋，又留下一道算学题。人家以花为媒，我们这是以树为界，显然比花为媒更有趣味。可他却在未曾来过。就在季月儿颇为忧愁的时候，季心儿飞一般的跑了进来：“姐姐，姐姐，我算是弄明白了！”红衣少女一屁股坐在了季月儿的身旁，端起已经微凉的茶水，咕噜咕噜就喝了个干净。她抬起手臂抹了抹嘴，一脸的兴奋。 前两天，他带着朱重举和苏平安去了一趟百花村。看模样，那两个公子似乎在跟着他捣鼓文香的事。昨儿个，朱重举带着他的十来个家丁，弄了许多的条幅，还有五颜六色的小旗。那小旗就这么大，纪星儿用手在空中一画，嘻嘻，你不知道呢。其中最大的那张条幅长，估摸着有十丈，就挂在了竹林书院外的牌楼上，上面写着一行斗大的字：“百花文香端午文会，欢迎您的光临。百花文香，天下无双。”书院里面也有足足十来张条幅，环绕在整个文会广场的周围。 我看张老夫子的脸都绿了，季玉儿心眸一闪，徐小贤这是带着朱重举和苏平安一起在做这个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仅仅是因为朱重举投资了三百两银子？少女觉得这事儿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她能拉着这两人一起做也挺好，至少人手会更充裕一些。可接着她便又听见季星儿叽叽喳喳的说道：“姐，他那条幅其中有三幅不是写的‘许氏闻香’，那是写的啥？写的是‘百花纸叶，一夜云彩，缕缕清香’。” 还有百花纸业，恰似你的温柔，美好你的生活每一天。百花纸，你值得拥有。季星儿一脸的好奇，他这是要干啥？他这是要干啥？季玉儿也不知道呀。百花纸业是个什么东西？听起来肯定是和纸有关。难道他真是要在百花村造纸？不对啊，造纸这个东西，除了工部的造纸司之外，就只有宣州府张氏懂得造纸的技法。自己这三位书屋卖的纸，可全是张氏造纸出产的。他若是真造出了纸， 不可能，他压根就没出过凉邑县，他怎么可能懂得造纸？季玉儿也糊涂了，心里有些隐隐担忧。前来参加竹林书院文会的学子们基本都已到齐，明儿便是端午，他们都会去竹林书院。他们会看见那些条幅，他捣鼓的这些东西，想来是为了宣扬。那蚊香倒无所谓，因为它真的很不错。但只这个东西，百花村可在修建造纸作坊？季玉儿问了一嘴。季心儿摇了摇头，正在建蚊香作坊呢。不过我问了问李大爷。 李大爷说：“这蚊香作坊建好之后，就会建造纸作坊。这么说，他真要造纸？肯定的了。刚才遇见周若兰，他说他那表哥仿佛得了魔障。还有那苏公子，按说苏公子应该见多识广，可这两人却偏偏在为蚊香和造纸这两件事忙碌。说是受徐小贤之意，那些用来做条幅的布，全是朱仲举从自家铺子里取的，据说差点被他爹给暴打一顿，简直是疯了。”顿了顿，纪心儿又问道：“姐姐，你说前两天这二人去过一趟徐府？” 会不会是被徐小贤那疯病给传染上了？季玉儿给妹妹丢了个白眼，心想她宣传商品的这法子倒是不错，只是这是文会啊，诗词文章才是最重要的事，她却似乎没有放在心上。走，咱们去书院瞧瞧。竹林书院院长张长举、张老夫子一脸绝望，他的视线从那些条幅上收了回来，看向了张环。环公，这这算个什么事？书院乃文气之地，但现在似乎充满了浓浓的铜锈味道。明儿各地的学子们来了一看。 可是会耻笑咱们竹林书院的呀！张桓公这时候也极为震惊啊，他是答应了徐小贤在这文会会场拉扯条幅，却没料到徐小贤会搞出这般阵仗来。关键是这时候朱仲举还在指挥着他的家丁，正在吆五喝六。这一幅挂在文台前面，那谁，你去砍两根长竹子来，将竹竿插在文台两侧。这一幅挂在俩竹竿之间，茅房的屋檐下也去挂两幅。这文会要开那么久，他们肯定得要入宫。还有，还有。 把所有的桌上都贴上这小广告，蚊香和百花纸各贴一张。咱们做的扇子好了没有？去给我催催，若是不能按时交货，告诉何瘸子，老子要他赔到破产。所以，凡之啊，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啊！可张桓公这时候不能责备徐小贤啊，他还指望徐小贤拿下文奎，帮他赢回来那一千两银子呢。长举啊，你不觉得这样气氛更浓郁了吗？张桓公觉得有些脸红，却依旧说道：“你瞧瞧，这偌大的会场，到处都是旌旗飘飘。” 还五颜六色的，是不是显得更生动活泼了许多？老夫倒是以为，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恐怕还能够激发学子们的灵感，让他们的才思更敏捷一些，对吧？这分明是在张嘴说瞎话！这么奇异的东西，肯定会吸引学子们的视线，这会分了他们构想诗词的心思，哪可能激发他们的灵感？张老夫子整个人都不好了，可他也不敢责怪张桓公呀、啊，毕竟人家是大臣名士，是自己好不容易才请来的客座教授。再说，金穗文会能够引来数以千计的学子文人。 还不是因为这张桓公手里的那个举荐名额吗？他能怎么办呢？看着这些乱七八糟的被朱重举那厮叫做广告的东西，只能捋着胡须黯然神伤，问了一嘴：“当真这文魁会落在咱们梁邑县？是落在你竹林书院？”张老父子就不明白张桓公为何如此笃定。他意味深长的看了看张桓公，心想：莫非是这位大家做好了诗词，给了竹林书院的某个弟子？他会给谁呢？难道是给竹林书院而今最有才气的安和花？ 这个学生品学兼优，诗词文章在竹林书院算得上佼佼者，并且这个学生出自寒门，正是张桓公喜欢的那种类型，极有可能是这个安和花。这可是作弊啊！不过举荐之名额如此珍贵，张桓公出此下策，一来是为了竹林书院的名声，二来嘛，这安同学颇受张桓公喜欢，主要是穷，张桓公将这名额给了他，便一飞冲天，倒是成就了一番佳话。如此一想，张老夫子也放下了心来。 忽然觉得看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广告也不是那么碍眼了。他没有看见张桓公说完这句话之后的忧虑。徐小贤，老夫可是答应你了，你小子还有心思搞这些玩意儿？你是不是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你若是拿不下这文魁，老夫的这张老脸丢了倒无所谓，可老夫心疼那一千两银子，没赢到那一千两银子还得赔给魏老夫子一千两，老夫去哪里弄一千两银子来赔？若是你小子当真输了安和话，老夫就对不住你了，得卖了那举荐名额去还债啊！ 穿着一身白衣、仙气飘飘的季玉儿和穿着一身红衣、英姿飒爽的季仙儿来到了竹林书院。马车停在了竹林书院的牌楼前，季玉儿仰着修长的脖子，看着牌楼上那无比醒目的条幅，张开了小嘴儿。百花闻香端午文会，欢迎您的光临。百花闻香，天下无双。好漂亮的一笔行书，只是它挂在这牌楼上，怎么就觉得有些刺眼呢？仙气飘飘的少女咽了一口唾沫，走进了竹林书院。在这一瞬间，她仿佛觉得自己来到的地方不是那熟悉的书院。 而是兰桂芳，少女愕然了片刻，扫视了一眼四面八方无处不在的条幅旌旗，这才惴惴不安的向先生走去。先生，这张桓公老神在在，他捋着胡须微微一笑，是不是很震撼？这实在是严重超出了季鱼儿的想象，他只能点了点头。你记住了什么？学生记住了百花蚊香和百花纸叶。你看，这就对了，这就是繁制药的效果。可婆之究竟在干什么呢？他应该在筹备着明儿的诗词吧。 明儿文会的题目由他张环来出，出个什么题目才能恰好合了婆芝的构想呢？令张环公心心念念、牵肠挂肚的徐小贤，这时候在他的府上，他依旧坐在闲云水榭里，看着对面的苏平安，淡定的说了一句：“哎，其实我是不想去参加这文会的，可为了咱们的广告能够宣传的更好，这才和张环公达成了协议，我只好去将这文会的魁首取了，倒是有些愧疚，觉得对不住那些才子们。”徐小贤摇了摇头，端着茶盏一声叹息：“这太欺负人了呀！” 一股浓浓的笔味砸在了苏平安的脸上，令他愕然张嘴，久久未能缓过气来。夕阳西下，倦鸟归巢，淡水楼上，时已有时，正是晚饭时候。淡水楼的生意特别的好，因为从凉州各地来了数以千计的学子文人。竹林书院每年都会举办几场文会，却都仅限于这凉邑县的学子文人。唯独今年的这场端午文会吸引了凉州八县，包括凉州城的才子们。他们当然是想要在这文会中一展才华，夺得魁首。 为的是张桓公的那一个举荐名额，从凉州北秀书院来的北秀三杰也不例外。此刻他们正好来到了淡水楼前。梁义县这地方在凉州的名气还是挺大的，因为这里可是皇上当年起事之处。当然，皇上推翻离朝用了八年，距离现在已经足足二十四年了，皇上也未曾再回过这里，这地方几乎都被遗忘了。北秀三杰之首的齐文杰看了看这淡水楼，又道：“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淡水楼也有一些来头。二十四年前。” 皇上就是在这淡水楼和云楼先生见的面，也正是那一次见面，才有了皇上兵出梁益，逐鹿天下。文杰兄，这云楼先生是何许人？北秀三杰的老三，年仅十四的宋思杰好奇的问了一句。齐文杰拍了拍宋思杰的肩膀，放低了声音，极为认真的说道：“这事莫问，以后你若是当了官，就更不能问，忌讳。”哦，宋思杰一脸懵逼。老二常旭杰这时候忽然指了指外面刚好停下来的一辆马车：“你们瞧瞧。” 那是不是水阳县的大才女柳烟梅？齐文杰和宋思杰转头望了过去，齐文杰点了点头，还真是她。去岁他来参加咱们北秀书院中秋文会，做的那首《临江仙·中秋》，可是获得了满堂喝彩。可最后还不是输给文杰兄你了吗？这她是一女子，能有如此才华，已经极为少见了。常旭杰忽然一笑，低声说道：“文杰兄，咱们三人来吃饭也不够热闹，不如请了这柳烟梅同席，如何？” 常旭杰可是费了心的，要巴结好这位齐文杰。凉州齐家虽然是个商业世家，可这位齐文杰的小姑却是凉州刺吏曹不动最宠爱的小妾。这一次齐文杰来凉邑县，一来当然是为了张桓公那举荐的名额。曹不动虽为刺吏，却无举荐之权利。这二来嘛，当然是为了这凉邑县一个叫徐小贤的家伙。齐文杰和周作周阎王关系不错，要论起来，齐文杰还比周作高了一个辈分，但二人却以兄弟相称。周阎王有权有势，虽然识字没有问题。 但若是说做诗词文章，这显然有些难为了他。齐文杰家里有钱，但势力显然无法和周延望相比。曹不动可是他的亲外公，齐文杰那小姑不过是曹府的一个小妾，所以齐文杰借着周延望的是在凉州城也算是混得风生水起。而周延望流连花丛中，需要齐文杰的才，这厮拿了许多齐文杰的诗词去青楼装笔。据说凉州兰桂坊的花魁柳青青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周少爷当然不在乎钱。 人家在乎的是这种令柳青青心甘情愿宽衣解带的满足感，而他常旭杰家里同样也是在凉州经商，只不过仅仅是个小商人罢了。为了自己家里的生意能够平平安安的在凉州城经营下去，他想要攀附周阎王，可人家压根就没正眼看他一眼，所以他必须曲线救国，将心思儿用在齐文杰的身上。齐文杰对柳叶梅心心念念，这是常旭杰知道的。这时候既然巧遇，那便顺便帮齐文杰撮合一手。另外呢？ 这次来还有一个讨好周阎王的好事。上次周阎王来梁邑县，那叫徐小贤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砍了周公子一刀。这一次听说那徐小贤会参加文会，按照周公子的意思，那小子肯定也是为了这举荐的名额。这名额当然不能被徐小贤得到，所以北秀三杰都来了，为的就是在这文会上让那个叫徐小贤的王八蛋把脸丢尽，给周公子解解气。当然，这是小事，让齐文杰泡到柳烟梅才是大事。齐文杰此刻心一抖，又看向了刚刚下了马车的柳烟梅。你们瞧。 人家身边可还有三位学子呢，都是渣渣，给文杰兄提鞋都不配，一并请了。常旭杰话音一落，便抬步向柳烟梅走去。他来到了柳烟梅的身边，拱手一礼：“柳姑娘好，去岁中秋一别，转眼半年过去，能够再次在这梁邑县相遇，倒是个缘分。”我家师兄宋旭杰指了指齐文杰：“我家师兄对去年那场文会可记忆犹新，特别是对姑娘的那首《临江仙·中秋》，更是赞不绝口。我家师兄说，柳姑娘不让须眉，令他极为佩服，所以在下想。” 能否请姑娘和诸位兄台同聚？柳烟眉嫣然一笑，她自然认得这位赫赫有名的北秀三杰之一的常旭杰。小女子未曾料到，这梁邑县的小小文会还惊动了三位师兄。既然三位师兄来了，这梁邑县的这场文会便没有了悬念。恭敬不如从命，小女子也想请教三位师兄一番。常旭杰大喜，伸手一引，姑娘请。就在这个时候，朱重举和苏平安还有徐小贤也来到了淡水楼。这两天忙得够呛，终于将广告这事给办妥了。 百花村还赶出了一批蚊香来，这当然不是在作坊里生产出来的，而是在李大爷他家里。朱大少爷觉得这事儿极有成就感，当然得庆祝一番。唯一遗憾的是，他去敲了徐小贤隔壁的门，想要将季仙纪季玉儿一并请了，哪知道里面的仆人说这姐妹二人出去并未曾回来。徐小贤对此并没有阻拦，他想的是能够见见季玉儿也好，虽然季中谈长得一副尖嘴猴腮的模样，说不定季玉儿会稍微好一点，可终究遗憾季玉儿没有在家。也好。 见面不如闻名。这一次他没有带上智蕊和来福，因为朱大少爷邀请了三个竹林书院的名人。待会他们来了我，我介绍给你认识一下。不对，你应该认识。三人向淡水楼大堂走去，徐小贤居中。他问了一句：“说一个来听听，我看看能不能想得起来。”安荷花，女的。朱仲举看了看徐小贤，这家伙难不成真忘记了从前？男的，杜鲁门，可记得？徐小贤一惊，这名字霸气，不记得。 三位公子好！就在这时，陶喜陶掌柜在门前招呼了一声。刚刚踏入淡水楼的齐文杰还以为叫他们呢。他淡淡的挥了挥手：“你就是这里的掌柜，给我们来一间雅间。”陶喜转身，不好意思的说道：“这位公子，雅间没了。”徐小贤三人也走了过来。朱仲举这厮哈哈一笑：“陶掌管，老规矩，好嘞，二楼仙客来雅间请。”齐文杰脸上的神色陡然一变：“你特么不是说没有雅间的吗？”宋旭杰一瞧。 立马瞪了陶喜一眼，怎么，这淡水楼还不一个先来后到了？我们从凉州而来，你是怕我们给不起银子，还是咋的？陶喜连忙拱了拱手，公子是这样，这位朱公子早就订了一间雅间，诸位公子确实来迟了一些，楼上的雅间真没有了。他给了多少定金？我出十倍。啊，朱重举给个屁的定金，作为这淡水楼的大金主，他根本就不需要给定金。陶喜有些为难的看了看朱重举，徐小贤淡然一笑，说话了。 朱公子不是给了一百两银子的定金吗？宋旭杰顿时傻了眼，这特么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哪里的酒楼需要一百两银子的定金？这一桌席面才不过区区一二两银子。宋旭杰看向了徐小贤，这位兄台看起来也是个读书人，是来参加文会的啊？是呀，准备拿个魁首。这话一出，齐文杰那一群人，甚至这大堂里看热闹的人，顿时都笑了起来。这特么谁给他的自信，居然敢口出狂言，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此间绝大部分都是各地来的学子文人，自然明白这魁首可不是那么容易得的。尤其是其中有人认出了北秀三杰，顿时惊呼了一声：“呀，那不是凉州北秀书院的北秀三杰吗？”完犊子了，他们来了，我们哪里还有希望？这话传了过来，宋旭杰等人听了很是受用，心想：凭着咱们北秀三杰的名头，面前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总应该知难而退了吧？可他们未曾料到的是，徐小贤忽然转头看向了朱重举，很是惊讶的问了一句。 北秀三杰是什么东西？很出名。朱仲举不是文化人也不知道啊。他随口就答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管他，又不影响你夺得魁首。走走走，喝酒要紧。卧槽，宋旭杰顿时瞪大了眼睛，这梁邑县还有如此猖獗的主？等等，眼见着这三人真的转身就走，宋旭杰决定给点厉害给这三个乡巴佬瞧瞧。咱们打个赌，我这有一副对联的上联，若是你们能对得出下联，咱们甘拜下风。 若是对不出来，也不需要你们赔礼道歉，把雅间让给我等，如何？徐小贤回头，神经病！那本来就是我们的房间，谁吃饱了和你对对联？再见！他们走了。就在所有人震惊的视线中，徐小贤三人穿过了大堂，踏上了楼梯，丢给了他们一个仰望的背影。过了时息，才有人忽然问道：“那少年是谁啊？”鬼知道。不过在下倒是佩服他那脸皮，这天底下恐怕再难找到比他那脸皮更厚的人了。李兄此言不假。 他居然敢说要拿魁首，莫要说北秀三杰，就凭李兄的文采，他也万万没有可能。喝酒喝酒，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梁邑县屁大个地方，那少年没有见识也很正常。你们大惊小怪什么？对对对，宋兄是吧？这上面还真没雅间了，要不就在这下面凑合坐坐，待会再下来敬你们一杯。宋旭杰还能怎样呢？这巴掌大的梁邑县，像样的酒楼仅此一家。既然是要请齐文杰，那就只能在这里了。他深深地望了望那楼梯。 那厮倒是聪明，没敢硬下来对对联，否则本公子定要叫你好看。有柳烟没在这里，齐文杰也表现得很是大度。他摆了摆手，对宋旭杰说道：“算了算了，别为了那无知小辈影响了咱们喝酒的心情，就在这里坐吧，倒是热闹的紧。”好，那就委屈齐兄和柳姑娘了。掌柜的，把你这里的拿手好菜都上上来。陶喜一脸欢喜的走了过来，递给了宋旭杰一张制作精美的菜单。这是他听了徐小贤的主意弄出来的，效果极好。公子。 这前面的六道菜皆是本店的招牌，就是价格，您瞧瞧会稍微贵一点，但小人保证几位公子小姐吃了之后会赞不绝口。这话有些大啊！宋旭杰接过菜单一瞧，顿时吸了一口凉气。掌管的，你家开黑店呀、啊？一道豆腐二百文钱，你怎么不去抢呢？讨喜依旧满脸的笑意。这个这道菜叫平桥豆腐，算是六道菜中最便宜的。公子若是觉得贵了，可点这后面的。您瞧瞧，凉一烧鸡才一百文钱，这道干腰合炒才六十文钱。 宋旭杰就不乐意了，你这是瞧不起本少爷？那就把这六道菜都给本少爷上来，咱先把话搁在这里。若是不好吃，宋旭杰本想说别怪本少爷砸了你的店，可这里是梁义县，人生地不熟的，好像不太好砸。于是他又道：“掌管的，你可得赔我双倍的银子。这”这陶喜就不乐意了，你一家伙吃了，反过来说不好吃，我能有啥办法？他正要劝这穷酸少爷点别的菜，隔壁一张桌子的一个少年说话了。那少年端着酒杯，眯了宋旭杰一眼。 语气淡淡，却有些不耐烦。人家明码实价，若是吃不起，这梁邑县还有别的馆子。若是怕味道不对，本少爷这里还剩下了少许，你大可以来尝尝。为了几两银子，难为人家掌柜的。身为读书人，还要不要点脸面了？这话可就很是刺耳了。宋旭杰忽然觉得今儿出门没看黄历，刚刚才被一少年给怼了一顿，这时候又被一少年给怼的，心里堵得慌。你又是谁啊？本少爷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北都侯府老三罗灿灿。怎么？ 是不是要本少爷也对对你那对联？这位少年这话一出，顿时满堂皆惊，鸦雀无声。北都后府，这是一个他们根本就难以忘记的存在。北都后罗浣溪，大臣武后之一，曾经的大臣刀旗右指挥使，封地就在这北凉府的靖州，距离凉州仅仅三百里距离，掌管着大臣北境足足三十万大军，其中就有大臣刀旗三万。莫要说宋旭杰这样的渣渣。 就算是北凉府的府台大人到了北都后府，也得恭恭敬敬的等待侯爷的传唤。所以宋旭杰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收回了视线，生怕惹来了杀身之祸。这位罗灿灿似乎也对宋旭杰毫无兴趣，他忽然对陶掌柜问道：“掌柜的，你家的这几道菜味道确实不错，比我家里皇上赐给父王的御厨做的还要好吃。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从何而来？”陶掌柜也吓了一大跳啊，他这小店居然来了这样的一位神仙，他连忙躬身回道。 回三少爷，小人不敢欺瞒，这方子是从咱们梁一县徐小贤处得来。听到徐小贤这个名字，罗灿灿忽然眼睛一亮。徐小贤，就是那书呆子后面还得了疯病的徐小贤。回三少爷，正是。罗灿灿笑了起来。那掌柜的能否带本公子去见见那位徐小贤？啊，这怎么不方便？不是，三少爷，刚才上楼的那三人中间那位就是徐小贤，许公子。罗灿灿一愣。 就是说要夺了这次文魁的那小子，正是罗灿灿一脸诧异，转头对身旁的一位老者说道：“看来有点意思。”老者捋着长须一笑：“可能真有点意思。要不咱们上去认识一下？”三少爷，这事儿再等等。好，也不知道那疯婆娘追到哪里了。哎，走吧。罗灿灿站了起来，抓起了放在桌上的剑。路过宋旭杰身边的时候，忽然拍了拍宋旭杰的肩膀，吓得宋旭杰一个机灵。做人大气一点。另外呢？ 在梁义县收敛一点，你瞧，本少爷都不敢在梁义县嚣张，你狂吠个屁啊！然后他就双手抱剑在胸前，带着一个老者还有两个带刀侍卫出了门，消失在了渐暗的夜色之中。淡水楼的大堂里才陡然传来一阵唏嘘之声：“卧槽，居然在这里遇见了北都侯府的三少爷！据说这位三少爷的剑可厉害了，当然，人家师傅听说是西来剑宗那位宗主大人，大臣剑圣李黑白。是啊，听说三少爷的剑已经得了这位剑圣的七分火候。” 放眼天下，也已经是了不得的高手了。你们说，像他这样高贵的人，跑这破地方来干啥？听他刚才说的那话，好像是被哪个女人给追到这里来的。他那身份还怕什么女人？难不成是某个公主？别瞎说，小心祸从口出。我倒是对这徐小贤有点兴趣。听说这徐小贤脑子有精神异常之症，可不是吗？李兄，出来！梁义县不知道，那徐小贤去岁乡试本来高中，但放榜的时候却无名，然后就疯了。这是华神医亲自诊断的，咱们梁义县人都知道。 所以他说要夺了魁首，那不过是疯子言语罢了。可不对啊，这六道菜咱们也点了三道，确实好吃。这是疯子能做出来的吗？反正他就是个疯子，谁知道呢？人们议论纷纷，居然所讨论的全是那徐小贤，大名鼎鼎的北秀三杰就这样被所有人给忽略了。和齐文杰同坐一桌的柳烟梅也被徐小贤的故事吸引，她忽然问了一句：“听说季府妓院和那徐小贤有了婚约？”“解除了。”季县令哪里会将女儿许配给一个疯子？ 你恐怕不知道吧？听说季玉儿在徐小贤隔壁买了个院子，好像是要回心转意了。下楼来接安荷花三人的朱仲举正好听见，他的心仿佛被人万箭穿心。他扫了这群人一眼，人家徐小贤和季玉儿郎情妾意，你们特么的吃饱了，在这嚼啥舌根子？这话就有点拉仇恨了。大堂里的许多少年便看向了朱仲举，有人问道：“你又是谁啊？”“我就是朱仲举，土生土长的梁邑县人。我可告诉你们，看你们都特么的是读书人。” 这背后论人是非是读书人该做的事吗？有关心别人私事那闲情，还不如多想想明儿个的文会。朱仲举忽然举起一只手来，一划拉，我告诉你们，徐小贤既然说了他要那魁首，其实你们吃了这顿饭就可以回去了，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我操！这梁邑县的人当真是狂妄啊！此间顿时群情激愤，却又以嘲笑居多。那疯子若是都能夺了文魁，本少爷明儿个当着所有人的面跪在他徐小贤的面前，叫他一声贤爷。 徐小贤若是夺了文魁，老子吃翔半斤。你们也是，和这梁邑县的土鳖叫个什么真？他们就是井底之蛙，哪里知道这天下之大？好，老子记住你们了。明儿个若是徐小贤真夺了文魁，你们这些发过誓的，一个都跑不了。等等，你若是输了当如何？我若是输了，请你们所有人在这淡水楼吃三天三夜，再去对面的兰桂坊逍遥三天三夜。一言为定，请文杰兄三位作证。好，若有违约者。 天打五雷轰！等等，原本已经走出去的北都侯府三少爷罗灿灿，居然在这时候又走了回来。他就这样抱着一把剑，淡淡的站在了淡水楼的门口。此间顿时鸦雀无声。刚才你们打赌，这是本少爷听见了。恰好明儿个本少爷也想去那什么文会上看看，这裁判之事就由本少爷来做，保证公平公正，如何？罗三少爷发话了，谁敢反对？于是所有人点头，却不料这位三少爷是个做事认真的主。 本少爷是个讲道理的人，愿赌服输，却也要笔墨为证。取笔墨纸砚来，刚才你们的赌约的白纸黑字落在纸上，免得有人过后不认账。各自写吧，别怕。那文魁是那么好拿的吗？嗯，把名字署上。掌柜的，拿一方印泥来。你们十三人摁个手印。在罗灿灿的监督之下，刚才立誓的十二名少年写下了誓言，签了名，还摁了手印。朱仲举当然也不例外。罗灿灿好整以暇地将这张纸递给了身后的那老者。 扫了一眼满堂的少年，忽然对朱重举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是北都侯府三少爷罗灿灿，你告诉徐小贤一声，好生活着，来日方长。”撂下这句话，他又转身走入了夜色之中。大堂里的言语却低了许多，一来是担心那罗三少爷万一啥时候又跑回来了，二来是这位三少爷这话究竟蕴含着个什么意思？朱重举被夏罗灿灿的这身份吓了一大跳，他也品了半天那句话的意思，不明所以。 心想，大致是这位三少爷吃了这淡水楼的美食，对徐小贤生出了爱才之心。若是徐小贤能够入了这位三少爷的法眼，啧啧啧，这家伙以后在梁邑县，不是在整个北境都能够横着走了。这倒是个好事。那位三少爷的那句话里似乎没有恶意。如此一想，他也抬步走了出去，才发现自己有些冲动了。徐小贤不过就说了一句，他要拿文魁，我特么怎么就当真了呢？他丫万一拿不到，这得花多少银子？不过朱大少爷又淡定了下来。 不就是花点银子吗？总比吃翔好吧。万一他真拿下了文魁，这事儿可就好玩了。柳烟眉眉间轻蹙，一来他也很反感这个叫朱仲举的如此狂妄，二来却是因为妓院。至于这位北都侯府的罗灿灿，距离他太过遥远，他反而并没有放在心上。梁逸县鼎鼎有名的大才女妓院，她她居然喜欢上了一个脑子有病的人，这算个什么事？柳烟眉自然是为妓院感到不值，觉得他这是在作践自己。 虽然他未曾见过季玉儿，但季玉儿既然有那么高的才华，想来也是心高气傲的女子。她为啥会喜欢上了那疯子呢？难道这些人嘴里说的关于徐小贤的事是假的？可不像呀！作为文人，哪里有无中生有、如此埋汰别人的道理？明儿个见到了季玉儿，得问问他其中缘由。柳烟梅在这时候忘记了，她是要来找季玉儿挑战的。作为梁邑县的临县水阳县的大才女，她当然想要和季玉儿比个高下。但现在同为女人，她忽然有些同情季玉儿来。 既然两人此前有婚约在身，就算是那婚书收了回来，也总是会遭受那些无知的人的流言蜚语。季玉儿为了自己的名声，只能负重前行，想要和徐小贤重修于好。徐小贤脑子有病，他自然愿意。这就是刚才那朱公子所说的“郎情妾意”，其实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罢了。季玉儿的心里一定很苦。那徐小贤，柳叶眉心里一叹，这人脑子有问题，不会有错。不然哪个正常的人敢说出准备拿个魁首这样无知的话来？他怕是对魁首有什么误解。 就在柳烟没瞎想的时候，朱仲举已经接了安荷花三人上了二楼，进了雅间，门关上，将大堂的声音关在了门外。但安荷花三人却站在桌前，瞪大了眼睛。徐小贤，他们当然认识徐小贤呀、啊，毕竟曾经都在竹林书院读书。这徐小贤还因为独立特行的性格，在竹林书院极为出名。再说，就在前些日子，他还审视破案，惊动了整个梁邑县呢。只是他不是脑子有病吗？这位朱大少爷怎么把他也给请来了？发什么呆？来来来！ 请坐，我得给你们不，我得给你介绍一下。朱仲举坐在徐小贤的左侧，他一一介绍道：“这位就是当今竹林书院排名第一的安和花，这位就是排名第二的杜如门，这位就是排名第三的周若琳，若兰的弟弟，我的表弟。”徐小贤淡然的笑着，逐一拱了拱手：“幸会幸会，果然是少年天才，个个都仪表堂堂。”安和花三人一愣：“不是吧？这家伙就像不认识我们的样子。”果然，徐小贤又说话了：“不瞒你们，我呢得了个不太好的病。” 然后忘记了一些事情，也忘记了一些人。哦，对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明儿文会你们可得要好好表现。虽然我要拿那文魁，但我不受张桓公的举荐，这是你们的机会，可得好生珍惜。三人顿时瞪大了眼睛，这徐小贤以前屁话没有一句，现在话倒是多了，可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呢？凉月巷子，季府，季月儿坐在凉亭里抿了抿嘴，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周若兰。朱仲举也真是，明儿个文会就开始了，他还带着徐小贤去了淡水楼，这多耽误事。 周若兰嘻嘻一笑，怎么担心你那许郎没拿下文魁？季月脸一红，在灯笼下倒是不太明显。他他答应了先生要夺得文魁的。哎，周若兰悠悠一叹，其实吧，月儿，啊，我说句不该说的，他得不得文魁都不重要，因为他不受桓公举荐。这文魁的头衔虽然能够让梁邑县的百姓对他另眼相看，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用处。你呢，也别太在乎这个头衔。当然，若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头衔，你弃他而去，这是好事。 说着这话，周若兰俯过身子，睁大了眼睛看着季月儿：“你会因此而气他吗？”季月儿羞涩的摇了摇头：“我早就想开了，只是若是他的名声能够在梁逸县更好听一些，若是有个文魁的头衔，这梁逸县的百姓看他的时候，恐怕白眼就会少一些。”其实季月儿的想法就是，徐小贤通过这次文会来证明他自己，证明他疯病好了，证明他确确实实有夺得戒元的实力，也证明他依旧有别人望尘莫及的才能。只有这样。 梁邑县的街坊们才会收起他们那带着色彩的目光，才会发自内心的尊重徐小贤，甚至畏惧于徐小贤。文人在百姓的眼里终究是有点位置的，何况还是文魁。好吧，反正我也不想劝你了。仙儿呢？我让他去淡水楼外等着徐小贤。周阎王两次对他下手，这次他没有带上他的仆人，我有些不放心。周若兰坐直了身子：“你呀，婚书还没送出去呢，就这样为他操心了。”季仙儿待在淡水楼外的一棵树上，像个猴一样。 他闻着淡水楼里飘来的诱人的香味儿，咽了一口唾沫。姐姐，这银子不好挣啊！徐小贤那家伙还不知道啥时候出来呢。哎，本姑娘可还没有吃饭。就在这时候，罗灿灿一行四人走了过来。在路过这棵树的时候，罗灿灿抬头望了一眼，光线太暗，他看不清楚树上是个什么东西，像个人。这大晚上的藏在树上，显然不是什么好人。他正要拔剑，跟在他身后的那老者却摁住了他的手，在他耳畔低声说了一句：“三少爷说好的，绝不惹事。” 罗灿灿又抬头望了一眼，可也说好的要来见徐小贤一面，去过上阳县之后再回来见也不迟。何况明儿个三少爷，您不是要去看看那文慧吗？罗灿灿想了片刻，跳到了另一个问题：福伯，你说南都侯府那疯女人，她会不会也追到这梁邑县来？那个叫福伯的老者沉默片刻，这是毕竟三少爷您做的不太妥当，惹了叶欢欢叶小姐生气，人家千里追来也正常。那就是说这梁邑县不宜久留，本来明儿一早就该走。 可三少爷，您又掺和了人家那赌约，至少就得在这梁邑县再待一天。罗灿灿那双剑没一样，好吧，咱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四人离开了那棵树下。罗灿灿又望了望那树上，纪星儿早已屏息住了呼吸。他不明白自己是如何被人给发现的，但他确信那一定是比他身手厉害很多的高人。罗灿灿在经过那棵树的时候，陡然出了一剑，剑光在黑夜中悄无声息的闪过，然后入鞘，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们向梁邑县走去。 季心儿这才拍了拍胸脯，松了口气。这梁义县啥时候有这么厉害的人了？单凭这份感知，似乎和娘都差不多了。这小小梁义县还能有谁？穿着一身夜行衣的少女，老老实实的猫在树上，注视着淡水楼的大门，期盼着徐小贤这王八蛋能够早些出来。此刻，徐小贤那王八蛋正在雅间里，一脸惊讶地看着朱仲举。那公子是北都侯府的三少爷，生得剑眉星目，身上带着一股我连问都不敢问的气势。 赌约就是在那三少爷的见证下签的，我也落下了名字。所以朱仲举握住了徐小贤的手。你说的，你要拿下那文魁。我刚才算了算，若是我输了，至少得损失文银千两。再问我爹要一千两银子，可没那么容易。所以，许兄，这事儿可就全看你的了。朱仲举一席话令安荷花三人大吃一惊，他们进阶看向了徐小贤，心想这家伙哪里来的勇气，敢保证自己得第一？徐小贤嘴角翘起个弯弯的弧线，你就放心吧，那文魁真的是我的。 我答应过张桓公的，可不能忽悠了他。有了这句话，朱仲举莫名其妙的就充满了信心。他松开了手，好，来来来，咱们吃菜，明儿个看他们吃翔。我操！徐小贤顿时看向了朱仲举，这货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就在这时，安荷花说话了：“徐小贤，你凭什么觉得自己会夺了那文魁呢？”这个问题，就连苏平安也想问问，只是他不太好意思，怕伤了徐小贤的自尊。 可他没料到，徐小贤却很认真的回答了安和花的这个问题。胸藏文墨虚弱骨，腹有诗书气自华。不是我徐小贤小看天下文人，若是要论作诗词，我恐怕天下无敌。嘶！此间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本已经放下心来的朱重举一听之后，顿时觉得心里又不踏实起来。哪怕他不懂诗词文章，却也知道文无第一这个道理。徐小贤这是癞蛤蟆打哈欠，口气太大啊！没有人相信徐小贤的这句话。 苏平安看向徐小贤的视线，甚至有些担忧。倒不是担忧他能不能夺得魁首，而是担忧他的病是不是又犯了。周若琳看了看朱仲举，觉得这个大表哥太不靠谱，那赌约是铁定的输了。而杜如门却淡淡一笑，他没有再看徐小贤一眼，拿着筷子大口的吃起了菜来。徐小贤不以为意，这牛皮吹的山响，当然有他的目的，为的是那些广告能够有更好的效应。朱仲举这时候才想起了一件事，另外。 那位三少爷似乎对你起了一点兴趣，他叫我带句话给你。徐小贤搜寻了一番记忆，确信不知道那什么北都侯府，更不用说三少爷罗灿灿了。他带了什么话？他让我告诉你一声，好生活着，来日方长。徐小贤顿时皱起了眉头，这话是什么意思？关键是自己和那罗灿灿不认识啊。他这是在提醒自己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北都侯府啊，如此高的存在，怎么会对自己这个梁邑县的小小秀才如此关心？ 苏平安也沉思了片刻，他极有深意地看了看徐小贤，还以为徐小贤和北都侯府有点关系，可一瞧徐小贤也一脸茫然，顿时哑然一笑。也是，堂堂北都侯府怎么可能和名不见经传的徐小贤有了牵扯？朱重举忽然贼兮兮地俯过身子，低声问道：“许公子，莫非就像戏文里演的那样？莫非你的真实身份是北都侯府的私生子？”徐小贤一听，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瞪了朱重举一眼：“想啥呢？你见过这么凄惨的私生子的吗？”朱重举嘿嘿一笑。 心想自己也是喝多了酒，想多了。如果徐小贤是北都侯府的私生子，他一定比现在还要凄惨。罗灿灿的这句话无法知道答案，徐小贤也很快将之抛在了脑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酒席在尴尬的气氛中吃完了。徐小贤一行出了淡水楼的门，来到了外面。季星儿终于看见了徐小贤出来，少女杀人的心都有了。行了，明儿见，你们先走，我自己回去。说着这句话，徐小贤伸手就拍了拍那棵树。 他真的只是随意的拍了拍那棵树，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么突然，又是这么意外。徐小贤随意的拍了拍那棵碗口粗的树，可紧接着他便瞪大了眼睛，那棵树居然在轻轻一拍之下发出了嘎吱一声，他要倒了，树要倒了。树上的季星儿吓了一大跳，他慌不择路的跳了下来。光线很暗，徐小贤在抬头的那一瞬间看见一团黑影从树上落下，他完全是下意识的伸出了手臂。就在朱仲举等人震惊的视线中，砰！ 徐小贤手臂陡然一沉，他的手臂无法支撑跳下来的季仙儿的冲击力，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一扑，砰，他一头撞在了季仙儿的脸上。啊！季仙儿一声凄然惨叫，捂着鼻子，顿时泪流满面。徐小贤也捂住了额头，也发出了一声惊惧的大叫。然后他看清楚了，站在面前的是一个人。卧槽！怎么又是他？天下哪里有这妖巧的事？这是第三次了。徐小贤在这一瞬间想到了当初志蕊对他说的话。 上一次是在街角相撞，那姑娘掉到了你怀里。第二次是在定方楼，定方楼二楼那围栏那么高，她怎可能掉下来？她肯定是看见了少爷在下面故意跳下来的。少爷，你说，若不是她看上了你，她何必用这样神奇的法子来吸引少爷你的注意？对此，徐小贤是并没有放在心上的。他绝不相信像这样漂亮的女子当真会无脑的喜欢上他这个疯子。若真是如此，除非这姑娘脑子也有病。今儿晚上这事就很诡异了，自己是怎么就拍断了那棵树的？ 我可真不是武林高手，莫要说拍断这棵树，就是这棵树的树枝也拍不断啊！这小妖精为啥三更半夜的藏在这棵树上？他明明在这树上，这树早不倒迟不倒，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倒。大臣神探徐小贤就懵逼了，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推理能力。你你属猴的？徐小贤捂着额头，指着纪仙儿：“我知道我长得帅，可姑娘啊，咱们正常一点好吗？你就算是想要和我认识，大可以正大光明的嘛。这是第三次了。” 我虽然感动于小姐你的执着，却受不了你这行为啊！季星儿捂着鼻子，眼泪哗啦啦的流，太痛了，比前两次还要痛呀！这次肯定会流更多的血。姐姐说，反正女人每个月都会有几天流血，可这血是额外的啊！少女痛得说不出话来，一旁的朱仲举等人就彻底石化了。不是，不是说季玉儿才八心八肝的喜欢着徐小贤吗？这季星儿又是怎么回事？身为徐小贤的小姨子，这是要横刀夺爱，截了她姐姐的胡？刚才徐小贤说这是第三次了。 难道这之前纪仙儿还做了两次这样惊天动地的事？苏平安深吸了一口气，彻底打消了对纪仙儿的非分之想。徐小贤这是要大小通吃啊！你这家伙当真是有福之人，梁一仙最漂亮的两个少女都为你投怀送抱，难道这就是因为你好事做得多的缘由？安荷花三人早已惊呆了，他们听了徐小贤的这席话，完全摸不着头脑，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感觉这关系很复杂的样子？ 不是听说纪星儿想嫁的是穿银甲、披大氅、手握长刀、战无不胜的将军的吗？这徐小贤和将军可有半文钱的关系？我说姑娘，你我前世无怨，今世无仇。我徐小贤每日三省吾身，没有觉得哪里有对不住姑娘的地方。徐小贤捂着额头，语重心长的又道：“姑娘对我徐小贤的两次救命之恩，我徐小贤铭记在心。但我必须得告诉姑娘，真的有病，不值得你如此的苦苦追求。姑娘如花似玉，身手极好。” 未来一定能寻到疼你爱你的夫婿，所以还请姑娘将我忘记。再见。说完这句话，徐小贤转身就走。朱仲举等人顿时在这夜风中凌乱。这特么究竟唱的是哪一出？季希儿当真如此舍生忘死地追求着徐小贤？他就不顾及他姐姐的感受了？这样横刀夺爱真的好吗？也或者，朱仲举和苏平安对视了一眼，一个念头在他们的脑子中升起：难道这是季玉儿允许了的？这徐小贤虽然做出了两首确实了不得的诗词。 他的那些菜品味道确实很好，他弄的那蚊香也确实奇妙，那造纸作坊也匪夷所思。可他终究是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他们姐妹俩当真就不考虑未来吗？难道这就是真爱？季仙儿听了徐小贤的这番话，心里顿时一慌。这个神经病，我哪里是要追求你了？你在姐姐的眼里是个宝，在我季仙儿的眼里就是一根草。还请本姑娘将你忘记。若不是看在银子的份上，本姑娘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他难道是老天爷送来折磨我季仙儿的吗？ 活了十六年，少女原本快快乐乐，没事练练剑溜溜马，日子过得舒适惬意。可自从姐姐和这王八蛋扯上关系之后，好像就变得噩梦连连。少女很生气，她抬起了头来，依旧捂着鼻子，冲着徐小贤的背影一声大吼：“徐小贤，你去死吧！”这话本没有别的意思，纪星儿这时候是真的希望徐小贤去死了算了。可这话听在朱仲举等人的耳朵里，却变了味道。这不就是情侣之间有了矛盾的气话吗？他纪星儿当然不是希望徐小贤去死了。 不然，徐小贤不会说季仙儿救了他两次，所以季仙儿这话的意思是希望徐小贤能够回头。他应该回头啊，男人嘛，三妻四妾很正常，何况还是这么美丽的一对姐妹花。可徐小贤似乎没有回头的意思，这就让朱仲举有些不平了。他冲了过去，一把拽住了徐小贤，眼里很是愤怒。季仙儿就算做的再不对，你是个男人，理应谦让着他一点，有什么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徐小贤这下站定了脚步，他愕然看着朱仲举：“等等。” 他叫什么名字？朱仲举整个人都不好了。人家救了你两次，这大半夜的还跟着，肯定是怕你跑去了对面的兰桂坊呀。你小子倒好，当真是没心没肺的，居然连你小姨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叫纪心儿啊，纪月儿的妹妹。莫非你那病又犯了？卧槽！徐小贤陡然一惊，他转身回头，纪中谈的形象在他脑子里再次出现。这恐怕是一个天大的乌龙，得捋捋。尖嘴猴腮的纪中谈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这纪心儿正是其中之一。 纪星儿长得像的小妖精，活脱脱赵丽颖的翻版。既然是双胞胎，那她姐姐纪玉儿是完全没理由长得差的，肯定和这小妖精一样。那就是说，纪玉儿当真是这梁邑县的大美人。对了，前些日子在三位书屋见到的那个和纪星儿一模一样的女子，她穿着一身白裙。这纪星儿遇见的几次穿着的都是红裙。徐小贤眼睛顿时一亮，那个在三位书屋里端庄大方、楚楚动人的姑娘，她一定就是纪玉儿。我有眼无珠啊！我这人虽然不会肤浅的只看外表，可人家纪玉儿还极有内涵啊。 所以我是多么愚蠢，才拒绝了纪中谈送来的婚书。幸亏纪月儿在三月三那天没有抛绣球，幸亏纪月儿对我没有始乱终弃。这个成语用的不对，应该是不离不弃。他搬来了我的隔壁，他没有嫌弃我这有病的身体，他甚至不在乎我还能活多久。他居然如此执着，这样的女子当然值得好好去珍惜。徐小贤呆立在夜色之中，他的脑子在飞快的转着。来到这个世界五个月了，很显然这一辈子将在这个世界度过。 再没可能能够回到前世，能够回到秦若曦的身边。在前世的世界里，自己要么死了，要么失踪了。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当好生的活一场，在这个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也应该留下自己的根。至于前世的所有，那已经是过往的记忆，当尘封起来，在往后的余生中，在某个东阳的午后，在某一朵墙边煮一壶，再去慢慢独自品尝。而现在，一份珍贵的感情就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这或许是让自己重生的老天爷送给自己的一份大礼，若是自己还不懂得珍惜，只怕会被天打雷劈。难怪隔壁伸过来的那只红杏绽放的越来越美丽，原来是我的夏天来了。既然季月儿是我的妻子，那季仙儿就是我的小姨妹。虽然人家说姨妹姨妹姐夫有份，不能有此非分之想，否则老丈人季中谈肯定饶不了自己。现在得赶紧过去给小姨妹赔礼道歉才对，以后可是会经常见面的。再说这小姨妹身手极好，恐怕还有许多用得着她的地方。 于是，徐小贤大步走了回去，站在了纪仙儿的面前，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那个星儿啊，这大半夜的，你爬树上去干什么？以后可别去爬树了，危险。那树真不是我拍断的，我可没那本事。这是你知道的。走吧，你的大白马呢？快些回去，小姑娘，这黑更半夜的，在外面危险，可莫要让你姐姐担心。徐小贤这番话听在朱仲举等人的耳朵里，仿若春风；可听在纪月的耳朵里，却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神经病，仅仅比我大一岁。 怎么言语如此老气横秋，就像我爹一样？少女捂着鼻子直起了腰，伸手抬起手臂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痕，那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徐小贤。本姑娘高兴，你凭什么管我？徐小贤摸了摸鼻子，心儿，我是你姐夫，当然要管你了。我操！朱仲举等人顿时瞪大了眼睛。这句话一出，彻底坐实了徐小贤和妓院的关系。难怪妓院要买下徐小贤隔壁那院子，原来两人早已私定终身。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三月三季玉儿死活没有去抛绣球。三月三季，县令取回了婚书，但现在你们却又紧紧隔着一堵墙。你们这是在演戏啊？这是演的哪一出呢？安荷花三人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徐小贤不是得了疯病吗？季玉儿不是咱们梁一县的大才女吗？她她难不成还真要嫁给徐小贤？论相貌，两人倒是般配；论才学，徐小贤若是没的那病，这才学上恐怕也算般配；论家世，徐小贤就是个孤儿，人家季玉儿的爹可是梁一县的父母官。 这些都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徐小贤的病，整个梁邑县堪称妇孺皆知。这分明就是个火坑，继玉儿有什么理由往里面跳？继仙儿这时候也愕然的张开了小嘴儿：“姐夫，这八字可还没一撇呢，你怎么就成我姐夫了？”徐小贤，你不要脸！星儿，小声一点，此刻万籁俱寂，连鸟虫都歇息了，惊醒了他们不好，万一把人给惊醒了，还以为我欺负了你。走吧，我送你回家。你那大白马呢？继仙儿想要辩驳。 可终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因为姐姐是实实在在的铁了心要嫁给这个家伙。如此一来，他迟早就是我姐夫，这还能怎么办呢？少女忽然想起前次这姐夫还撞了自己的胸，她的脸没来由的一红。幸亏这里光线昏暗，看不清楚，我自己知道回去。你管好你自己，看你这话说的，你一个姑娘家走夜里，不说碰见歹人，万一遇见鬼，让我怎么向你姐姐交代？怕鬼的少女忽然一个机灵，她咬了咬嘴唇，取下了捂着鼻子的手帕，鼻血止住了，只是鼻子还有些疼。 他打了个呼哨，远处那匹大白马飞奔来，停在了纪星儿的面前。纪星儿翻身上马，看了徐小贤一眼。徐小贤以为他要走，便挥了挥手。纪星儿忽然感觉一阵阴风吹过，她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看了看朦胧灯光下婆娑的树影，总觉得鬼影重重。他咽了一口唾沫，心不甘情不愿地说了一句：“上来。”徐小贤一怔，心里一喜。虽然可以乘坐朱仲举的马车回去，可他从来没有骑过马呀，何况还是男女混合双骑。他裂开嘴笑了起来。 转身对朱仲举等人摆了摆手，明儿的事情可莫要忘记了。再见。他来到了大白马的面前，学着纪仙儿的动作，一手搭在了马背上，然后一跳。太特么尴尬了，他跳不上去。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一把？纪仙儿看着弱鸡一样的徐小贤，心里是绝望的。姐姐都能跳得上来，她居然不行，她不行。姐姐以后可怎么办呀？哎，少女在心里为姐姐的幸福默哀了数息，终究跳了下来。她一把抱住了徐小贤的双腿。 往上一送，砰！徐小贤从马背上翻了过去，四仰八叉的躺在了地上，摔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朝天。呀！纪仙儿吓了一跳，可莫要把这弱鸡病秧子给摔坏了。他连忙跑了过去，徐小贤正艰难地爬了起来。仙儿，你若不是我的小姨妹，五两银子你跑不了。一听这话，纪仙儿就难受了。哼，你还敢讹我？还我银子！走吧，咱们先回家。银子，找你姐要去。徐小贤终于爬上了马背。 可他再次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马光溜溜的呀、啊，我这手该抓哪里呢？没借力的地方，他要是放马狂奔，我特么岂不是得掉下去？驾！纪星儿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徐小贤陡然往后一仰，这完全是他慌乱中为了自救的本能。他双手在那一瞬间往前抱了过去。放手！纪星儿陡然觉得腰肢一紧，一股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了全身。徐小贤怎么可能放手？若是此刻放手，他非得被甩下去不可。 在这疾驰的马背上摔下去，轻则伤筋动骨，重则若是真搞出个脑震荡，恐怕真成了疯子。所以徐小贤的手非但没有放开，他还抱得更紧了一些。那盈盈一握的腰肢，此刻在徐小贤的手里就如那救命的稻草。徐小贤因为紧张，那手心变得极热。现在已经是五月初，季星儿就穿了一件单薄的红裙，那手心里的热度仿佛被放大了十倍。少女顿时感觉到腰间更紧，还有一股火热传来。作为心存当一名游侠这样崇高理想的少女。 他虽然不会像姐姐季玉儿那样矜持，却也受不了这来自异性的入侵。他的心顿时一慌，在这一瞬间勒住了缰绳，大白马陡然停下。徐小贤往前一冲，本着不欺负小姨子的想法，徐小贤和季玉儿之间是有点距离的。但现在，砰！毫无防备的徐小贤直杠杠撞在了季仙儿的背上。啊！季仙儿发出了一声尖叫，她被撞飞了出去。她从码头飞过，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徐小贤也不例外。 在那一刻，他亡魂大冒，连惊呼声都省了，他也径直的飞了出去，然后他扑在了纪仙儿的背上，啊，砰！刚刚双手撑地想要爬起来的纪仙儿，再一次平躺在了地上，还被那巨大的冲击力给猛地一撞，哎呦，好痛！徐小贤以为这次肯定完犊子了，不死起码也是个重伤。可在纪仙儿那声惨叫之后，他陡然发现下面软软的，自己好像屁事没有。呀，小姨子成了肉垫，这多不好意思、啊！他连忙翻身爬了起来。 纪星儿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我这是上辈子造了多大的孽啊！老天爷偏偏让我这辈子遇见了一个徐小贤，原本和这徐小贤风马牛不相及，可偏偏因为姐姐，却和他有了瓜葛。这个、瓜可不是甜瓜，而是苦瓜。趴在地上还没缓过劲来的纪星儿觉得，自从和徐小贤认识之后，就没有一桩好事，简直是噩梦连连。徐小贤蹲在了纪星儿的面前，极有诚意的伸出了一只手来：“这个你没事吧？我拉你起来。” 纪心儿侧头，狠狠地瞪了徐小贤一眼，银牙一咬，嘴里憋出了一个字：“滚！”滚肯定是不能滚的。无论如何，这事儿怨不得纪心儿，人家也是一番好意，送自己回家不是？这小姨子估摸着摔得很惨，还受到了自己带来的二次伤害。若是自己在下面，估计早就晕了。她可真是坚强。他肯定不好意思，但也不能让他就这样趴在地上。所以，徐小贤决定将纪心儿扶起来。天地良心，徐小贤真就这一个纯洁的想法。他一脚跨过了纪星儿。 然后躬身，双手一把就抓住了纪心儿的双肩前夹。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恰在这时，朱仲举的马车到来，他刚刚掀开车帘，探出脑袋，就着昏暗的灯光，便看见了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纪心儿在那一刻出于本能的防卫，他一只手抓住了徐小贤的左手臂，本想着将徐小贤给摔出去，却没料到没使上多大的劲，变成了往下一拽。徐小贤扑通一下就被纪心儿这一拽给拽了下去，他再次扑在了纪心儿的背上，下巴砰的一家伙就磕在了纪心儿的后脑勺。 纪仙儿的脑袋便砰的一声撞在了地上，啊！少女再次惊呼，泪流满面。她的鼻子和地面亲密接触，鼻血又哗啦啦的流了出来。徐小贤，你个禽兽，我要杀了你！夜风中传来了少女愤怒的嘶吼。纪仙儿在一瞬间翻身，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枪的一声拔出了长剑。徐小贤一瞧，这小姨子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她为啥如此冲动？徐小贤拔腿就跑，纪仙儿迈开大长腿就追。 两人迅速消失在街道上。大白马一瞧，主人都跑了，他也疾驰而去。这寂静的街道上，就剩下朱重举和苏平安站在风中凌乱。苏兄，朱重举觉得心里好受了一些。他看了看目瞪口呆的苏长生，苏兄啊，放弃吧，还是在江南寻一女子余地，觉得方为上策。哎，朱兄所言有理。许公子非常人也，做出的事果然惊天动地。苏平安一声叹息，收回了视线，看向了朱重举，忽然很疑惑的问了一句：“你说？” 他究竟做了什么禽兽一样的事来？那可是他的小姨子啊！他尚未和季玉儿成亲，就敢对小姨子下手。苏平安极为佩服的摇了摇头，啧啧啧，凡之当为人师，乃我等之楷模啊！徐小贤狼狈的跑回了家，季星儿骑着大白马也怒气冲冲的回到了徐府隔壁的新家。主院里凉亭上的大红灯笼还亮着，季玉儿正独坐其下看着书，听见了脚步声，她抬起头望向了捂住鼻子的妹妹，颇为惊讶：“妹妹你怎么了？又有人刺杀徐小贤？”哼。 纪星儿气鼓鼓的坐在了姐姐的对面，心里就装着你那许郎。纪玉儿，我告诉你，你这活我不接了。另外，我和他徐小贤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但不会再保护他，我我我还要杀了他。纪玉儿合上了书，极为诧异，他又把你弄出血了。哇！坚强的纪星儿在这一瞬间委屈的哭了起来，少女一手捂着鼻子，香肩不停的抽动。姐，你别嫁给他了好不好？姐，你把这宅子卖了好不好？咱们离徐小贤远远的好不好？ 他他真的是个不祥之人，会给你带来厄运的。季玉儿一怔，觉得自己挺好的呀，这些日子心里极为欢愉。隔壁的许郎正在带给自己一浪接一浪的惊喜，甚至就连那两座山丘似乎都有向山峰发展的苗头。妹妹，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解？他他非礼了我。季玉儿一惊，心里咯噔一下。他把你怎么了？他把我怎么了呢？季心儿忽然一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回想了发生的一切，脸儿忽然一红，垂下了头来。 季玉儿愈发紧张，那双眼睛瞪得贼大，她甚至徐徐站了起来，难以置信的问道：“你们到哪一步了？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你，你是他的人了？”季心儿，你居然挖我的墙角！季玉儿顿时泪流满面，她拂袖掩面而去。季心儿愕然抬头：“不是，你想啥呢？我的夫婿可是这银甲披大长手握长刀的大将军，岂能是徐小贤这样连马背都爬不上去的弱鸡？”季玉儿，你站住！不是你想的那样。 墙的那边，徐府主院子里，志蕊正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家少爷。少爷怎么衣衫不整，还鼻青脸肿的？这是被谁给揍了一顿？就今儿晚，自己和来福没有跟着少爷，少爷就落得如此狼狈。不行，以为无论如何得随少爷一起，这应该就叫有难同当吧？少爷，发生了什么事？徐小贤能怎么解释呢？他坐在闲云水榭里，还在直喘气。这一路飞奔，简直要了他的区区小命。季星儿这小姨子太过凶残，那双大长腿就像装了风火轮一样。 若是跑慢那么一丢丢，他坚信自己会被那小姨子摁在地上摩擦。啊！被狗追了！志蕊一惊，能将少爷追成这样，那该是多么凶残的狗！少爷，你没受伤吧？还好，幸亏少爷我跑得快。志蕊，帮少爷准备点热水。少爷，我要洗个澡。哦。志蕊离开了闲云水榭，徐小贤这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脸上却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意。季月儿是我媳妇，那么漂亮的人儿呢，她居然就是我的未婚妻。 季羡林这老丈人也真是，早些让我瞧见季玉儿的模样，哪里会生出这么多的是非来？我肯定不会归还那婚书呀。就算是归还了，他再次给我的时候，我肯定也会立马给接过来啊。现在总算还不晚，这恐怕得多亏了那三首被季玉儿偷去的诗词。对了，他恐怕一直在暗中观察着我。季心儿有着那么强悍的身手，季玉儿想来也不会弱到那里去。这徐小贤忽然倒吸了一口凉气，若是季玉儿也如此厉害，他进了这徐府的门，自己岂不是会被他给完全镇压了？ 可他转念又一想，有个身手高强还极为漂亮的老婆在身边，似乎也没有再去外面打野的必要。现在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得确定季月儿的性格。漂亮属于视觉上的赏心悦目，可性格若是不合，那就是思想上的冲突，这就万万不能走到一起。徐小贤举头望月，第一次期盼着季玉儿是个温柔贤惠的女子，可千万不要像季仙儿那般泼辣火爆才好。隔壁的季玉儿和季仙儿坐在凉亭里，他摸出一方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泪痕，那双眼睛又散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真的是这样，不然呢？难道你还真想他和我发生点什么？第一百一十一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大臣十六年五月初五，端午，梁邑县竹林书院举行的端午文会将在今日四时正式召开。因为大臣名士张桓公将在本次文会上用出金穗手里的唯一一个举荐名额，导致了整个凉州许多的学子们蜂拥而来。其中最为有名的当然是来自凉州城北秀书院的北秀三杰。北秀书院成立已近五百年。 他的历史悠久，教系资源丰富，在整个凉州地界，他是所有学院龙头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在近年来，除去受举荐而入朝为官的三人之外，每一年的乡试，北秀书院至少都有三五十学子榜上有名。北秀三杰的名头早已在凉州响亮，有他们到来，这自然让别的学子们心里很是沮丧。齐文杰乃北秀三杰之首，他的诗篇已经开始流传了出来，据说有直追江南四大才子之天赋，看来这一次的魁首非他莫属了。 可别小看了常旭杰和宋思杰这两人，可也是北秀三杰之二。听说那常旭杰和齐文杰关系极好，倒是那宋思杰和他们俩有些貌合神离。这一次他们肯定也是冲着张桓公手里的那张名额来的，恐怕这二人也不会轻易放手。常旭杰有文采不假，却没有文人风骨。他可是一直在拍着齐文杰的马屁，这样的人我看不起。人家齐文杰的姑姑毕竟是次力大人的小妾，常旭杰为了家里的生意，他当然得通过齐文杰去讨好周阎王。 在凉州城做生意，若是得罪了周阎王，你们可知道下场？等等等等，你们这特么说的，好像这魁首就定然会落在了他们仨头上似的。我可听说昨儿晚上在淡水楼，这凉义县的徐小贤可是放出了话来说，这魁首非他莫属。死！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惊诧的问道：“兄台，徐小贤是何许人？”就是去岁本应得解元却榜上无名的那位竹林书院大才子啊。哦，罗三娘的早餐铺子里满满当当的坐满了在这用餐的各地学子。 这些学子们此刻一脸茫然，尽皆在思索这位徐小贤有何大作留于世间。此间顿时沉寂。罗三娘端着一屉包子送到了某张桌上，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笑道：“你们这些贵人开什么玩笑？徐小贤去岁确实得了戒元，却榜上无名。正因如此，所以啊，这小子也是可怜。他疯了。”罗三娘转身向厨房走去，还撂下了一句话：“咱们梁邑县可满城皆知。三娘，我还亲眼见着徐小贤在那风雪中裸奔。这事儿啊。” 有华神医的诊断为证，这话一出，在所有学子心中就坐实了徐小贤是个疯子的结论。瞬间，这些学子们便哄堂大笑起来：“妈的，吓我一跳！还以为这徐小贤是哪里蹦出来的神仙，原来是个疯子。”试问天下，谁敢说自己定能夺得魁首，还非他莫属？我看呀，他这就是疯病发作的痴心妄想。行了，行了，吃饭，吃了饭去竹林书院先看看。喂喂喂，我可听说这梁邑县有一对姐妹花，生的可漂亮了。 当真，若是能夺了魁首，再俘获了这姐妹花的芳心，那就是人生之大圆满了。诸位共勉。罗三娘包子铺的最里面坐着四个人，罗灿灿此刻抬起了头，惊诧的看向了坐在他左手的福伯。这么说，是真的？福伯点了点头。三少爷，恐怕是真的。罗灿灿深吸了一口气，剑眉微蹙，那张刀削般的脸上露出了一抹严峻的神色。他放下了碗筷，沉吟片刻，摇了摇头。我怎么就不觉得他有疯病呢？ 昨儿晚那六道菜着实好吃，那掌柜的肯定没有骗我们。那可是徐小贤弄出来的，一个疯子能弄出那么好吃的菜来。顿了顿，罗灿灿又摇了摇头：“我不相信。”可是三少爷昨儿他说准备拿个魁首，这样的话，若是大儒是不屑于说出来的；若是有大才之人，会心存敬畏，也不敢说出来的。唯有唯有无知者无畏之人，才敢说出如此狂妄的话。罗灿灿一听，福伯这话很有道理，他心里一叹，眉间舒展开来。 可惜了，许家父亲最为敬重的云楼先生，恐怕就此也就绝后了。如此，去过上阳县，咱们就回去，不去见见许小贤了。罗灿灿一脸落寞的摇了摇头，还以为他有点意思，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不如不见，因为没有意义了。走吧，来都来了，既然我昨晚答应了要当个裁判，今儿这文会还是去瞧瞧。我觉得他估计都不会来，一个疯子来了也不过是添乱罢了。罗三娘包子铺的学子们，包括罗灿灿四人。 陆陆续续的离开，向竹林书院走去。此刻是辰时，距离文会开始的巳时还有一个时辰。但梁邑县的大街小巷里，已经有许多的学子，也成群结队的去了竹林书院。梁月巷子里的徐小贤可没这么急迫，他正在练习射箭。跑步是不能再去跑了，但射箭这件事，徐小贤却挂在了心上。两次遇袭啊！若不是运气比较好，自己恐怕已经嗝屁了，还谈什么未来的美好生活？现在才知道了妓院的美丽，这恋爱都还没谈一场呢。 可不能就这样不明白的又死了。所以徐小贤是真的很认真在练习射箭，除了拉弓的次数因为臂力的原因依旧不能连续拉十次八次之外，他的箭法准头正在飞速的提升。当射完了第七支箭之后，手臂的酸痛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放下了手里的弓，望向了隔壁的那一堵墙，忽然发现那只红杏又多开了两朵花来。志蕊来福，准备一下，待会该出门了。罗灿灿等人已经来到了竹林书院，远远的。 他便看见了竹林书院的牌楼上挂着一面巨大的红幅：“百花闻香端午文会，欢迎您的光临。百花闻香，天下无双。”罗灿灿看向了福伯，满脸的惊诧：“这，我们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不仅仅是罗灿灿在怀疑自己，这牌楼下站了许许多多的学子，北秀三姐也在其中，尽皆仰望着那张横幅，一个个脸上的表情惊疑不定。作为有几分自信赶来参加文会的学子，他们此前已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文会了。 可从来未曾见过哪一家书院弄出这般莫名其妙的玩意儿来，所以这是个啥？不是竹林书院端午文会吗？怎么叫百花闻香端午文会了？咱们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这闻香是个啥东西？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认识的竹林书院的友人？可得问问才好。咦，那位不就是上次去过咱们书院参加文会的安荷花吗？我去问问。一群人围住了安荷花，安荷花整个人都不好了。没错，这里就是竹林书院，你们进去。 之后会更震撼，但这事儿你们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事儿是徐小贤捣鼓出来的。蚊香，蚊香，我知道这玩意儿是驱蚊佳品，点上一圈，蚊虫退避三舍，可安神读书。你问蚊香是谁做出来的，也是徐小贤。行了,行了行了，里面更好看，你们快快进去。所有人顿时好奇起来，因为徐小贤这个名字，就是扬言要夺了魁首的那徐小贤，那就是风言风语，你们就当个笑话听听得了。可是。 若徐小贤当真是个疯子，你们说说他是怎样说服了竹林书院，明目张胆的挂上了这样的横幅？对哦，这蚊香可是他做出来的，一个疯子怎么可能做出驱蚊虫的东西？你们别说，如果这蚊香真有驱蚊的效果，我还真会买点来试试。读书时候受那蚊虫叮咬实在烦心，眼见着就只有三个月，可就要相试了，若能静心读书三个月，科考又能多两方把握，不是？学子们议论纷纷，罗灿灿自然是一字不落的听了个清清楚楚，他就更加疑惑了。 福伯，你都听见了？老奴听见了，是不是有点意思了？好像还真有点意思了。走，咱们也进去瞧瞧。穿过了那牌坊，所有人便看见了通往学院的这条大路的两旁竖着许多的丈许高的竹竿，那些竹竿的顶上尽皆挂着一面面三角小旗，小旗在晨风中招展，那上面的字赫然在目：百花闻香，您值得拥有；百花纸业，敬请期待；旅游圣地百花村，欢迎您的光临。 他们走入了书院的广场，一个个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看见的是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横幅，就连每一张桌子上也未能幸免。视线所及之处，皆是百花文香和百花纸业。关键是这些横幅上的语言用的还很是精妙，以至于许多的学子忘记了这是一场文会，不由自主地绕着广场游览了起来。百花纸业，一叶云彩，缕缕清香；百花文香，一缕青烟，还你一片夏日清凉。答应了张桓公，今儿要拿下那文魁。 昨儿晚上在淡水楼也夸下了海口。对于这事，徐小贤倒没怎么在意，只要这世道的古人在欣赏上没有出现太大的偏差，他坚信自己抄来的诗词是肯定能取得第一的。所以，徐小贤对这文魁并不怎么期待。他期待的是能够在这场文会上见到季月儿了。他又想起了三位书屋第一次见到的那个穿着一身白衣，若飘飘仙女一般，极为恬淡、极为秀雅的姑娘。按照他对色彩的分析，季心儿喜好穿红色。 所以这小姨子总是风风火火、冒冒失失的，但季月儿似乎喜好穿白色，这便意味着季月儿的性子是温温吞吞、不疾不徐的那种。这样的性格表示她没有多少争强好胜之心，她喜欢的是稳定安然并且没啥风波的平淡日子。所以，一个是小妖精，一个是小仙女，这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徐小贤极为看重性格的相投，因为重活一世的他也没有了为了官身前途去拼命往上爬的心思，他就是想要多赚些银子，多买点田。 先去咱们那铺子看看。主仆三人上了马车，来福驾着马车往梨花巷子而去。志蕊抬眼瞧了瞧少爷，那铺子就在三位书屋的隔壁。昨儿个少爷就让朱仲举将做好的蚊香放在了那铺子里。对了，那铺子叫百花蚊香院。若是去除那个“蚊”子，怎么看都觉得这名字像青楼。今儿个吃早餐，敏锐的志蕊就发现了少爷有些不一样，他的眼睛老是往隔壁那边飘。飘什么呢？隔壁住的的季县令，那少爷自然就是想飘过去瞧瞧月儿小姐了。 这少爷也是奇怪，人家纪先令将婚书送来，他却推辞了。现在两人毫无关系，他似乎又对隔壁的月儿小姐动了心思。这算什么？要么是少爷昨儿个被狗撵了开了窍，要么就是贱，送上门不要，吃不到又想，这不是贱是什么？徐小贤还当真是想要去三位书屋瞧瞧。昨儿想了一宿，他想明白了许多问题，比如子儿应该是妓院的丫鬟，比如买的那六十亩田应该是妓院的主意，还比如纪心儿两次救了自己。 第一次就在那三位书屋外面，恐怕是巧合；但第二次在三里坪，说不定就是妓院儿让他来的。这个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以后一定得让她成为这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他知道自己需要买地，于是便卖了六十亩。等等，这好像有点不对。若是真的和妓院儿成了亲，这地就是自己家里的公共财产，可自己兜里的银子却落在了妓院儿的兜里，这买卖不划算啊！这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呢，还是要清空自己的小金库？这一次就算了。 以后可得当心着点，男人嘛，不攒几个私房，以后日子怎么过？兰桂坊那地方可还没去过呢。就在徐小贤遐想的时候，昨晚一宿未眠的季玉儿这时候才慵懒地睁开眼睛。原本还想睡一会的，但因为今天那端午文会将在竹林书院开启，少女还是顽强地爬了起来。徐小贤将去参加这场文会，这令季玉儿无比期待。他会在那文会上做出怎样的诗词来呢？他的诗词一定会惊艳全场，他的名字将在梁邑县响亮。 人们在见他时，首先想到的将不再是他那病，而是他梁义县大才子的名头。少女洋溢在脸上的快乐让纪中谈有些吃惊。怎么，捡到银子了？扒拉了两口稀粥的纪仙儿撇了撇嘴，可比捡到银子重要多了。纪中谈一愕，那是捡到啥了？爹姐姐，他恐怕觉得自己捡到宝了。纪中谈就懵逼了，这说的究竟是个啥呢？难道这代沟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了？看来平日陪女儿的时间太少啊。 季玉儿一脸笑容，就像这院子里盛开的那一束玫瑰一样。爹，小贤今儿要去参加诗会呢。季中潭微微吃了一惊，他不是拒绝了先生的举荐吗？可他答应了先生的邀请呀。女儿想，他不是为了那个举荐的名额，而是为了咱们梁邑县不要输给别的县郡，尤其是凉州的北秀书院。你就这么笃定他能拿魁首？嗯，季玉儿坚定的点了点头，他一定会拿下魁首。好吧，季中潭也不知道女儿哪里来的自信。那两首诗词他见过，确实极为精妙。 但诗词文章这种事情，谁就敢说手手都能精妙呢？不然文风阁建成十四载，也不至于才收录十四首诗词文章。这长女的神情和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是对隔壁那小子的一往情深。可是这婚书至今都在自己的身上，还未曾送出去啊！纪中谈心里暗自一叹：徐小贤那厮虽然是在为玉儿考虑，但架不住玉儿的死脑筋呀、啊！哎，看来还是得想方设法的将这婚书给送出去。纪中谈无比究竟，早知道女儿会有今日的这态度。 三月三那天，何必跑去徐小贤那府上要回这婚书呢？月儿都表现得如此明显了，可那小子脑子就是不开窍。我季中堂的女儿可是打着灯笼火把也难寻的存在，他那脑子啊，真应该请华神医破开来看看。我吃完了，爹爹你慢吃呀，我得走了。季月儿放下碗筷，起身，急急忙忙地离开了饭堂，叫了车把式，径直往三味书屋而去。爹，你当真就这样看着姐往徐小贤那火坑里跳？哎，星儿，女大不由爹。 再说了，这件事原本也是你娘离开梁邑县之前就定下来的，有你娘发了话，爹也不能反对啊。但爹却收回了那婚书。季中谈的脸顿时一黑，这不懂事的女儿，当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收回了有什么关系？不是还可以再送出去的吗？可是吃饭没什么可是的。你没看见你姐的欢喜？这是你姐自己的选择，你我都不要去妄加干涉。三位书屋的门早已开了，是子儿来开的。 这门没开多久，便迎来了第一位客人徐小贤。徐小贤探头探脑的往里面一瞧，可惜纪玉儿没在。他踏入了三位书屋的门槛。子儿看了看，脸上依旧有明显淤青的傅小官。昨儿夜里，二小姐说着，家伙叫二小姐小姨子，口口声声说他是二小姐的姐夫，可把小姐给高兴坏了。这么说起来，我得称呼他一声姑爷了。可那婚书，他为啥又不接呢？没有这媒约之言，啥事可都会变的。他若是再变了，小姐不知道会有多伤心。 所以子儿表现的比较冷淡。公子又来买农书了，不是？你家小姐啥时候来？不知道。徐小贤就郁闷了，他一屁股坐在了书桌前，视线落在了桌面的那张纸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最少几何？答有物最少二十三。他翻开了这张纸，视线落在了下面这一张。许公子问：鸡兔同笼，共有头四十八，脚一百三十二。问鸡和兔各有多少？ 答：有鸡三十，有兔十八。这老婆的数学可以啊！莫非是捡到宝了？徐小贤提起了毛笔，铺上了一张新纸，落笔在纸上：经有圆厚五尺，两鼠对穿。大鼠日一尺，小鼠亦一,一尺。大鼠日自备，小鼠日自办。问：何日相逢，各穿几何？徐小贤放下笔，嗅了嗅这三位书屋里依然飘荡的淡淡兰花香，他深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不行，这事儿得弄妥当。 找季县令，将那婚书给要回来。至于文慧，这显然没有落实。老婆这件事更重要。徐小贤就在子儿淡漠的视线中离开了三位书屋。他来到了隔壁的百花文香院，瞧了瞧，里面的架子上摆满了用竹盒子装好的蚊香，还有一老一小两人在柜台后百无聊赖的等着。那老掌柜正是朱氏绸缎布行的那位。此刻那年轻的小二正叹息了一声，说道：“李掌柜，您是不是得罪了少爷？”李掌柜也一脸的委屈，他也不知道呀。 在朱氏绸缎当了十几年的掌柜了，他自认为自己算得上是兢兢业业。可昨儿不知为何，少爷却偏偏将他弄到了这里，还神秘兮兮的说要让他来打理一下这蚊香的生意。天可怜见的，李掌柜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蚊香。哪怕后来他看了，哪怕他知道了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熏蚊子的，可一盒的售价却高达五十文钱，这特么能卖给谁？按照李掌柜这么多年做生意的经验，这玩意儿显然不会有什么销路。再说了。 朱氏绸缎的生意在梁邑县做得相当不错，可少爷不知道脑子哪里出了问题，放着自己家的生意不闻不问，反而兴致勃勃地要来捣鼓这鬼蚊香。老爷也是奇怪，他居然没有阻止少爷胡来，似乎对少爷的这番举动还极为赞赏。好吧，反正这月钱也没少分文，就当在这蚊香院里养老了。徐小贤就站在门口瞧了片刻，便又带着志蕊登上了那辆老马破车，并没有往竹林书院去，而是去了梁邑县县衙。 做个破师哪里有弄到手一个漂亮媳妇重要？他完全不知道，这时候的竹林书院，因为他捣鼓的那些广告，早已掀起了一波惊涛骇浪。继院到了三味书屋，听到子儿说徐小贤来过，他又脚不沾地的去了竹林书院。当他看见竹林书院那些神奇的布置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他知道这肯定是徐小贤的手笔。精于营商的他，很快就明白了徐小贤的意思。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前来参加文会的学子数以千计，这场文会的影响会极大。 徐小贤通过这样铺天盖地的宣传方式，让那蚊香和八字都没一撇的纸，深深地刻在了这些学子们的脑海里。百花蚊香和百花纸业今儿个一定会出名，因为这样稀奇古怪的方式会通过这些学子们口口相传，最终的结果是梁邑县家喻户晓，甚至还会传到别的州县去。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妓院的眼睛陡然明亮，耳畔却忽然传来了一个声音：“请问您就是妓院？”他转过头去，看见三个男子簇拥着一个女子，正站在他的面前。 他点了点头，依旧一脸的欢喜。接着便听那女子又道：“我就是水阳县的柳烟梅，这三位他们便是北秀三杰。”柳烟梅看向了北秀三杰，整个人顿时就不好了。这三个家伙的视线居然都被妓院吸引，那视线甚至显得有些呆滞，似乎他们根本就没听见自己的介绍。柳烟梅必须承认妓院的美丽，可是昨晚上大家一起吃饭，你们还把自己当着新月一般的拱着，今儿一见更漂亮的妓院，儿，这就失了魂了。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柳烟梅意难平啊！他深吸了一口气。齐文杰，啊！齐文杰三人这才醒过神来，他甚至还咽了一口唾沫，脸上堆起了笑意，连忙拱手一礼：“在下北秀书院齐文杰。”“哦，奴家梁义县纪玉儿。”他就完这句话，抬步就转身离去。天地良心，纪玉儿并没有要冷落柳烟梅等人的意思，他就是想要找到徐小贤，仅此而已。可柳烟梅他们不知道啊！他顿时皱起了眉头。他纪玉儿就这么骄傲，长得漂亮。 就可以不讲礼数了，都不带正眼看看自己的。就算他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他也应该对北秀三杰多看两眼才对呀、啊。柳叶梅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呲的一声冷笑。昨儿晚上那个徐小贤口出狂言，要夺了文魁，今儿一大早又遇见了一个眼高于顶的妓院儿。三位师兄，想来你们也已经准备好了。今儿这文会可就看三位师兄的了。齐文杰舔了舔嘴唇，瞟了一眼远去的妓院儿的背影，看似云淡风轻的一笑。要说，我还真希望徐小贤那个神经病来。 赌约可是在三少爷的手里，若是能够当着三少爷的面让徐小贤把脸丢尽，或许我等还有机会进入三少爷的法眼。常旭杰也收回了视线，眼睛顿时一亮。是啊，若是能被北都侯府的三少爷看中，这前途可比张桓公的一张举荐信来的更有分量。但要入三少爷的法眼，就必须在这文会上将徐小贤彻底踩在脚下，唯有这样效果才好。若是徐小贤压根就不来，他虽然也输了，却输得平平淡淡，就像一道原本精美的菜肴没有放盐一样。我想。 那徐小贤既然夸下了海口，他应该是会来的。对付一个神经病，倒不需要费什么周章。柳姑娘，那妓院，看他似乎胸有成竹的模样，你可要当心了。常旭杰善意的提醒了一句。柳烟眉嘴角一翘，他也望向了人群中妓院的背影。宋思杰没有搭理他们的话，他在仔仔细细的看着四面八方的那些条幅，过了片刻，才突然冒了一句：“也不知道这是谁的手笔，好主意啊！”百花蚊香和百花纸业。齐文杰好奇的问了一句。 嗯，宋思杰点了点头。你看，你也记住了不是？这特么当然能记住了，入眼之处全是这玩意儿。若不是早已准备好了诗词，这要是临场来发挥，只怕会受到这些狗屁玩意儿的影响。这竹林书院狡猾啊，意图乱了我等的心智，不入流的手法罢了。不，我倒是觉得弄这玩意儿的人不是这样想的，他就是要让我们记住这蚊香和纸。文会结束，我倒是想要去买点来试试。你若买了，就正好合了出这艘主意那人的意。思杰啊，你想想。 每每夏日，蚊虫那么多，是熏得走的吗？还不是需要下人打扇。别去想这东西了。听先生说，今儿是张桓公命题，难说就一定是以端午为题。咱们先去找个地方坐下，安稳心神，准备接下来的诗会吧。季玉儿还在这茫茫人海中找他的许郎，而此刻的文会已经即将开始。可许郎人呢？季玉儿焦虑寻找的许郎徐小贤，正坐在马车里往梁邑县县衙而去。竹林书院文台上，竹林书院的院长张长举、张老夫子。 北秀书院的院长魏长青老夫子，以及大臣名士张桓公老大人三人携手登台，宣布了本次文会正式开启。张长举看着铺天盖地的那些广告，总觉得浑身不得劲儿，以至于他说话的底气都不是很足。诸位学子们，肃静！全场安静了下来。张长举轻咳了两声，又大声说道：“百花文香，天下无双，这是需要插入的广告词。现在我宣布，百花文香，你值得拥有。由百花文香冠名的百花文香端午文会，现在正式开始。” 掌声顿时响起，只是学子们一脸懵逼，这算什么？这还是文会吗？怎么像邪教的洗脑？他们脸上的惊讶尚未曾散去。张桓公踏前一步，也开口说话了。张桓公面带微笑的脸抽了两下。徐小贤、许繁之，老夫可是按照你的吩咐完全照办了。你若是拿不下这文魁，老夫老脸丢尽不说，还要损失了文银千两，看老夫怎么收拾你。不过就凭着徐小贤那三首诗词的水准，他坚信徐小贤可轻易夺得魁首。 毕竟那是有资格入选文风阁的诗词，造诣之高，天下罕见。要赢了这那所谓的北秀三杰，简直不要太简单。张桓公脸上的喜意渐浓，因为今儿个魏老夫子那一千两银子可就要落入自己的口袋了。可是，咦，徐小贤人呢？张桓公的视线在学子中徐徐扫过，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他倒是看见了妓院，可徐小贤那小子他没来。这么重要的事，他居然还没来！张桓公的心情瞬间就不美丽了。 他脸上的笑意渐渐凝固，还咽了一口唾沫。那双老眼徐徐眯了起来，心想：反正这文会要弄一天的时间，可能徐小贤正在忙着他的蚊香的事。于是他开口说道：“老夫便是张环，想必诸位都知道。本次文会，老夫将行使手中的这份举荐名额，所以诸位学子们，请拿出你们的真本事，在这场文会上证明你们的能力。”啊，忘记了广告词，都是被徐小贤这家伙给害的。百花蚊香，天下无双。 所谓蚊香，便是驱蚊之物。而今在梨花巷子的百花蚊香院正式开售，老夫亲自用过，效果极佳。百花蚊香，你值得拥有。诸位学子们，在你们的面前有书桌，书桌上有笔墨纸砚。百花纸业，天然工艺，自然享受。接下来我宣布，本次文会诗词之主题为张桓公看向了一旁的那荷塘，荷塘里荷花开的正艳。徐小贤府上也有一池荷塘，想来他对荷花是有研究的。本次文会之主题为夏荷。 张桓公这话一出，所有的学子们顿时躁动了起来。夏荷，夏日荷花最美，那便是写景。这样的诗词平日里其实多有写过。许多的少年脸上露出了欢喜，可齐文杰三人却皱起了眉头，因为这题目看似不难，但要将这么一个平凡的题目写得不平凡，却极有难度。纵观上下千年，写荷花的诗人无数，要再将这荷花写出一朵花来，这其实真的很难。百花闻香天下无双，买蚊香请认准百花蚊香。 诸位，百花文香端午文会评审团由竹林书院的院长张长举张老夫子、北秀书院的院长魏长青魏老夫子以及老夫三人共同评审。百花纸业，擦亮生活，快乐有我，请学子们开始构思作答。宋旭杰觉得自己脑子嗡嗡的，倒不是因为改了题目，而是这无处不在的百花文香、百花纸业。他坐在桌前，低头看向了桌面，这特么的，就连这桌面上也贴着一张关于百花文香的广告。所以，这真的是文会吗？ 怎么感觉很像是百花蚊香和百花纸业的宣传大会？这究竟是谁的主意？斯文人的脸皮都不要了？宋旭杰心浮气躁。其实不仅仅是他，许多的学子们同样心浮气躁。他们自然是被这百花蚊香和百花纸业给弄得眼花缭乱，心绪不宁。做诗词文章需要的是一个相对安静，最好有美丽景致的环境。这里倒是安静了下来。可你想想，你想要触景生情得了那诗句，但抬眼所见皆是五颜六色的广告。 这灵感从何得来？魏长青三人坐在文台上，他端着茶盏，皱着眉头看了看张长举，张老夫子低声责问了一句：“老张啊，你这究竟是个啥意思？”张长举就很无辜了。可张桓公身份太高，他也不好意思当着张桓公的面说出来啊。啊，就是想让这文会的气氛不要那么压抑。这百花蚊香真有那么好？张桓公立马应道：“长青是真的很好，老夫用过，蚊虫不近身，读书安然啊。” 这东西谁做出来的？徐小贤、许凡之、魏长青一怔，就是去岁乡试未能上榜的那个戒员徐小贤，正是。他不是疯了吗？疯不疯我不知道，他还要来参加本次文会呢。是哪一位？张桓公顿时就郁闷了，他的视线投向了广场的入口。徐小贤，你丫究竟跑哪里去了？在这文会广场的一处偏僻角落，罗灿灿双手抱剑，一脸笑意的看着他，也转头问了福伯一句：“徐小贤没来，这是啥意思？” 老奴不知，昨儿听说了许多徐小贤的事，他似乎对季玉儿用情极深。不过那季玉儿确实生得漂亮，倒是能配得上他。福伯一怔：“三少爷是怎么得出徐小贤对季玉儿用情极深这个结论的？不是说徐小贤退了这桩婚事吗？不是说徐小贤患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了吗？”福伯反倒是对徐小贤要对百花村扶贫这事更感兴趣。可是罗灿灿对扶贫这破事毫无兴趣，他对撮合徐小贤和季玉儿这事很有兴趣。 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脑子里冒出了一个主意：许家可不能绝后啊！这么些年也倒是可怜了许小贤。季远儿他爹好像是这梁邑县的县令。福伯，要不这样，让季县令将他这女儿嫁给许小贤，把季县令调去凉州任刺吏。凉州刺吏曹不动该动动了。福伯一怔，低声说道：“三少爷，曹不动可是东郡侯府夏家的人，就因为他是夏家的人，才更应该动动了。查吧，先隐而不发，等御史抬同老头开始经查的时候报上去。” 让齐文俊把这事办了就行了，也让齐文俊亲自来梁邑县，将徐小贤和季玉儿这桩婚事一并办了。徐小贤压根不知道有个脑子清奇的大人物为了他跑到了梁邑县来，还顺手弄出了一场惊动大臣政坛，并彻底改变了他命运的破事。他来到了梁邑县县衙，季中谈正在过问金穗梁邑县各地麦田的长势状况，他惊奇地看着徐小贤：“今儿个不是竹林书院端午文会吗？我听说你要去参加的呀，怎么跑我这里来了？”徐小贤咧嘴一笑。 伯父是这样一句，伯父吓了季中潭一跳。他那双小眼睛狐疑的看着徐小贤，因为这之前徐小贤可从未曾叫过他一声伯父。事出反常必有妖，徐小贤反常，恐怕会有大妖，可得打起精神提防着一点，免得又入了他的套。精髓的雨水极少，麦子最多还有半个月就能收获，这天气倒是影响不到麦子的收成。可若是这老天爷再不下雨，恐怕会影响到田里的稻谷。季中潭一怔。 你小子不去竹林书院，跑来这里就是告诉我这个？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呀。可这有个屁的办法？千年农业不都是靠天吃饭的吗？可接着，徐小贤却说了一番令季中堂刮目相看的话。这梁邑县的其余地方我不知道，但百花村那地方我去过两次了。伯父啊，我可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我是在实地考察。徐小贤伸出手来扣了扣桌子。百花村外的那条渠河，理应发源于渠山，河里的水据说四季不断，这说明了渠山下有一条暗河。 有了这条渠河，沿河一线的稻田灌溉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距离渠河稍远一点的地方呢？比如杨庄，比如三里坪，比如凤鸣镇等等地方，若是再有个把月不下雨，这些地方的庄稼可就遭了殃啊！不等纪中谈问他，徐小贤又道：“伯父，您可是梁邑县的父母官，这是您治下的事。咱们大臣可是极度缺粮，若是这稻田欠收，到时候如何缴纳粮食给国家？晚生寻思，大人完全可以在渠河上游修筑一处水库，老百姓不是需要扶摇役的吗？” 就让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去干这活儿。渠河水库建成，可开挖灌溉沟渠，治这些缺水的乡镇。如此一来，便可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纪中谈小眼睛陡然一亮，这是个好主意啊！只是要挖掘水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来是需要的劳工极多，二来是工期会很长。似乎为了坚定继中谈的决心，徐小贤又道：“这可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就算今儿这一茬庄稼赶不上，但明年这大半个县的庄稼就能受益啊，伯父。” 若你干成了这事，恐怕就能官升一级了。季中谈心里的算盘拨打的噼里啪啦的响，他并没有动声色，而是问道：“你来就为了这事？当然。哦，对了，那婚书，伯父，其实我没病。那婚书给我如何？”季中谈一愣，这就是这小子的狐狸尾巴。老子前面送去你不要，现在你怎么就想明白了？你说你没病，有病的人都说自己没病，何况你还是精神异常这不治之症。不过这小子的这个主意确实不错。 只是渠河水的发源以及水库的修建得去实地考察一番才能确定。若是真的能够修建水库，能够将渠河水引入别的地方，这确实是造福一方的大事。可是梁邑县穷啊，哪怕是征召村民扶摇役，不用给工钱，却得管饭，这吃的也是银子啊，得吃多少银子下去？梁邑县可能撑得起来？纪中谈忽然捋着那两撇八字胡须笑了起来：“贤侄啊，修水库呢，伯父不瞒你，早些年伯父就想了这个事，但是粗算了一下。” 哪怕是给劳工们吃粗粮，水库修建完成至少也需要耗资纹银万两。咱们梁邑县是真的凉，每年上缴了税赋，落下个千八百两银子顶天了，这还得用于维持衙门的运转。哦，你刚才说到那婚书，贤侄啊，这事儿不急，你先说说这万两银子从何而来？这个老狐狸，徐小贤顿时败下阵来。能有啥法子呢？为了妓院，他必须为这未来的老丈人谋划呀。其实小侄认为，现在咱们梁义县的商业已经开始抬头。 据小侄的观察，出入梁邑县的行商还是不少的。徐小贤俯过身子，在季羡林面前低声说道：“小侄觉得吧，这些行商通过咱们梁邑县赚到了银子，是不是应该分润那么一点点给梁邑县呢？”季中潭一怔：“商人逐利，咱们要拔下他们身上的一根毛，恐怕不容易。咱们可不是要拔毛，这进城入城踩了咱们梁邑县的地皮，收点入城税，用来维修梁邑县的地皮，这是应该的吧？”季中潭也俯过了身子，一老一小两狐狸的脑袋差点就碰到了一起。 贤侄以为收多少合适？进出城各十文，不多。但想来县衙再补贴一些，用于维持挖掘水库，应该够了。可是咱们大臣还没有这先例。伯父，开拓者敢为天下先，这不是为了梁邑县的老百姓吗？这会被人骂死的，被骂又不会少一根汗毛。何况当水库建成之后，那些受益的老百姓恐怕会给伯父立长生牌。纪中谈静默了片刻，倒不是想着徐小贤说的这好事，而是想着长女纪月儿。 这徐小贤不知道那根筋出了问题，居然主动跑来要这婚书。这婚书一旦给了他，月儿的命运便算是定了下来，恐怕再难以改变。哎，这毕竟是夫人的主意，也是月儿的念想，便成全了他们吧。幸亏还有一个小女季仙儿，她从怀中取出了那婚书，一把抓住徐小贤的手，慎重的放在了徐小贤的手里。贤婿，对我儿定要好一点。岳父，您就放一万个心吧。徐小贤小心翼翼的收起了这婚书。 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梁邑县县衙，这才悠哉悠哉的乘着老马破车往竹林书院而去。县衙里，杜师爷早已惊呆了，直到徐小贤离去，他才醒过神来。东家，你真要这么做？季中谭微微一笑，你不觉得这个主意确实很好吗？收入成税，也亏这小子想得出来。不过而今，咱们大臣和北魏之间的关系似乎缓和了不少，确实有许多外地的行商经由咱们梁邑县去往边境上阳县做生意，这不是本官要验过拔毛啊。 这可是为了梁义县的百姓，去吧，将县城主县、伯、县尉、典吏统统给本官叫来。这件事马上得办。徐小贤这一耽误就是个把时辰。竹林书院这里依旧静悄悄，黑压压的数千人坐在广场上，一个个皆在冥思苦想，时而落笔写下俩字，时而又摇头一声叹息。张桓公在东张西望，心里颇不安宁。徐小贤这小子怎么还没回来？他若是放弃了，这梁义县的学子能胜过来自其余各地的学子吗？ 比张桓公更加焦虑的是季院，儿。他没有坐在桌前，他站在这广场的入口处，望着的方向也不是文台，而是通往这竹林书院的路。陪着他站在一起的有周若兰和季仙儿。周若兰觉得自己的腿都站酸了，于是没好气的说道：“我们这算个啥？”季仙儿嘻,嘻嘻一笑，能算啥？陪着某人望夫呗。季月儿脸一红，也觉得三人站在这里好像不是个事，于是说道：“他反正必经三位书屋，咱们去三位书屋里等。” 可人家柳烟梅是向你下了战书的，你真不打算应战了？季玉儿似乎这时候才想起柳烟梅寻他说的那番话：“你是梁逸县大才女，我在水阳县也不让须眉。这次前来是想向你讨教一番。咱们同样以这下河为题，等他们的诗词评审结束之后，咱们俩也将自己所写的递上去，请三位夫子评判一番，如何？”完犊子了，我都没准备，算了，输了就输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走。三个少女上了马车，扬长而去。最角落里的罗灿灿就纳闷了：徐小贤这小子还不来？ 莫非是怕丢脸？输就输了呗，好像输了也是输的，那叫啥朱仲举的银子。可他若是不来，可就不够意思了。这样我会看不起他的。福伯能说什么呢？这三少爷也是闲得蛋疼。此行一来是三少爷为了躲南都侯府的叶欢欢，也是一对冤家。这二来嘛，却是受命于侯爷来梁义县看一看徐小贤，再去上阳县查一查云楼先生的一段旧事。这是个秘密。当然。 云楼先生是于上阳县，而今已过去了十四载，只怕是难以查出什么蛛丝马迹。在福伯看来，侯爷的用意更多的是看看徐小贤。侯爷真的仅仅是让三少爷来看看徐小贤吗？侯爷这么做可是有极大风险的，也或许和而今朝中的某些变化有关。三少爷，许公子那精神异常之症，经查确确实实是华神医前来诊断的，那就错不了。老奴以为三少爷让许公子娶了季家小姐为许家留后，这件事办得漂亮，但是。 还请三少爷莫要对徐小贤费太多的心思。云楼先生百年才有一个，他的儿子是不及他万一的。罗灿灿这次没有反对，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阴郁，最终深吸了一口气，再长长的吐了出来。一手缔造了大臣刀旗的风云人物许云楼，他生的儿子怎么就得了疯病呢？要说起来，这事儿的源头在去岁徐小贤的名落孙山，所以这事儿牵涉之深，哪怕是他家北都侯府，轻易也不敢去问，更不用说去动了。只是徐小贤依旧能够活到现在。 这说明陛下还记挂着当年淡水楼的结义之情，可是陛下的脑疾也很严重。这一次化神医上京都，至今未曾离去。若是陛下崩了，也不知道父亲究竟是怎么想的。待会我修书一封，快马送给恩师，请恩师出山。无论如何，我罗家不能再对不起云楼伯父的后人。福伯大吃一惊，他瞪大了眼睛看着罗灿灿三少爷，居然要请大臣剑圣李黑白来保护徐小贤。不可！为何？李先生为北都侯府客卿。 若是他出现在徐小贤的府邸，这必然落入有心人的眼中。如此一来，后果难料。罗灿灿就不乐意了。那你说要怎么办？反正我不能让徐小贤死于非命。三少爷，你忘记了玉儿的母亲？罗灿灿一怔：“是啊，玉儿的祖宗八代昨晚都调查清楚了。玉儿的母亲简秋霜可是正儿八经的武林高手。这北京之地的马帮头子，若是徐小贤成了他的女婿，安全自然无忧。好吧，不过回去之后，我依旧会请恩师来看看徐小贤。” 万一内功能够治疗呢？这次福伯没有反对，因为他知道内功可以帮助别人打通经脉，却绝对没可能能够治疗脑疾。不然，陛下那么高的身手，岂会被脑痛所折磨？两人没有再说。罗灿灿觉得这文会好没意思，搞了这么久，若是武斗，早就分出了胜负。可现在交卷的人却一个没有。福伯，你说徐小贤若是在这里，这时候他做出了那诗词没有？诗词这种事情，需要灵感，更需要天赋。就像三少爷学剑一样，世子殿下苦练十年难悟。 可三少爷，您当年抱剑即物，所以李先生才会称三少爷您为剑道奇才。我们都没见过许公子做诗词，老奴哪里敢言许公子在诗词上的天赋？好吧，这是三少爷罗灿灿这一辈子最为得意的事。不过在武学上，还有一个人比他更牛掰，让他那幼小的心灵备受打击，那就是南都侯府的叶欢欢。叶欢欢修刀，人家望刀而悟，这是罗灿灿心里的痛。偏偏这叶欢欢还是他指腹为婚的妻子，还要不要人活了？ 所以三个月前，罗灿灿跑去了南都侯府，干了一件令叶欢欢提着刀非得要追杀他的破事。这事儿不能提，提了罗灿灿心虚。他摇了摇脑袋，将叶欢欢给抛了出去，视线投向了那牌楼处，然后裂开嘴笑了起来。徐小贤来了，文台上内心惴惴的张桓公也抬头一看，心里也顿时大喜。徐小贤，你总算是来了。借过借过，不好意思，百花蚊香天下无双，这位兄台，待会去买蚊香，给你打个八折。 正在冥思苦想的那书生脸上顿时漆黑，这哪里来的神经病？你特么踩了我一脚，这本没有啥，可你特么的怎么又说出那好不容易才忘记的百花文香来？老子苦苦构思才有了那么一线灵光，却活生生被你这百花文香天下无双给搅和没了。徐小贤可顾不上那么多，他奋勇向前，挤到了文台前。张桓公甚至站了起来，以为徐小贤有了作品，却见徐小贤绕过了文台，然后登上了文台。他他是谁？魏老夫子惊讶的问道。 他就是徐小贤，哦，这是文慧，不应该让一个疯子来参加。他没病，那他不做诗词，空着手跑上来干啥？张桓公一怔，是啊，他跑上来去干啥？就在这时，徐小贤对着下面一声大吼：“妓远，相公，我来了！”卧槽！所有的学子都抬起了头，一个个无不震惊的看向了文台上的徐小贤。徐小贤这声大吼，无异于平地起惊雷，他活生生打断了所有学子的思绪，吸引了所有学子的注意。 对于竹林书院的学子而言，他们知道徐小贤的底细，觉得这神经病怕是那疯病又犯了。对于外地不知道徐小贤情况的学子而言，他们很生气。这些学子们的眼里冒出了熊熊怒火，因为这个神经病的一声吼，让他们酝酿了一个时辰的情绪活生生中断。那些本来已经开始形成的诗句，就如秋风中的落叶一般飘落在地，再也无法拾起。比如齐文杰，他甚至已经写出了一首词的上片，可这下片就在即将出来的时候忽然顿去。 就像那满堂的荷花忽然凋谢了一般，令他陡然没了意境。比如宋旭杰，他的笔才刚刚落在纸上，才刚刚写下两个字，他忽然发现居然写不下去了。那脑子里居然又想起了“百花闻香，天下无双”的荒唐语句。当然，还有一部分本就对妓院有想法的少年，看向那处的视线里充满着仇恨。这家伙居然不顾文慧跑上去宣布：“你是妓院的相公！”不是说妓院和他之间的婚书早已被纪县令收回去了吗？妓院的眼睛又没瞎。 怎么可能嫁给你这样的一个病人？你们之间没有半文钱的关系，好不好？总之，徐小贤这一声吼招来的完全是仇恨、敌视以及鄙夷。在所有学子的心中，这家伙就是个无耻下流、还极为奸诈的小人。这样人哪里能称之为文人？只能称之为文人中的败类。文台上的张桓公也一脸懵逼了。这特么都啥时候了？你小子不赶紧做出诗词来，反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宣布你是妓院的相公，妓院的心思儿都系在你身上了。 你在这场文会上再夺得一魁首，季院儿还能跳出你的手掌心？果然是年轻啊，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徐小贤以为季院儿在这里啊，他明白自己现在最紧要要做的是拿到婚书，只有这样才能光明正大的向所有人宣誓他对季院儿的主权。有了这主权，季院儿才彻彻底底的跳不出他的手掌心。而且这一宣布，等文会一结束，这梁义县就会全城皆知他和季院儿的事，才真正成了铁板上钉钉。所以这是徐小贤故意的。 只是他没有料到会打断那些学子们的思路，角落里的罗灿灿却咧嘴大笑起来。福伯，这小子有意思吧？福伯摇了摇头，在他看来，这叫梦浪。不过他还是循着三少爷的话又点了点头，是有点意思。徐小贤站在上面，视线在人群中逡巡，结果他没有看见季玉儿。子儿那丫头不是说季玉儿来了竹林书院吗？她跑哪里去了？难道去了厕所？徐小贤并不知道，在他来竹林书院的路上，恰好和季玉儿错身而过。 季玉儿三人刚好踏入三位书屋的门，徐小贤的老马破车就正好疾驰而过。季玉儿一进三位书屋的门，子儿正好看见徐小贤那辆标志性的老马破车疾驰而过。那许公子一个时辰前就来过，他这又是去了哪里？怎么这时候才往书院而去？季玉儿退出了三位书屋，果然看见了那破车的车尾，她笑了起来，又迈入了书屋。你们去不去？你们不去，我可就又去了。花痴少女真可怕。周若兰撇了撇嘴，只好点了点头。 他去书院倒不是要看谁能得到魁首，而是大表哥朱仲举说，今儿个那蚊香的宣传极为重要。文会结束之后，估计蚊香这东西会卖断货。好吧，刚才在竹林书院看过那广告，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也不知道文会结束后，隔壁的蚊香铺子是人山人海呢，还是门可罗雀。季玉儿正要转身出门，视线不经意间落在了书桌上，少女顿时一呆，便欣喜地坐了下来。看见的是桌上的这一手漂亮的行书，今有元厚五尺，两鼠对穿，大鼠日一尺。 小鼠一一尺，大鼠日自备，小鼠日自办。问何日相逢，各穿几何？季玉儿顿时笑了起来。这是他的字，这是他留下的题。只是今儿这题比前两次稍微复杂了一点。而现在他的心思儿也没有在做题上面。三个女子再次出门，登上了马车，追着徐小贤而去。当他们刚刚来到书院的广场，恰好看见了徐小贤登上了文台，恰好听见了徐小贤高声说的那句话：“季玉儿，相公我来了。”季玉儿大窘，俏脸儿。 便像那荷塘里的荷花一样艳红，他顿时垂下了头，但那张娇艳的脸上却是毫不掩饰的欢喜。他终于还是喜欢上了自己，并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出来。他冲破了被疾病困扰的魔障，他要以全新的态势来面对将来的生活。他一定是用了很大的勇气才喊出了这句话，这意味着他再一次站了起来，并将勇敢的去面对未来。许郎，继儿抬起了头，那星眸充满着万种柔情的看着许小贤。许郎，我给不了你生命的长度。 但我希望能够拓展你生命的宽度。徐小贤在懵逼了片刻之后，终于看见了季玉儿。他在文台上雀跃，他向季玉儿挥了挥手：“娘子，等相公我做首诗词，就来陪你。”他转头看向了张桓公：“老哥，今儿的题是什么？”张桓公瞪了徐小贤一眼：“你小子终于想起还有正事要办了。题为下河，这么简单。老哥借你纸笔一用。”有了。张桓公豁然一惊，张长举、张老夫子和魏长青、魏老夫子一听也是一怔。 这徐小贤，张老夫子当然认识。这小子一心苦读圣贤，可是竹林书院出了名的存在。只是今看来得了那病之后，性子变化极大，似乎有些陌生。再说此前也没见他做出过什么惊人的诗词呀。魏老夫子眉间一蹙，北秀三杰一个都还没上来交答卷，显然是在酝酿更好的诗词。这徐小贤一来便有了，那肯定不怎样。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词这个玩意儿简单，一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了”惊了三个老夫子一跳。 再来个诗词，这个玩意儿简单。反之啊，你是不是对诗词有什么误解？不再好生酝酿一番？张桓公心里有些不踏实。没空，我媳妇还等着呢。徐小贤坐在了张桓公的桌前，提笔就在三双眼睛的注视下落了下去。徐小贤要在文台上作诗，他刚刚才跑来书院，还没坐下来喘一口气，更不用说酝酿了。他居然落笔了！台下的学子们无不震惊的看着，一个个难以置信。这小子，安荷花摇了摇头。 估计也就是将以往的诗词再写出来，他这是放弃了夺魁。妓月来了，他就不怕在妓月面前丢了脸面？杜如门问了一嘴，他裸奔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怕什么丢了脸面？周若琳也一声叹息，他刚才吼的那一嗓子可坏了人家妓月的名声，估计待会妓月会上台来瞪亲。喂喂喂，兄台，徐小贤当真干出过裸奔这事？他真的有精神异常之症吗？妓月和他之间的婚约究竟取消了没有？他如此不要脸。 真是坏了咱们文人的气节！你们竹林书院也是，怎么会让一个疯子来参加呢？他这分明就是在捣乱！学子们顿时窃窃私语，说的皆是徐小贤的不是，似乎忘记了这是一场重要的文会。齐文杰冷冷一笑，对常旭杰和宋思杰说道：“一个疯子的疯狂行径，居然让这么多的人对他如此关注，这些人啊，和那疯子有何两样？构思吧，不然咱们去荷塘边转转，找找灵感。这是个好法子。”三人起身向旁边的荷塘走去。 只有宋思杰转头看了文台上一眼，角落里的罗灿灿又笑了起来。这个徐小贤倒是给了他许多的惊喜。福伯，你说他真能马上做出这下河的诗词来吗？福伯捋着胡须淡淡一笑：天下能七步成诗者，至今仅仅听说有一个北魏的花中举花老大儒。但就算是花老大儒，穷其一生也仅仅只有三次做到了七步成诗，故而人们尊他一声七步老人。 就连花老本人都说那是天赐机缘，实难得一窥。徐小贤福伯摇了摇头：“三少爷啊，他可是有精神异常之症。其实就算他正常，他也没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真的就能写出合体的诗词来，除非是他昔日所作，今儿再现而已。”三少爷罗灿灿可不懂这什么诗词文章，此刻听福伯一说，便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心想这拿旧诗来当新词，算不算作弊呢？不过他转念又一想，徐小贤这样的人，据说以前除了来书院读书，其余时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若是他早就写过这样的诗词，也没人知道呀。所以这不算作弊，反而还是个好主意。罗灿灿好整以暇的抬眼看向了徐小贤，心想这小子的爹，听父亲说可是真正的文武全才。现在很明显，这小子那弱鸡的模样，武和他没有关系了。但愿他还能继承一点点世伯的文气吧。季玉儿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此刻也望着徐小贤。他们三人此刻还站着书院的牌坊口，距离文台有些远。季玉儿的视力不太好，以至于他只能微微眯着眼睛。 这样不是太舒服，他决定到前面去，那样才能将他的许郎看得清楚。这满场的数千人，恐怕唯有季玉儿坚信徐小贤能够诗词经四作夺得那魁首了。这对于季玉儿来讲，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他已经看过了徐小贤的三首诗词，若是再加上那首《明日歌》，可就是四首了。但现在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徐小贤作诗，第一次很宝贵，这是要存留在记忆中的美好。若是徐小贤生命的长度在某一天断了， 自己也能在某一个冬日的暖阳下，坐在那一片阳光里，默默地回忆着他曾经的生命的宽度。所以，季玉儿走向了文台，周若兰和季心儿能怎么办呢？也只能跟着他走向了文台。朱重举和苏平安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穿过人群，距离那文台越来越近。苏兄，徐小贤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朱兄，你看徐小贤现在的模样，我觉得他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朱重举的视线落在了文台上。 便看见徐小贤站在张环公的那张桌子前，一撩衣袖，淡定洒脱的捉住了笔。这便是自信。许兄这样的自信，我仅仅在我妹苏菲的身上见过。但许兄捉笔的那一瞬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感觉，怎么说呢？福起不怀，高山仰止，愿君敏德，辍书饮水，那种感觉大致如此。我妹苏菲不如他也。朱仲举一正，这句话的意思是形容对一个人的品德以及聪明才智的崇拜。 若是说徐小贤为百花村的村民们谋福利，这倒是能说明他的品性高洁；他捣鼓的这一手宣传手法，也能说明他的聪明才智。可是用在徐小贤作诗上，我不是说他作诗如何，而是他现在的那态势，你看，是不是像个睿智的君子？朱仲举便看见徐小贤抬头，忽然一笑。他左手撩着右手的衣袖，右手握着的是饱蘸了墨汁的毛笔。他未曾落笔，但脸上的那笑意却分明表露了他心中早有了秋鹤。其实，徐小贤是冲着妓而笑的。 他很开心，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这么开心，比他在淡水楼将那二百两银子忽悠在口袋里的时候还要开心。穿着一身白裙的季玉儿就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白玫瑰，她羞怯的笑意就像在那白玫瑰的花骨朵的顶端染上了一抹淡淡的霞帔。他就站在下面，这个喧哗的世界似乎就这样安静了下来。徐小贤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落笔，这是一首漂亮的行书：“小池，泉眼无声惜细,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他直起了腰，搁下了笔，又抬眼看着季院儿一笑，笑得季院儿心肝扑通扑通的直跳。老哥，搞定，我走了。张桓公和张长举、魏长青三个老夫子可是分别站在徐小贤的三方，他们亲眼看见徐小贤毫不犹豫的落笔，这首小池就这样随着那笔的游走落在了纸上。短短四句，看似平平无奇，但他们却分明在这首诗里看出了不平凡的意境。张桓公瞬间就确定。 这首诗必然是本次文会之魁首。魏长青也早已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徐小贤可是竹林书院的学子，他若是赢了，老夫输了那一千两银子无所谓，但张桓公的这张举荐名额可就和他北秀书院无关了。这肯定不行。且慢！魏长青伸手阻止了正要下去的徐小贤。上回说到，魏长青为老夫子一句“且慢”，并阻止了徐小贤下台。 他的这声“且慢”说的有些迫切，坐在前面的学子大多都有听见，站在前面的妓院儿自然也听见了。怀春的少女眼睛陡然一亮，徐小贤真的这么快就做出了一首诗词来了？他究竟做得好还是不好呢？魏老夫子既然阻止了徐小贤下来，恐怕那首诗词极好，不然魏老夫子定会捋着胡须淡然一笑，任由徐小贤离去，哪里有将他留下的道理？少女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儿，脸上仿佛绽放了一朵洁白的莲。 纪心儿一瞧姐姐脸上的这朵花，顿时撇了撇嘴，斜灭了继玉儿一眼，心想继玉儿掉入徐小贤那火坑里，可再也爬不出来了。哎，纪心儿心里悠悠一叹，事已如此，往好的地方想吧。隔壁有好吃的，这以后干脆就去隔壁吃饭，也算是徐小贤那家伙对自己的补偿。角落里的罗灿灿武功高而力极好，他也隐约听见了“且慢”二字，顿时笑了起来，对福伯说道：“看来这天下除了北魏的一个七步老人，咱们大臣似乎也要出一个三西少年了。” 福伯微蹙着眉头，难以相信。他摇了摇头，没可能。天下学子不计其数，就说江南之地四大才子，他们的名气够大了吧？可也没听说他们其中任何一人能够做到七步成诗。而今看来，徐小贤定然是昔日所作，今儿不过抄来罢了。可这也是他做的呀，抄自己的算抄吗？何况还是没有流传出来的诗词，有何关系？福伯顿时哑然，这能怎么说呢？这确实不算是抄。 但这不能说明徐小贤就真的能够七步成诗，三溪少年就更不用提了。只能说徐小贤略有文采，他本来就是个读书人。若是去岁上面没有动手脚，现在他恐怕已经去了长安准备会试了。这话有点道理。三少爷罗灿灿是个讲道理的人，他点了点头，同意了福伯的观点。徐小贤能做诗词，会做诗词，只是和寻常少年一样，需要酝酿，需要灵光一现，需要时间去雕琢罢了。魏长青也是这么想的。事实上，这满园的学子。 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很多也是这样做的。荷花这个东西是写诗词的一个重要元素，春柳、夏荷、秋月、冬雪，这些都是写诗词的重要元素。所以他们平日里确实也写的比较多。只是今日涉及到举荐，他们需要将昔日写过的自认为精彩的诗词再仔细的润润，让它更精美，更能吸引上面的三位评审罢了。徐小贤想来也是如此，只是他既然这么快的果断落笔，那诗词恐怕就不咋样。魏长青当然知道这首小池极好。 所以他不能让徐小贤就这么下去了。徐小贤一怔：“我不是作答已经完成了吗？”许公子，魏长青说话了。他微蹙着眉头，眼神颇为严肃。他捋了捋下巴上的那一撮山羊胡须。许公子平日可有作诗词？徐小贤不明所以，点了点头。偶尔。可老夫听说，许公子以往醉心于圣贤，在竹林书院读书十余载，可从未曾做过诗词。徐小贤听出这话里的味儿来了。一旁的张桓公也发现魏长青这话里有话。 张桓公就不乐意了。徐小贤可是做出了三首极妙的诗词，那水准可不是你魏长卿所有的。他正要说话，徐小贤却摆了摆手，开了口：“敢问您是？老夫北秀书院院正魏长卿。哦，魏院正，你这话的意思是不相信这诗是我所做了？”魏长卿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徐小贤。老夫还听说，许公子去岁落榜，在冰天雪地中做出了裸奔之事，被华老神医确诊为精神异常之症。老夫对许公子做的这首诗颇为怀疑。 徐小贤笑了起来。那魏元正认为这首诗是好还是不好？魏长青一噎，过了三息，他没有说出违心的话，因为这里还有张桓公和张长举。老夫承认这首诗确实不错。他说的是不错。张桓公又不乐意了：这么好的诗，你特么居然仅仅是说个不错？这位老夫子人老了，难不成眼也瞎了？老夫却认为这首诗极好，甚至老夫还敢说，这首诗定然是今日之魁首。张桓公这话一出。 下面的学子们顿时哗然，什么？徐小贤做的那诗能夺魁首？张桓公会不会是偏袒了徐小贤？人家是堂堂的大臣大儒，对诗词的见解肯定极高。既然他这样说了，便说明徐小贤的那首诗肯定有独到之处。但咱们都还未曾交上答卷，桓公就做出了这样的定论，会不会是太武断了一点？季玉儿的眼睛愈发的明亮，脸上绽放的那朵花却徐徐的收了起来。看来那个叫魏长青的老夫子是要对许郎发难，这可麻烦了。 他肯定抓住许郎那并不放，让许郎再做一首诗词来证明。诗词这种事情可没那么容易，许郎当如何自证呢？若是许郎自证不了，哪怕是张桓公在上面也镇不住，因为这关系到场中所有学子的利益前程，他们会起来反对。果然，魏长青对张桓公拱了拱手，礼数十足的侃侃而言：“桓公息怒，老夫并不是说这首诗不好，老夫的意思是徐小贤本身的问题众所周知。试问桓公。” 得了精神异常之症者，言行举止皆不能以常人论之。徐小贤得了这病，他还能做出如此好的诗来，这说出去恐怕无人会信。咱们这文会的公平公正，只怕会受到质疑。这场文会影响之大，恐怕会传出这凉州。老夫担心的是，可莫要让这样的一场盛会成了天下人眼里的笑话。那你想怎么办？很简单，徐小贤要证明这首诗是他写的，那他就再写一首诗词出来，同样是下河。 老夫可以给他充足的时间，若是水平和这首小池相当，老夫便相信这确实是徐小贤所作。徐小贤确实有惊世之才，如何？罗灿灿站在角落里，双手抱剑，咧嘴又笑了起来。他觉得这文会有趣极了。福伯，这算不算是那老头的阴谋？不，这是阳谋。徐小贤必须接下，若不接呢？你听听学子们的吼声，在魏长青这番话的煽动性，几乎所有的学子都大声的吼叫了起来，就连竹林书院的部分学子也不例外。 举荐的名额只有一个，张桓公居然断定了徐小贤做的那首诗可得文魁，这特么岂不是说他们一个字没写就已经被淘汰了吗？这显然不行。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哪怕他们没有机会得到这举荐的名额，这时候也绝不愿意这名额就落在了徐小贤的头上。这口肥肉既然老子吃不上，你徐小贤也莫想去沾了那油荤。我们不相信徐小贤能够写出好的诗词来。我对天发誓，徐小贤此前从未曾做过一首诗词。这文会不公。 只怕那徐小贤早已知道题目，并请了枪手，早已写好。魏老夫子所言有理。徐小贤，你若是男人，就证明给我们看。徐小贤听得一愣一愣的，我特么是男人啊！莫非在这广庭大众之下脱了裤子给你们看？一群渣渣，简直莫名其妙。志蕊早已捏紧了衣摆，俏脸上鼻翼两旁的那几粒雀斑都紧张了起来。因为少爷没动，少爷没动，是不是就意味着少爷无法再写出这下合的诗词来？季玉儿同样紧张，她可是梁一县的大才女。 他深知这样临场做事的难度，需要静心，需要灵光一现。可现在呢？现在许郎在台上可是千夫所指，他的心岂能静得下来？只怕他已经怒火冲天了。可如何是好？柳烟梅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她抬眼瞟了一眼台上傻乎乎的徐小贤，转头看向了季月儿。季大才女，你确实长得漂亮，这双眼睛更加漂亮。可为啥偏偏就瞎了呢？徐小贤，哼，也不知道抄了谁的诗。可惜呀、啊，他终究没能蒙混过关。现在好了。 反成了众矢之的，这伪装可就要被活生生的拔下，只怕会露出那伪装下怯生生的小来。季希儿顿时看向了柳烟梅，眼里自然极不友善。徐小贤是我姐夫，我可以作践他，你有什么资格对他指手画脚？季玉儿阻止了季希儿发飙，她反而平静了下来，捏了一眼柳烟梅，丢给了她四个字：井底之蛙。柳烟梅被季玉儿这神态和语气一噎，愣了片刻，才呵呵一笑：我是井底之蛙，那就看看某人瞎了眼找的夫婿如何下场吧。 你他妈有病啊！季心儿忍无可忍，我姐夫如何下场关你屁事？你再逼逼，信不信我削你？柳烟梅吓了一跳，后退了两步，又阴阳怪气的呵呵起来。哟，这小姨子为了姐夫也是要拔刀相助啊！季心儿一脚踏出，砰的一脚踹在了柳烟梅的腹部。柳烟梅啊的一声尖叫，被季心儿这一脚踹飞出去三丈，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他被吓得花容失色，刚刚从地上坐起，季心儿已经到了他的面前。本姑娘告诉你，嘴里积点德！ 不然，哼！季心儿凶神恶煞的瞪着柳烟梅。本姑娘撕烂你的这张臭嘴！柳烟梅咽了一口唾沫，此刻的她脸色惨白，亡魂大冒。她是来参加文会的呀，这里怎么出了个这么个不讲道理的女人？可她一个字都没敢说出口，她很担心这不讲理的女人真的会撕烂了她的那张漂亮的嘴。这里刚才的那番动静不小，自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才发现这里差点发生了一桩命案。徐小贤自然也看见了，只是他不知道小姨子是在为他伸张正义。 只是觉得小姨子穿着那一身红装好威风的样子，苏平安抿了抿嘴，夹紧了双腿。角落里的罗灿灿也张大了嘴巴，这特么的，这年头的娘们怎么一个个都如此生猛了、啊？叶欢欢那女人动不动就拔刀，把自己活生生从北都侯府给撵了出来。在这梁义县妓玉儿那妹子也特么这么火爆，说揍就揍，毫无道理可讲的呀。罗灿灿又看了看台子上的徐小贤，在这样暴力的小姨子的淫威之下，这小子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 他居然生出了和徐小贤同病相怜的感觉，甚至想到了另一个更深远的问题。福伯，你说这姐妹二人是双胞胎，徐小贤若是认错了人，搂错了对象，他会不会被这他这小姨子给打死？福伯一怔，三少爷的脑子总是这么新奇，这如何回答得了？就在此刻，台上的徐小贤说话了，他面对数千学子，背负着双手往前走了几步，看上去气宇轩昂，极有名家风范。我知道你们不服气，他又转过头来看了看魏老夫子。 我知道你也不服气，他走回了张桓公的那张桌子前，左手一撩右手的衣袖，右手握住了笔，在砚台里一站。我告诉你们，我的病早好了。我再告诉你们，和我比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和我比做诗词文章。真的，我叫徐小贤，字婆之，妓院的未婚夫。接下来，我再做几首关于夏荷的诗词。但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若是魏老夫子觉得我的诗词文章还不错，你们，你们所有人都得去梨花巷子的百花蚊香院里买点蚊香。 顿了顿，徐小贤正要下笔，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抬头补充了一句：“另外还得去隔壁的三位书屋里买一些宣纸。”各位兄台，文香和宣纸更配哦！百花文香，天下无双，你们值得拥有。我操！下面许多的学子顿时又炸开了锅。可徐小贤却淡然一笑。就在季鱼儿火辣辣的视线里，就在炙蕊不安的阳光中，就在台上张桓公的期许下，就在魏长青震惊的神色中，他再次落笔，并徐徐吟诵道：“此词名为西《浣溪沙》。” 荷花四面垂杨十里河，问云何处醉花多？画楼南畔夕阳河。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他揭开了这张纸，再次饱蘸笔墨，浑然没在意。此刻全场皆惊，全场皆静。他更没在意魏长青难以置信的眼神。他再次落笔，念道：“下一首荷花，荷花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爱画船摇。向道熏风四五月，已能遮住美人腰。”他又揭开了一张纸。 又饱蘸笔墨，忽然转头看了一眼魏老夫子，灿然一笑。下一首还是荷花，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他又转头看了看魏长青，够了吗？能证明我了吗？你倒是说话啊！不说我可就去和我娘子赏荷花去了。三首，一首词，两首诗，徐小贤有吟诵出来，声音很大，场间寂静，全场的人都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何况是在台上与徐小贤近在咫尺的魏长青，他早已惊呆了。莫要说他，就算是张长举和张桓公二人，也早已震惊当场。这是多么惊艳的三首诗词！不，加上最初的那首，这是四首诗词。徐小贤就在这片刻的时间里，不是他根本就没停下来思考落笔，而成了后面的这三首诗词。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这特么就是登峰造极的境界！问大臣，问天下，还有何人能够在顷刻间落笔成三首诗词？ 张文举做不到，魏长青想都没想过，张桓公一代大儒也做不到，但徐小贤却做到了，而且四首都是绝品。张桓公上前一步，捧着了那首《浣溪沙·荷花》的词，张文举一把抢到了《荷花》这两首诗。他们的表情已经向所有的学子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四首诗词无人能及。北秀三杰早已走了回来，他们也听见了这三首诗词，一个个顿时面无人色，才知道刚才在那荷塘边算是白看了那荷花。 柳烟梅此刻也忘记了纪仙儿带给她的恐惧，她怔怔的看着台上的徐小贤。此刻她眼里的徐小贤哪里有什么疯病，简直就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俊美潇洒。他说他的病早好了，看来是真的好了，不然哪里可能有如此敏捷的才思，哪里可能有如此博学的才华？他的视线移向了纪玉儿，这才知道纪玉儿不但眼睛极为漂亮，她还是最有眼光的那个女人。徐小贤简直就是个宝藏啊！今儿他必然夺魁，再得张桓公举荐。 弄不好还有一两首诗词能够进入文风阁，他这是乾隆腾渊，要一飞冲天啊！罗灿灿依旧双手抱剑在胸前，转头看向了福伯。这徐小贤这一搞，岂不是比七步老人还厉害了？福伯也早已惊呆了呀！他是懂得诗文的，虽然造诣不高，但好坏还是能辨。徐小贤这三首诗词显然极好，他还真就比七步老人厉害了。三少爷，他说他的病早好了，莫信他的病没好，就算好了也不能好。老奴明白了。 要想徐小贤不引起京都的注意，最好的法子就是他得了不治之症，所以他的病不能好。看来我也不会寂寞了。我是武学天才，他是文学天才，这样才更有意思嘛？咦，徐小贤这小子跑哪里去了？这应该是大臣十六年历史上最无聊的一场文会。当徐小贤再次写出了那三首诗词之后，数以千计的学子们居然再也生不起做诗词的兴致来。还怎么写？不是说千年已将荷花都被古人写绝了吗？不是说再难写出新意了吗？ 可人家徐小贤气都不带喘一口的，落笔之间就是三首，还风格迥异，却偏偏又将夏日之河描绘得栩栩如生，这怎么比？依旧站在文台上的张桓公三人，此刻所想也是这文会再无进行下去的必要。还有谁能胜过徐小贤？无论是在诗词的质量和数量上，台下的这几千学子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按照这文会的规矩，却也不能就此结束。毕竟许多人那么远跑来，总得给人家一个公平，写上一首诗词来不，不是？ 可台下的学子们此刻哪里还有提笔的勇气？安荷花直接丢下了手里的笔，自嘲一笑，长长一叹。巨特么的徐小贤！齐文杰依旧怔怔的站着，似乎还没有从徐小贤的这三首诗词中醒过神来。宋思杰却摇了摇头：“梁逸县果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那么多人说徐小贤是个疯子，我昨儿个还不信，但现在信了。他确实是个疯子，与众不同的疯子。他那是文疯，疯起来太可怕，恐怕就算是江南四大才子也自愧弗如，何况你我。” 我放弃本次文会，你们继续。淡水楼的平桥豆腐很好吃，齐兄、宋兄，你们继续。小弟早些去淡水楼订个雅间。常旭杰这时候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他可是冲着张桓公的那举荐信而来，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做了许多的准备。这些准备，就连齐文杰和宋思杰也不知道。他本以为可以在这文会上一鸣惊人，能够成为数千学子中最耀眼的那颗星星，能够将平日里看不起他的齐文杰给狠狠的踩在脚下。 可现在，他忽然发现自己准备的那一切，在徐小贤临场而作的三首诗词面前，就像绿叶一般，仅仅只能陪衬着红花，甚至连绿叶都不是，就是残枝败叶，不堪一提。一切如梦幻泡影般破灭。常旭杰忽然大笑了起来，看得身旁的齐文杰一怔：“长兄何事如此欢喜？”可紧接着，常旭杰又嚎啕大哭起来。齐文杰顿时瞪大了眼睛，不自觉的后退了两步：“长兄何事又如此悲伤？老天不公！” 既生贤，和生杰？我等前来，可是在书院的同窗面前夸下了海口的。我三人必有一人夺魁首而归。齐兄，这魁首还能夺否？我等三人无颜见书院同窗好友，在下顿觉生无可恋，莫如莫如投了那荷塘，一死了之。这个神经病！齐文杰吓了一跳。你特么要去寻死，可莫要拉上我。柳烟梅这时候从徐小贤的三首诗词中惊醒了过来，他的视线在人群中逡巡。没多久，他看见了人群中的徐小贤。 那是梁逸县人们口中传言的疯子吗？他们是不是对疯子有什么误解？这样的少年落笔成词，还惊艳四方，简直是举世无双的天才。所以，疯子和天才仅仅是认知的不同，他们本为一体，只是人们看见的不是同一个面罢了。现在的情况很明了，徐小贤一共做出了四首诗词。魏老夫子在无理由对徐小贤发难，而更关键的是，徐小贤在一口气之间做了三首极为惊艳的诗词，一举摧毁了这数千学子的信心。 想来今儿这文会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了，自己是来寻妓院比试的，斗不过徐小贤，难不成还斗不过你妓院吗？这满场的男子输给了那一个男子，那自己就代表女子去赢了妓院，一来是扳回一局，二来可借着徐小贤的风头，让自己的名声更盛。以后说到凉州才女，偌大凉州便只会是我柳烟梅一人。如此想着，柳烟梅深吸了一口气，昂首挺胸的向徐小贤和妓院走了过去。 此刻的徐小贤正在和季月儿窃窃私语，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的？季月儿一脸绯红，很是激动，也有徐小贤靠她太近，他终于看清了徐小贤的模样，原来他长得很好看呀！这样的好看显然和鹦鹉无关，却是独属于读书人的秀气，尤其是那双澄澈的眼睛，仿佛一泓幽潭，微波有界，却容纳了满天的星辰。徐小贤一把就抓住了季月儿的手，少女的手一哆嗦，想要抽出来，却被徐小贤给握得更紧。 季玉儿羞怯的垂头，放弃了挣扎，觉得那握着自己的手的手很是温暖，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顿时充斥着少女的全身，有些酥麻，还有些让人心慌。真不是，作诗这种事情真的太过简单。季玉儿咬了咬嘴唇，头依旧低着，不敢去直视徐小贤那火热的眼光。这家伙说话一点都不谦虚，可为啥我就喜欢听他这样说呢？那，你现在再做一首给我听听。少女勇敢的抬起了头，和徐小贤四目相对，皎洁的眼眸一眨一眨。 那一瞬间，仿佛有无数的鲜花绽放。好，徐小贤凑到了季月儿的耳畔，羞得季月儿耳根子都红了。他低声的吟诵出了一首词，季月儿一听，顿时忘记了羞怯，他被这首词震撼的无以复加。他看向了徐小贤那张洋溢着得意微笑的脸，才知道他说的果然是真的。他居然不假思索的又做了一首关于夏荷的词，而这首词比那三首似乎还要好。季月儿看向徐小贤的视线里一片柔情，他知道自己真的遇见了生命中的良人。 在此刻，季玉儿再没有去想徐小贤生命的长度。他觉得，哪怕拥有徐小贤一天，此生足矣。季心儿此刻已经看呆了，这两人在干啥？那婚书还没送出去呢。不是，现在这情况，那婚书显然已经不是个问题。只是你们这样大庭广众之下牵着手，还贴得那么近的说着悄悄话，这样真的妥当吗？季玉儿，廉耻呢？你不是时常要我矜持吗？徐小贤究竟对你说了什么甜言蜜语？怎么我觉得你就快投怀送抱了？就在这时。 柳烟眉不合时宜的走到了他们身边，季院，儿，我代表凉州的女子向你挑战。柳烟眉的声音很大，顿时吸引了不少学子的目光。她俏然而立，就像一只骄傲的母鸡。她看了看回过头来的季院，儿，又道：“凉邑县大才女的名头，小女子早有耳闻，心心念念许久。这一次，她转过身看向了所有的少年。小女子水阳县柳烟眉，久闻月儿小姐大名，故而借着本次凉邑县百花闻香端午文会，不是那些该死的广告，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简直是侮辱斯文！借着本次竹林书院端午文会，小女子特意前来，求的就是和月儿小姐各自赋诗一首，以求三位老大人和诸位学子们评判。人们常说文无第一，可刚才徐小贤数息而作四首诗词，他是不是第一呢？小女子对此不敢评判，但寻思这文会终究会有一个第一的，所以小女子借此机会向月儿小姐挑战，以求月儿小姐诗词文章之风采，书而无憾。她又转过身看向了季月儿，躬身一礼。 还请月儿小姐成全。柳烟梅的这番话，将原本还被徐小贤那番操作给弄懵逼的少年们惊醒了过来。他们已然明白，无法和徐小贤再一较高下，心有戚戚，本就失落。此刻再一瞧，徐小贤和大美女纪玉儿居然手牵手秀恩爱，这就是才色双收吗？他肯定能得了张桓公的举荐，一飞冲天。这还抱得了美人归，人生之圆满，大致也就是如此了。这些少年们的眼光中有嫉妒，有羡慕，也有愤怒。罗灿灿这时候就充满了嫉妒。 他本来是想由自己来撮合徐小贤和季玉儿的呀、啊，那样多有成就感。可现在呢，徐小贤那家伙就凭几首听不懂的诗词，就将季玉儿给拿下了，一点悬念都没有，没意思、啊。他依旧环抱着双手，忽然转头对福伯说道：“我看季县令调任凉州这件事，先缓缓。”福伯一怔，抬眼看向了罗灿灿三少爷：“刚才你不是才说凉州刺吏曹不动该动动了吗？我改主意了，不行。”罗灿灿深吸了一口气：“狗曰的徐小贤！” 好事都被你丫给占完了，但这是人家徐小贤凭本事给占的，他罗灿灿也是心服口服。曹不动查还是要查，让纪中谈在这破地方再待两年。另外，徐小贤澄清这事，让齐文俊亲自来主持。但现在不行，得等本少爷澄清之后，他徐小贤才能澄清。福伯望了望罗灿灿，这三少爷的思维总是那么新奇。他这样一搞，可就耽误了人家徐小贤啊！你三少爷死活不想娶叶欢欢，你这是要把徐小贤给拖到什么时候？三少爷。 徐小贤有病，许家得尽快留个后人。他不是说他没病了吗？不管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让齐文俊给纪中谈写一封信。反正本少爷没有成亲之前，他徐小贤别想进洞房。北都侯府三少爷罗灿灿心里乐开了花，他极为佩服自己的脑子，这个主意好啊！老子就是要你徐小贤看得见、摸得着，却吃不到嘴里。哼哼，慌死你丫的！罗灿灿是个讲道理的人，嗯，有句话不是说月满则亏水，水满则溢吗？ 徐小贤好事占尽就不是个好事，太满得倒些出来。福伯又看了看三少爷，却一句话都没有说。说什么呢？难道和三少爷去讲道理，还不如对牛弹琴？此刻站在季月儿身旁的周若兰有些紧张了。他知道季月儿压根就没准备这次文会的诗词。再说这次文会是临时命题，那柳烟梅已经酝酿了许久，可季月儿却一直在花痴一般的关注着徐小贤。他显然没有去思考这题目。现在人家发难了，季月儿若是不接。 弱了梁邑县才女的名头倒是小事，但当着这么多人丢了脸面，这可是大事。若季玉儿接了，她极有可能败北，柳烟梅会名声大噪，季玉儿却会成为整个凉州的笑话。现在季玉儿会怎么办？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季玉儿忽然转头看向了徐小贤，徐小贤一脸笑意的点了点头，可季玉儿却摇了摇头，无趣，我们走。徐小贤一愣，不比了？虚名罢了，我不求那些。好，我们走。两人手牵手。 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向广场外走去。柳烟梅一惊：“季月儿，你站住！”季月儿忽然转身看向了柳烟梅：“凉州第一才女就是你了。我现在没空，真的。你虚有其名，名很重要吗？反正我不觉得。你配不上徐小贤。”一听这话，季月儿就不乐意了，徐小贤就更不乐意了。“你叫柳烟梅，我觉得你是烟熏到了眉毛上了头。季月儿是我的未婚妻，是你一个小女人能够指手画脚的吗？” 徐小贤盯着柳烟眉，很是生气。老子正在和未婚妻热恋呢，你来插一杠子是几个意思？可我怎么听说继父已经收回了那婚书？你们这算什么？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不成还想私奔？恬不知耻，不过如此。这件事整个梁邑县人人皆知，今儿来到竹林书院的外地学子们也多有听说。按照礼仪，婚约未成，这男女之间莫要说牵手，就是见面那也是奸情。虽然不至于浸猪笼。 但得个不守妇道的风评却是极为正常的。季月儿心里一慌，想要抽回手来，却被徐小贤给抓得更紧。他牵着季月儿，凶神恶煞地向柳烟梅走去，另一只手从怀中取出了那婚书，一家伙甩在了柳烟梅的脸上。睁大你的狗眼，好生瞧瞧，月儿和我之间的婚约早已定下，她本就是我的未婚妻。你们这些人，徐小贤指了指捧着婚书已经惊呆了柳烟梅，然后一划拉，你们这些人，我看是闲得蛋疼。他一把从柳烟梅的手里取过婚书。 举起手来，扬了扬。月儿性子恬淡，不喜争强斗胜，却也不是你柳烟梅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来，月儿，相公为你磨墨。徐小贤揣好婚书，就着身旁的一张桌子，他真的为季月儿磨起墨来。许郎，这样好吗？人争一口气，佛受一炷香，别想那么多，写。季月儿顿时笑了起来。她没有料到徐小贤已经拿回了婚书，现在这算是夫唱妇随。他提笔，就着所有人的视线中落笔。他写好了一首词，柳烟梅。 你不是非得要比吗？凉州第一才女这样的虚名有何用？你拿去罢了。再见。徐小贤又牵着季玉儿的手，两人溜到了广场旁的荷塘边，留下了一地的各种复杂的视线。季玉儿又写了怎样的一首诗词呢？柳烟梅看了一眼季玉儿的背影，心里升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他三步来到了那张书桌前，定睛一看，嘶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脸色陡然煞白，豆大的冷汗从他的额头上滴落了下来。其余的学子原本还以为季玉儿不过是应付一下柳烟梅。 恐怕也是随便写写，可此刻一见柳烟眉的神色，他们的心里也是一紧。难道季玉儿也做出了了不得的诗词来？北秀三杰的率先走了过去，他们也看向了桌面的那张纸，同样也倒吸了一口凉气，视线仿佛被定在了那张纸上，久久无法移动分毫。越来越多的学子围在了那张桌子前，他们看了许久，偏偏又鸦雀无声，这就很诡异了。张桓公觉得自己那学生恐怕也做出了了不得的诗词来，他亲自走了下去，拨开了众人，拿起了那张纸。 他也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双老眼陡然大睁，另一只手习惯性的捋着胡须，却定在了半空。好词啊，好词！他拿着这张纸走到了文台之上，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光芒。季玉儿是老夫的学生，今儿他在这里做出了一首极为精妙的好词，老夫引以为豪。下面，老夫为大家诵读一下这首词。此词名为《阮郎归》，初夏这首词不参与评选，但在老夫看来，确实是难得一见的佳作，请诸位同赏。台下的朱重举就惊呆了。 刚才徐小贤一家伙捣鼓出了四首诗词，其中三首已经让所有的学子绝望。现在看来，这文魁非他莫属。可现在张桓公老大人又对妓院的这首词如此褒奖，所以这两人当真是天作之合吗？苏平安未曾注意到朱重举那张生无可恋的脸，他盯着台上的张桓公，心里想的是得将这首词给记下来，然后寄给妹妹苏菲，让她明白这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张桓公一缕长须开了口：“绿槐高柳燕新蝉，新风初入弦。” 碧纱窗外水沉烟，其声惊皱眠。微雨过，小荷翻，流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他抬起了头来，老眼炯炯生辉。今日文会，而今已得五首极佳诗词，这其中的四首是老夫的忘年好友徐小贤所作。这话一出，将那些还沉浸在这首词里的少年们吓了一跳。他们难以置信的看着张桓公：“你老人家可是大臣有名的大儒？” 你居然说徐小贤是你的忘年好友？那小子说他的疯病好了，现在看来确实是好了。不然堂堂当朝大儒怎么会和一个疯子结为忘年之交？徐小贤的诗词，老夫此前就已经见过。毫不夸张的说，你们输给他是不冤的，因为就算是老夫在诗词上的造诣，也远不及他。这句话来的更让人震惊，就连台上的张长举、魏长青两位老夫子也一脸骇然的看向了张桓公。如此说来，岂不是意味着徐小贤的诗词极有可能能够进入文风阁了？ 百花闻香，天下无双。这里是百花闻香端午文会的现场。刚才徐小贤在台上作诗的时候说过，他若是做出了新的诗词来，你们就得去梨花巷子的百花蚊香院买一些蚊香。这陡然转变的画风让许多人很不适应，但张桓公此刻似乎领悟到了徐小贤的这广告的精神。老夫也不瞒大家，我这小兄弟捣鼓的这蚊香，老夫早已用过，效果极好。另外就是，他售卖这蚊香可不是为了给自己赚银子。知道这蚊香为啥叫百花蚊香吗？ 因为就在咱们梁邑县外十余里的处，有个地方叫百花村。老夫这小兄弟高义，他去过了百花村，见到的是百姓生活困苦的模样，于是产生了带领百花村村民致富的想法。这百花蚊香正因此而问世。你们所买的每一盒蚊香，都是在帮助百花村的村民们繁。繁之他分文未赚。百花蚊香，你值得拥有，因为这是一件善事。老夫愿意为繁之的这百花蚊香代言。张桓公的这番大气凛然的话，顿时让全场的学子们再次一惊。 他们没有料到徐小贤居然会去为那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做事，而且还是毫无收益的事。他为的仅仅是让老百姓能够多一点收入，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这家伙好像忽然没那么讨厌了。角落里抱剑的罗灿灿自然也听见了这番话，他回头看了看福伯，笑了起来。看来这家伙比我想象的还要有意思一些。福伯不置可否，终究是小道，没有小道何来大道？福伯语塞，忽然觉得三少爷反问的这句话。 还真有点道理，可是老奴听说他放弃了张桓公的举荐，一个小小的百花村，他能折腾出个什么东西来？这言下之意，自然是徐小贤若是去当官，治理一县一郡，然后在一州一府，这才是福伯认为的大道。罗灿灿却摇了摇头：“师傅教我练剑，仅仅教了我一招，拔剑削他，完事。师傅说，大道至简，关键处在于静心、恒心、决心、专心，还有平心。徐小贤能够放弃这么多学子梦寐以求的举荐资格。” 这就说明他能够静心。你再看看这处处皆是的条幅，这说明了他要办成这件事的决心。他不取分文利润，这是他的平心。至于恒心和专心，想来他也是有的。福伯没有去和三少爷辩驳，在福伯看来，这真的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若不是因为那家伙叫徐小贤，三少爷肯定不会如此牵强附会的去解释。那是不是往后侯府也多采买一些蚊香，帮许公子一把呢？这个主意好，就这样定下来。 每月才买两千两银子的蚊香，这件事你去安排。徐小贤没有料到，他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大主顾。而后，这位大主顾还将他的蚊香给送去了长安的皇宫里。此刻，张桓公依旧站在文台上，看了看下面斗志全无的少年们，觉得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如让他们去买蚊香去。诸位，若是你们有信心能够胜过徐小贤，就请快快落笔；若是你们放弃，百花蚊香天下无双。 本次由百花闻香冠名的百花闻香端午文会就此结束，不做评比，请诸位记住是在梨花巷子的百花蚊香院买蚊香，莫要走错了地方。散场，且慢！一个声音陡然从广场的角落里传了出来：“那样真的好吗？”荷塘边，季月的脸蛋儿依旧红扑扑的，可不是太阳给晒的，而是她直到现在那澎湃的心情就未曾消减。她说的那样，当然指的是那首词，本来是徐小贤在她耳畔吟诵出来的。 那是徐小贤做的词，却被他用来赢了柳烟梅，这在季玉儿心里有些不大自在。这有什么好不好的？夫妻本为一体，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别想那么多。这文会也差不多结束了，咱们走吧。季玉儿的仙儿跳得更快，脸上愈发的娇媚，看得徐小贤心里一荡一荡的。这迷死人的小妖精，可得尽快娶回家里来才稳妥呀。去哪？季玉儿声若蚊蝇的问了一句。徐小贤一愕：“是啊，去哪呢？要不去我家？不行。” 咱们还未曾成亲，那去你家，去三位书屋坐坐。好，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站在远处的季心儿眼睛都快要冒出火来。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和自己前后就差数息时间出生的姐姐，这就要嫁人了。嫁人，多么可怕的字眼！怎么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季玉儿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当个孩子的娘吗？看她那副可人的模样，她藏起了本性，显然就是对徐小贤动了真情。 那婚书不知何时又落在了徐小贤的手上，所以他们成亲是铁定的，仅仅是还要等多久的问题。季玉儿急不可耐地搬到了徐小贤的隔壁，估计娘亲一回来，他们成亲这事就会提上日程。哎，季心儿银牙咬着嘴唇，鬼迷心窍的季玉儿，徐小贤若是死了，你可怎么办才好呢？就在季心儿内心矛盾的时候，徐小贤和季玉儿正好走到了广场的大门口，正好响起了那声洪亮的“且慢”二字。徐小贤回头一瞧。 便看见了文台上站着一个抱剑的酷酷的黑衣少年，他以为那少年是要在诗词上向他挑战的，这已经无所谓了。今儿个抱得美人归，他对能不能拿下这文会的文魁已经没了兴趣。何况他相信他抛出来的那四首诗词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破的，所以他仅仅是看了一眼，转身便又牵着季玉儿毅然地走出了竹林书院的那牌坊。这种时候可没有比和季玉儿聊聊天更重要的事了。文台上的北都侯府三少爷罗灿灿就这样瞪大了眼睛。 眼睁睁看着徐小贤的背影消失在他的视野之外，这家伙，好吧，家里老头子说现在还不是和徐小贤正面接触的时候，父辈的那份恩德那就留到以后再报。可惜了，自己威风的模样无法被徐小贤轻见，这让三少爷有些沮丧。原本还想大展神威的姿态，顿时变得心智缺缺。昨儿晚上在淡水楼立下赌约的十二人，你们给本少爷自觉的站出来！你们十二个本少爷记得清清楚楚，愿赌服输。你们这些文人想来也明白这个道理。 本少爷数三声，三声之后再不主动站出来，左右卫，他身边的两名侍卫上前拱手一礼，不主动站出来的给本少爷揪出来，就地砍了。三少爷最后这句话极有气势，场下数千学子陡然一惊，很多学子并不知道昨儿晚上的那场赌约，他们正一脸懵逼的看着，接着便看见了朱重举，朱大少爷极为兴奋的一声大吼：“吃翔！说好的输了吃翔，徐小贤赢了，你们特么的可不能做言而无信之人！” 三少爷罗灿灿落实了那份赌约，十二个从凉州而来的少年生不如死地履行了那份赌约。他们没有记住罗灿灿的淫喂，反将这笔苦大仇深的账记在了徐小贤的头上。这狗东西徐小贤，山不转水转，终有一天我等非得将此屈辱十倍，让你丫的偿还。就连见证人北秀三杰中的齐文杰和常希杰也对徐小贤恨得咬牙切齿。这十二人可都是北秀书院的学弟，他们是冲着自己三人的名头才立下这赌约的。可他们输了，这特么得怪谁？ 那就只能怪徐小贤了。徐小贤那厮在哪里？徐小贤和季玉儿压根不知道发生在竹林书院的那悲剧的一幕，他更不知道三少爷一家伙让他几乎得罪了凉州城所有的学子。此刻他们没有坐马车，而是就这样行走在梨花巷子里。时近正午，阳光有些强烈，但梨花巷子两旁的梨树生长的极好，阳光透过树叶洒落下来，有那么一片、两片、三四片落在了两人的身上，仿佛两人的身上盛开了那么一两朵明艳的花。 作为一个恪守职责的保镖，纪仙儿跟在两人身后三步的地方。纪仙儿的视线一直在两人身上游弋，那视线却颇不和善，仿佛寄出的两把凌冽的剑。徐小贤，你这无耻之徒，你居然还牵着纪玉儿的手！纪玉儿，你读的那些女训女诫呢？这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哎，当真是女大不中留。她嫁给了徐小贤，那家伙可就真成了自己的姐夫了。为了她流了三次鼻血，这个仇恐怕就再难去报了。红衣少女的视线终于收了回来。 随意的落在了林荫下的一簇野花上，他看见了两只蝴蝶正在花间翻飞，一只白蝴蝶，一只还是白蝴蝶，好一对奸夫淫妇。来福驾着老马破车，慢悠悠的跟在更后面。志蕊坐在马车里，脸色极不自然。今儿个少爷急匆匆跑去梁邑县县衙里找季县令要回了那份婚书，看来少爷终究是想通了。可他前几个月怎么就没想通呢？穿着一身鹅黄圈的志蕊就想不通了，最后只能悠悠一叹，觉得这大致就是真正的缘，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 他们俩终于走到了一起，这本来是自己此前极为希望的事。可当他们的手牵到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怎么会如此的痛呢？志蕊掀开了车帘，正好也看见了那两只蝴蝶。他忽然自嘲一笑，觉得那两只白蝴蝶才是最美丽的。他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回到府上，再穿上那绿色的裙儿，再也不穿这鹅黄的裙子了。天下恐怕是没有绿蝴蝶的。放手，人多了。临近三味书屋，街上的行人渐多，妓儿的头埋得更低，那张俏脸愈发的红。 你是我未婚妻，咱们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怕啥？握着手里的柔仪，徐小贤丝毫没有要放手的意思。来到这个世界足足五个月了，他早已明白，再没有可能回到从前。他是这个世界的一名微不足道的旅者，他已然明白自己的这一辈子都将在这个世界度过。至于前世那些曾经认识的人，曾经陪伴的人，无论是恩人、友人、亲人，还是仇人，终究没可能再见，那便再见。他想要在这个世界有个家，有了家就有了根。 就有了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证据。季玉儿无疑是个漂亮的女子，她丝毫不在乎自己的病，这是徐小贤尤为看重的。当然，他不能昧着良心的否认自己对季玉儿容貌的喜欢。他没有去想过要凭着自己领先这个世界数千年的知识去结交某个权贵的千金。他觉得，既然老天爷让他重活在这梁邑县，他就打算这辈子就扎根在梁邑县了。有一个漂亮的、知书达理的妻子，有属于自己的一处小院子，再有一些田地产业。 这一辈子想来悠闲的过去是极为容易的。现在牵着了季月儿的手，自己在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理想便实现了一大半。至于赚钱，这个事和抄诗词一样，对徐小贤而言真不太难。可是季月儿的心里就像装着一头小鹿一样，少女终究难以像徐小贤那样毫不顾忌世俗的眼光。她咬了咬嘴唇，低声又道：“可是咱们毕竟还没有成亲，来日方长，可莫要让街坊们说了不好听的闲话。”徐小贤的思想和这古人不一样。 但他却必须顾及季月儿的感受，于是他松开了手，却在季月儿的耳畔也低声说了一句：“明儿个我就去找岳父大人商量一下咱们澄清这件大事。”季月儿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子处，她却没有反对，反而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徐小贤今儿个虽然在那文台上说他没病，可季月儿知道他是有病的，他生命的长度不可测，季月儿希望自己能够在徐小贤有限的生命里多陪他一些时日，哪怕多一天也是好的。二人路过了百花文香院，好吧。 门可罗雀，坐在柜台后的李掌柜正打着呵欠，伸着懒腰，完全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季玉儿就有些担心了，转头看着徐小贤问道：“那蚊香当真能有销路吗？”“你放心，一定会很好卖。咱们等一会儿就能知道。”季玉儿又望了望蚊香院里的情景，心里有些打鼓。今儿个徐小贤虽然在书院里出尽了风头，却也得罪了那些学子们。自古文人相轻，那些学子们被徐小贤的四首诗词打击得生不起提笔的勇气。 如此一来，他们哪里会来光顾徐小贤的这文香苑？妓院的这份担心是极有道理的。此刻的竹林书院广场上，北都侯府三少爷依旧抱剑笔直的站在文台上，他的动作从上来到现在都没有丝毫改变，但他脸上的神色却有许多的改变。现在他的脸色不再严肃，反而还洋溢着灿烂的笑意。因为那十二个签了赌约的少年，此刻正在荷塘边吐得昏天黑地。本少爷是个讲道理的人，本少爷从来不拿北都侯府的地位来欺压任何一个人。 这是赌约，依旧是那句话，愿赌服输。本次文会，徐小贤赢了，他们自然就是输了。既然输了，当然得承受输了的代价。三少爷罗灿灿扫视了一番下面被惊呆了的学子们，有许多的学子被吓得面无人色，还有一些此刻实在无法忍受，居然疯了一般的跑去了某片竹林中，也大吐特吐起来。齐文杰一脸苍白，他压抑着翻滚的胃，不敢去想刚才所见的凄惨景象，他只想早些离开这个鬼地方，早些回凉州城去。 文慧输给了徐小贤，这个消息周阎王肯定会知道，那厮肯定会很生气。回去之后可得叫兰桂芳的柳青青多安慰他一下，免得他将那怒火发泄在自己头上。可罗灿灿站在上面没走，此刻哪怕借给他齐文杰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自个溜掉呀！真是约了狗了！你特么堂堂北都侯府的三少爷，居然跑到这破地方来管了这破事！那十二个少年可都是凉州城的学子，他们是为自己压的赌注。这一家伙被恶心的不行，这以后回到凉州城。 自己的话恐怕就没那么好使了。就在齐文杰惴惴不安的时候，三少爷又说话了：“百花闻香，天下无双。”就在刚才，徐小贤说：“若是他还能做出诗词来，你们就得去那什么地方。”三少爷转头看向了张环公，张环公也一脸生无可恋。他瞪了罗灿灿一眼：“梨花巷子，对对对，梨花巷子的百花闻香院。本少爷是个讲道理的人，你们所有人，你们输给了徐小贤，这个承诺你们必须去兑现。” 下面的学子们心里就极为不爽了，兴致勃勃地跑来这梁邑县参加文会，寻思着能够天降大运拿个魁首，得了张桓公的举荐，从此一飞冲天。可特么没料到，那个叫徐小贤的疯子居然在台上连作了四首诗词，他不是疯子是什么？谁能有如此大的本事，不带考虑的连续写出四首诗词，还是极佳的诗词来？就算是北魏的花中举花老大儒也办不到呀。他小子倒是出尽了风头，可我们呢？跑这么远来，银子花了不少。 最终却连字都没有写下几个，更不用说做出完整的诗词来了。买蚊香，那蚊香可是徐小贤弄出来的。原本就对徐小贤极为不满，现在还得去买他的蚊香，这特么不是膈应人吗？可此刻三少爷发了话，这个喜欢讲道理的三少爷就惹不起了。那还能怎么办呢？你们一个都别想跑！如果有谁没买蚊香，还是和刚才一样，本少爷是个讲道理的人，打断一条腿，再发配到边疆充军。行了，去吧。那个女人，你站在这里干啥？你也一样。 快去！柳烟梅整个人都不好了，她咬了咬嘴唇，却没敢去瞪那三少爷一眼，跺了跺脚，也转身随着人群而去。